正在遭受万族入侵的蓝星上空，突然出现十万架歼星舰。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蓝星即将遭受毁灭打击时，那领头星舰却突然走出一黑衣将领，大喊：“吾乃大秦白起，此番过来是奉陛下之命拯救蓝星。”此话一出，瞬间引得全球震荡。而龙国总统更是一脸蒙圈：“大秦白起，大秦不是在几千年前就亡了吗？原来多年前你穿越异界，成为大秦帝王，并且获得了声望系。这些年你在系统的帮助下征战四方，拳打诸天仙族，脚踢域外邪魔，更是直接统治无数星域，掌控多个宇宙。如今的大秦帝国可以说早已成为至高无上的霸主。但也正因如此，让你苦恼不？” 如今自己的强大让声望达到巅峰，接下来大秦想再提升将非常困难。然而就在你思索该如何突破声望时，一道声音的传来却让你激动不已。检测到蓝星正在遭遇万族入侵，危急时刻，蓝星世界意识向拥有蓝星血脉的你发出求助：“主人，是否让我与蓝星意志建立联系，开启万族通道？”听到这话，你摸了摸下巴，沉吟一会后，当即同意下来。另一边，蓝星的太平洋一座珊瑚岛上，由龙国、鹰将、日不落、毛熊等国联合起来的联合军正在进来，看着不断扩张的裂缝，神色严肃。之前在卫星检测到波动异常时，他们便第一时间接到命令，立刻前来。可没想到这次出 出现的裂缝规模竟比之前更大，而这边的场景也同样以直播方式呈现在全球观众眼中。龙国喵的这已经是第十六个出现的通道，而且跟之前相比，间隔明显缩短。樱花这样的灾难到底什么时候结束？随着各国的讨论，氛围也伴着裂缝扩张越发紧张。毕竟他们所看到的诡异裂缝就像随机出现一般。之前蓝星联合诸多国家暂时封锁裂缝都付出了极大代价，可如今却又有一个比之前更大的裂缝出现。就在这时，随着轰的一声，诡异裂缝似乎彻,彻底在蓝星建立起了联系，传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突如其来的动静瞬间让在场联合军高度紧张，他们纷纷把枪口对准。 准了裂缝通道，而这时各国的观众也全都死寂下来，紧张的观望。只听阵阵阴森恐怖的声音不断从裂缝中传出，这让在场联合军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所有人都纷纷做好作战准备。而随着裂缝中传来的动静越来越大，可怕的气息也让整个海面都掀起了巨浪。那些家伙要来了，杀了他们！随着各国前来的小队队长下令，瞬间子弹如雨般朝着裂缝通道展开了疯狂倾斜。可就在所有人都在奋力攻击时，一道声音的传出却让所有人心脏狂跳，放肆！一道暴喝自裂缝中传出，带着愤怒质问：“尔等何人？胆敢窥探大秦帝国第九星域边防，找死！”闻言，在场的联合军心。 脏狂跳，下意识停止了攻击，仅仅只是声音都能让他心神失守。这次出现的敌人与之前的怪物不一样，竟然还会说话，而且还是标准的龙国语言。瞬间，其余国家将士猛然将目光看向负责带队行动的李正，眼中满是疑惑。然而面对一道道目光，李正国却咽了咽口水，完全搞不清楚这状况。难道这次裂缝通道连接的另一个世界还有人类存在？就在这时，一名泡菜将士指着前方的裂缝惊呼了一声：“快快看，那是什么？”瞬间，在场所有直播观众都提心吊胆看向裂缝通道。只见裂缝中的浓郁黑雾被缓缓拨开，映入眼帘的竟是一艘浩瀚战船漂浮在无垠星空中。其 绣上绣着黑龙的巨大旗帜，如同一条真龙在盘踞；而在那战船甲板上，更是站着一个个身着黑甲、手持长枪、神色冷漠的大秦士兵，为首的是一个不怒自威的中年男子。他眼神锐利的看向裂缝通道外的联合军，若有敌来犯，当如何杀？随着男子的朗声询问，无数将士不约而同的齐声回应，震耳欲聋。这一幕给所有人带来了极大的震撼，甚至还不等联合军众人反应过来，望眼无际的大秦将士便已然降临，踏足海面，恐怖的气势更是瞬间让海水汹涌，八方轰鸣。这时的联合军众人才终于回过神，可他们却尽皆神色呆滞，下意识纷纷后退。他们，他们究竟是什么？ 此刻所有人都头皮发麻。这次出现的虽不是怪物，可却比怪物恐怖数百倍。就在各国小队头皮炸裂时，龙国将士不由呼吸急促地提出疑问：“这些……这些将士自称是来自大秦帝国，他们的穿着打扮好像就是古装无疑。快看那面黑龙旗帜！”李振国听到这话，不由望向了旗手扛着的黑龙旗帜。可下一刻，他瞳孔骤缩，因为那旗帜上竟真的写着个大大的“秦”字。这到底什么情况？大秦帝国难道是龙国历史上的秦朝？但刚有这种想法，就被他自己排除。不可能，不可能！李振国只觉得这样的想法太不现实。作为一个无神论者，他当然不会将两者结合到一起。秦朝作为首个大一统王朝，也。 延续的时间却极其短暂，之后又历经多次改朝换代，才有了今天的龙国。几千年的光阴，大秦又怎么可能存留至今，并且还是来自蓝星以外的世界？而此时直播间里各国的观众见此，也同样恐惧且疑惑。这次出现的竟是人类！我要是没听错的话，他们说是来自大秦帝国。那些人口中所说的大秦帝国，与我们两千多年前的秦朝有什么关系呢？ 无数弹幕在直播间疯狂滚动，陷入轰动。此刻，每个观众尽皆心头震撼的死死盯着直播画面。与此同时，大秦为首将领盯着神色紧张的联合军队中，眼眸闪烁危险光芒，冷声道：“尔等究竟是什么人？在此处意欲何为？莫非你们在觊觎我大秦帝国领土？”他的声音如同滚滚闷雷，落入所有人耳中，身上更是瞬间形成强大气场，笼盖此地空间。同时，海面上的大秦将士闻言也目光锁定蓝星联合军，似乎只要将领开口，就会毫不犹豫的展开杀伐。然而，面对质问，联合军队却全都满头雾水。李振国咽了咽口水，连忙解释：“不，并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 出现在这里都是因为那个裂缝通道。在这之前，我们蓝星已经出现了十几个这样的通道，并且每次都有一族生物入侵，所以我们才会前来查探情况，对你们并无恶意。他尽量放缓语气，不打算跟对方产生冲突，毕竟这些号称大秦帝国的人太过神秘且让人感到可怕。听到这话，大秦将领盯着李振国，微微皱眉，冷哼道：“我乃大秦帝国第九星域边防守将蒙恬，如此大动干戈，你说没有恶意？”又一次带着审视的询问，可这次却让联合军其余各国的人都懵了。一些了解过龙国历史的外国人更是看看龙国人，又看看对面站立着的将领蒙恬，这奇特场景甚至让他们以为是在拍戏，却不知。 龙国将士在听到蒙恬自曝身份后，也同样蒙圈。大秦帝国，蒙恬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就连队长李振国都呆若木鸡。这时，各位领头都不由接连询问：这些人真的是你们大夏历史上的祖先吗？我听说过大秦是大夏历史上首个大一统的王朝，可可那不是早就已经灭亡了吗？龙国人，你们倒是说句话呀！可面对这个外国人的询问，龙国将士却一脸茫然，不知该如何回答。队长李振国更是摇头苦想：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如果对方不是他这么承认，龙国是对方大秦帝国的后世，造成矛盾怎么办？就算是他，总不能跟别人说两千多年前的老祖宗活过来了吧？然而，就在联合军不知所。 措事！蒙恬突然皱眉，冷声道：“你们在窃窃私语些什么？不管你们是何居心，有什么目的，之后你们都要随我前往帝都一趟，面见陛下。至于怎么处理你们，皆由陛下定夺。”话音落下瞬间，在他身后有数十名将士骤然飞出，将联合军众人包围了起来。见状，各国将领顾不得震惊，纷纷脸色凝重起来。他们想干什么？这是，这是要开战吗？各国将领在顾不上震惊，脸色凝重下来，剑拔弩张之时，好一道令人心神震动的低吼声传出：“杀那间，狂风呼啸，所有人愣了一下，目光都不约而同的看向了巨大的裂缝通道。看。 原本巨大的裂缝旁边，虚空出现了裂痕，且不断蔓延扩大。这又是一个裂缝。当看到这一幕，怎么回事？李振国等人瞳孔一缩，心头狂震，脸色苍白。跟前的这支大秦帝国军队，他们还没想好怎么处理，当下竟然又有一个裂缝通道。要是再出现强大的敌人，那不是要命吗？在一道道目光中，吼吼声越来越大，裂缝开始颤抖，更有一股浓郁的妖气从中蔓延而出。刹那间，啪嚓，五道寒光一闪而逝，足有半挂大小的裂缝直接被拍得炸裂开来。一道庞大的身影蓦然冲出，践踏着虚空，阴影笼罩着所有人，八方轰鸣不绝，浓郁妖气充斥在天地间。等到看清这域外来物，连。 合军所有人的心顿时沉到了谷底。只见一头长着锋利且散发森然寒光的剑齿身躯遮掩半边天，妖气冲天的黑色虎妖正低下硕大的头颅，眼神透露着凶残的俯瞰下方。好<哼>，剑齿妖虎发出一声低吼，顿时联合军所有人头痛欲裂，痛苦的捂着耳朵。周围的空间剧烈摇晃，夹杂着腥臭味的狂风拍打之下，让他们无法站立，几乎要被掀飞。剑齿妖虎的出现，令整个海面都在剧烈的翻涌起来。砰砰砰！他猩红的眼眸透露着戏谑，盯着一众联合军于虚空中踏步盘旋，像是在打量着新鲜的血食。每落下一步，都有巨响声传出，锋利的爪子寒光凛凛，触目惊心。 竟是连空间都无法承受，在这头妖虎的身上，更是透露着一股王者气息，明显这是一头妖王级别的大妖。在这股气息笼盖之下，法克怎么怎么会是这么恐怖的一头妖兽？跑，快跑啊！我的身体，我的身体不受控制了。这次两个裂缝通道啊，如今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而且这头妖兽的层次明显超越了之前任何一次蓝星面对的敌人。上帝啊，我们要死了吗？N O 联合军大乱，惊骇欲绝的惊呼起来。如今出现了这头庞大妖兽，他们首次遇到，同时更是让他们刷新了蓝星要面对的恐怖。下意识的，所有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尽快撤离。虚空上的恐怖大妖，他们毫不犹豫的相信对方。 哪怕踩下一脚，乙方就得伤亡惨重。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危机，撤！李振国对着身后的大夏将士大喝，随后看向不为所动的蒙恬，犹豫后还是好心开口道：“你一开始没有急着对我们出手，不像是入侵者。尽管我很好奇你们的身份，可大敌当前不宜多说，你们尽快撤离吧，好自为之。”留下一句话后，他没有任何犹豫，带着将士们迅速撤离。这一次出现的敌人强大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尽快撤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可是众人在跑出一段距离后，天呐，那些大秦帝国的人怎么还站在那不动？被吓傻了吗？人群中有自由国的将士回头时，吃惊的大喊一声，所有人回头看去。 瞪大了眼睛，他们看起来不像是被吓到，而是就没打算要跑。李振国尽管在危机下，却还是保持着冷静的头脑，注意到那个自称蒙恬的将军脸上没有半点惧色，反而在眉宇间透露着不悦。而在其身后的那些将士，一个个皱眉，如同被冒犯一般。听到李振国的话，他们好像不怕那头恐怖的大妖，难不成他们想要去对抗那头大家伙？ 不是吧？像这样的恐怖大妖，我们寻常的枪炮恐怕已经无法对其造成有效的杀伤。那些人不赶紧跑，找死吗？细班，谁说不是？刚刚我偷摸朝着那头大妖的荔枝射了几枪，结果连皮都蹭不掉。他们只是拿着冷兵器，却不怕你 T N D，还真是个人才。所有人也注意到了蒙恬与那些大秦帝国将士的反常，眼睛瞪得更大了，各种惊呼声不断传出。在震惊中，他们的脚步不由自主的放缓了下来。因为在这个时候，那头恐怖的剑齿妖虎没有朝着他们追来，而是转身与大秦帝国的人对峙。见状，这对于我们来说或许是个好消息。等他们两败俱伤，就可以直接将其歼灭。樱花国的将领忽然开。 开始兴奋起来，眼中透露着浓浓的期待。绝大部分人表示赞同，除了联合军。如今蓝星的所有人都在屏住呼吸，眼睛都不敢眨的看着当下的直播画面。无数瞩目之下，好、oh. 剑齿妖虎，猩红射人，透露着凶残的眸子俯视着蒙恬以及一众大秦的将士，嘴里发出低吼。他没有表现出愤怒的情绪，反而显得极为谨慎，没有贸然发起攻击。蒙恬眼神冷漠，有寒芒涌动，找死！血脉不足万分之一的病猫，胆敢妨碍本将军攻势，放肆！他冷喝一声，怒声道：“既然你要找死，本将军就先斩了你！”杀那间，在他手中剑鞘不断的颤动起来，oh. 一道嘹亮的剑鸣传出，剑芒直冲云霄。惊人。 的剑气纵横八方，剑身血红，透露着可怕煞气的一把血剑已被蒙恬持在手中。陛下赐我的这把血煞已有一段时日不曾饮血。他冷笑一声，浑身血雾弥漫，化作血影直奔剑齿妖虎掠去。如惊雷掣电，眨眼间他就已然临近，手中之剑血光映天。只是一剑挥出，一道长达数十米的血色剑芒撕裂了前方的空间，以摧枯拉朽之势倾泻而出。剑齿妖虎双眼露出震惊与意外，似乎完全没想到在这个已经遭到入侵的星球上会有这么可怕的存在。好，他像是感受到了威胁，发出了一声刺破耳膜的虎啸，抬起巨大的虎掌，他奋拍出利爪，寒光凛冽，似能撕裂一切。轰 仅是一个碰撞，海面不断炸起滔天的巨浪，恐怖的冲击让天地都为之摇晃起来。可紧接着就有一道惨叫传出，剑齿妖虎先前拍出的前掌令人毛骨悚然，堪比神兵利器的利爪接连滑落，扑哧，在他胸口处更有一道血淋淋的伤口，鲜血喷射而出。仅仅只是一次交锋，孰强孰弱已然明朗，甚至没有丝毫犹豫。咚咚咚！剑齿妖虎发出一声满是惊恐的吼叫，发了疯似的朝着来时的裂缝通道逃窜。蒙恬见状，看了一眼血剑，并不肯吸食朝下方洒落的滚烫血液，将其插回了剑鞘。你这头畜生还想逃？他冷哼一声，瞬移而出，冰冷道：“你这身皮毛倒可以。” 取来一用就留下吧。一个眨眼的功夫，他就追上了受到了惊吓的剑齿妖虎。大手一抓之下，直接让其脚步无法再迈出分毫。与剑齿妖虎相比，蒙恬显得极其渺小，可单手却将大了不知道多少倍的剑齿妖虎给死死钳制住。撕拉！他向前一跃，大手落在了剑齿妖虎的额头之上，猛然朝着后方奋力一扯，一道无比凄厉、让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响彻天地。在联合军与直播间无数人的惊恐目光下，蒙恬手中多出了一张完整、崭新的巨大虎皮，鲜血不停的朝着下方洒落，画面极度暴力。哗，将剑齿妖虎扒去了皮，他看着手中奄奄一息、血肉模糊、已然无法生还的大家伙。 猛地一甩，朝着下方的海面砸去，掀起了数百米的参天巨浪。伴随着蒙恬将虎皮收纳，肉眼可见的整片海域掀起了不忍海啸，甚至海水大面积被鲜血染得通红，刺鼻的血腥味弥漫在整片天地。原本足以对蓝星造成极大威胁的剑齿妖在面对蒙恬时，没有任何反抗的资格，性命就已经由不得他做主。整个过程极为短暂，结束的太快，快到让人觉得产生了错觉。不远处，联合军的人看着挥出一剑能撕裂空间，与大妖相比显得极为渺小，却能生生撕下一张数十米兽皮的蒙恬，又看了看鲜血所染红的海面，皆是痴呆了下来。那么恐怖的大妖，竟竟被他生生霸。 扒了皮！Oh my god！叫做蒙恬的家伙是人，他简直就是个怪物。双方体型差距那么大，蒙恬就像一粒尘埃，可他居然能够一只手就能把那么恐怖的大妖给控制住。我是在看科幻片吗？厚礼谢！我在现实中看到了个祖国人，能飞又能徒手杀死一头恐怖大妖，这是超能力吗？还以为那些大秦帝国的人赤手空拳的没什么作战力，可没想到那么恐怖，每个人被吓得一脸苍白，眼眸中写满了惊恐。这样的情况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尤其是那个蒙恬，一剑就能让那头大妖受伤，只是徒手就能控制大妖，一扯之下就把皮给扒了下来，像丢垃圾一样丢进了太平洋中，整片被血液所染红的海面。 看起来无比妖异，令人触目惊心。特别是李振国看着像个没事人一样的蒙恬，顿感毛骨悚然。我之前还让他们跑，他打了个哆嗦，内心颤抖。除了联合军队，直播间里来自蓝星各国的观众早已经看傻了眼，彻底炸裂了开来。卧槽，我特么看到了啥？相比于那头恐怖的虎妖，感觉感觉那个叫做蒙恬的家伙更像是怪物。完了完了，要是像这样的家伙对我们展开入侵，那该怎么阻止？好消息是那些人并没有携带恐怖的热武器，坏消息是那些家伙都不需要用武器，只是用手就能够把让我们害怕的大妖给扒了皮。那些大秦帝国的家伙要比那头大妖还要恐怖。 一旦他们动手，联合军可怎么办？蒙恬杀死那头大妖的时候，我就开始担心枪能对他们造成伤害吗？如果没有增援，恐怕要出事。各国的观众陷入了震惊当中，头皮发麻的看着直播，内心惊骇不已。他们实在不敢相信那头大妖会死得那么快，没有死在任何的武器上，而是死在了大秦帝国的将领手中，用手杀死了连枪都造不成伤害的可怕大家伙。各国的群众顿时开始变得提心吊胆起来，为联合军担心起来。岛上区区低等妖兽也配侵犯大秦领土？唯有死路一条。蒙恬冷哼一声，神色淡然的降临在了地面上。先前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罢了，对他而言造不成半点。 影响之前在照常巡视，却在第九星域的边界发现了这个裂缝通道。没想到此处的人类竟然直接发起了进攻。正在蒙恬思索之时，本来以为希望他们两败俱伤，我们坐收渔翁之利。可眼下还是快跑吧！自由国的将领戴夫早已经被吓得失魂落魄，看着蒙恬降临了地面，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其余各国的人纷纷表示赞同，不敢有半点质疑。之前那恐怖的一幕，差点就把他们吓得尿了裤子。那么可怕的存在，他们可不希望把小命丢在这里。哪怕手上拿着真理，毛熊国的将领一边撤退，一边询问道：“你们的美式居合不是挺厉害的吗？现在跑什么？你看那家伙是美式居合能对付得了吗？”戴夫恶狠狠。 狠狠的给了个白眼，加快了撤退的脚步。李振国见状，只好带着大夏的将士跟上。此时的联合军皆是胆战心惊，悄悄撤离，脚步很轻，生怕被发现。突然间，他们想跑，有大秦的将士发现了想要悄悄离开的联合军，听到动静，快跑！联合军大惊失色，赶忙加快了脚步，朝着海边的舰队迅速冲去。见状，想走，蒙恬眉头一皱，冷喝了一声：“杀！”那间在他身后的大秦将士踏空而行，宛如化作了一道道流光，直奔联合军众人而去。看到这一幕，该死的，他们真的拥有超能力吗？这些人都会飞，我们根本跑不过他们。西巴，跟他们拼了！射击，射击！樱花国、泡菜国、自由国。 国的将士彻底慌了，情急之下，当即下令开火。李振国脸色大变，高呼制止道：“不要开枪，不要！”可是他还没把话说完，已经来不及了。各国的将士早已经被之前蒙恬的所作所为吓破了胆，如今想要活命的情况之下，疯狂的朝着追赶而来的大秦将士开枪。他们下意识的要去进行反抗，不想把小命丢在这。一道冷哼传出，蒙恬身形挪移，眼中寒光涌动，大手猛地一挥，哗，像是时间静止一般，密密麻麻的子弹突然变得一动不动，纷纷掉落。紧接着他冷哼之下，直接抬手镇压，瞬间天地轰鸣，一股恐怖的威压笼盖而下，禁锢了八方空间。联合军之中，所有人感受。 倒像是一座大山重重的压在了身体之上，噗嗤噗嗤，陆续有人吐血，无法再迈出步伐，神色露出惊恐。他们的子弹竟然全部失去了作用，对方仅仅只是一挥手就被化解。头顶之上的天幕黯然失色，狂风呼啸之下，整个联合军几乎没有任何反抗之力，全部被定住了身形，各种武器全部失效。只是一眨眼的功夫，由各国精英小队形成的联合军前锋部队，当即失去了行动的资格，被死死镇压，陷入了恐慌之中。几乎联合军中的所有人都脸色发白，身体颤抖，唯独除了李振国等大夏将士，看到当下的突发情况，他们停下了脚步，没有轻举妄动。李振国倒吸了一口。 口凉气，内心再一次掀起惊涛骇浪。一道冷喝，一次抬手，整个联合军在这些大秦帝国的人面前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他脊背发凉，脑海空白一片。作为一个无神论者，他眼下所看到的一切颠覆了人生以来的所有认知。这样的存在令人感到忌惮。不过李振国却是在心中松了一口气，之前并没有跟联合军一同开枪，所以对方没有对自己与大夏的将士们造成伤害。然而就在此时，将这些人全部扣押起来，一个不准离开。等我请示陛下，是否将他们带回帝都？蒙恬冷眼扫视着联合军众人，冷声开口。瞬间，大秦将士腾空而起，形成了包围，身上的气息令人心惊。 联合军当中的所有人早已经丢掉了武器，身体止不住的颤抖，脸色惨白一片。这些人，这些人怎么那么可怕？我们的生死皆在他们的一念之间。为什么？为什么这次降临的家伙会这么恐怖？他们甚至可以无视子弹。这样的碳基生物，如果真的要对蓝星展开入侵，我们又该怎么面对？眼下这些人只是那个所谓的大秦帝国的一部分。如果整个帝国降临，蓝星眨眼就要崩溃。我们的命就这么被对方给拿捏了。他们心跳加速，内心紧张到了极致，无法相信眼前的情况。这些人的强大已经完全出乎了他们的预料。哪怕有众生平等器的存在，却在这一刻失去了作用。就在联合军的所有人的心都跌。 落到谷底之时，完了完了！一句话，一次抬手，联合军就这么被控制住了。他们想要让联合军覆灭，就是一眨眼的事情。这些大秦帝国的人也太恐怖了吧！大秦帝国，蒙恬陛下，这些这些怎么听起来，他们就好像真的是大夏历史上的大秦啊？阿西吧，都什么时候了，你们大夏人还做梦？直播里大秦帝国的家伙是人吗？那完全就是一个又一个恐怖的怪物！这这些都是什么人呢、啊？他们该不会真的要把联合军处死，然后对蓝星展开入侵吧？如今的直播间里同样已经炸开了锅，来自蓝星各国的无数观众，当下心里的紧张已然无法复加，害怕的观看着直播。尤其是现在，各国根本不好做出下一 部的计划，联合军被控制住，有性命之忧。他们即便心急，却不能有半点行动。一旦再次惹怒了那些大秦帝国的人，岛上的联合军只怕会顷刻覆灭。到时候，蓝星将迎来一次空前的入侵，那对他们来说，无疑是致命的。蒙恬下达了命令之后，就想要前去汇报，但此刻，等等！李振国却再也无法压制内心的好奇，小心翼翼询问道：“这这位将军，你们的陛下是否叫做嬴政？联合大秦帝国，蒙恬陛下这样的词汇，他冒着被杀的风险，问出了心中的疑惑。实在是这些，让他陷入了巨大的混乱当中。本着死也要死个明白，他壮着胆子还是把话给问了出来。闻言，刚想离开的蒙恬停下了。 猛然转头向李振国，竟敢直呼陛下名讳，放肆！他冷喝一声，眼中寒芒涌动。不过最后却是冷哼一声，看在你从始至终对我的都没有恶意，且面对危险时还能顾及到我们，告诉你倒也无妨。我们的陛下，大秦帝国的主人，嬴政只不过是陛下的一个化名，陛下真正的名字，秦政，秦政。李振国听到回答之后，眼睛顿时瞪大，头皮炸裂。嬴政只不过是对方口中的那个陛下的化名，真正的名字叫做秦政。这一刻的他内心彻底乱成了一团。大秦帝国，嬴政，秦政，当下所知道的一切顿时就让他脑海炸响，呼吸变得急促起来。难道，难道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大秦帝国真的？ 跟历史上的大秦脱不开关系，不仅是他，在他身后的大夏将士皆是头皮发麻，面面相觑起来。怎么会这样？他们心神狂震，实在难以相信当下听到的蒙恬的回答，这实在太过于吓人，让他们脑海飞速运转。看到李振国等人这么大的反应，怎么你们这是？蒙恬不由得来了兴趣，询问了起来。李振国艰难的咽了咽口水，满是震惊的看着蒙恬，解释道：“蒙将军，实不相瞒，我们大夏的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一个大秦王朝。之所以会问，你，则是想要确定大秦帝国是否与我所想都那样，是大夏历史上的那个大秦。哪怕说出了内心的想法，他却还是感到无法置信。如果大秦还存在至今，而且还…… 还离开了蓝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蒙恬闻言，眼中闪过一抹诧异。大夏，他深吸一口气，没有再去多说什么。陛下之前好像提起过大夏，且陛下跟他们说过大夏乃是祖星。难不成？看了一眼李振国，他立马快步离开，必须得尽快告知陛下。眼看着蒙恬离开，轰隆隆，李振国与在场的一众大夏将士脑海轰鸣不断，内心的震撼更多。对于当下的情况，他们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受到的震惊。嬴政只是一个化名，大秦帝国真正的掌权者，至高无上的存在，叫做秦政。这仿佛与他们一开始的猜测建立起了关系。如果真是大夏历史上的大秦，那么两千多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他们没有从历史上得知这样记载？为什么大秦帝国会出现在蓝星之外？所有的一切都在他们的脑海中猛烈的撞击着。嬴政、秦政，他们，他们该不会真的是历史上的那个大秦吧？什么？这不会吧？你们大夏人要是有这么厉害的祖宗，那岂不是无敌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八嘎！大夏已经死去的先人可能还活着？对，这一定是巧合。大夏历史上的大秦明确的记载已经在两千多年前灭亡了，之后由别的朝代取代，不可能还能够存活到现在，不然根本无法用科学来解释。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这些泡菜国的家伙还想着用科学解释？没看到之前那个叫蒙恬的家伙是怎么杀掉那头大妖，是怎么镇压两？ 何军了吗？如今的直播间早已经炸开了，相较于之前惊骇更多，他们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更没想到会从大秦帝国的那个将军口中得知那么令人疯狂的情况。嬴政竟然只是一个化名，大夏帝国真正的主人则是叫做秦政这个名字，让整个直播间陷入了疯狂的猜测以及争论。来自大夏方面更加的认为当下出现的大秦帝国与历史上的大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至于其他国家的观众，从始至终都在否认。如果那真的跟大夏历史上的大秦有关系，那大夏岂不是要鸡犬升天？毕竟他们的热武器在对方的恐怖手段之下变得无用，而且对方只是稍微动手就能够差点将整个联合军覆灭。这样的存在已经无法用科学来进行解释，甚至在他们看来已经不是人类了。龙城历史研究所，于立群自从听到联合军面对的那批人来自大秦帝国之后，怀着内心的猜测，再一次翻阅起了历史上的诸多史书。怎么会？怎么会没有呢？他像是抓狂，嘴里不停地嘀咕着想要找到的线索。可哪怕个朝个代都翻阅过，尤其是大秦的史书，根本就找不到一丁半点有。 有用的记载，而且史书每个阶段都明确的记载，大秦已经灭亡。看到于立群逐渐着急起来，老于歇一歇吧，这种强度的工作，再这么下去，你这把老骨头怕是得散了。赵永胜叹了口气，无奈的说道：“可能都是我们多想了。仔细想想，大秦又怎么可能存在于今天？更不要说那大秦帝国来自蓝星以外的世界，强大程度远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他说着这番话，心中同样掀起惊涛骇浪，因为之前他亲眼看到了那个叫做蒙恬的人略微出手就镇压了联合军，如此可怕的手段，就好像看到了无所不能的仙人一样。即便相比一些神剧，都要有过之而无不及。于立群听到老友的劝说，长叹了一。 口气，或许吧。他摇了摇头，眼中满是不甘。可就在两人沉默之时，他们听到了直播中李振国对蒙恬的询问。瞬间，两人猛然将目光看向了直播画面。嬴政只是陛下的一个画面，陛下的名字叫做秦政。这一句话如同万钧雷霆，轰！于立群跟赵永胜眼睛骤然瞪大，猛地倒吸了一口凉气。秦政，他们不约而同的惊呼一声，忽然站起身来，颤颤巍巍的打着哆嗦。蒙恬的回答让他们陷入了更大的震惊当中。原本以为都是他们多想，可却不曾想从对方口中听到了这么令人心神震动的回答。于立群无法克制内心的震撼，指着直播画面，颤抖道：“老赵，你听到没有？秦政，秦正。” 这这这不就是始皇帝吗？蒙恬口中说的大秦帝国，一定一定跟大夏历史上的大秦脱不了关系。这赵永胜同样震撼不已，艰难的喘着粗气，张大了嘴巴。当下的情况彻底出乎了他的意料。大秦帝国的陛下叫做秦政，这个消息无疑就是一个重磅炸弹，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惊。两人相识着，看到了各自眼中的惊骇与无法置信。如果现在他们所看到的大秦帝国真的就是大夏历史上的大秦，那么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而关于历史上记载的大秦，又为什么会是被推翻走向灭亡？诸多的疑团让两人脑海无比之乱。如今呆呆的看着直播画面，无论是于立群还是赵永胜，彻底。 的陷入了震惊当中，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大秦真的还存在？可已经过去了两千多年了、啊，他们对听到的消息感到震惊，同时也产生了怀疑。准确来说，是对他们所认知的大秦历史产生了怀疑。难不成大夏这么久以来关于大秦的历史全是不准确的、残缺不全的？与此同时，麒麟殿内，秦政半躺着，正在观赏着一个个妩媚狐女婀娜多姿的舞蹈，享受着猫耳娘的捏腿捶背。裂缝通道开启，万族入侵。通过系统，他咬了一口猫耳娘递来的一颗灵喃喃了一句：“如今他对于蓝星的情况已经了解十有八九，这不免让他神色古怪起来。蓝星竟然变得这么惨了、啊，面临的……” 情况竟然这么糟糕！仔细想想，自己穿越也不算太久，蓝星几乎就要面临灭顶之灾，快要没了。不会吧？秦正想着，神色越发古怪。这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蓝星岂不是没有自己真不行？想到这里，秦正又想着裂缝通道陆续开启之后，蓝星将要面对巨大危机。忽然眼前一亮，那这样的话，他忽然坐起，深邃而具有威严的眼眸闪烁起来。眼下他想到一个好主意，自己的声望到如今的这个地步，已经很难再有提升了。可现在有系统的帮助，大秦帝国已经连通了蓝星，不就代表着自己可以在蓝星刷上一波声望，甚至是对蓝星展开入侵的那些万一样，能够让自己和。 狠狠刷一波声望，转念一想，这不妥妥送上门的声望吗？既然这样，秦政嘴角露出了一抹笑意，看得妩媚狐女乖巧猫耳娘眼中满是火热，恨不得立马扑上去。这对于自己而言，自然是一件好事。那么趁着蓝星遭遇万族入侵之时，狠狠的刷上一波声望。思索片刻之后，有了。秦政眯着眼睛，嘴角的笑意更多了几分。单纯的只是以大秦让蓝星得知，那为何不去颠覆大夏的历史？通过这样的手笔，却得到声望。毕竟这些字己可以轻而易举的做到。也正在秦政规划如何颠覆历史之时，旁边的奈良球突然有着光芒折射而出，响起阵阵提示音。秦正大手一挥。 紧接着，面前的虚空扭曲，呈现出一幅画面。此时，蒙恬参见陛下。画面当中，蒙恬一改平时的严肃，满脸恭敬，笑呵呵的询问道：“许久未见，陛下圣体可好？”蒙恬虽然不在帝都，但心却有屁快放。秦正瞥了一眼蒙恬，示意身旁的猫耳娘继续捶背。闻言，蒙恬尬笑着挠了挠头，随后认真说道：“陛下，您所说的通道已经与蓝星连通，并且臣已率将士降临蓝星，拿下了一支号称蓝星联合军的队伍。陛下，这些人是否带回帝都，交由您来定夺。万族的入侵，让蓝星各国都不得不联合起来了吗？”秦正暗暗嘀咕一句，看到了蒙恬身后的众多联合军之人，眼眸。 微微闪烁。之所以蒙恬会发现系统所布置的通道，完全是他下令前去查看，而最适合通道的坐标，系统再勘察一番，选择了第九星域。只不过没想到蒙恬会那么快就抵达了蓝星，而且拿下了一支联合军。而面对蒙恬的询问，没必要。秦政神色淡然，摇了摇头，大手一挥，悠悠道：“其他人无需理会。不过想来你还记得，朕时常提到的蓝星，你所在的地方正是朕的祖星。而大夏之人，乃是吾等后人，做事不可太过。臣当然记得。不过这祖星之上的大夏人，竟是我们的后人。”蒙恬吃惊，对此颇为意外。此时秦正注意到了蒙恬身后被鲜血染红的海域，眼睛微微眯起。 想来你前面遇到了降临祖星的一族，他看到蒙恬点头之后，略微思索，眼眸深邃道：“祖星遭万族入侵，朕虽离开祖星，但却怜悯后人，实在不愿后人饱受万族欺凌。正好蒙恬，朕将特赐大夏、大秦起源秘境一次，也是时候让大夏后人了解如今的大秦，让其感悟基础仙法，开辟修炼之路，不受一族欺压。陛下仁慈。”蒙恬深吸一口气，恭敬开口，将事情吩咐完之后，秦政结束了通话，眼眸闪烁，想来用不了多久，蓝星就得炸锅了吧？他轻喃一句，心中已经大概有了之后刷声望的法。至于基础仙法，则是他一开始引领大秦修仙之时所得。 道的呼吸法怎么做？也是他想要看看蓝星是否符合修炼的要求。即便无法修炼，自己一样有办法让大夏人进行修炼。而这一切只因要刷声望值，不再多想。领朕口谕，复呼吸法，前往第九星域边界通道，进入蓝星，降临大夏。坐标：泰山。秦政神识覆盖了整个大秦帝国，随后挑选了数万里外的一处秘境。虚空中，他的声音传遍了帝国。刹那之间，一座山清水秀，宛如一方小世界的秘境忽然震动了起来，似在兴奋。竟在此刻拔地而起，如同有生命一般。这座灵气浓郁的秘境以惊人的速度腾空，直接穿透了虚空，直奔第九星域而去。仅是一句话，就令。 帝国震动，无数星域都听到了秦政犹如天音的话语，无数人也在这一刻朝着咸阳宫所在的方向匍匐下来。蓝星大夏，我曾听陛下提起过，蓝星乃是祖星，祖星找到了吗？呼吸法，陛下这是要让祖星之中的大夏进入修仙时代。各种议论声出现在一个个宇宙，无数星域之中皆是感到好奇。等安排完之后，不知道大夏方面知道被朕颠覆后的大夏历史会是怎样的难以接受。秦政饶有兴趣的抹挲着下巴，玩味的轻笑起来。对于如何颠覆，他自有打算。这么多年来，他早已波澜不惊的心，首次对一件事情起了浓厚的兴趣。滴滴。然而一阵提示音又打断了秦政的思绪，看了。 一眼旁边的通讯水晶，他一挥手，紧接着光芒大放，面前的虚空呈现了画面，其中一只煞气冲天、声势恐怖的嗜血大军映入眼帘，正踏足虚空，眼神满是恭敬与狂热。见过陛下。当通讯被接通之时，他们齐声呐喊，天地震颤。若是寻常人，必然会被震破了的。在这些将士之前，刘彻不负陛下之命，以率汉之大军荡平第八星域一切不臣之敌。金大圣特告知陛下，然阔别已久，臣请示率大军返程。一名眼眸开阖间满是威严、不怒自威、透露着君王气息的男子声若洪钟，恭敬的请示着，竟是汉武帝，可眼下却在对秦政称臣，在其身。 身后一名俊宇不凡，两眼如炬，贵不可言。青年显得颇为兴奋，像是见到了偶像一般。陛下，这第八星域再无外敌，大战平息，我想回去见见你。他当即凑上前，惹得刘彻一副头疼的模样。见状，秦政看着青年，不由得轻笑起来，满意的点头道：“你呀，天生富贵，从不受匡束，朕就知道有你跟着汉武功，此战怎么打都能赢。”准了，谢陛下。青年喜出望外的吴邪笑着，恭敬躬身行礼。秦政点头，撤去了通话。若大夏知道大汉是大秦的诸侯国，不知会是何表情。他嘴角扬起，再次享受着舞女的舞蹈，满是惬意。当下的大秦帝国，大夏想要见到全貌，可不是一件易事。 另外一边，那个蒙恬在干什么？他看起来好像神色不太对。他口中说的那个陛下，该不会要让他处死我们吧？那些刀枪不入的家伙，到底会怎么处置我们？现在我们动弹不得，想逃却逃不掉，无疑已经是成为对方砧板上的一块肉，任由宰割呀！我们会死吗？李队长，之前那个叫蒙恬的人，唯独对你们大夏的人没有出手。或许，或许他们口中的大秦帝国，真是你们祖先。一会你好好的帮我们求个情。戴夫，这可不是我说了算。没看到我们一样被束缚着吗？完了，完了！这次我们所遇到的敌人空前强大，他们要是要灭了联合军，各国根本就来不及阻止。联合军的人早已无法平静，陷入一阵恐慌之中，不知道。 接下来会有什么等待着他们？身处恐慌中，他们倒是希望那真是大夏的祖先，因为这样一来，起码他们还有机会生还。即便是直播间内，无数的观众同样在提心吊胆，各种议论层出不穷。这一次遭遇的突发情况，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所能接受的范围。面对子弹炮火无法造成伤害，一抬手就能镇压联合军，甚至令其无法动弹他的恐怖手段，他们可想不到有什么办法能够去对付那些来自大秦帝国的家伙。突然，陈林指不远处的蒙恬突然单膝下跪，海面翻涌，声音如同天雷。刹那间，四面八方的大秦将士眼眸火热，一个个站得笔直，肃然一片。突如其来的动静，顿时让联合军。 军被吓了一大跳，打起了哆嗦。尤其是在看到神色严肃的蒙恬返回时，他们背后早已被冷汗浸湿，内心的紧张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当下，他们的命已然掌握在对方手中。要是大秦帝国的陛下要杀了他们，根本没办法去改变。看到蒙恬回来，咕噜，所有人艰难的咽了咽口水，脸色苍白，腿都在止不住的打颤。扑通，父，不要杀我！其中樱花国的领队跪倒在地，一脸害怕的喊了起来，说着蹩脚的大夏语言。看着明显受到惊吓的联合军，又看到开始求饶樱花国之人，他在说什么鸟语？蒙恬眉头一皱，看向了李振国。闻言，蒙将军，他他在叫你爸爸，嗯，就是父亲的意思，让你不要杀。 略懂一些日语的李振国没敢怠慢，立马化身为翻译。一听这话，蒙恬看着已经被吓得尿了裤子樱花国队长，一脸不悦道：“谁要当你这种垃圾的父亲，滚一边去！”他冷哼一声，抬手一挥，猛然间，樱、啊、花国跪地求饶的家伙惨叫一声，当即倒飞了出去，重重摔在了地面之上。李振国眨了眨眼，看到对方的惨状后，差点没忍住笑了出来。而其他国家想要跪下求饶的将士，看到这一幕，倒吸一口凉气，止不住就颤抖起来，停下了动作，咽下了就要到嘴边的话语。此时，在一道道满是恐惧的目光中，蒙恬扫视了一眼，神色略微古怪，倒没有再像之前那般凶神恶煞。我不会杀了你们。”他淡淡。 但开口，随后目光看一下李振国大夏之人，严肃的宣布道：“陛下仁慈，你们可以离开。不过陛下有令，如今蓝星遭遇万族入侵，大夏以外的存在，陛下不想理会。然大夏乃祖星后人，陛下怜悯后人，不愿看到后人遭一族欺凌，故赐予大夏起源秘境一座，以及基础修炼之法。我们不用死。”当听到蒙恬的话，联合军其余各国的将士一个个大吃一惊，皆是露出一副劫后余生的表情。可听到后面，他们全部将目光看向了李振国等大夏之人，什么意思？后人赐予眼前这些可怕的家伙，难道真是大夏人的祖先？各国的人睁大了眼睛，满脸的难以置信，这什么情况？不仅是他。们。 李正国也都睁大了眼，满脸不可思议的看着宣布旨意的蒙恬。祖星后人，他咽了咽口水，脑子已经空白一片。这消息就像是晴天霹雳，重重的落在了他的脑袋之上，造成了短路。现场陷入了死寂。可此时的直播间却陷入了新一轮的震惊当中。祖星后人，这这难道真的是历史上的大秦？不过他们却离开了蓝星，所以眼下才会有祖星这么一说。况且蒙恬，你说的很清楚了，我们大夏之人是大秦帝国的后人，他们真是我们历史上的那个大秦。要是这样的话，那现在的大秦究竟是什么样子？秘境功法又是什么？仔细想想之前蒙恬的手段，莫非莫非嬴政？不对，准确来说是秦政。关。 于咱们始皇帝修仙的记载是真的，他得道成仙，举大秦一招飞升了。仙人怎么可能？大夏的家伙，你们就别做美梦了。你们历史上的大秦早就亡了，哪里可能像你们所说的那样？这不过是你们的臆想。说的没错，如果那真是你们历史上的大秦，为什么你们的史书中没有记载？说不定这个是一个比我们之前遇到的敌人更加强大的种族。他们入侵了蓝星之后，获取了关于大夏的历史资料，想要正式入侵前玩乐罢了吧。就在观看直播的大夏观众被蒙恬的话感到意外、震惊、议论之时，其他国家的观众一样震惊不已，不过却在不断的反驳着，并不认同大夏方面的猜测。一来，他们可不希望大夏有那么恐怖的 这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无疑是不公平的。二来，他们不相信大夏历史上的大秦真能离开蓝星。众所周知，两千多年前乃是冷兵器时代，更不相信所谓修仙这样荒谬至极的说法。可就在直播间争议不休、猜测不止之时，轰！裂缝通道再一次传出了巨大的动静。咔嚓！裂缝处虚空撕裂的声音传出，随之而来的更是一股尤为惊人、滔天的气息波动。轰鸣声中，怎么回事？难道大秦帝国的人要大举入侵了吗？之前他们说不杀我们会放我们离开，难道是耍我们的？联合军的所有人脸色骤然一变，原本缓了一口气，又再一次陷入了高度紧张之中。肉眼可见的，他们看到了不断震动的。 裂缝，而且裂缝通道竟然开始朝周围不断扩张，形成了一个触目惊心的巨大缺口。恐怖的狂风呼啸而出，惊人的动静令人毛骨悚然。在联合军恐慌、直播间死寂的注视下，咔咔。 裂缝蔓延的范围比之前足足多出了一倍有余。然而看到当下的现象，蒙恬以及在场的大秦将士露出了恭敬之色。这列两旁，奇样子像是在恭迎着什么的到来。见此情况，该不会是之前蒙将军所说的秘境要降临吧？李振国呼吸急促，死死盯着不断震动的裂缝，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轰隆<呜>，一道震耳欲聋的轰鸣响彻整片天际，令天幕为之失色。裂缝中绽放璀璨之芒，显得尤为神圣。漫天的光辉映照之下，所有人几乎要睁不开眼睛，有种原地升天的恍惚感。裂缝的颤抖越发剧烈，一座如同小型大陆般，准确来说像是一方小世界的秘境从裂缝中蓦然冲出。 呈现在天地间，刹那，整个海岛几乎被遮掩，神圣的光辉洒落，无比浓郁的灵气充斥在天地间，在秘境上如自成一界，能看到花草树木、河流海洋、众多鸟兽，仙气飘渺,渺,渺，犹如一方仙界坠入凡间。随着这座秘境的出现，天地齐鸣，似在迎接。阵阵梵音自秘境上传出，在场之人无不是看得目瞪口呆，甚至在那似乎是仙气一样的蔓延之下，感到整个人得到了升华。这座秘境屹立于虚空，笼盖着海岛，在联合军目瞪口呆下，此乃起源秘境。蒙恬神色变得严肃下来，朗声道：“陛下有令，这座起源秘境赐予大夏，其内蕴含小世界，基础修炼。” 功法可供大夏观摩领悟起源秘境，将置放于大夏境内的泰山处。这是陛下给予大夏后人之机缘，尔等还不谢恩？说到最后，他目光看向了李振国等人。闻言，还在懵逼中的李振国等大夏将士猛地一惊，回过神后，呼吸急促地看向头顶上的巨大秘境。我等代表大夏，谢过大秦帝国陛下。众人齐声开口，震惊之余更有激动。莫非大秦的祖先真的还存在？竟然说他们大夏是后人，这一点完全就可以证明了呀！可这也让他们实在摸不着头脑，因为在他们所认知的历史中，大秦一朝早就已经灭亡了，如今又再次出现，让他们哪怕想要相信，却又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也正是在李振国等人话音落下，秘境颤动，仿佛有一双眼睛在上面扫视着整片天地。下一秒，磅礴的秘境似乎有了感应，陡然间朝着大夏的方向骤然冲出，速度之快，竟让人隐约间看到了像是摩擦虚空产生了火花一样的点点光芒。仅是眨眼的功夫，起源秘境已然就快要消失在天边，留下了一团黑点，就彻底消失不见。此刻江城所在，距离太平洋直线距离九百多公里的云港，刚从直播间看到大秦帝国降临的秘境消失在画面中，当下整个江城遭受了可怕狂风的席卷，首当其冲的正是云港那座秘境进入大夏境内了。天啊，这要是砸下来，只怕整个。 江城都得化作虚无吧。之前听那个蒙将军说，这座秘境会降临在泰山，好恐怖的速度！一个个云港的大夏国人刚刚察觉到动静，阴影遮掩，可刚抬头，天色又恢复如常。巨大的秘境轰鸣远去，眨眼就消失不见，这令整个江省之轰动，无数国人心惊肉跳，呆呆地看着秘境长驱直入，又很快消失的方向。期间，秘境所过之处，皆是引起了轰动。而自江省距离泰山则有着将近六百公里。可就在大夏方面紧急调动卫星，刚刚捕捉到秘境踪迹且接入直播时，近乎与泰山大小没有多大差异的惊人秘境，已然出现在了泰山上方的虚空，遮天蔽日。看到这一幕，整个大。 大夏为之轰动，而直播间内各国感到惊骇，这这得是什么样的速度啊！如此庞大的秘境，要是释放下去，泰山岂不是直接要被夷为平地？这是大秦帝国赐予大夏的秘境，那里面到底拥有着什么？来自各个国家的观众皆是头皮炸裂，惊骇欲绝的疯狂议论起来。尤其是大夏方面，简直无比担忧。如此庞大的一座秘境，要是砸下，怕是不止泰山，就连周围的城市都会被波及。哪怕官方想要阻止，可他们却无半点办法，实在是太快了，快到不足两分钟的时间，这座秘境就能够从太平洋之外进入大夏境内，抵达泰山。轰隆隆，造成了极大轰动，起源秘境突然震动起来，绽放刺目之。 在无数目光下，秘境在震动之中不断缩小，直至剩下数百平方，这才停下。在各方关注中，起源秘境缓缓朝着泰山降临而下，最终在泰山之巅外的虚空停了下来，矗立于虚空当中。如此骇人听闻的一幕，让泰山之上的游客看得目瞪口呆，带着满心的震惊，不断朝着山下撤离。秘境坐落虚空，散发着惊人波动，一瞬间，四面八方有灵气翻涌，眨眼就变得仙气飘渺，吞云吐雾，似乎一座迷你仙庭降临。而在此刻，天穹之上浩瀚紫气降临到秘境之上，在异象衬托下，霎时看起来更为的神秘。这，这是大秦帝国赐给大夏的起源秘境。那个大秦帝国，难不成？ 真的是一个修仙帝国。之前蒙恬的手段，再加上那些大秦将士飞天遁地的超能力，这些完全是一些仙侠小说或者电视剧才能够看到。的。他们竟是仙人，那座可怕的秘境真的降临到了大夏，怎么会没发生意外？难道大夏的人真是那个可怕的大秦帝国的后人？如果跟那些降临蓝星的外来者说的一样，大夏有了他们的帮助，岂不是能够像那些人一样拥有超凡能力？子弹炮火对他们无用。那神秘的秘境中究竟拥有怎样的宝藏？天啊！这一刻，整个蓝星炸裂。无数人在看到起源秘境降临泰山之后，皆是看到难以置信，惊骇不已。因为大夏随着那神秘的秘境降临，没有发生变故，这就代表着。 他们所看到的那些自称大秦帝国的人，对大夏没有恶意，反而像是对方所说的一样，大秦帝国的主人怜悯大夏后人，降下恩泽，以此进行帮助。任何看到直播的人，当下早已经看傻了眼，哪怕是大夏国人，同样陷入懵逼，没有想到会出现如此出乎意料的情况。龙城历史研究所老赵，我真的搞不懂了、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那么多的史书上就没有一丁点关于大秦更多的记载？于立群拖着疲惫的身躯，跟老朋友从珍藏室内走了出来，脸上写满了不甘。自从得知这一次降临的是人类，且宣称来自大秦帝国，他就马不停蹄地改变了找寻线索的方向，闷头翻阅大秦历史有关的一切书籍。 可直到现在，依旧没有任何进展，任何相关大秦的历史，这个首个大一统的王朝，皆是只存在了短短的十五年，永远的停留在了秦二百零七年。在眼下，大秦帝国、蒙恬、秦政、大夏，乃大秦帝国之后，诸多的信息又无不表明了，从裂缝通道出现在蓝星的大秦帝国与大夏历史上的大秦脱不了关系。可相关的记载呢？怎么什么都没有？所有的一切，自从记载大秦灭亡之后，再也没有了关于大秦的任何记载。于立群哪怕一向不相信野史，前面却也盼望着能够从野史中找到一些信息，最终还是徒劳无功。哎，他长叹一口气，变得茫然起来。如果现在出现的大秦帝国真的就是…… 大夏历史上的大秦，那他这一辈子都在研究历史，结果历史全部都是错的，不准确的。这一刻，他内心产生了动摇，对领域知识也陷入了自我怀疑。难道大夏关于大秦的历史记载都是错的吗？他们所了解的大秦其实全是虚假的。又或者，大秦的灭亡其实就是始皇帝率领着大秦离开了蓝星。种种疑问浮现在于立群的脑海当中，乱成了一团江湖，无比深切的体会到了心有余而力不足。赵永胜察觉到老友的不对劲，连忙搀扶，叹息道：“老于，要我说就别硬撑了，你就先好好休息几天吧，成吗？”“不，如果真是我所猜想的那样，那一切都应该有迹可循。”于立群像是入魔了一般，固执。 的强撑着身体返回了办公室，可刚回到办公室，两人的目光就被直播画面所吸引，三步并作两步的凑上前去。下一秒，什么？他们瞪大了眼睛，眼中满是震撼。大秦帝国的陛下赐予大夏起源秘境一座，供大夏探索观摩。先前他们就离开不到半小时，眼下又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大事：泰山之巅有秘境降临。赵永胜艰难咽着口水，呆呆的看着直播画面当中，像是处于云端，仙人气飘渺，云雾喷吐的秘境，倒吸一口凉气。起源秘境，他头皮发麻，失声惊呼道：“大秦帝国的人降临蓝星，不是为了入侵，只是之前联合军的探查被他们误以为是基于大秦的入侵。” 亲者，他们他们给大夏赐下了一座秘境。这一刻，他脑海轰鸣，怀疑与动摇猛,猛烈的碰撞。如果大秦帝国跟大夏没有关系，为什么对方会说大夏是后人？还有眼下这通天的手。可此时起源秘境起源，于立群身体颤抖，疲惫一扫而空，眼眸绽放出强烈神采，颤声道：“或许，或许有办法了、啊。快，快跟我走，去泰山，说不定我们可以进入秘境，从那里或许能得到关于大秦的信息。准确来说，是否能够证实我等着猜想，答案就在那里。”一把拉着赵永胜，他这么多天的疲惫瞬间化作了动力，当即就吩咐助理备车前往机场。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大夏揭开各种谜团的机会，同时还是大。 大夏了解大秦帝国的机会。京城大夏海陆空作战总部，砰！会议室内，作为最高指挥官的洛山河拍而起，吓了在场众人一大跳。当看到联合军被控制，一座不明来历的惊人秘境就这么毫无阻碍地进入了大夏境内，这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意识到失态的洛山河沉着脸又重新坐了下来。这大秦帝国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咬着牙沉声道：“到目前为止，哪怕全国顶尖的历史学者、古生物学者都没能找到半点相关的线索。可怕的是，那些人，我们的武器竟对他们无用。尽管没有尝试过和打击，可以他们的手段似乎完全就不是人类所能够抗衡的。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他们就在。” 泰山释放了所谓的起源秘境，若是个定时炸弹，那该怎么办？相比于利群、赵永胜等等这些想要找到线索的教授以及学者，洛山河尽管震惊大秦帝国，蒙恬、秦政、大夏乃是大秦帝国后人这些信息，可当下无法保持平静，担心那所谓的秘境会给大夏带来危险。我认为这一点倒是不需要太多担心。赞同，大秦帝国的人要是想对大夏动手，以他们之前展现出来的能力，根本就不需要拐弯抹角搞什么阴谋诡计。那么庞大的秘境能以那么快的速度抵达泰山，这样通天的手段，证明了他们真正可怕起来，远不是我们能够提防的。起源秘境，要是我们能在里面寻找到更多有关于大秦帝， 帝国的信息就好了。最主要的就是验明他们是否大夏历史上的大秦如出一辙。在场的一众高层经过分析之后，纷纷叹了口气。这一次裂缝通道所出现的，让他们摸不着头脑。除了震惊，内心掀起了无以复加的疑惑。大秦帝国究竟是不是历史上的大秦？这一点，他们迫切的想要知晓。洛山河听着众人的话，阴沉的脸色缓和了下来。不是敌人还好，一旦是敌人，不仅是大夏，整个蓝星都将遭受灭顶之灾。他长叹一声，手指不断的敲打着桌面。眼下对他而言，无疑是一个棘手又颇为头疼的局面。一方面是对大秦帝国的好奇，一方面则是对大夏是否会陷入危机的担忧。正在此时。 我是洛山河，接了一通电话，神色变得凝重下来。不到一分钟，他挂断了电话，看着在场的众人，我们有事做了。洛山河深吸一口气，郑重开口道：“你们与我前往泰山，同时通知山省主力部队，即刻前往泰山进行封锁，保护好我们的教授与专家。同时，任何人没有指示不得靠近。将安排吩咐下去之后，他立马转身走出了会议室，走进了电梯。他的一双眼眸闪烁了起来。先前的一通电话让他除了更加震惊，同样感到难以置信，因为大夏的历史恐怕要重写了。太平洋，你们可以走了。岛上，蒙恬撤去了天地间的禁神色严肃，冷声道：“你们哪来的？回哪里去？至于大……” 任何人不得擅自闯入，否则。如今他已经能够感应得到，秘境已经彻底释放到了大夏境内。而在蒙恬话音落下，除了自始至终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的大夏将士，其余各国之人顿时感到身体一轻，身上无形的万钧之力消散。私密马赛，蒙恬军，我们这就走，谢谢你，终于安全了，感谢你们的不杀之恩，快走，快走！各国的将士无不是感到劫后余生，朝着蒙恬不断躬身表示感谢，激动的就要哭出来。实在是之前被禁锢的时间里，他们只是感觉生命进入了倒计时，人生已经要走到尽头。现在对方没有杀他们，在感激涕零过后，联合军马不停蹄，头也不回的开始了。 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撤退，这里他们一刻不敢停留。李振国看着各国将士开始撤离，看了一眼蒙恬，本想要问些什么，多谢，最终还是没有问出来。他以古人的姿态抱拳作揖，带领着大夏的将士朝着后方撤离。很快，联合军乘坐各国的小型战舰回返，眼看着大秦帝国的人没有追上来，所有人这才重重地松了一口气，就像是虚脱了一样。那些人太恐怖了，他们简直要比之前我们见到过的任何敌人都要可怕。我们要是有他们那样的恐怖能力，说不定压根就不需要去担心什么入侵，谁来谁死。阿西吧，我的裤子不小心被海浪拍湿了，死泡菜，你特么是尿裤子了吧？有希，没想到泡菜的家伙胆。 子这么小，被吓尿了。法克尔，你都拉裤裆里了，还说别人臭死了。该死的樱花矮人，滚一边去！他们依旧感到胆颤心惊，时不时回过头去确认大秦帝国的人有没有追上来。实在是在心里面造成了不小的阴影。能够隔空接住子弹，甚至把他们给禁锢住，那样的手段太过于恐怖，根本就不是人类所能够抗衡的。也正在此时，大夏的那些大秦帝国的人怎么对你们那么好，甚至还给了你们什么起源秘境？那究竟是什么人？难道还真是你们口中大夏两千多年前的大秦毛雄国的将领？对于大夏的历史略知一二，当下忍不住询问起来。其他人闻言，瞬间把目光投向了李振国等人。先前的事让。 他们感到不公平。隐约间，他们察觉到那些来自大秦帝国的可怕家伙，貌似真的对大夏没有恶意。这除了让他们震惊与好奇之外，更感到担忧。毕竟那些恐怖的存在针对大夏施以援手，那面对之后万族的入侵，大夏起码就有靠山。可他们该怎么办？面对询问以及神色各异的目光，这李振国无奈的耸了耸肩，苦笑道：“其实我也无法确定，这个还得等官方那边的消息，或者说等探索了那个秘境才能够知道。想必现在大夏已经在行动了。至于大秦帝国究竟是不是大夏历史上的大秦，等有了结果之后，你们也会知道。所以无需问我。”面对李振国颇为官方的回答，行吧。各国的将士面面相觑。 之后没有继续多问，当下他们只想尽快回到各自的国家，实在是这一趟让他们吓得不轻。但凡大秦帝国的人要杀了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反抗。眼下就像捡了条命回来，一刻都不想过多停留。眼看着各国军队匆忙离开，李队，如果大秦帝国真的就是历史上的大秦就好了，这样的话咱们就不需要为万族的入侵而烦恼了。有大夏将士满怀希望地说了一句，其他人更是纷纷表示赞同。对此，你们想的是不是太轻松了？李振国摇了摇头，语重心长道：“就算大秦帝国真是咱们两千多年前的祖先，可他们与我们之间存在着比天大的鸿沟，更是有着颠覆了认知、科学都无法解释的神秘史。” 不在一个层次上，真以为大夏可以无条件得到帮助？这一番话让众多的将士认清了现实，脸上的笑容不由得凝固下来。随着起源秘境出现且降临至大夏境内，如今整个蓝星已然陷入了巨大的轰动之中。尤其在对大秦帝国给出的多个信息后，瞬间在世界各地引起了互联网浪潮。大秦帝国疑似真的是大夏的祖先？放屁，那是我们泡菜国的祖先。泡菜国的顶尖黑客已经找到了有关于大秦的记载。尼玛的死泡菜，这你们也能进行申遗？大夏的家伙少废话，别说这个了。哪怕是蓝星，哪怕是宇宙，我们一样能够进行申遗。主打的就是一个万物皆可申遗。泡菜国的脸皮都厚成。 什么样了、啊？要不是入侵者难以应对，毛熊国根本就不愿跟这些家伙为伍。经过自由国历史教授的验证，大夏历史上的大秦两千多年前就已经灭亡了。别跟我说什么仙人之类的狗屁，要我看这就是大夏人暗地里安排人进入了裂缝，制造出来的阴谋。好好好，什么都阴谋论是吧？你特么的试试能不能徒手干掉那头大妖，眼睛瞎就算了，还满嘴喷粪的白皮猪。八嘎！我们是在讨论大夏人真无理，骂你爹没骂你是吧？小樱花儿子，不知道之前到底是哪个国家的家伙先跪地求饶，还被扇了一巴掌。跟这些家伙说那么多干什么？等探索了秘境之后，我们就能知道大秦帝国是不是历史上的那个大秦了。如果是。 是就最好，哪怕不是，他们起码对大夏没有恶意。至于对其他国家的家伙就不清楚了。论坛之上，各国网友进行着前所未有的激烈讨论，准确来说是大夏网友对其余国家的言论进行一个对峙。面对各种层出不穷的言论，大夏的网友无不是各显神通，在此刻形成了统一战线，一致对外。甚至诸多国家在这一刻不得不对大夏两千多年前的大秦历史进行了恶补。魏就是想要找出一些蛛丝马迹，同时也有不少的国家开始担忧了起来。即便不愿意相信，但大秦帝国之前给出的信息以及那些人对待大夏人的态度，让一个又一个国家震惊又羡慕，且迫切的想要了解情况。大洋彼岸。 同理，如今整个蓝星几乎都被大秦帝国的出现而震慑到。当下论坛上各种声音不断，而且大夏方面已经要开始着手对那个秘境展开探索。自由国的国防作战眼下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各个部门忙得不可开交。指挥室内，一则则消息不断的从工作人员口中汇报。巨大的屏幕之上，正在不断的播放着关于之前大秦帝国降临的直播回放。几乎所有的自由国高层在前不久全部聚集到了一起。大秦帝国应该不会是大夏两千多年前的祖先吧？几乎所有的自由国高层在前不久全部聚集到了一起。大秦帝国应该不会是大夏两千多年前的祖先吧？ 如果是，就太可怕了。要是真像大夏网上说的仙人，那么我们一直所信奉的上帝，岂不是同样存在？目前的情况太过诡异，还没搞清楚那些裂缝通往的地方，现在又出来一个大秦帝国，甚至据了解的信息，还真的有可能是大夏历史上的那个大秦。他们死死的盯着直播回放，一个个画面依旧能够造成极大的震撼。当下除了议论之外，他们更是不得不为此考虑新的打算。身为统领的约翰听到议论，眉头依旧紧皱。 现在还不是下定论的时候，毕竟大夏那边都无法确定，这次出现的大秦帝国真正的来历还没搞清楚。我们即便再怎么揣测，也只会无功而返。他眼神犀利，缓缓说道：“如今最主要的，就是等大夏那边给出回应，看他们能不能让自由国也参与到对秘境的探索。”此话一出，在场的高层们皆是重重的点起头来。这一点，正是他们着重讨论的。毕竟只有这样，才能够随时随地的了解事情的进展。否则的话，大夏方面一旦封锁消息， 他们根本就无从得知具体情况究竟如何。至于对前面怀疑是大夏设计的阴谋，这样的猜测，当然已经被否决。要知道，那些大秦帝国的人不仅会飞，还拥有着类似超能力一般的恐怖手段。别说大夏了，整个蓝星的人类都无法做到这一步。约翰深吸了一口气，询问道：“已经联系大夏方面了吧？”“是的，统领。”“那就好。如今就等大夏的回应了。希望他们不会拒绝，否则无论对自由国还是其他国家。” 都是一个糟糕的情况。在得到了另一个高层的回答之后，约翰点了点头。经此一事，他明白蓝星已然无法保持淡定。神秘大秦帝国的出现，让无数人看到了与蓝星人类完全不属于一个层次的可怕人类。泡菜国代表着整个国家有权威的绿瓦台，气氛沉闷。统领着泡菜国的朴无力正在一个又一个高层面前不停踱步，脸上的担忧无法掩饰。怎么会呢？怎么会呢？他无法相信，又无法接受，不停的喃喃道。 那个可怕的大秦帝国，怎么可能是大夏两千多年前的祖先？如此漫长的岁月，他们又怎么可能还存在？至于仙人，哪来的仙人？不可能有仙人！统领、高层们看到这一幕，欲言又止，脑海中同样存在着疑惑。之前经过泡菜国历史教授的查证，他们得知了大秦确确实实的被记载了早已灭亡，而且后面的大夏又经历了多个朝代，甚至大夏所存在的史籍当中，都清晰的记载了大秦一统到大秦灭亡。 这是事实，同样还是大夏之人所认知到的真正历史。而先前出现的可怕大秦帝国，除了名字上，根本就没有哪一点能够对应上大夏历史中的大秦，什么都对不上。大夏更没有任何实质的记载与资料，所以面对完全跟大夏历史上大秦格格不入的大秦帝国，两者之间又怎么会有关联？朴无力倍感头疼。可在得知自由国已经向大夏申请一同对秘境进行探索之后，对，对对对，他猛地停下了脚步，一拍大腿。 满脸严肃的吩咐道：“快，快联系大夏，就说泡菜国也要一起进行探索。既然已经被迫联合起来，泡菜国应该有这样的资格。”大夏，京城，起源秘境，民心所向，决策着大夏一切重要事宜的金师阁内，大统领轻叹道：“此事无论是真是假，都太过震撼。”大秦王朝，大秦帝国，秦政，在一众金师阁高层的目光下，他思绪翻涌，最终摇了摇头。纵使是他，眼下都无法保持平静。 这次见到的外来者，听到的重磅消息，直至此刻还猛烈撞击着他的心神。是真是假，无从得知，而自己更是无法下定论。若是假的，那这一切是不是太过于巧合了？为什么偏偏大秦帝国的人对待大夏的态度明显要与其他国家不一样？为什么对方会说出大夏乃是大秦帝国后人这样的话来？可若是真的，大夏的历史中为何没有过多关于大秦的记载？各朝各代难道就没有发现这诸多的疑团？ 恐怕只有对泰山上那座起源秘境展开探索之后，才能够找到线索了。否则，目前根本无迹可寻。相较于愁眉苦脸的大统领，这件事太过匪夷所思，也来得太过突然，真不知道是好是坏。一众高层摇头叹息，根本就没料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相较于先前所遭遇的那些敌人，当下出现的大秦帝国更让他们头疼，且没有对策。不过好在 L 大秦帝国不像前面那些入侵的敌人一样，降临蓝星就发动侵略攻势。 正在众人沉默之时，大统领、统领秘书敲门后走了进来，认真的汇报道：“自由国、毛熊国、泡菜国、樱花国，就在刚刚，这些国家联系到了我们，请求一同与大夏方面对起源秘境进行探索。”哦，大统领眉头一皱，思索了起来。对于秘书所说的那些国家请求，他不得不好好的考虑一番。但此时，大统领，没这个必要吧？大秦帝国说了，起源秘境是赐予大夏的。 跟他们有什么关系？说的没错，那些家伙无非是想从中分一杯羹，不能答应。即便不知道是好是坏，可大秦帝国之前展现出来的实力，没有必要算计我们。所以，对于那些国家的请求，完全可以拒绝。在场的高层皆是表现的不满，纷纷开口，几乎都在反对。片刻后，我倒是有不一样的见解。大统领眼眸深邃，看着疑惑的众人解释道：“对于他们的请求，我想可以答应。从大局上，我们这么做。” 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矛盾，哪怕之前所得到的一些关于大秦帝国起源秘境的信息是假的，那些家伙也不会对大夏产生不满与猜疑，因为大夏，准确说是蓝星面临的处境，需要各国联合起来一致对付外来之敌。若全部是真的，那就最好不过，答应他们一起探索，那他们就没有任何理由说大夏什么，更是能让他们亲眼见到事情真相，无需出面解释就能大大增加大夏的声望。毕竟大秦帝国给我们的，那就是我们的。 他们想要夺走，无异于痴人说梦。而且大秦帝国的神秘与强大，能够让这样的一座秘境降临大夏，又怎么可能会被大夏以外各国染指？即便当下不能确定大秦帝国就是历史上已经灭亡的大秦，可我倒是希望这是真的。哪怕无法让其庇护大夏，却也能了解到真正的大秦历史，或者是整个大夏的历史。这，在听到大统领的这一番话，现场的高层们猛然一惊，幡然醒悟，这不无道理。于是，好。 面对各国的请求，经过再次的商议之下，再无异议。咸阳宫，秦正一边品着红酒，一边接到了蒙恬的通话请求。起源秘境是否已经置放大夏境内？看着画面当中的蒙恬，放下了手中的杯子，淡淡的询问一句。画面里，陛下，臣已按照您的吩咐，没有为难大夏后人，并且放了那些联合军。至于起源秘境，前不久已抵达目的地。蒙恬恭恭敬敬，如实的汇报着。 得知起源秘境已经安置到了大夏境内，有件事，谁让你走一趟？秦正点了点头，缓缓开口。瞬间，陛下尽管吩咐。蒙恬双眼明亮，当即朗声开口，言语中透露着兴奋，仿佛求之不得一样。秦正看到蒙恬的死出，心中无语，转而望向了画面中另外一个裂缝通道。你闲着也是闲着，去走一趟，看看情况。他眼眸深邃，悠悠道：“若没有价值，便毁了吧。”诺。 蒙恬得到指示，当即点头，朝身后的大军喝道：“尔等随我前往，为陛下开疆拓土！”高呼了一句之后，他率先冲进了先前大妖出现的裂缝。在他身后，大军无比振奋，杀气腾腾的紧随其后。秦政见状，关闭了通讯。诸葛丞相，别在外面站着了。他瞥了一眼大殿之外，淡淡开口。紧接着，脚步声传来，只见殿下的一片空间荡漾波纹。随后，一名手持羽扇，面容清雅。 眼神深邃而明亮，似能洞察人心的男子步履从容走进大殿。臣先前听到陛下与蒙将军有事商议，所以在外驻足了片刻。他轻笑开口，恭敬的躬身行了一礼。肉眼可见，他的身体若虚若实，像是随时会隐匿于虚空消失不见。对此，诸葛丞相是有何事？秦政由于深知对方不会轻易现身，更别说如今亲自前来，当下有些诧异。闻言，陛下，臣此次前来，确实有要事告知。 诸葛亮扇动着手中羽扇，朗声道：“陛下神威，率大秦广开疆土，方有如今大秦帝国之鼎盛，执掌多个宇宙，无数星域。虽大秦先有敌手。”诸葛丞相是说天外天的那些神魔。看着神色透露着无奈的诸葛亮，秦正眼睛一眯，缓缓开口：“能让诸葛亮头疼，大秦还无法彻底解决的，如今就属屹立于天外天无数岁月的至高神魔了。”正是。诸葛亮郑重其事地说道：“陛下，这么多年来。” 虽说大秦与天外天的那些神魔井水不犯河水，但也正因如此，双方必然会有一战。尤其是大秦帝国当前的鼎盛，臣认为有必要居安思危，先做准备。若是天外天的神魔联合起来，对大秦而言，无疑会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可想对付那些家伙，前往天外天肉身横渡不是个明智之选。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攻伐。因此，则需要足够的极神原石作为四维寰宇战舰的燃料。可如今这等核心燃料太过稀缺。 说到最后，他叹了一口气。秦政听到这番话，微微点了点头。对于诸葛亮所说的极神原石，他其实可以解决，尽管大秦帝国境内稀少，可利用声望值购买就能够解决。只不过当下声望还不够，但既然找到并且与蓝星建立了通道，这个问题就不再是问题。秦正淡淡一笑，不以为然道：“丞相大可放心，不出十日，朕便能解决。”陛下，您所说的办法是？诸葛亮倍感狐疑。 看着并不当一回事的秦正，疑惑更多。能找的地方他都让人找过了，极神原石的稀缺程度远要比自己想象的更加严重。陛下却说不出十日就能解决。面对诸葛亮的询问，秦正只是淡淡一笑，目光逐渐变得深邃下来，似乎穿透了多个宇宙、无数星域。起源秘境已经置放在大夏，接下来他只需要等待着蓝星那边引起反应即可。至于声望值，他就更不需要操心了。蓝星，大夏泰山，两天时间已经过去。 此时的山脚下早已经人山人海，皆在观望着泰山上方。各国的顶尖学者都过来了，要一起探索秘境。真不知道秘境中究竟有什么。要是能够通过秘境了解到大秦帝国就好了，我好激动啊！如果大秦帝国真是历史上的大秦，那得有多疯狂？如果真是我们的老祖宗就好了。可不是的话，他们为什么又要说大夏是后人，又要给大夏这样神秘的一座秘境？是与不是？等国家探索过就知道了。反正这次探索会以全程直播的方式进行。 我们即便不能进去，在外面也能看到里面发生的一切。希望不会有危险，否则的话，对各国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无数人汇聚在此，各种讨论络,络绎不绝。对于要进入秘境探索，他们充满了好奇与期待。毕竟之前无数人都看到了大秦帝国所乘坐、能行驶在星河之中的可怕战船，看到了大秦帝国之人的恐怖手段，种种一切，哪怕到了现在，却还是能造成极大的心神冲击。于万众瞩目下，以洛山河带领的一队将土为首。 已然抵达了山巅，在他们身后则是其他国家的卫队，护送着各国的顶尖历史教授，于立群跟赵永胜赫然在内。山河同志，接下来能够对秘境进行探索了吧？两人早已经显得迫不及待，要不是大统领说了安全为重，怕是早已冲了进去。闻言，洛山河笑着点了点头，道：“二老，你们先别太着急，我们先在前面开路。”说完之后，他带着一部分大夏疆土以及各国的护卫小队朝着起源秘境靠近。片刻后。 众人距离起源秘境已经不到十米的距离，所有人看着悬崖外宛如仙境、仙气飘渺的秘境，皆是充满了好奇与震撼。秘境可由大夏进行探索，洛山河对于不远处如同一座宫殿秘境充满了好奇，也迫切的想要进去了解诸多秘密。而随着他们的靠近，轰！一道巨大的轰鸣传出，地面剧烈摇晃起来，四面八方的空间一样在传出阵阵巨响。突如其来的动静，顿时让在场的所有人心头一惊，神色紧张。可下一秒。 一道紫光从天穹降临而下，落在了秘境之上。顷刻间，在一道道震惊不已的目光中，紫光越发璀璨，骤然绽放开来，笼盖了整座泰山。惊人的气息不断蔓延而出，如此异象，让洛山河等人猛地停下脚步，不敢轻举妄动。紧接着，又一声轰鸣随之而至。秘境前方，一条沧桑古老的阶梯竟然凭空幻化而出，抵达秘境的石门处，咔咔，阵阵声响传出。 巨大的石门开始震动起来，有光辉门缝中蔓延。随着石门逐渐打开，神光越发璀璨。眼看没有危险，走。洛山河警惕观察了一番之后，带人朝着秘境走去，每一步都小心翼翼。来到悬崖边，他试着踩在凭空幻化的阶梯之上，却惊讶的发现并不会失足，反而他的腿真实的落在了阶梯，并不是幻想。带着内心的震动，洛山河带着大夏的疆土以及各国的护卫队在最前方开路。 直至抵达了已经彻底打开了的秘境大门外，诸位教授，可一定要跟紧了。他转身看向于立群等顶尖学者，认真的说了一句：“L，不再犹豫，他踏进了石门。所有人随着踏出一步，只觉得眼睛一花，失重感袭来。即便是直播间，也完全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不知道过了多久，等到所有人再次睁开眼睛，却被眼前所看到的景象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此时，他们就像置身于一条通道当中，准确来说。” 他们来到了一个光怪陆离、周围能够看到漫天星河、鸿蒙宇宙的神秘世界。外面就是放眼无际的宇宙。低头一看，每个人都被吓了一大跳，下意识的连连后退。洛山河口干舌燥，难以相信眼下所看到的。我们从大夏抵达了另一个世界，他忍不住颤声开口，充满了震惊。其他人呼吸急促，看着周围的一切，陷入了浓浓的震撼之中。这个大秦帝国所说的起源秘境，究竟有着什么？各国的疆土？ 顶级历史学者头皮发麻，对于当下的景象看得一阵失神。这是一片宇宙，L，什么情况？秘境，快看，秘境怎么不见了？如今我们看到的，难道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星空？于教授他们进入了一个星空通道，这，这是怎样的手段？大秦帝国的人到底是怎么创造出这种秘境的？他们，他们甚至还有着类似于战舰，且像行星一样庞大的作战巨物，究竟处于怎样的文明层次？紫气东来。 这不是祥瑞吗？洛指挥官一行人向来不会有事的吧？秘境消失了，可直播还在。想来我们能亲眼看到一些关于大秦帝国的事情，或者找到大秦帝国留给大夏的东西。山脚下，直播间中的无数人看着紫气缭绕的泰山，亲眼看到了秘境消失，陷入了震惊沸腾之中。没有人能够想到秘境会消失不见，他们更想不到自己竟然能够在直播间中看到另一番辉煌，无边无际的茫茫宇宙景象。秘境中，相较于外界的沸腾。 洛山河一行人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小心翼翼的不断朝前方探索。如果有什么意外，先掩护我们的教授撤退。作为探路前锋，他转头吩咐着。在通道当中，他们看到了各种各样前所未见的星球，远比银河系还要璀璨的星河，比太阳系还要辽阔的星域。所有的一切都是前所未见。在胆战心惊中，众人看到了通道前方映照的亮光，像是抵达了尽头。可刚刚靠近，整个通道剧烈震动起来，轰鸣不断。 对于突如其来的情况，每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因为在直播间观众的议论中，他们知晓了秘境的消失，目前身处何处，他们并不清楚。由于洛山河走在前方，瞬间又被一道神光降临身上，笼罩全身。山河同志、于立群跟赵永胜见状，惊呼一声。至于其他国家的教授，则是害怕的想要后撤，可下一秒，确定为大秦后人血脉起源秘境开启，一道苍老。 自从远古传来的声音落入在场众人耳中，紧接着，通道的震动越发剧烈。没有人想到，真正的秘境竟然需要身份的检测。如果先前的对象不是大夏之人，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难道大秦帝国真是大夏人的祖先？瞬间，其余国家的疆土，教授在猜疑中不约而同的退到了最后，不敢轻易上前。洛山河也在懵逼中，感到眼前一花。一刹那，在他们周围的景象发生了巨大变化。任何人只觉得天旋地转。 等定睛一看，他们倒吸了一口凉气，四面八方尽是荒芜，阴风阵阵，肉眼可见的混沌充斥在周围，仿佛一个不小心，将会万劫不复。见此情况，许多进入秘境的其余国家之人，心中产生了退意。但洛山河看着陌生、荒芜的景象，强忍着心中的震惊，这才是真正的起源秘境吗？他呼吸急促，警惕地打量着周围，神色凝重道：“既然这是大秦帝国赐予大夏的。” 且他们说了，这对大夏来说是个机遇，不能就这么放弃。说完之后，他对于受到惊吓的外国人一阵鄙夷，再次带队前进。这次由洛山河带着大夏的疆土走在最前方，于立群这个大夏历史研究领域最顶尖的学者带着老朋友赵永胜跟在后面，不再害怕，而是带着满心的好奇，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大秦帝国的信息。要是能为大夏提供更多的有用信息，纵使前方危险，又有何惧？这是他们的内心独白，眼神无比坚定。至于其他国家的人， 当下只能颤颤巍巍的跟在后面，完全不敢轻举妄动。寻找期间，无论是洛山河，亦或者于立群、赵永胜等大夏之人，皆是感到了非同寻常的气息。前方有一股气息令人感到亲切，似在指引着他们。走着走着，洛山河停了下来，看那里，他说了一句，眼中带着震撼。前方不远处，屹立着一座雕刻着文字、隐约间还散发着光辉的巨大石碑。突然，于立群两眼放光。 迫不及待的就小跑了上去，见状，洛山河被吓了一跳，赶忙跟上。于教授，小心！他可不希望出现人员的伤亡，更别说像于老这样的瑰宝一样的学者。随着靠近，众人抵达了石碑之前，抬头看见了诸多晦涩难懂的文字。这是，尤其是外国人，一个个满头雾水，压根就看不懂。哪怕是他们当中的一些历史教授，但于立群在看到石碑上的文字之后，脸上的表情从茫然到惊愕，随后便是化作了震惊。 这，这是秦传。他脸上的震惊化作激动，高呼了一声。专注研究了大半辈子的历史，他一眼就认出了这是两千多年前的秦传，而且这是那个时期的官文。刹那间，于立群口干舌燥，指着石碑颤声道：“或许，或许大秦帝国真是大夏历史上的那个大秦。尽管还没有确定，可这足够让他难以控制情绪，显得失态。”闻言，在场所有人倒吸了一口气。洛山河满脸难以置信看着石碑上的文字。 艰难开口道：“于老，既然您能看得懂《秦传》，那这些碑文是不是记录了什么？我先看看。”于立群极力克制内心的激动，一边认真观摩，一边翻译道：“秦王三十七年，咸阳变天，天穹有怪力撕开裂缝，域外有妖族入侵，大秦遭遇史前危机，人族岌岌可危。然于天下被域外妖族彻底占据之前，陛下承天运，欲大秦踏入仙途，斩域外妖族，平祸乱。” 欲打造真正先秦，停顿了一下，他眼中满是震惊的颤抖起来。在场之人，无不是瞪大了眼睛。L，妖族入侵，打造真正先秦，这是什么惊天消息？大秦帝国当真是大夏历史上的大秦？可这样的记载，身为后世之人，他们却从未得知。嗡<问>，正在所有人都被余立群翻译的文字内容而感到震惊之时，一道嗡鸣落入了耳中。突如其来的声音，让他们猛地抬头。此时的石碑。 竟开始颤动起来，爆发璀璨至极的光芒，无尽的神光映照着整片空间。在这一刻，于天幕之上形成了一幅庞大浩瀚的画面。如此异象，彻底将进入秘境的众人吓得大惊失色，连连倒退。可还不等他们说话，杀！一道暴喝在每个人的耳边响彻，令人心神狂震。紧接着，天幕漆黑的画面逐渐呈现了一道道身影，那是一个又一个踏空而行、御剑而飞、满脸肃杀的疆土。 大秦的旗帜在虚空中摇摆，而画面当中，天穹被撕开了一道触目惊心的恐怖裂缝，源源不断的有一头头体型庞大、面目狰狞的大妖降临。他们的出现，让整个世界为之暗淡下来。虚空中，一身着纹龙刻凤、尽显尊贵玄色长袍的青年剑眉星目，身上透露着帝王气息，静静站在那里，就是无法忽视的焦点。区区域外妖族，也配为祸大秦？他冷眼看着从裂缝中入侵的大妖，腰间宝剑不断嗡鸣。 冷声开口道：“大秦境内，妖魔尽行，尔等随寡人于今日，杀出一条成仙路。”一道道话语透露着无边杀意，霸气凛然，浑然不惧一尊尊可怕大妖。话音落下，一声剑鸣响彻八方，一道剑芒冲天起，耀眼慑人。青年英俊不凡，散发着盖世之势。域外之敌，不受降，杀无赦。他的声音如同闷雷，似有魔力，令身后无数的大秦将吐吐气高涨，振臂高呼。 刹那间，他手中长剑绽放浩然剑气，直奔裂缝走出的狰狞大妖而去，气势盖世，势如破竹。青年每挥一剑，剑光如同映照诸天，剑气蔓延数万里。扑哧，扑哧，扑哧，一尊尊大妖在他面前犹如玩物，每一剑皆是带起大片鲜血，惨叫不绝。八方虚空，血雨越下越大，睥睨一切的青年如入无人之境，没有任何敌手，一路杀上天穹。眼见青年如此。 斩妖魔，踏仙路，杀！无数的大秦将，土野谋透露着无尽狂热与滔天战意，在此刻全部冲天而起，展开血腥杀戮。其中，白起坑杀的人多了，今日诛妖，倒挺新鲜。一名嘴角噙着冷笑，身上煞气滔天的男子厉喝一声，踏出一步，竟让空间都为之炸裂。瞬间，他杀入了一尊尊大妖当中，刀光漫天。最为吓人的，还是那名举手投足就能够斩杀数尊大妖的青年。 剑光凌厉，宛如世间无上帝王，一次次的出手杀戮，惨叫从未有过间断，血染天穹，血光映世，血腥恐怖的画面下方，这这些确定是人，仅仅只是一把剑，却拥有着毁灭之威。他们，他们全是仙人，面对那些大妖，他们没有枪，没有炮，可依旧能够对其展开杀戮，而且还那么轻松。他们全是大夏历史上那个大清王朝的人。Oh my god，上帝，我看到了什么？ 快看那个，那个不是之前叫做蒙恬的人吗？他他活了两千多年。自由国、毛熊国、樱花国等进入秘境的其余国家的人，一个个看傻了眼，满脸惊恐的颤抖着。如今站在原地，他们仅仅看着画面就感到窒息。眼下所看到的，让他们惊恐万分，难以相信。按照之前大夏那个历史教授的翻译，这些人就是大夏历史中大秦的人。之前出现在太平洋那个裂缝的大秦帝国，就是大夏两千多年前的大秦。 大夏人的祖先，而在他们的惊骇之中，那个年轻人就是始皇帝，一定是他，不是他的话，又怎么可能号令那么多的大秦疆土？不对，怎么怎么白起还活着？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踏仙路两千多年前的大秦就已经修仙了，面对入侵的妖族，不仅能够正面交锋，甚至还能对其进行屠杀。洛山河与大夏的疆土全然不顾身后那些外国人在喊什么，而是满脸骇然的看着恐怖画面。秦政。 始皇帝率领大秦修仙，甚至还要杀出一条成仙之路，这是多么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而且，本该死了的白起竟然没有死，还跟着始皇帝一同杀敌。而在他们前面，秦王三十七年，不就是前二百一十年吗？按照记载，始皇帝不是在这一年驾崩了吗？于利群的震撼远超于他人，研究了大半辈子的历史，当下失态的惊呼道：“怎么会？怎么会这样？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吗？” 史书当中所记载的，难道全部都是错误的？始皇帝在这一年率领大秦修仙，抵御入侵的妖族，而且活不到这个时候的白起竟然还活着，而且看样子，始皇帝还没有称帝，这到底到底怎么回事？这一刻的他，在震惊中变得茫然起来。向来自诩对大夏各朝各代历史了如指掌的他，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当中。如果历史是真，那亲眼所见，关于大秦的历史又是怎么回事？若眼下所看到的才是真？ 那为什么史书上没有相关的记载，更没有任何大秦修仙的痕迹？两千多年前的大秦到底是怎么回事？而大夏之后的朝代，为什么流传下来的史书都说大秦已经灭亡？无数的疑问涌现在于利群的脑海当中，而不仅是他，在场的洛山河、大夏疆土同样有着深深的疑惑与一个又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若如此恐怖的大秦才是历史上的大秦，那我们了解的大秦全部都是假的吗？他们神色变得茫然，陷入了深深的怀疑当中。 因为当下看到的才是真正的大秦，那么他们所了解到的、认知的大秦，只要是关于大秦的一切都将被推翻，包括两千多年来大夏的所有历史。我们大秦时期的老祖宗就已经修仙了，而且就已经这么恐怖了。那个记录画面出现的大妖，明显要比之前出现的异族还要强大。可降临大秦却是被屠杀的下场，人屠白起，他他不是在始皇帝两岁左右就已经死了吗？始皇帝，那是始皇帝。 他一个人就杀得血流成河，一个人就能够让那些入侵的大妖畏惧。他真的修仙了？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要带领着大秦杀出一条成仙路。这一场大战发生在前二百一十年，始皇帝驾崩的那一年。这来个人告诉我，画面里始皇帝有半分要驾崩的样子。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如此恐怖，那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大秦还存在得恐怖到什么程度？是否又发展了超前的科技？西巴，太吓人了，不可能。 大夏的祖先不可能这么恐怖，不可能是仙人，这一定是入侵者的手段。他们掠夺并且篡改了有关于大夏历史上那个大秦的信息，为的就是让大夏人去相信，掉以轻心。好，第一个作为占领的目标，幽西肯定是这样。如果大夏的祖先就已经这么强大，为什么大夏后面会有那么惨烈的近代史？直播间里，无数大夏国人同样被吓了一大跳，陷入前所未有的震惊中，看着秦正在画面中大杀四方。 历史上已不属于秦政那个时代的白起还活着，而且一个又一个的大秦疆土修宪，这诸多的信息让任何一个大夏国人为之傻眼，头皮炸裂。看到的是真，那他们耳濡目染认知到的大秦历史岂不就是假的？大秦的历史是假的，那后面的大汉、大隋、大唐等等诸多朝代，难道也都是假的吗？这样疯狂的想法让直播间里的大夏观众疯狂的议论着，而在震惊过后，各国的观众无法接受。 根本不愿意相信看到的画面，纷纷反驳，推翻大夏观众所有的猜测。大家有这么恐怖吓人的祖先，他们简直不敢细想，几乎全部都当作异族大举入侵之前的阴谋。在他们看来，大夏将会成为异族首个主要入侵的目标。掀起的轰动之后，当下的起源秘境中，在全球无数人的观望之下，于立群等人依旧处于浓浓的震撼中，久久无法自拔。先前所看到的画面，还在他们的脑海当中挥之不去。年轻的始皇帝。 出乎任何人意料，还活着的白起，修仙的大秦，身为入侵一方却被屠杀的大妖，无论是哪样，都给他们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此时，天幕上的画面渐渐消散，直至消失不见。呼，呼！即便已经震惊，可现在所有人都在大口的喘着粗气。哪怕前面只是看到的画面，眼下已然造成了实质的影响。天地间隐约弥漫着肃杀、挥之不去的血腥气味。于立群艰难咽着口水，身体颤抖。 抬着的头难以放下，之前看到的是真，是假？他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去思考，甚至只觉得像是做了一场梦。可转过头看到了洛山河、老友赵永胜以及一个个大夏将土与别个国家震撼的神色，他又无法去否认看到的那些是假的。大夏的历史，难道真的要重写？国人所认知，自己研究了大半辈子的历史，莫非全都是虚假的？大夏真正的历史，得先从大秦揭开。此时此刻，在场的众人陷入了死寂。 沉默了下来，不管信与不信，他们先前的的确确是看到了非同寻常、颠覆认知的大秦。突然，这里面一定还有着其他的线索。于立群忽然开口，眼眸中透露着强烈的迫切，急促道：“大秦帝国让这座秘境降临大夏，除了让我们了解大秦帝国的发展，之前蒙恬还说过，给大夏留下了基础功法，一定要找到。当下的他，比任何人要更加想了解大秦帝国，甚至都不等其他人反应过来。” 他看着前方的荒芜之地，没有任何惧怕，大步深入。见状，于老、洛山河回过神来，连忙喊了一声，急忙带着大夏的疆土跟上。身为古生物研究的赵永胜，深吸一口气，如果大秦帝国就是历史上的大秦，不仅是大秦，整个大夏的历史都得改写。他嘴里喃喃，感到无比疯狂，却没有任何怠慢。他连忙跟了上去。身处秘境的各国之人，哪怕不相信，却已经打消了离开的念头。 乘 l，每个人皆是想要更多的了解到这里面的信息。如今，各国队伍继续深入荒芜，透露着沧桑气息的秘境中，任何一切都令人极为重视，生怕错过重要的信息。所过之处，除了其他国家的，于立群等大夏之人，心中越发的紧张，不知道接下来还会看到什么。可无论看到什么，他们心里面已经动摇起了对大秦的认知。先前所看到的，或许才是真正的大秦历史。可为什么会没有半点记载？洛山河一边深入。 一边忍不住询问道：“于老，大秦历史若是需要重新了解，那后面的各个朝代，岂不是都有可能是假的？可以这么说。”于立群一脸郑重点头，内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得到了回答，洛山河等大夏之人心跳加速，更加认真地对周边的事物进行更细致的探查，不放过丝毫蛛丝马迹。每个人皆是清楚，这对大夏而言意义重大。片刻后，前面又有一道石碑，而且也刻着于教授说的秦传。 有在前方探路的大夏将土返回，朗声汇报。闻言，于立群像是打了鸡血一样，赶忙道：“走！”加快了脚步，他迅速冲到汇报的将土跟前，让其带路。所有人跟上，眼中带着惊疑，不知道接下来自己会看到什么。不多时，众人抵达了又一块参天的石碑前，抬头看去，与先前看到的石碑相差不多，同样雕刻着密密麻麻文字。这上面又记载着什么？看到恢弘石碑上的复杂文字。 在场众人的目光不约而同看向了于立群。先前的信息，直到现在还让他们备受震惊。如今这块石碑上，显然有关于大秦帝国的其余记载。想要了解清楚，就必须翻译过来。在一道道目光注视下，天哪！于立群在看过了石碑上的文字之后，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震惊的翻译道：“秦王四十年，于这一年，改成为始皇四十年。这一年，陛下前后率大秦平定了数次域外异族的入侵。” 天下彻底实现大一统，然，陛下不忘欲要踏出成仙路，剑指星河。这一年，大秦帝国随陛下举国飞升，朝着星空进发。于星空中，陛下登基，为始皇帝。大秦奉陛下之命，打造星际帝国。翻译着石碑上的文字，他脸上的震惊越发浓郁，直到最后无以复加。这与自己所研究的大秦历史完全不符。剑指星河，举国飞升，星空登基，大秦打造星际帝国。 一个又一个信息正在猛烈地撞击着于立群的心神，这，这才是真的大秦历史。他身体连连倒退，满脸惊骇地看着石碑，感到难以置信。随着翻译，他脑海空白一片，神色变得茫然。这么多年的研究，结果全部是虚假的。真正的大秦，在前二百零七年的时候没有灭亡，而是奔赴了星空。秦政带着大秦修仙，踏仙路，举国飞升。不只是于立群，什么？其他人听到翻译之后。 无不是瞪大了眼睛，失声惊呼。这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个晴天霹雳，要比之前所了解的要更让他们震惊。准确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惊吓。可就在众人目瞪口呆的看着石碑时，轰咔！天地轰鸣，整个秘境颤抖起来，四面八方有狂风袭来，巨大的石碑剧烈摇晃，有刺目的光芒绽放而出，一道光束直冲天际。看到突然出现的异象，身处秘境的所有人身体止不住倒退，口干舌燥的抬头看向天幕。 哪怕之前看过了虚空投影，可这一次，他们依旧为之紧张。紧接着，虚空嗡鸣，荡漾阵阵波纹，一幅巨大的画面随之出现：，今天下平定，大秦之先机得以巩固，域外之敌不敢再窥探。在周围无数大秦将土的簇拥之下，秦政脚踏虚空，负手立，眼眸透露着无上帝王威严，如俯瞰万物的主宰，朗声道：“秦之脚步，需继续向前，这方世界。” 已被寡人之大秦所征服，而寡人要的不只是这片天下，寡人要的天下，乃是外面的一个又一个世界。今日，寡人将率领尔等踏上成仙路，进军星河，创先秦不世之基业。一道道声音如同天雷滚滚，疯狂炸响，漫天轰鸣，天地色变。几乎在秦政话音落下的瞬间，踏仙路，仙秦，仙秦，整幅画面在此刻变得不断起伏，无数疆土呐喊，整个大秦天下为之沸腾。 仿佛有浩瀚磅礴的气势，排山倒海般的蔓延而出，哪怕只是一个画面，这足以让身处秘境当中的任何人毛骨悚然，脊背发凉。而在他们的震惊目光下，轰隆隆，秦政周围的空间不断炸裂，风雷涌动，蔓延八方。在无数大秦之人的狂热目光下，他手中长剑出鞘，直指天穹，剑鸣绕耳，铿锵不绝。八方死寂，随寡人踏仙路。秦正一声令下，手中要是长剑朝着天幕斩出。 肉眼可见的，天穹被展开了一道巨大的裂缝，像是天门开启。看到这一幕，轰！秘境中的任何一个人目瞪口呆，头皮炸裂，张大着嘴说不出话来。紧接着，他们瞳孔收缩。画面当中，秦正浑身气息飘渺，犹如谪仙，一步一步走向了被展开的天门。而在他身后，白起、蒙恬等大将与无数大秦将土眼神狂热，身体缓缓腾空，紧随其后。即便是大秦天下的诸多百姓。 竟也能跟随飞升，这一刻，大秦，全民举国飞升，令人难以置信，如同做梦一样的画面。咕噜，无论是大夏亦或者其他国家的人，皆在艰难的咽着口水，听到了前所未见的恐怖景象。大秦，全民飞升，当下，耀眼的光芒覆盖了整个秘境，仿佛将所有人带往了另一处空间。所有人只觉得眼前一花，等再次睁眼，却是看到了浩瀚磅,磅礴、无边无际的无垠宇宙。咚，咚。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阵阵轰鸣声回荡，这样的动静让他们心头震动，不由自主的紧张起来。随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他们看到了毕生难忘的一幕。只见在前方的星空当中，秦正一步一步的朝着走向高处，每落下一步，仿佛引起了宇宙的轰鸣，为之颤动。在他脚下，凭空出现的阶梯不断拼接，在上方位置，一个晶莹剔透、由无数宝石打造、雕刻而成的宝座，流光熠熠，显得神圣辉煌，与无数大秦疆土。 百姓的狂热目光中，今日寡人再次登基，称始皇帝。秦政走到了宝座前方，缓缓开口，随着落座，宇宙炸响，似在惧怕无上的帝王气息，仿佛让诸天都为之颤抖。如今的他睥睨一切，如同一尊未来的至高主宰已然崛起。看到这一幕，陛下由陛下带领，先秦将照耀诸天。无数声音此起彼伏，气势之强，令宇宙都为之颤抖。这次画面所呈现的。 则是秦政登基，星空登基称帝的画面，阵阵呐喊声不断回荡在秘境中。画面尽管已经定格，可登基之后的秦政只是坐在辉煌宝座之上，却足以让任何看到之人不敢直视那双深邃、极具威严的帝王之眸。哪怕不是真实，却让人身临其境，在惶惶帝威下忍不住匍匐在地，顶礼膜拜。直到意象消失，虚空上的画面缓缓消散，秘境中每个人却久久无法回过神来，呆滞的抬着头，没能从之前的震惊中走出。 始皇四十年，相对应的则是大夏历史的前二百零七年。那一年史料中记载大秦灭亡。可于立群研究了大半辈子的历史，当下的震撼远超他人。失声道，可我们所看到的大秦却与历史记载完全不同。不仅大秦没有灭亡，反而在始皇帝的带领下成为了先秦。哎哦 <L>，始皇帝带着大秦全民飞升，踏上了成仙路，离开蓝星，前往了宇宙之外，在星空中登基称帝。本就年过半百。 他想着之前所看到的一幕幕画面，差点就倒在地。眼下，他不得不怀疑起来，同时正视起在这个秘境中所看到的关于大秦帝国的信息。如果史料记载中的大秦是错误的，等下看到的才是真正的大秦，那这么多年来自己的研究岂不全是无用功？最最最主要的，还是大夏早在两千多年前，祖先们就已经拥有了那么恐怖的能力，乃是仙人身份，可为什么没有留下任何相关的记载？难道大秦举国飞升？ 关于大秦的历史，就只是始皇帝故意留下来的，又或者出现了断层，诸多的疑惑涌现在于立群的脑海当中，让他神色茫然，心中不断的猜想着。而旁边，始皇帝劈开了天门，踏上成仙路，率领大秦举国修仙，星空登基称帝。洛山河与赵永胜等大夏之人回想着先前看到的画面，依旧处于前所未有的震惊当中。这简直要比看科幻电影还要科幻。两千多人的大秦，已经开始修仙。 至于历史中记载在前二百零七年就灭亡的大秦，并不是记载的那样，而是在那一年，始皇帝带着大秦举国飞升，离开了蓝星，在星空中完成了登基的浩瀚壮举。身为大夏子孙，他们懵逼、震撼。这一刻，他们除了震惊，心中越发的动摇起来。那就是，这么久以来，大夏与大秦的记载，恐怕都是残缺的，又或者都是虚假的。在这秘境中所看到的、了解到的信息，恐怕才是历史上真正的大秦。 其他国家的人则是全部呆若木鸡，眼睛不断的打量着于立群等人。大夏两千多年前的那个大秦王朝，准确来说是大秦王朝的皇帝，竟然是修仙的仙人。樱花国帝家伙，你们的祖先不是跟大夏人的祖先有着不小的渊源吗？有没有相关记载？其他的不清楚，可两千多年前的大秦皇帝确实有派人外出寻找仙人的史料记载。难道我们看到的全部都是真实的大夏历史上的那个大秦？两千多年前就能够开天辟地，而且能够做出举国飞升？ 星空登基这种恐怖的事情，那么两千多年过去，那个大秦帝国可想而知的有多恐怖。一个个国家的历史教授经过对樱花国的教授询问过后，再次陷入了难以自拔的震惊中。原本他们以为这只是那个所谓的大秦帝国对蓝星入侵前的阴谋，却没成想看到了那么多恐怖画面以及匪夷所思的信息。此时，于立群没有再继续认为历史记载中的大秦真的，而是转头看向了洛山河。洛指挥官，麻烦你转告大统领。 想要证明大秦帝国与历史上的大秦王朝有没有关系，恐怕需要国家的帮助。前往咸阳以往的秦时遗迹、古墓，甚至包括一些秦朝的文物，这些要细细的勘察，看能否找到一些线索。他深吸一口气，郑重道：“当下的情况，已经不能够凭借史书记载去辨别了。我猜测，起源秘境关于大秦的种种信息，恐怕才是真的。即便不是我们历史上的大秦，那是不是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平行世界里的大秦？不管怎样。” 这对大夏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需要尽快搞清楚。L，好，洛山河郑重点头，明白这种事情不能轻视。带着满心的震动与期待，他同样迫切的想要搞清楚情况。其他国家的人闻言，心头一惊。对于大秦帝国的出现，他们不比大夏的好奇心少，反而想要搞清楚的想法更为强烈。除了秘境里的众人，如今的直播间在看到了第二个石碑留下的影像之后，全球目睹了直播的观众再次炸裂。 大秦帝国真的是咱们历史上的大秦？始皇帝带领着整个大秦飞升，离开了蓝星，又在星空中登基。除了人，这些事情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记载。究竟怎么回事？历史为什么会遗漏这么多？两千多年过去了，如今的大秦发展的如何了？既然蒙恬还活着，岂不是说始皇帝也还活着？太可怕了！不可能，这不可能是大夏的真正历史。如果两千多年前的大夏祖先就已经这么恐怖，那为什么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才再次出现？ 说的没错，绝对是大秦帝国的阴谋。他们先以这样的方式取得大夏的信任，之后先从大夏入手，展开对蓝星的侵略。大夏的家伙，别高兴的太早了，这不可能是你们历史上的大秦王朝，他们是全蓝星的敌人。前面看到的简直要比我们自由国的科幻片还要科幻。如果这是大夏的祖先，大夏早就已经称霸蓝星了，又怎么可能会有后面那么多次的分裂？哼，大秦帝国绝对是更高文明、拥有着更高智慧的入侵者。 他们绝对是想以这样的方式让大夏、让蓝星掉以轻心，之后展开真正的入侵。L 除了大夏国人陷入震惊之中，其余国家的观众在震惊过后疯了一样的议论起来。先前所看到的画面确实让他们震惊不已，可震惊过后，他们却对大秦帝国感到深深的忌惮。能够创造这种秘境，足以证明手段之强大，实力之恐怖。一旦入侵，蓝星必然岌岌可危。闪闪离山。 一支考古专家队伍在收到金世阁的消息之后，立马就奔赴了此处。如果在直播画面里看到的全是真的，那这一切该有多疯狂？举国飞升，星空登基，在两千多年前，始皇帝竟做出了如此惊世之举。那直到现在，大秦又将变得多么恐怖？你们说有没有可能，蓝星遭遇万族入侵的危机，始皇帝知道了此事，所以派蒙恬前来查看。哪怕看到了起源秘境中留下的影像，可我还是不敢相信大秦没有被灭亡。 而是离开了蓝星，真不知道此处有没有大秦。准确来说，先秦有关的东西与线索，尽管不能挖掘，可我们这次是带着命令来的，希望能有收获吧。博物馆跟咸阳那边的人员已经出发，任何一件文物与秦时旧址需要重新观摩并且研究。只是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不知能否找到证明历史上的大秦就是大秦帝国的东西或者证据。队伍当中，每个人都被直播所看到的画面深深震撼着，哪怕依旧不敢相信，可他们却无法克制动摇的内心。 毕竟，就连大统领都下达了对大秦全方面的深入研究，为的就是要找到相关的线索或者证明。除了他们之外，大夏的顶尖专家团队正朝着陕省赶来，只为寻找跟大秦帝国相关的任何信息。大秦帝国的出现，让整个大夏为之重视，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试想，本该在两千多年前就灭亡的大秦，以及始皇帝，包括诸多历史中的人物，还存在，还活着，再再次出现，这是多么疯狂的一件事！所以，无论是为求验证，还是搞清楚大秦帝国的来历， 大夏不得不重视，不得不做出行动。全世界被直播呈现出来的画面震惊之时，身在起源秘境的众人早已经变得麻木。哪怕影像已经消散，可他们的目光依旧带着震撼，愣愣的站着面前的巨大石碑。在这秘境之中，到底还存在着什么？那么恐怖的画面，就算再怎么使用特效都拍不出来。所以，那真的会是大夏历史上的大秦吗？如果是，为什么连大夏的人都不知道，甚至没有任何相关的记载？其余各国的人缓了缓。 再一次议论起来，在秘境中看到的，已经远远出乎了他们的预料，而且直到现在，都没有出现任何危险。樱花国的一名历史教授忍不住说道：“之前大秦帝国的人说了，这是他们给大夏的，从开始到现在都没有遇到危险，这可以证明对方没有恶意。但我们所看到的那些画面……”说着说着，他没有继续往下说，可话说到这里，要表达的意思已经很明显。其他国家的人听到这番话，议论的声音顿时就少了许多。“是啊。” 他们的目光望向了于立群，洛山河眼中带着震惊，内心掀起巨浪。要是那个可怕的大秦帝国就是大夏的祖先，那之后的大夏将会彻底变得不一样，甚至可以说不用再担心万族入侵的危机。可他们不一样。此时，于老大统领已经下人命令，重点对陕省进行调查。洛山河看着依旧震撼的外国人，轻声说着，心中同样震动。大秦帝国的出现，再加上先前所看到的画面。 让他有些期望，真的是历史上的大秦，而历史上的大秦在始皇帝的带领下修仙，踏上仙路，这样的历史要是真的，那么大夏当下认知到的历史，只怕要全部改写，这是一件惊天大事。于立群闻言，点了点头，郑重说道：“若是历史要全部改写，我不敢想象。”说出这番话，他的目光落在了深处，因为他还记得这个秘境是大秦帝国赐予大夏的，肯定存在着什么。没有再过多停留，继续找找看。 一定还有什么我们没有发现？于立群看着洛山河说道，立马朝着更深处前进。此时的他，已经不觉得疲惫，反而充满了动力。内心的震惊让他不得不迫切的想要了解清楚事情的真相。见状，快跟上，保护好于老！洛山河看向身旁的疆土，吩咐，连忙跟了上去。而其他国家的人，没有任何迟疑，紧随其后，因为他们清楚，这个起源秘境当中所存在的信息，任何一个都是重要的，尤其是对大夏而言。 如果他们能分到些许好处，那自然最好不过。那么恐怖的大秦帝国给的东西，绝不会简单。一行人几乎走到了秘境的尽头，终于再次有了发现，石碑又出现了。有人喊了一声，瞬间，所有人加快了前进的脚步，抵达了目前为止最大的一块石碑之前。在这里，他们看到了更深处已然是一片混沌。在这混沌之外，一块直插云霄的石碑伫立于此，仅仅只是看着，就给人极大的压迫。与先前的石碑一样，在这块石碑之上。 同样有着几行文字，只不过除了于立群之外，其他人根本就看不懂上面的字究竟写了什么。也正是因此，在场众人在看到石碑的那一刻，目光陡然看向了对秦传有着颇多研究的于立群，默契的安静了下来。面对众人的目光，于立群目光看向石碑，眼睛逐渐睁大。始皇二二六八年，没想到大夏延续至今还有后人。他刚一翻译，现场死寂无声，随后继续翻译道：“陛下得知，龙颜大悦。” 大秦帝国早已开疆拓土，距祖星早已有着多个宇宙的距离，陛下无法直接率大秦帝国返回祖星。陛下仁慈，闻大夏遭遇万族入侵之危机，于是赐予大夏起源秘境一座，秘境中有陛下留于后人的修仙功法，以陛下之名命名为“秦皇呼吸法”，供大夏后人参悟修炼，以此重启修仙之路。面对入侵，可强势回击，不受异族欺压。望大夏后人参悟功法后，可以奋力修行。 早日踏上仙路。将文字翻译过来之后，他已经瞪大了眼，胸口剧烈起伏，身体止不住的颤抖起来。始皇二二六八年，这这岂不是说大秦帝国就真的是我们历史上的大秦，并且延续至今？洛山河听到翻译之后，瞳孔骤然一缩，失声道：“不然，不然，这该怎么解释？先前都没有确切的信息证明大秦帝国就是我们历史上的大秦，可现在时间完全对得上。这说着说着。” 他开始变得语无伦次起来，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石碑，他的身体同样在颤抖。其他的大夏将土口干舌燥，已经不知该说些什么。大夏历史上的大秦，延续到了现在，甚至这座秘境是始皇帝专门赐给大夏的，而且希望大家能够修仙，重新开启仙路。之所以这样，全然是大秦帝国不在蓝星所在的这片宇宙。其他国家的人听到余立群翻译过来的信息，全部惊的下巴几乎要掉到地上。十什么？他们失声惊呼。 头皮炸裂，哪怕再不懂，哪怕再不了解，可听到洛山河等人的话，他们又怎么能不懂？前面在太平洋看到了恐怖大秦帝国，竟然真是大夏人的祖先，只不过…… l、哎、<呦>众人的震惊并没有持续太久。轰隆隆！剧烈的轰鸣声中，这座矗立在秘境尽头的石碑剧烈震动了起来。巨大动静让在场众人瞬间安静。紧接着，在他们的目光之下，石碑不断有光辉绽放而出，璀璨之光映照天幕。 原本古老阴森的秘境，在此刻变得神圣辉煌。在这一象下，无论是谁，当下张大了嘴巴，却说不出话来。而抬头看去，头顶上的虚空变得扭曲，逐渐化作了一幅遮天蔽日的画面。当看到这里，现场彻底安静下来，即便是直播间，弹幕都全部消失。在无数目光的注视下，画面缓缓呈现，所有人能够看到一片漆黑、无边无际的浩瀚画面。怎么回事？这一次，他们惊诧不已。 相比于前面，这次明显不同。哪怕只是画面，他们却感受到了空气都弥漫着压抑的气息。在所有人不明所以之时，吼，轰，轰，轰！今天的巨响与怒吼声不断传来，让整个秘境都在颤抖，想要崩溃。在一道道目光下，一个沧桑、古老的宇宙画面呈现出来，其中各种巨大的生物盘踞在宇宙当中，狰狞、恐怖。他们的体型竟然要周围的星球还要庞大，甚至。 所有人都看到了心惊骇然一幕。只见画面当中那片宇宙的最深处，有几道屹立在宇宙当中的巨大身影，每一道都给人极大的压迫，几乎快要窒息。哪怕只是模糊不清的身影，只是画面中看到，却让他们头皮炸裂，心神狂震，仿佛对方只需要一道目光，就能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那究竟是怎样的存在？是怎样生命层次的存在？在极大的压抑下，画面还在变化。有人艰难开口。 所有人强忍着内心的恐惧与身上无形的压迫，再次抬起头来。此时，画面放大，一道道目光突然露出了更为浓郁的惊骇，粗重的呼吸声不断传出。只见，在那个令所有人毛骨悚然、几乎要窒息的宇宙画面之外，一道人影正站在那里，背对着他们。这是一道背影，可哪怕只是背影，却让他们清晰的感觉，诸天寰宇仿佛都为之站立。也正是此人的出现，先前画面中盘踞着无数恐怖存在的宇宙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 其中还能看到诸多生物眼中的惊恐，似乎他们对于出现的人感到畏惧。这道背影不算太过庞大，甚至与正常人的体型无异，可站在那里却比天高。他像是屹立在无数宇宙之上，凌驾于诸天万物生灵之上，俯瞰着一切。秘境中的一个个外国人身体颤抖，脸色惨白。然而于立群、洛山河、赵永胜以及在场的大夏疆土却是猛然一颤，身体虽在颤抖。 但脸色却是变得通红，甚至能感受到体内的血液在沸腾。那处于朦胧氤氲之中的背影，他们能依稀看出，穿着一身黑色的龙袍。在其旁边的虚空，似乎不断有龙吟声传出，整个宇宙仿佛在为他而站立，或是膜拜。只是站在那里，就镇压了一切。那那是于立群张大了嘴，死死瞪着眼睛。而此时，大夏的后人那道身影开口了，声音飘渺，诸天万界。 岁月如梭，没想到大夏还有后人，也好。朕赐起源秘境，次尔等后人成仙之路。再次开启修仙纪元，朕等着尔等到来。话音落下，一道轻笑悠悠回荡，可这道笑声却让此人面前的那一方宇宙都为之崩溃，无数生物，乃至是宇宙尽头那一尊尊巨大恐怖的声音都在站立。画面到这里，逐渐变得模糊，最终消失不见。可此时，众人的耳边却还能够听到阵阵轻笑，以及满是惊恐的惨叫声。 四，足足缓了好几分钟，现场众人无不是倒吸了一口凉气，想起之前所看到的一幕，他们脊背发凉，神色都苍白了起来。那个无边宇宙中的恐怖生物，哪怕只是画面，却足以令他们毛骨悚然。但随着那道背影的出现，一切都变得黯然失色。哪怕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却能够令诸天为之颤抖。而从那些话语当中，一个又一个其余国家的人头皮炸裂的看向了在场的于立群等大夏众人。刚刚，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背影的主人，难道就是？ 你们历史上的始皇帝，那个人竟让宇宙都惧怕。如果那真是大夏历史上的始皇帝，按照他说的，大夏岂不是真的能够修仙？他们傻眼了，失声惊呼着，脑海不断轰鸣，之前所看到的画面对他们的心神造成了巨大冲击。如今猜测，更让他们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满脸震惊骇然。始皇帝，那是始皇帝！于立群再也无法压制内心的激动，失态的高呼起来。当下，他不再去怀疑，始皇二二六八年。 这是大秦延续至今，已经过去了两千多年。无论从时间上，几块石碑之上的信息，亦或者先前所看到的那道至高无上的背影所说的话，都无不印证着大秦至今还存在。两千多年前的大秦，已经踏上了仙路，离开了蓝星。他们还存在于蓝星之外的遥远宇宙中。始皇帝还活着，大秦还存在。作为历史教授，于立群当下的激动与振奋远超任何人。恐怕大夏不需要再去验证，大秦帝国就是我们历史上的大秦。 他呼吸急促，郑重开口，身体的颤抖止不住。这对他，对大夏来说，都是一件前所未有的惊天大事。大秦存在至今没有灭亡，这样一来，关于他们之前认知、推测出来的大秦历史将被全部推翻重写。洛山河闻言，心头狂震。大秦帝国就是我们历史上的大秦，刚刚那个人就是始皇帝。他难以自制，倒吸着凉气，脑海空白一片。这一刻，他的神色茫然下来，回想着之前所看到的一幕。 听到的一句一句，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懵逼当中。大秦真的修仙了，始皇帝成仙，带领着大秦帝国飞升，直到今天还活着，并且强大程度已经不是人类能够想象。立足于宇宙当中，仅是一句话，就能够让宇宙为之轰鸣，让无数生物为之恐惧。仅是人类，又怎么可能做到？而此时，整座秘境震动起来，巨大的动静让所有人产生了危机感。可还没有等他们来得及撤离，这石碑背后还有文字。 一名带着好奇探查的大夏疆土突然喊了一声，于立群闻言，瞬间跑了过去。这，当他看到上面的文字时，浑身一颤。眼下，他想起了之前始皇帝所说的那番话，以及石碑上的文字信息。秦皇呼吸法开头处，赫然写着几个大字。虽然其他人看不懂秦传的官文，但于立群却一眼就看了出来。这是修仙之法。这座起源秘境，就是始皇帝赐予大夏，赐予大夏后人的修仙之法。 同样如此，看着其他国家的人，满脸的震惊与好奇。洛指挥官于立群看着走过来的洛山河，满脸郑重道：“我想，接下来可以让那些与大夏无关的人离开秘境了。这上面，乃是大秦帝国始皇帝留给大夏的功法，真有修仙功法。”洛山河瞳孔一缩，呼吸再次急促。本以为这是大秦帝国耍的手段，可没想到竟是真的。于老都这么说了，再加上之前看到的画面，肯定不会有假。没有任何犹豫。 这项关于大夏的崛起，洛山河明白功法的重要性，猛地转身拦住了就要上前的其余国家之人。诸位，秘境的探索已经结束，你们应该离开了。他肃然开口，随后朝一旁的大夏将土们吩咐道：“将他们按照来时的路送出去。”一众将土闻言，认真点头。见状，你们干什么？说好的一起探索，如今有新的发现，为什么要让我们离开？不，你们不能这样！可恶的大夏人，你们出尔反尔！ 几个国家的专家顿时不乐意，不断开口反抗。可是，洛山河根本就没有继续让他们留下来的念头，冷声道：“这是大秦帝国留给大夏的，之前答应跟你们一起探索，可并没有同意与你们一同分享，所以，请离开吧。”给江土们一个眼神示意，他就不再理会。一个个外国的专家教授，哪怕不愿意离开，却也被大夏的疆土强制带离。每个人都清楚，这或许是大夏颠覆的历史时刻。其他国家的人想要染指，当然不可能。 直播间里，各国的观众早已沸腾，炸裂。刚刚那个人，真是大夏历史上的皇帝，准确的来说，那是始皇帝，大夏首个大一统王朝的皇帝，又有千古一帝之称的始皇帝。大秦帝国就是大夏历史上的大秦王朝，到现在还存在着，只不过远在蓝星之外，苍茫宇宙。这怎么可能呢？我操！始皇帝，真是始皇帝。大秦没有灭亡，而是飞升成为了先秦，成为了更为恐怖的大秦帝国。 他们存在于我们所不知晓的宇宙之中。最后一块石碑上，有始皇帝留给我们大夏的修仙功法，能让大夏开启修仙时代的无上功法。该死的大夏人，为什么要对我们的教授进行驱逐？不讲信用！我们的专家跟教授不应该被驱赶，应该留下来一起研究。放你娘的狗屁！那是我们老祖先留给我们的东西，哪能让你们分享？说的没错，能让一起进入起源秘境，你们就已经开智足。眼下该探索的都探索完了，老祖先给我们的东西。 你们就别想了，修仙功法，我们要是也能够修仙，那那可就太疯狂了。原来世界上真的有仙人，始皇帝就是仙，他就是一尊能够让寰宇都为之站立的无上之仙。天哪，咱们的老祖宗竟是仙人！之前始皇帝说了，他等着我们，也就是说，咱们有机会亲眼见到那位千古一帝。在震惊之中，各国的观众对大夏让其他国家的人离开产生了不满，纷纷指责，尤其是派出了专家团队进入秘境的国家。 抗议的弹幕最为激烈，然而大夏的观众却并不买账，没有丝毫犹豫的怒怼起来。同时，他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振奋与激动，因为秘境当中留有修仙的功法。一想到之前蒙恬等人的修仙手段，以及在秘境中所看到的各种修仙影像，无数的大夏国人振奋不已，甚至在潜意识里已经认同了大秦帝国就是历史上的大秦王朝。自由国的国防部，大夏的人在干什么？约翰在看到自由国的专家教授被驱赶之后。 急眼道：“不是说好的要一起探索秘境？现在是什么意思？有了新的发现，却不让我们的人留在那？”一边说着，他一边愤怒地拍打着桌子。全程看着直播，他对于大秦帝国是大夏历史上的大秦，已经逐渐开始相信起来。而在秘境中存在着大秦帝国留下的修仙功法，这一信息，则是之前那个大夏的历史教授翻译出来的。这怎么能让他不急？其他自由国的高层闻言，身体在颤抖着，脸上写满了怒意。他们分明就是想独吞。 能够修仙的功法，要是我们能够像大秦帝国的那些人一样，肯定就不用怕蓝星以外世界入侵而来的异族了。自由国拥有着全世界顶尖的科技力量，如果还能够修仙成为仙人，自由国一定可以达到一个绝无仅有的巅峰地步。大秦帝国离开了蓝星，两千多年的发展，他们一定强大到了一个能够撼动宇宙都不在话下的地步。大夏要是有他们的帮助，绝对要超越我们。接连不断的话语从他们的嘴中传出，现场的气氛逐渐变得凝重起来。 原本面对外族的入侵，蓝星上的国家不得不联合，拧成一条绳。可要是大夏踏入了修仙的时代，不用害怕异族的入侵。但他们这些国家该怎么办？约翰听到众人的议论，脸色变得越发的难看。不管怎么样，给我联系大夏那边，我要跟大夏的大统领通话。他们不可以这么做。有修仙的功法，应该共同分享，共同打造一个修仙世界。想起之前看到的恐怖画面，他无法接受大夏单方面拥有所谓的修仙功法。 哪怕前面不信，可眼下不得不信。一旦大夏真的能够修仙，再次呈现大秦举国飞升的壮举，那么自由国与其他国家继续留在蓝星，面对恐怖的万族入侵，绝不可能。有一名高层吞吞吐吐道：“统领，大夏确实说了，只是跟我们一同探索，没有说过要一同分享秘境里面的东西。而且那个秘境也确实是那个强大的大秦帝国赐给大夏的，那又怎么样？”约翰根本就听不进去，赤红着眼道：“既然真的能够修仙。” 怎么能少得了自由国？如果自由国能够修闲就不用再担心入侵的事情。哪怕到时候臣服于大秦帝国，对自由国来说都是变强的天大好事。这样的机会绝不能让大夏单方面占了。与此同时，泡菜国的绿瓦台中，一众高层早已经是目瞪口呆、头皮发麻的看着直播。那……那难道真的是大夏人的祖宗秦政？秦政就是大秦王朝的皇帝，他带着大秦王朝举国飞升。两千多年的时间过去，他还活着。 大秦还存在，甚至还达到了能够在宇宙中横行、镇压苍茫宇宙的恐怖地步。之前在直播中，我曾经亲眼看到过蒙恬跟那些大秦疆土乘坐着一艘犹如星际战舰一样的庞然大物。除了修仙，恐怕大秦帝国还拥有着远超蓝星水平的超然科技。存在了两千多年，现在的大秦帝国岂不是更大宇宙中的霸主？如果大夏得到了大秦帝国的帮助，得到了大秦帝国留在秘境中的功法，他们一旦修仙，以蓝星的科技，不可能对他们造成威胁。 蓝星的联合要是少了大夏，面对万族入侵的危机，对我们以及其他国家来说必然是不利的。他们依旧处于震惊当中，脑子里不断浮现着之前所看到的一幕幕，无论是了解到的信息还是画面，远超出了他们的认知，颠覆了一切。世界上真的有些人存在，而且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存在。普无力看着大夏方面要独自对功法进行研究，立马说道：“如今已经不是我们信不信的问题了，这个功法一定要有泡菜国的一份。” 修仙，修仙！他大口的喘着粗气，眼中充满了渴望。直播看到这一刻，他清晰的认知到修仙有多么恐怖。那个秦正只是站在宇宙中，就足以让无数的生灵为之颤抖、恐惧。哪怕他们只是看着直播，都能感受到巨大的压迫。闻言，在场的高层纷,纷纷点头，眼中满是狂热。对于修仙，他们充满着好奇与向往。修仙之后的强大，更是让他们想要成为像大秦帝国那样的修仙者。 打造一个强悍、庞大的泡菜帝国，几乎所有人达成共识。既然大夏要把我们的人赶出秘境，那我亲自跟大夏方面谈判。普无力死死咬牙，立马吩咐联系大夏的金师阁。只要能拥有修仙资格，他们不会有任何犹豫。大夏起源秘境的探索，让整个蓝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轰动之中。如今的大夏，同样掀起了巨大浪潮。无数国人保持大秦帝国究竟是不是历史上大秦的怀疑，在这一刻开始了动摇。不说全部。 已经有很大一部分愿意相信这一切就是真的。两千多年前的老祖宗踏上仙路，举国飞升，至今还活着，大秦还存在，坐落于京城的金师阁中。秦政，他真的带领着大秦举国飞升，铸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先秦帝国。大统领即便是个无神论者，可当下却不得不承认看到了匪夷所思的诸多画面与信息。在对起源秘境探索的直播中，他看到了太多无法解释的画面，直到最后，与老教授的翻译。 确切的指出了石碑上留有修仙的功法，那是秦政赐给大夏的，甚至他还说了，希望大夏能够开启仙路，在蓝星以外的世界等着大夏的飞升。带着满心的震撼，通知洛山河，让他无论如何都要尽力配合于教授，把石碑之上的修仙功法翻译出来。大统领立马下达了命令，无法平息内心的巨浪。当前的一切早已经颠覆了他对大秦、对大夏历史的认知。这要是真的，大夏要开启一个全新的纪元，同时。 关于大夏的史书将进行改写，大统领，我感觉一切都是真的，大秦没有灭亡，赞成。以大秦帝国的恐怖实力，根本就没有必要耍什么阴谋诡计，起源秘境完全就是像石碑上记载的那样，秦政知道了大夏的处境，特地给后人一次崛起的机会。如果修仙功法可以让我们修炼，或许大夏就能知道大秦去往了何处，大秦之后的历史究竟是真是假？朝代更换了那么多，是否真的就是我们认知的这样？大秦帝国，秦政。 咱们老祖宗在那么久远的年代就是仙人，到了现在，那是怎样层次的恐怖存在？在场的高层们依旧感到头皮发麻，难以从之前所看到的画面中缓过神来。眼下的他们，自然希望大秦帝国就是大夏两千多年前的大秦，因为这样，大夏将会真正拥有跟古人交流的机会，同时，大夏还能够得到更多未知的历史，或者说关于整个大夏的历史。试想，大秦时期就已经能够修仙，秦政更是带领着大秦举国飞升。 在星空中登基，那么之后的大汉等等，关于后面诸多朝代的历史，难道都是真的吗？对于这一点，他们不可否认的动摇了。听着众人的话语，我倒也希望这是真的。就看起源秘境中的功法能否修炼。大夏要是能开启修仙时代，这绝对是最具历史性的时刻，将会颠覆一切。大统领内心的激动不比任何人少，死死的盯着直播画面，巴不得能够尽快对大秦帝国给大夏的功法翻译出来，并且进行尝试。此时他几乎可以断定。 大秦帝国就是历史上的大秦，那么大夏的历史绝不会像他们所了解的那么简单。正在所有人全神贯注的盯着直播间，大统领秘书又再次走了进来。没有废话，会报道：自由国、樱花国、泡菜国联合那几个一起对起源秘境探索了的国家联系了我们，他们说了什么？都说想要得到起源秘境里的功法。这些人是脑子缺根筋，还是脑子烧掉了？秘境里的功法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大统领，无论自由国。 还是其他国家统领都亲自开口了，说是大家能分享功法的话，对蓝星来说将会得到极大的缓解，联合起来才能更好的对抗一族，是吗？想要跟大夏共享功法，大统领了解情况之后，冷哼道：“告诉他们，不可能，这是大秦帝国给大夏的秘境，大夏的功法跟他们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关系。至于想要拿万族入侵的危机说事，威胁大夏的话，大夏不惧他们。”这番话说的铿锵有力，他毫不犹豫的表明了态度。 闻言，秘书点了点头，随后又继续说道：“大统领，还有一件事，泡菜国那边对于大秦帝国表现得极为执着，甚至国民上下都一致的说大秦帝国是他们的祖宗。怎么，他们该不会连这个都要慎意吧？”大统领眉头一皱，随后冷笑起来：“到此事不用理会。”交代完之后，他重新将目光落在了直播画面上。修仙功法，大夏修仙，这要是能够实现，那将会是多么辉煌的一个盛世。与此同时。 大秦帝国，麒麟殿内，秦正正颇为无奈地看着下方。诸葛亮三天两头就要往他这里跑一趟，所说之事，皆是极神原石的事情。还没等秦正想好要怎么回答，陛下，您之前不是说有办法解决极神原石的问题吗？诸葛亮有些苦恼，继续说道：“虽然臣知道不该怀疑陛下，但目前根据最新消息，天外天的那些神魔已经蠢蠢欲动，臣算不到他们会何时对大秦出手，所以极神原石的事尽早解决是最好的。” 这样一来，我们就占据着绝对的主动权。朕知道，秦正闻言，一脸苦笑道：“诸葛丞相，朕是说过有办法解决，可当前还没有到朕所说的期限吧？你这三天两头就要跟朕提一次，莫非在你看来，这已经到了老糊涂的地步了？”闻言，诸葛亮当即跪拜下来，连忙解释道：“臣不敢，臣只是……好了好了，朕说过的话就一定会做到，诸葛丞相就不用过多操心了。”秦正摆了摆手，心里倒也有些好奇。 按理来说，大夏那边应该起反应了才对。突然，定，声望值加一千；定，声望值加两千；定，声望值加五千；定。秦正的脑海当中，系统的提示正疯狂的响起。原本他早已经所剩无几的声望值，此刻竟开始疯狂的暴涨起来。一万、三万、五万、十万，飙升的速度犹如脱缰的野马，根本就停不下来。几乎只是转眼之间，就已经飙升到了百万往上，而且。 没有丝毫要停下来的迹象，突如其来的迹象让秦正为之一愣。系统，眼下是什么情况？他立马对系统进行了询问，不由得喜出望外。对此，主人，您布置的起源秘境已经在大夏引起了一次次轰动，不只是大夏，蓝星上的其余国家同样有不少人都相信了主人编造出来的事迹，相信后面的声望值将会越来越多。系统如实告知了蓝星之上的情况。了解过后，好，秦正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内心颇为满意当下的结果。 目前所获得的声望值，他清楚只是一个开始，后面只会越来越多。这样一来，自己在蓝星就能够收获到一笔不菲的声望值，用以后续大秦的提升或者是布局。还没多久，秦政就已经看到了声望值破了二百万，且还在继续上涨。诸葛丞相内心越发满意，他目光望向了大殿下的诸葛亮，轻笑道：“你不是一直都在关心极神元石缺少的问题吗？现在，朕可以告诉你，这将不再是问题，而且立马就可以解决。” 话音落下，大殿震动。准确的来说，声音穿透了虚空，响彻了整座地宫。刹那间，一道道身影直奔麒麟殿。陛下，您，诸葛亮原本刚刚想要起身告退，闻言愣住了。他前面来了好几次，可每一次陛下都说期限未到，所以让自己不要一直操心。可上一秒陛下又是一样的说辞，当下却说可以立马解决。这是什么情况？要知道，极神原石极为稀少，哪怕多个宇宙共同寻找。 却都没有多少，即便大秦还有存货，可想要出征天外天，需要的极深原石数量不在少数，想要立即解决，起码都得需要很大一个数目。在诸葛亮惊疑不定的目光中，随朕来！秦正起身，龙行虎步朝着大殿外走去。见状，诸葛亮收起思绪，赶忙跟上。而此时，陛下，臣见过陛下。听说陛下已经有办法解决极深原石缺少的问题。蒙毅、李斯等大臣闻讯而来，当看到秦正出来的那一刻。 立即询问起来。对于天外天的神魔，他们一直都在注视，并且提防着。如今有办法解决四维寰宇战舰的燃料问题，这自然让他们尤为重视。眼看着群臣满是期待的目光，半价购买。秦正打开了系统商城，找到了极神原石，选择使用一次半价机会进行了购买。一百多万的声望值，全部用于购买极神原石。丁<定>，声望值已全部购买极神原石，共计四百枚。是否立即提取？听着脑海中的系统提示。 全部提取。秦政没有过多思索，给出了回答。刹那间，天地轰鸣。诸葛亮、蒙毅等大臣们还以为秦政在卖关子，刚想继续询问，却被突如其来的巨大动静吓了一跳。他们猛然抬头，身躯一颤。此时的整片天幕，遮天蔽日的神光洒落而下，八方的虚空荡漾起波纹。一股无比惊人、蕴含着恐怖能量的气息覆盖了整片天地。轰隆隆！巨大的轰鸣声中，大臣们一道道惊骇的目光下。 天穹之上，撕拉！惊人的声响传出，虚空被撕开了一道巨大的裂缝。此时，那股能量波更为清晰。仅是眨眼之间，一颗似被火焰包裹、足有拳头大小，却蕴含着惊人气息、可怕本源的绚丽七彩石缓缓飘落。看到这，诸葛亮等人心头一惊。只有一颗，他们愣了一下，将目光看向了旁边的秦政。然而，秦政不以为然的扫了一眼众人，悠悠道：“不是还有吗？” 嗯，众人闻言，神色错愕。忽然间，他们皆是眼睛睁大，猛然抬头看向天幕。只见在那道裂缝缺口之中，璀璨的七彩之光映照而出，让整片天地变得光怪陆离。恐怖的本源波动骤然倾泻而出，两颗、三颗、十颗、二十颗，越来越多的极神原石不断从裂缝中飘出，悬浮在虚空之上，让整片天地呈现了惊人异象。遮天蔽日的异象之下，众人看得头皮发麻。 一颗极神原石就足够给一艘环宇战舰提供原动力，且激活所有功能。只因极神原石之中蕴含着本源之力，正是因此才过于稀少。准确来说，任何一颗极神原石都可以称得上不可多得的宝物。可陛下一下子就搞来了这么多，一百、二百、三百。就在众人的震撼当中，天幕之上已经聚集了三百之多的极神原石，汇聚在一起，让整个世界化作七彩世界。 璀璨绚丽的光芒笼罩着整个大秦帝国，笼罩在所有大臣、无数疆土身上。滔天的本源波动让任何人都为之心惊，数量之多令人心中掀起惊涛骇浪，震惊不已。在一道道头皮发麻的目光下，此时天幕上足足有四百颗极神原石盘踞，遮掩了一方天地，掀起一股恐怖的本源风暴。轰轰轰！虚空的轰鸣不绝于耳，让周围的空间都在颤动。看到极神原石令人头皮发麻的数量。 这么多，我仔细数了一下，竟然有四百颗极神原石。整个大秦储存的极神原石都不足一百颗，可可现在足足四百颗，就这么被陛下弄到了。有这么多的极神原石，大秦就算想要攻伐天外天，乃至那些未曾探索出来的宇宙都不在话下。每一颗所蕴含的本源都太过充盈，任何一颗都是极品。天哪，这从哪得来？一众大臣口干舌燥，哪怕经历了太多的杀戮与大场面，却还是被眼前的一幕给吓到。这个数量。 他们是做梦都没有想过，可偏偏陛下弄来了。诸葛亮以往一直都是喜怒不溢于表，可如今却与其他人一样，看得目瞪口呆。陛下，这这么多！他头皮发麻的看向秦政，旋即喜出望外的大笑道：“有了这些极神原石，别说天外天的神魔，即便天外天之外还有神魔，大秦的大军亦能抵达，将其荡平。太好了，这太好了！诸葛丞相，极神元石的问题，朕已经解决。”秦政看到大喜的诸葛亮。 淡淡道：“这些极神元石，朕就交给你了。至于天外天的神魔，你可以点兵点将，日子随便你挑，朕只要结果。要么他们臣服，要么死。陛下放心，此事臣定当竭尽全力的做好，不会令陛下失望。”诸葛亮手持羽扇，抱拳躬身，当即大手一挥，汹涌的狂风呼啸而出，顷刻间，天幕上的数百颗极神元石全部被他收入囊中。有了这些极神元石。 天外天的神魔，好日子到头了。闻言，秦正淡淡点头，目送着诸葛亮离开。天外天，听着脑海中还在不断响起声望值提升的提示，他嘴角浮现一抹冷笑。之前井水不犯河水，只是他声望值已经没有机会可以提升。但眼下与大夏建立了通道之后，通过编造将会得到更多声望值的暴涨。天外天的神魔，相信诸葛亮不会让自己失望。用不了多久，就能够将天外天直接纳入大秦的版图。而此时。 给我联系蒙恬。秦政没有过多去想诸葛亮要出征的事情，而是对身后一直贴身守护的侍女交代了一句：“光是起源秘境，在他看来还不足够。”蓝星、大夏、泰山，起源秘境中，其他国家的人已经全部被请了出来。哪怕不甘心离开，可他们没有任何办法，因为之前大秦帝国的人就已经说过，这座秘境是大秦帝国赐给大夏的。至于里面的功法，一样如此。而此时的网络上，直播间里。 各种舆论还在沸腾着，大夏在这种蓝星危难之际竟然那么自私。共享功法的话，蓝星上的国家联合起来，万族入侵根本不足畏惧。自私，你个大头鬼！说的好听，你们貌似也没有给到大家好处吧？说的没错，你们这些外国的家伙只想着坐享其成，这可是我们大秦时期的祖先留给大夏的，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修仙，那是不是也能够复刻举国飞升？大秦帝国能给我们这座秘境以及功法，一定可以。 该死的大夏人，西巴！大秦帝国分明就是我们泡菜国的祖宗，跟大夏没有半点关系。这座秘境应该是我们的，功法也应该是我们的。放你娘的屁！尼玛的死泡菜！又想申遗？这最好是个陷阱。大夏现在沾沾自喜，等大难临头，看他们怎么办？再怎么样，大夏遇到危险，也比你们樱花国那小岛坚持的久。等大夏真正开启修仙时代，你们可别跪着来求我们。各种各样的言论在互联网上。 直播间里层出不穷，对于起源秘境，每个国家都有着觊觎之心。准确的来说，是对秘境中的功法充满了渴望，迫切的想要得到。毕竟修仙，他们见识到了大秦的恐怖，见到了修仙之后的可怕。面对那些让蓝星所有国家都头疼、陷入危机当中的万族，大秦帝国说灭就灭，甚至举手投足间就能够斩杀一头子弹、炮弹头无法造成伤害的恐怖大妖。再往上，直播间各国议论不绝时，于老。 这上面的文字翻译过来需要多久？洛山河满脸激动地盯着跟前的石碑，已然是一副失态的模样。这个时候，他无法保持平静。修仙啊，大夏要是能够领悟大秦帝国的功法，就能够走上仙路，与大秦帝国一样。于立群闻言，扶了扶眼镜，郑重道：“山河同志，这虽然也是秦传，但明显与普通的秦传不同。我还需要时间，具体多久还不知道。不过我一定会倾尽毕生所学。” 无论怎样都要把这门功法给翻译出来，中气十足地说着。他如今的模样浑然不像是已经年过半百的老者，而是精力充沛，正值壮年。对于大秦帝国的出现，以及先前了解到的信息，这一刻他坚信大秦帝国就是大夏历史上那个本该消亡在历史长河中的大秦，而秦正还活着，特地给大夏修炼功法。如果大夏能像大秦一样修仙，即使不能让所有的大夏国人修仙，那也将是一件开天辟地、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 更确切的说，复兴，大夏复兴。毕竟早在两千多年前，大秦就已经成为了先秦举国飞升，离开了蓝星，秦政更是在星空中完成了登基的壮举。这难道不是复兴？洛山河闻言，重重点头，麻烦您了，于老。他深吸一口气，眼中满是期待。对于功法，他收到了大统领的命令，即便翻译出来，也绝不能交出去。这是属于大夏的，与其他国家无关。而且。 这将会成为大夏实现制约的绝佳时机。最重要的一点，则是大夏想要彻底搞清楚真正的历史，就必须要具备跟大秦帝国谈话的资格。与此同时，自由国身为统领的约翰不停蹄地赶到了历史研究中心，看着众多的历史教授忙得焦头烂额，脸色阴沉。该死的大夏，他们要独自研究大秦帝国留在秘境中的功法，不透露任何翻译信息。他咬牙切齿地沉声开口，气得胸口一阵起伏。 本以为大夏会考虑到之后其他世界敌人入侵，会选择跟自由国一起分享功法，一起打开修仙的帷幕，可他却没想到，大夏没有丝毫犹豫就拒绝了。不过好在有直播录像，石碑上刻着修炼功法的一面，之前在直播中有被清晰的录了下来。冷哼一声之后，不管如何，你们一定要竭尽所能把上面的文字翻译出来。这是修仙功法，一旦自由国能够掌握，必然能够效仿大秦帝国，举国飞升，去往更为广阔的宇宙，去征服。约翰越说越是激动。 眼中的期待无法掩饰，在场的教授与专家小组不敢有丝毫怠慢，呕心沥血对一个个文字进行着翻译，又或者翻起了大夏的史书。可能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不对，以至于到了最后，所有自由国德高望重的历史教授、钻研蓝星历史的专家小组熄了火。统领，石碑上的文字我们翻译不出来，这些奇形怪状的文字太过深奥，根本就没有半点资料供我们考量，更别说深入研究了。该死的，这既然是大秦的文字，为什么我会看不懂？ 他们原本还很激动，可当下却被浇了一盆冷水，变得垂头丧气。闻言，约翰猛地瞪起了眼睛，一把就揪起旁边一名专家的衣领，看不懂，翻译不出来。他怒目圆睁，恶、呃、狠狠地咆哮道：“之前你们是怎么跟我说的？说什么用不了多久就能够把这些文字全部翻译过来，就能够得到具体的功法内容？现在却告诉我没有办法。”统领被揪着衣领的专家脸色煞白，打起了哆嗦，欲哭无泪。 在场的其他人接连低下了头，根本不敢去说些什么。哪怕他们在自由国颇负盛名，具有威望，且在各自领域当中都是佼佼者，却对石碑上的那些文字没有任何办法。现场的气氛变得沉闷下来。废物，一群废物！约翰一把推开了手上抓着的专家，怒不可遏的厉声咆哮。此时的他，内心有着滔天怒火。如果大夏翻译出了功法，真的开启修仙时代，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无法接受的。毕竟在万族入侵的情况下。 亲眼见识到了修仙的恐怖，他们皆是想要修仙变得强大，改变面对入侵敌人束手无策的局面。绿瓦台，除了统领以及泡菜国的高层之外，泡菜国的历史学者全部被命令号召了过来。相较于其他国家，泡菜国的行动要更快。诸位，请无论如何都要尝试把功法信息翻译出来。斯密达，朴无力看着在场的攻克小组，眼睛充满了认真与诚恳。只要能把功法信息完全翻译过来，他有自信可以像画面中那位帝王秦政一样。 带领着泡菜国飞升，让泡菜国成为泡菜仙国。听到朴无力的话，整个文字研究小组一个个欲言又止。统领，不是我们不想，而是这些文字实在太过复杂。哪怕我们尝试过将其拆分，又或者结合大秦的文字，却发现想要翻译难如登天。是啊，这些文字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分析出来。他们直到现在，依旧没有任何进展。满脸羞愧的说着：“本来以为想要搞懂石碑上的文字不是太难，可现在……” 他们彻底没有办法了，看着录像上的文字，哪怕清晰完整的摆在眼前，却让人那么的束手无策。听着小组众人的回答，怎么会分析不出来？怎么会翻译不了？朴无力再也无法保持淡定，急得焦头烂额道：“其他国家同样在对这些文字翻译，要是我们不能翻译，别的国家翻译出来，泡菜国岂不是要失去修仙的资格？不，不能这样！”而在绿瓦台一筹莫展之时，外面大批的泡菜民众早就已经在外等候，充满了愤怒。 那些专家都是干什么吃的？居然连翻译的工作都做不好！狗屁的专家，要他们有什么用？之前官方都说了，那是泡菜国的老祖宗，如果能够申遗，一定要申遗！修仙功法呀，要是泡菜国能够修仙，一定能追随上老祖宗的脚步。饭桶专家，你们能不能来点作用？快点把修仙功法翻译出来！我们要修仙！泡菜国民等不到翻译出来的消息，当下正朝着绿瓦台不断的怒骂起来。尤其是人群中有不少财阀的存在，一瞬间。 翻译的专家小组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即便是身为统领的朴无力，当下都被不停的指责着。修仙，这是无数人当下最梦寐以求的事情。泰山直播还在继续，山下有不少的帐篷驻扎，显然，在没有翻译出来之前，绝大部分的国人不愿意就此离去。而直播间里，无数的观众都在翘首以盼，无论是不是大夏国人，都在时刻关注着秘境中大夏的翻译工作。可刹那间，嗡，泰山之上的虚空似乎荡漾起了波纹。 传出一声嗡鸣，突如其来的动静，瞬间引起所有人的瞩目。在一道道目光之下，虚空上一道身影悄然出现。在这道身影出现的瞬间，天地轰鸣了起来，惊人的压迫笼盖八方，让所有看到的人头皮发麻，内心震动。来人正是蒙恬，是他，蒙恬，他他穿过虚空降临。我就说大秦帝国没有那么好心，这个恐怖的家伙再次出现，一定是要对大夏出手了。哼！ 自私的大夏人，你们等着自食恶果吧！还想着大夏也能休闲，你们就是在做梦。接下来，你们要惨了、啊！泰山之下一阵哗然，直播间更是出现了无数的弹幕。对此，任何一个大夏不由得紧张起来。不清楚蒙恬为何会出现在大夏境内，对方的目的又是什么？面对造成的轰动，蒙恬只是淡然的扫视了一眼泰山下方的群众，随后一步踏出，消失在了上方的虚空。等再次出现时， 已然抵达了秘境当中，出现在了直播画面上。而此时，正在专注翻译的于立群等人，根本就没有发现蒙恬已经降临在秘境之中。突如其来的情况，让一个个大夏国人心中开始担忧起来。至于其他国家之前被请出秘境的人，则是庆幸不已。后面要遭殃的，就只有大夏的人。这所谓的起源秘境，果然没那么简单。天底下没有免费午餐。此时的秘境内，于老，快好了吗？洛山河眼看时间已到傍晚，显得担忧道。 要不，等明天再继续吧。保持如此之高的工作强度，我怕您的身体吃不消。山河同志，翻译的工作不能懈怠，而且我很快就能全部翻译出来。于立群摇了摇头，哪怕疲倦，却显得极为亢奋，因为此刻他已经快要把功法的内容全部翻译出来。听到这番话，好，洛山河不再劝阻，同样显得振奋。不多时，翻译出来了，我翻译出来了！于立群振奋的喊了起来。瞬间，洛山河。 赵永胜赶忙上前，眼中充满了兴奋。在两人期待的目光中，秦皇呼吸法唯有大夏后人方可修炼，非大夏血脉修炼者死。于立群翻译着第一段话，呼吸急促，双眼满是神采，道：“这秦皇呼吸法，乃是秦政当年带领大秦修仙的基础功法，只要能将其领悟，就能踏上仙途。这这太好了！”洛山河几乎要一跃而起，大笑道：“大夏修仙有望。”然而就在几人兴奋之余，看来。 你们的确为陛下所说之后人，一声轻笑自后方传来，瞬间，于立群、洛山河等人只觉得脊背发凉，猛然将目光看去，蒙蒙将军。可当他们看到来人之后，却为之一愣：大秦帝国的蒙恬，他怎么来了？今人与古人的再次相见，让于立群一行人内心再次震动。尤其之前在秘境中看到了各种影像，诸多关于大秦帝国的信息，他们已然相信眼前之人就是历史上大秦有着赫赫威名的蒙恬。如今对方再次出现。 他们压下了内心的兴奋，内心感到一阵疑惑。而蒙恬的话没有任何恶意，而是表明他们后人的身份。这石碑上雕刻功法所用的文字，乃是大秦最早的官传，没有正式使用过。蒙恬目光落在于立群身上，言语中带着赞赏道：“若非吾等后人想要将其翻译过来，绝无可能。看来你对于大秦的历史倒有颇多的见解。”蒙将军过奖了。于立群闻言，赶忙谦逊的回应了一句：“看着眼前这位两千多年前的大将。” 且是如此近距离面对面接触，他的内心掀起了巨浪。自以与对方相差了两千多年的岁月，可却能够面对面交流，能与古人对话，这种事情放在之前连做梦都不敢想，可现在却有这样的机会。所以，请问蒙将军，这石碑上的修仙功法，也就是秦皇呼吸法，大夏真的可以修炼？还没有等蒙恬再说些什么，于立群立马就将心中的疑惑给问了出来。听到询问，自然，蒙恬微微点头，缓缓道。 说起来，这其实只是一门基础功法，可对于普通人而言，一旦领悟，将不再是普通人。当年陛下就是以这门呼吸法使大秦成为先秦，最后举国飞升。现在我已经将功法翻译过来，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修炼。非也，目前祖星灵气稀薄，不过这座秘境不就是陛下赐给大夏绝佳的修炼宝地吗？可这里看起来那么荒凉，哪有什么灵气？呵呵，之所以你们察觉不到，只不过是你们还没有开启体内的灵府。 这座秘境所蕴含的灵气，整个蓝星也都无法与之相比。咕噜，于立群等人听到蒙恬的解释，口干舌燥的咽起了口水。原来起源秘境就是秦皇秦政赐给大夏的一处修炼宝地。那这样一来，大夏修仙已然不是问题。洛山河迫不及待的询问道：“蒙将军，那那大秦帝国当真是大夏历史上的大秦王朝？怎么，你们这些小辈还不相信？”蒙恬闻言，眼眸微微闪烁，想起陛下的交代，继续说道。 自打追随陛下飞升以来，时间过得还真快。当下再次回到祖星，没想到已过去了两千多年。这么多年过去，倒是后人一代不如一代了。你们这一代竟然断了仙道传承！这……于立群、洛山河等人听到这番话，瞳孔猛地放大。真的，这竟然是真的！大秦帝国就是历史上的大秦，而眼前的蒙恬，也正是大秦王朝的顶尖武将蒙恬。大秦还没有灭亡，于立群呼吸急促，又立马询问道。 蒙将军，那岂不是说秦政不，秦皇还活着，陛下自然活着，真正意义上做到了长生，不老不死，修仙真能长生？不错，虽说仙道缥缈，顺为凡，逆为仙，陛下就是带着我们逆天行，广开仙路，才有了延续至今的大秦帝国。提起秦政，蒙恬眼中满是狂热，滔滔不绝道：“陛下乃是当之无愧的帝王，准确来说，他是一尊至高无上的主宰。” 这次得到的回答，让在场的众人浑身一颤。果然，他们想的没有错。在满心的震撼中，蒙恬将军，那现在的大秦帝国在何处？秦皇又身在何处？于立群本着想要更多了解，满是期待询问着。只是这一次，蒙恬摇了摇头，似笑非笑道：“现在的你们，在正式踏上仙路之前，即便知道再多，也无济于事。所以，当前的大夏要做的，就是领悟功法，普及功法。” 开启属于你们这些后人的修仙时代。若是尔等表现还过得去，说不定陛下起驾重回祖星也不是没有可能。说完这番话之后，不等于利群等人从震惊回过神来，他的身影逐渐变得模糊，似乎与虚空融为一体。仅是眨眼的功夫，他就消失不见。好好修炼，大夏的真正历史，你们之后将会一一知晓。此时，只留下了一句话语在众人耳边回荡：直播间那个人居然没有恶意，甚至还回答了那么多大夏人的问题。 他们竟真是大夏历史上的大秦，真的是大夏的祖先。起源秘境里的功法，只有大夏之人才能够修炼，没有大夏血脉之人修炼就是死路一条。修仙可以长生，秦皇还活着，甚至那个大秦帝国的人说他是至高无上的主宰。起源秘境就是大秦帝国赐给大夏的修仙之地。大夏的人已经把功法翻译出来，而他们接下来就能够正式开始修仙。蒙恬将军，那真的是蒙恬将军，而秦皇真的还活着。 我们真的可以修仙？蒙恬将军最后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大夏的历史会一一知晓，这岂不是说我们所认知到的历史都不是真正的大夏历史？仙道传承道，我们后世断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大夏其实是可以修仙的，只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传承断层，所以我们才会对真正的大秦一无所知。我刚刚看到了古今之人进行了对话，还是相隔了两千多年的悠长岁月，这怎么像是在做梦一样？秦皇有可能回归祖星？ 除了大夏人，其他国家根本就没有办法修炼秘境中的功法。叫啊！你们怎么不继续叫了？直播间里其他国家观众看到蒙恬没有出手，甚至还回答了大夏的好几个问题，并且还透露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信息之后，无不是惊骇不已。尤其是大夏已经把功法翻译了出来，之后就能够尝试修仙。为此，大秦帝国赐给大夏的秘境，就是最好的修仙之地。可功法却只有大夏后人才能够修炼，他们哪怕知道功法内容，也无济于事。 根本就没有资格去修炼，否则只有死。其他国家的观众震惊、骇然之时，大夏的国人早已经沸腾了起来。在对情况了解后的震惊中回过神，他们远要比之前更加激动与兴奋。而对于之前其他国家之人的冷嘲热讽，大夏的网友跟观众瞬间展开了激烈的反击。同时，无数的大夏国人对于蒙恬最后的那句话充满了无尽的疑惑：大夏真正的历史究竟是什么样子？自由国、樱花国、泡菜国。 只有大夏人才能够修炼的功法，凭什么？凭什么？我们是大秦帝国口中的异族，同是蓝星人类，我们竟是异族！该死！该死！这不就是说，哪怕我们得到了功法，却也无法修炼，在我们手上就是没有用的一堆文字而已。那座秘境就是给大夏修仙用的，有大秦帝国的帮助，大夏好像修仙不是问题。大夏的历史本来就足够复杂了，现在却更加复杂，甚至他们的历史都有可能是残缺的，又可能全是假的。 历史上的大夏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惊天大事？为什么大夏没有记载？为什么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蓝星的历史到底是怎样的？这这种事未免也太过离谱。要是大夏能够修仙，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那将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一个个国家亲眼看到了直播，亲耳听到蒙恬所说的话，彻底炸了。哪怕气得快要吐血，可他们却没有任何办法。目前的情况就是，修仙的功法确实存在，而且这也是真的。可除了大夏之外， 跟他们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关系。瞬间，之前想要通过各种努力翻译功法的国家傻了眼，满心的不甘，满心的憋屈，却无处发泄。大秦帝国的强大，他们无法质疑。而且那个叫做蒙恬的人也说了，不是大夏后人修炼功法的话，只有死路一条。面对这句话，他们不敢怀疑，因为那样强大的存在，根本就不需要故弄玄虚。全蓝星国家都在轰动之时，好，好的，大统领放心。洛山河接到了来自金师阁的电话。 连连点头，脸上的兴奋无法掩饰。等挂断了电话，他又立即拨打了一个电话。接通之后，老李，大统领的命令已经下来了，这次便宜你们闪省了。你立刻挑选几百名年轻的疆土，带他们过来秘境这里，开始尝试领悟功法，进行修炼。洛山河开门见山，振奋地交代起来。等交代清楚，他挂了电话。哪怕在身份上远超于寻常人，可他却没有办法保持以往的平静。大夏。 很快就能开展修仙的尝试，一旦成功，那么大夏将能够把功法普及下去，实现全民修仙的全新时代，又或者说复兴。洛山河越想越激动，大笑道：“于老，辛苦您了。不过未来的一段日子，还要辛苦您讲解功法，带出第一批能够修炼的疆土。大统领交代我，修炼功法的事情，接下来全权交给您。”山河同志，不急。于立群一样难以平复内心的振奋，笑了笑道：“秦皇呼吸法明确的说了。” 晨曦初显，天地灵气乃是最为浓郁的时刻。普通人修行，早晨是最合适的时机。这在悟性上也会有所提升。明日一早吧。既然功法上都这么说，那就明天早上。洛山河闻言，哪怕在心急，却也认真的赞成了这个决定。对于修仙一事，他当然清楚多么重要。否则，在蓝星被万族入侵的危机中，大夏根本没有办法去面对更加强大的一族。特别是他们之前在影像中看到了更加恐怖的存在，完全就不是蓝星上拥有的力量能抗衡的。 想起之前蒙恬说的那些话，于老，真没想到，我们居然有机会能跟古人面对面对话。洛山河觉得那么的不真实，惊叹道：“看来大夏的历史远不是我们所了解的那么简单。仙道传承断了，照这么说，大秦之后的大汉、大唐等朝代，莫非像大秦一样飞升了？又或者只有大秦在秦皇秦政的带领下飞升，仙道传承就此断了？有可能。”对洛山河的猜测，于立群点了点头，随后苦笑道。 不过，这都是我们的猜测，真正的历史是怎么样，恐怕只有后面才能了解清楚。大夏目前要做的，就等明天看看是否有人能修炼秦皇呼吸法。按照蒙恬将军之前说的，只要领悟，那么就不再是普通人。若能全民普及，就更好不过，大夏就能开启一个全民修仙的过渡。此话一出，整个直播间再次沸腾了起来，无数大夏国人翘首以盼。而今晚，注定会是不平静的夜晚，注定会有无数国人夜不能寐。次日一早。 泰山下，人山人海，且来人络绎不绝。这些人除了大夏的国人，还有一部分来自其他国家，皆是想要亲眼目睹。而直播间的人数更是达到了恐怖的九位数，只因今天将会是大夏进行功法的修炼，尝试修仙。山巅上，数百名大夏的年轻将土早就严阵以待。你们将会是第一批尝试修仙的人，都给我打起精神来，有没有成功的信心？担任陕省军区首领的李文峰朗声开口，眉宇间的振奋难以掩饰。闻言。 有，一个个疆土齐声开口，铿锵有力的呐喊着，在他们的眼中透露着强烈神采。修仙，这原本只有传说亦或者小说中才能够看到的情节，如今却出现在了现实生活当中。他们有了修仙的机会。在李文峰带着首批进行修炼功法的疆土走进了秘境之后，我们能不能修仙，就看这一次的结果了。只要有人能成功，那就代表着可以普及。我已经期待着大夏举国修仙的到来了。西巴，大夏人凭什么能有这样的机缘？ 按理来说，泡菜国跟大夏同出一脉，我们凭什么就是异族？滚一边去！谁跟你们死泡菜同出一脉？为什么不能是亚洲国家都能修炼？八嘎！希望大夏没有人能够修炼。狗日的樱花小子，功法只能大夏修炼，所以你们就急了，急了好啊！最好我们的疆土都能成功领悟功法，到时这些家伙肯定要气得吐血，气死他们！直播间里，各个国家的观众尽管艳羡不已，可却止不住的吐槽着。 无法接受只有大夏能够修炼功法的事实。然而，面对诸多对大夏表露不满的言论，大夏的观众在振奋下，都一一对了回去。此时的直播间充满了浓郁的火药味，无数的弹幕飘个不停，吵得不可开交。直播间，来自各国的观众在看到大夏的疆土全部抵达了秘境之后，瞬间变得安静下来。原本吵得尤为激烈的弹幕，正在逐渐变少。没有人知道这次大夏的修仙尝试是否会成功。可除了大夏与极少的几个国家之外， 或许绝大部分的国家希望大夏成功。在蓝星目前的处境下，大夏修仙成功就代表着有了独自面对危险入侵的能力。他们该怎么办？于无数人的瞩目之下，山河，于老，我把这些孩子给带来了。李文峰已经率领年轻的将土们抵达了秘境，脸上满是毫不掩饰的期待。闻言，洛山河目光望向于立群，欣喜道：“于老，既然功法上说了，早上与上午的这段时间最适合修炼，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了？” 于老，我们准备好了。就在他询问过后，三百名大夏疆土眼神明亮，猛然齐声高呼。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次尝试，更是一次能够逆天改命的机会。修仙啊，这可是只存在于传说，亦或者小说里的存在。眼下自己却有机会成为修仙者，任何一个人，都不想在时间上有半点浪费，巴不得能够立马开始修炼功法。看着一个个期待满满，眉宇间满是自信的年轻疆土，好，于立群没有再多说什么，而是欣慰的点点头。 看着石碑，继续说道：“此功法乃是大秦帝国当初成为先秦之本，以秦皇命名的秦皇呼吸法。盘膝而坐，收敛心神。介绍过后，他开始按照功法所述，示意着众人。在场的所有人没有任何怠慢，无比认真的盘膝坐下，清空一切思绪，让整个人处于一个心神合一的状态。他们目光灼灼地看着余立群，等待着下一步的指示。毕竟，只有余立群这位在历史领域最具贡献的老教授，才能够看懂秦皇呼吸法。” 且能以口述的方式说出来，让他们去进行领悟。见所有人盘膝坐下，气沉丹田，摒弃杂念，感天地灵气，吐纳日月之精华，于体内开辟灵海。于立群精神抖擞，红光满面的不断口述着功法内容，每一句话都显得高深莫测。哪怕他只是在翻译、表达功法的意思，眼下看起来却像是一位高人般。而随着修炼的尝试，整个秘境仿佛被赋予了一层朦胧，上方更有晨曦洒落，原本显得有些荒凉的秘境。 当下肉眼可见的多了些许生机。时间流逝，感天地灵气，吐纳日月之精华，顺为凡，逆为仙，开灵海，踏天行。于立群一次又一次重复着秦皇呼吸法的修炼内容。秘境中的疆土们进行了一次次的尝试，可是除了秘境看起来有些变化之外，哪怕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所有人都没有任何反应，就好像所谓的修仙功法根本就没有任何作用，又或者说无法供人修炼。 当看到这样的情况之后，如今的直播间又再一次变得热闹非凡。怎么回事？怎么会没有反应呢？修炼功法看的不就是悟性吗？而且之前蒙恬将军也说了，起源秘境是给大夏修炼用的。可按照功法所述，现在正是吉天时、地利、人和的最佳时机，为什么没有人成功领悟？不应该啊！难道说咱们的仙道传承断了，已经不适合再修仙？先前你们大夏的家伙不是一个个说的多厉害？怎么现在没一个人能领悟到功法？ 是因为不想修炼吗？妖西，这种情况真是太棒了！我还是喜欢大夏人之前桀骜不驯的样子。Good good，我们没有办法修仙，大夏也别想。哈哈哈，西巴，我还真的以为大夏从此要开启修仙时代了，搞得我那么紧张。不过现在情况是对的，太对了，哥，哥太对。只有大夏能够修炼，本就不公平。不过看到他们没办法领悟功法，我就放心了。要我说啊，这什么功法肯定是假的，看把大夏给高兴的。 现在怕是该吐血的是他们，嘿嘿，在所有大夏国人为之疑惑的时候，其余国家的观众无不是松了一口气，尤其在看到大夏的人经过两个小时的尝试还是没有反应，他们原本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在直播间里不断的冷嘲热讽起来。这样的结果，除了大夏，对他们无疑是好结果。如此一来，大夏就无法做到一家独大，跟他们就没什么两样。而面对其他国家的嘲讽，大夏的国人脸色难看，心里不爽，却又没有办法反驳。 毕竟事实就是如此，那个功法，目前还没人能成功领悟出来，这也不禁让他们怀疑：难道功法是假的？难道由于某种原因，大夏目前已经无法修炼？在各个国家的嘲讽，大夏无数国人难受。猜测之时，砰！一道巨大的轰鸣自泰山上方的天穹传出，落入山脚下所有人的耳中。哪怕是直播间，无数人都被突如其来的动静吓了一跳。瞬间，在另外一个直播画面上，无数目光露出了震惊之色。 只见原本明朗的天幕，在此刻竟颤动起来，且逐渐形成了一个五光十色的漩涡。漩涡的出现，掀起了不断呼啸的狂风，且不断扩张，肉眼可见的变为遮天蔽日。整座泰山如同被一股无形之力影响，微微的颤动起来。不仅如此，更有阵阵晦涩的天音回荡，有神光洒落，位置不偏不倚，正是起源秘境所在。看到如此惊人的异象出现，那那是什么？这这种非同寻常的现象。 用小说中专业的术语来说，这是异象。难道有人成功领悟到功法了？八嘎！不可能，不可能！法克尔，大夏不能成功啊！千万不能成功！瞬间，无数人的目光皆是落在直播间秘境中的画面上。大夏国人满怀期待，激动不已；其余各国的观众看到异象，则是忧心忡忡。大夏的修仙尝试，难道真的要成功了吗？嗡<问>！秘境中，随着外面遮天蔽日的异象出现，原本还沉浸在领悟功法含义当中的疆土当中。 传出了一声嗡鸣，此时的所有人盘膝而坐，紧闭着双眼，看样子如同神游太虚。可嗡鸣声的传出，却让在场的其他年轻将土浑身一颤。而此时，于立群顺着传出声音的方向看去，眼眸当中露出吃惊之色。你，他看到了一名满脸坚毅的年轻将土正茫然的睁开眼睛，可很快脸上却露出了明悟之色，这让他心中为之一震，呼吸急促，要成功了，有人要领悟到功法了。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我。 我好像触碰到功法所说的那一层隔膜了，还感应到了身边无比浓郁的灵气。年轻将土低头看着双手，嘴里喃喃着。可下一秒，他体内传出一声轰鸣，刹那间，他能够清晰的感知到秘境当中有蕴含的浩瀚灵力。不仅如此，在他的身上更是出现了一层淡淡的光辉，整个人看起来如同得到了升华一般。没有任何犹豫，感天地灵气，吐纳日月精华。年轻的江土再次专注起来，闭上眼睛。 嘴里不停重复着早已经熟记于心的修炼之法，渐渐的，他身上的光辉越来越多，甚至能看到在他身旁的空间凝聚着一个又一个的奇异光点。随着光点被吸纳，年轻降土身体轻微的颤动着，身上却有一股气息不断攀升。咔嚓，此时现场还能听到他体内骨骼清脆的摩擦声。随着一阵狂风以他为中心掀起，周遭的浓郁灵气开始朝着他不断汇聚，使得气息越发强悍。轰鸣声再次传出。 年轻将土身体猛然一颤，双目骤地睁开。我我开辟出林海了！他大口喘着粗气，眼眸中透露着强烈的神采。如今的他就像是变了个人，得到了极致的升华，浑身有辉光闪烁。整个过程玄而又玄，令人完全看不出来为何能够如此。但是于立群看到领悟了功法，成功开辟了林海的疆土，无比振奋，眉头却猛地皱起。不要分心，开辟林海之后，最重要的是巩固根基。他尽管兴奋。 可此时却一脸严肃的告诫。闻言，年轻疆土深深吸了一口气，极力平复着内心的激动，重新沉浸在修炼状态之中。眼下的他，仅是气质上就已经不同于之前。紧接着，砰！一道轰鸣响起，于立群心中一惊，连忙将目光看向右方。又有人成功领悟了吗？他看到了一名青年头顶上的虚空，荡漾起了阵阵涟漪。不仅如此，在其身上同样能够看到灵气光点的汇聚。巨大的动静让他的身体颤抖着。 可脸上却露出了欣喜之色，显然又一名将土开辟出了灵海。当下已经有两个大夏的疆土开辟出了灵海，这就意味着功法是真实，修仙同样真实存在。不到两分钟，于老，我我也开辟出灵海了。又有一名将土睁开了眼睛，惊喜开口。而在他的身上，一缕缕黑色的杂质被冲刷了出来，还散发着一股刺鼻的怪味。可杂质清除，让他的皮肤要变得更白，更具弹性，且身上的气息正在攀升。 看到陆续有人成功，秦皇呼吸法可辅助普通人开辟灵海，迈入修仙的门槛。体内的杂质被冲洗出来，就是最好的证明。余立群眼中满是震撼的看着一个个领悟了功法，开辟出灵海的疆土，呼吸急促道：“如今的他们不再是普通人，而是称之为修土，亦或者修仙者。秦皇呼吸法尽管不能让人一步登天，却是最好打造根基的基础功法。如今这些疆土无疑是能修炼的，大夏之人亦是如此。”回想着关于功法的介绍。 他身体微微颤抖，眼眸中透露着狂喜之色。他从未想过，人生的暮年还能够遇到如此令人心潮澎湃的事情。若是大夏全民修仙，那该是何等壮举！若能够普及下去，大夏将成为真正的修仙国度。复兴的同时，去了解更多关于大秦的历史信息，或许还能与大秦帝国会师。洛山河听着于立群的话，激动的颤抖着。于老，看来我们成功了！他振奋不已的看着领悟了功法，正在巩固根基的疆土，失态的震惊道。 大秦帝国一定就是我们历史上大秦时期的祖先，否则又怎么可能会给我们真正的修仙功法？既然能成功，那就代表着完全可以把功法普及下去，让大夏走向全民修仙的崭新时代。山河同志，你说的不错。于立群激动的攥紧了拳头，内心的激动早就无以复加。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修仙功法是真的，那么先前所得知的信息就不可能是假的。大夏的仙道传承正是在历史上的某个节点断掉了，所以关于大秦的真正历史。 大夏才无法真正得知，如今的直播间内，各国观众已然癫狂。修仙，修仙竟然是真的！那些大夏的人，居然有人成功了，而且，而且能够清楚的看到他们变得不一样了。哈哈，一群外国佬怎么不继续叫了？现在叫不出来了吧？看来这些外国白痴还没有眼瞎，他们还知道咱们领悟了功夫，成功踏入了修仙的门槛，这一点值得表扬。笑死了，这些家伙之前还一个劲的祈祷，如今我们的成功。 只怕要把他们都给气得吐血。大秦帝国留给大夏的秘境跟功法都是真的，那么大秦帝国就是历史上的大秦，此事绝对不会有假。我们既然能成功修炼秦皇呼吸法，那岂不是有机会见到历史上的那位千古一帝秦政了、啊、？Oh no！大夏人为什么就这么成功了、啊？这不应该，不应该的呀！大夏要是全面进行修仙，那得是怎样的恐怖景象？我也想要修仙，我也想要回到大夏，回到我的祖国。之前只是移民了自由国。 可我还是大夏人，滚吧你！像你这样的家伙就不配身为大夏人，就好好在自由国呼吸甜美空气，舔你的自由爹吧！我的太太太太,太爷爷是大夏人，按理来说我也算是半个大夏人，可以让我也修仙吗？之前是我不对，可现在我真诚发问：大夏的网友，有什么机会能够成为大夏人吗？怎么这么快就羡慕起来了？嘿，不得不说，这些电子宠物真好玩。那些选择脱离大夏的家伙，不配称之为大夏人。 祖国更不需要你们的回归，外国的家伙们！接下来，一个全新的大夏将要降临！哈哈哈！大夏观众、网友除了狂欢、沸腾之外，更是立马对其余国家观众以及网友展开了清算。面对怒喷，各国的观众与国际平台上的外国网友压根无力反驳。如今的大夏已然成功，有人修炼了功法，踏入了修仙的门槛。大夏真成功了，这无疑狠狠给了他们一个无比响亮的耳光。但正是因此。 一个个原本生在大夏，却崇洋媚外，选择了移民的家伙红了眼，皆是想要在万族入侵的情况下回归大夏。大夏能够修仙，必然会比其他国家更为安全。甚至绝大部分外国人更是翻起了族谱，翻起了祖籍，拼尽一切办法想要证明跟大夏的渊源。更甚者，这些人在网上，在直播间喊着要成为大夏人的言论。而这一刻，大夏方面陆续有人领悟功法，成为修仙者的消息席卷着整个蓝星，任何一个国家。 皆是陷入了巨大的轰动。自从入侵以来，大夏如今所做的事情，就像一个重磅炸弹，于兰星轰然爆炸开来。自由国国会大楼，大夏竟然成功了！这怎么可能？不，不，上帝啊，不能让他们成功的呀！完了，该不会大秦帝国真的就是大夏历史上的那个大秦吧？之前我一度保持着怀疑的态度，可是现在，功法是真的，让大夏真能修仙。先前得知的那些消息就不像是假的。 大夏接下来一定会进行全面普及功法，让大夏全民修仙，开创修仙国度。到时候的大夏将成为蓝星唯一一个修仙国家。不敢想。会议室内，一个又一个自由国的高层满脸惊骇的看着直播间，失声惊呼着，每个人的脸上写满了震惊，透露着浓浓的羡慕。那可是修仙啊！前面大秦帝国的人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手段，就是修仙手段。大夏得到了修仙的功法，已经得到了证实，可以修炼。那之后的大夏。 岂不是有机会像大秦帝国一样举国飞升？蓝星的联合国家当中，大夏是毋庸置疑的中流砥柱。要是离开了蓝星，那么他们就少了一大抵抗万族的助力，这可不是个好消息。在所有人的惊骇、居安思危之下，该死的！身为统领，约翰看着直播，脸上的震惊与羡慕无法掩饰。这一刻的大夏，已然在实践修仙上取得了成功，之后肯定就会全民普及，开启修仙时代。大秦帝国不是选择入侵蓝星的那些异族。 而是要帮助大夏不在万族入侵的处境下遭遇威胁，甚至都可以说这是在帮助大夏进化，脱离普通人的层次。而此时，又有人成功了。这个人仅仅只是一拳就能够把一块堪比金属的千斤巨石轰得粉碎，那不是基础功法吗？为什么会有这么恐怖的提升？看起来完全就像是变异了一样。修仙之后，竟有那么大的变化，那么可怕的全方面升华。直播间再一次有大夏的疆土成功领悟出功法，在吸收灵气之余。 尝试着出手，造成了巨大的动静。这不仅让整个直播间更加沸腾，就连在场的一众自由国高层也都看傻了眼。领悟了功法的那些大夏疆土，任何一个对比着普通人，完全就是可怕的怪物。他们羡慕，除了羡慕，还有震惊与越发强烈的羡慕。约翰看的呼吸急促，内心掀起了滔天的巨浪。之前让你们找的人到了吗？他大口喘着粗气，如同一头失去理智的野兽咆哮了起来。只有大夏能够修仙，他无法接受。 所以，在这之前，他直接让人去寻找一些放弃了大夏身份、移民自由国的大夏人。闻言，已经到楼下了，有人一副按捺不住的表情，当即回答。在众人的等待中，几名青年被带了上来，眼中满是期待与渴望。统领大人，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尝试修仙？乐意为统领大人、为自由国效劳。他们激动开口，已然在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自己的身上本就流淌着大夏人的血液，本以为这令人不齿的血脉是个累赘。 没想到当下有了作用，要是他们能成功领悟功法，之后必然会得到自由国的重用，逆天改命，一飞冲天的机会就在眼前。听到几人的话，很好，约翰非常满意眼前几个青年的态度，一脸郑重道：“只要你们能够领悟大秦帝国赐给大夏的功法，我可以承诺，倒是你们会成为自由国的功臣。所以，你们开始吧。”说完之后，他朝着旁边的一位高层示意，那名高层拿出了笔记本，递出去后，满是期待道。 这是那个秦皇呼吸法，你们身为纯正的大夏人，有机会领悟，成功修炼。由于大夏在尝试修炼的时候没有特地隐藏功法，所以他们将其完整的记录了下来，得到了完整的功法之后，我们一定会成功。几名青年满心都是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立马找了一块空地，有模有样的学着直播间里的大夏，将土盘膝坐下，尝试修炼。正当他们以为一切顺利，因此得到自由国重用，随着尝试修炼、领悟功法之时，冥冥中。 在场的众人只觉得脊背发凉，猛地抬头看向天花板，如同有一双无形的眼睛正在注视这里。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忤逆秦皇意志者，死！一道充满了威严的沧桑声音诡异的在会议室响起，像是从无数个宇宙外传来，恐怖威压降临，让所有人身体颤抖，口吐鲜血，脸色顿时煞白一片。尤其是那几名放弃大夏国籍，加入了自由国籍的青年首当其冲，全身剧烈颤抖，像是被一只只无形的大手掐住了咽喉。 身体竟诡异的悬浮起来，啊！他们眼珠子瞪大，几乎就要掉出来。无论如何挣扎也无济于事。噗嗤，在现场一道道惊恐的目光中，其中一名青年猛然咳血，满脸恐惧的艰难道：“我身上流淌的是大夏血脉，我我是大夏后人。”不，不要！可是他的这番话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在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刹那，砰！青年满是恐惧的脸庞开始扭曲，头颅、四肢。 身体同样如此，仅仅眨眼的功夫，直接炸开，化作了一滩血肉四溅开来。刺鼻、令人反胃的血腥味瞬间充斥整个会议室。血腥恐怖的一幕，让所有人几乎被吓破了胆。砰！砰！砰！又是一连串的声响传出，那些被找来的几名青年甚至都发不出惨叫，没有任何声音爆开，密密麻麻的血肉不断溅射，啪嗒，周围的物品、墙壁以及自由国首领约翰与一个个高层身上。 脸上都被沾染了滚烫的血液，一刹那，那种被注视的感觉消散，威压消失不见。可约翰等人看到了生平以来最为恐怖的一幕，全身心遭受了剧烈的冲击，恐惧笼罩了全身。扑通！他们在万分惊恐下，浑身没了力气，直接瘫倒在地，看着眼前血腥、令人反胃的一幕，他们不停的哆嗦，一张脸要比死了好几天的死人还要白，汗毛炸裂，心神狂震。那几个更改了国籍的大夏人。 就这么诡异的死在了他们眼前。大秦帝国的人，哪怕相隔着无尽距离，依旧能够出手抹杀。现场陷入了死寂，足足长达十几分钟。他们，他们为什么会死？这些人不就是大夏人吗？对于他们的信息已经调查过了，父母都是大夏人，可为什么只有大夏人能修炼的功法，他们修炼完全没问题，怎么会被杀？在场的高层反应过来不是在做梦之后，浑身颤抖着失声尖叫，无法平息内心滋生的恐惧。 那个功法唯有大夏后人方可修炼，非大夏血脉修炼者死。难道刚刚那几个人并不被认可？约翰脸色苍白，心有余悸，颤抖道：“大秦帝国的人说的是真的，除了大夏，其他国家的人想要修炼只有死路一条。这”这这无法接受当下的事实。他依旧处于之前所看到恐怖一幕的震惊中，口干舌燥。眼下对于大夏正在修炼的功法，他再也没有了任何兴趣。不是大夏之人，一旦尝试修炼，下场就只有跟刚才那几个人一样。 惨死在他们眼前，樱花国，统领府内，死寂一片，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血腥气味。都都死了，这些明明都是大夏人，可为什么还是会死？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怎么会这样？此时满是血迹、碎肉残肢的大厅，所有人头皮炸裂，魂飞魄散的狼狈爬起，尖叫声回荡在统领府。就在前不久，他们找到了一名且加入樱花国籍的大夏人，想要让其修炼大秦帝国赐给大夏的修仙功法。 却不曾想看到了恐怖的一幕，那几个人刚开始按照功法修炼，可下一秒，天地色变，虚空崩裂，一只恐怖的大手仿佛从遥远的宇宙探出，直接把人拍成了肉泥，活生生的几条人命，仅是眨眼的功夫就荡然无存。身为樱花国统领的景田赤石，心有余悸的被人扶起，浑身被鲜血沾染，在恐惧之下不停颤抖着。八八嘎，这究竟哪里出了问题？他只觉得劫后余生，口干舌燥之下。 连连后退，那些人不是混血，全部是血脉纯正的大夏人。可明明只有大夏后人才能修炼的功法，这些人想要修炼，却直接被恐怖的存在一巴掌来，当着他们的面惨死当场。在场的众人想不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难道是樱花国没有灵气，又或者他们没有在那个起源秘境里面修炼？有人猜测了起来。闻言，啊！景田赤石发出一声不甘的咆哮，可很快又惧怕的警惕观望周围。 生怕之前的恐怖大手会再次出现，还打算让加入樱花国籍的大夏人修仙，随后尝试分化一条分支，让樱花国也能够开启修仙。可现在的情况，完全不支持深入研究，哪怕清晰的得到了功法的修炼之法，在他们手中，却是无用的废品。看着直播间里越来越多大夏的疆土成功，完了，真就只有大夏才能够修炼的功法，其余国家根本就没有办法染指分毫。景田赤石张大了嘴。 眼中流露出来的羡慕，如同滚滚长河，滔滔不绝。经历了之前的生死危机，他不敢再去尝试，否则他不怀疑那个恐怖的大手主人会把自己也给拍死。不仅是自由国跟樱花国，其他国家的人同样也想到了利用更改了国籍的大夏人去尝试修炼，却都遭遇了同样的结果。那些被找来的人，要么惨死，要么灰飞烟灭，要么直接被抹去。而这样的消息一瞬间席卷了蓝星，掀起轩然大波。 让正在直播大夏疆土尝试修仙的直播间又一次惊骇沸腾。其他国家想要让那些脱离了大夏国籍的傻逼也尝试着修炼功法，结果全死掉了。哈哈哈！尼玛，还有这种好消息，喜大普奔！这样好啊！对大夏而言，无疑是当下的又一个好消息。本来还有些担心那些崇洋媚外、有着异心的家伙会带来困扰，现在倒不用担心了。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明明是大夏人，身上流着的又是大夏的血脉，为什么不能修炼？ 你们这些洋鬼不懂了吧？别说老祖宗不会同意让那种人休闲，不会承认他们大夏后人的身份，我们也不同意，他们也不配。大夏的观众在得知消息之后，无不是欢呼雀跃，拍手叫好。对于其余国家的询问，他们简单粗暴的给出了回答：那些人还能称之为大夏后人？他们不配。金狮阁如今的会议室早已经沸腾了起来，一个个高层看着直播间数之不尽的弹幕，眼眸当中透露着前所未有的狂喜：我们成功了！ 那么多国家找到了崇媚洋味儿，改变了国籍的家伙尝试，结果无一例外，全部死了。之前于教授已经明确的说，非大夏后人不可修炼，蛮夷修炼则死。秘境中的功法只有我们才能够修炼。哈哈哈，看来秦皇早就已经预料到了后世会有那么多存在异心的后人，那些改变了国籍的大夏人也无法修炼。别说他们是大夏人，他们跟大夏人没有任何关系，更不配。说的不错，这样一来，就足以证明大夏是可以修仙的。 甚至可以普及下去，全民开始修仙时代。大秦帝国就是咱们历史上的大秦王朝，老祖宗那一代人还活着，相隔两千多年的岁月，我们还可以见到老祖宗，见到那位千古一帝秦政。大夏的仙道传承断了，可现在有大秦帝国的相助，相信我们很快就能够实现质的飞跃，走向复兴，去了解大夏真正的历史。他们看着直播间，眼神狂热，脸上写满了震惊与欣喜。这对大夏而言，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变革。大夏。 要开启一个修仙的时代，走向复兴，去找到更多关于历史的答案。大秦帝国的出现，再加上如今真能修仙，让他们深深明白，大夏的历史绝不会像他们认知到的那么简单。所谓断掉了仙道传承，让他们对历史上的大夏充满了好奇。大秦既然在秦政的带领下举国飞升，成为浩瀚先秦，那么大汉以及诸多的王朝呢？又是否存在？又是否与大秦帝国一样，已经飞升？ 诸多的疑惑伴随着大夏疆土的成功修炼而浮现在众人的脑海当中，让他们一边激动的看着直播间又继续有疆土成功，一边在脑海当猜测。大统领听着众人的话，看到众人激动不已的模样，脸上的笑容已然掩饰不住。哈哈，他再也无法克制，仰天大笑道：“没想到有朝一日，我竟然能看到如此违背科学、用科学都无法解释的事情。修仙不只是存在于传说，它早就存在于两千多年前大秦的皇。” 秦政带着整个大秦踏上仙路，举国飞升。如今在蓝星之外的遥远宇宙，而现在，大夏也开始修仙了。一旦真正的普及下去，那么面对万族的入侵，大夏再也不惧。这一番话让在场的众人听得一阵激动，体内血液沸腾，走向复兴啊！回想着之前关于大秦的各种信息，延续了两千多年前的大秦，活了两千多年的秦政与诸多古人，他们眼中透露着渴望，无穷的向往。大统领强忍着内心的振奋。 望向旁边的众人，立马吩咐道：“传令下去，等这一批疆土结束，将功法普及全民，让大夏全面修仙。如今的情况无不是在表明着，一个辉煌、崭新的大夏要降临了。”好，秘书在一旁郑重开口，振奋的小跑离开。很快，一则大夏即将普及功法，进入全民修仙的消息，让全国更为沸腾。无数的国人在这一刻，充满了对修仙的向往，同时对于大秦帝国，他们心中则是有了敬畏。 那可是老祖宗啊，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修仙了的老祖宗，这么多年过去，眼下已然是宇宙之外的强大霸主。他们要是能够达到向大秦帝国举国飞升的地步，或许就能彻底的了解大夏的历史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定，声望值加三千。定，声望值加五千。定，声望值加六千。定，与整个蓝星都陷入巨大轰动。大夏开始着手准备全民修仙时，正在麒麟殿听着小曲。 看着猫耳娘扭动着曼妙身姿的秦正，听到了脑海当中系统的疯狂提示，声望值再一次以恐怖的速度飙升，几乎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已经有好几万声望值到账。这么多年以来，像这样的情况还是首次出现，甚至一度让秦正觉得回到了意气风发、满是高光的多年之前。看来初步的布局很成功，他心中嘀咕一句，感到一阵欣喜。毕竟对于他而言，当下没有太多所求，声望值是其中之一。 可随着蓝星的世界意志向自己发出了请求，这使得大秦帝国与蓝星建立了通道，有了刷声望值的机会。而在这之后，自己依旧可以利用蓝星，利用要对蓝星入侵的外族继续刷声望，用得到的大量声望满足当下大秦帝国所需，并且让自身已经停滞不前太久的实力再次提升。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嗡，秦正缓缓闭,闭上了眼睛，整座大殿变得忽明忽暗，且在逐渐震动，尤其在虚空中。 有轰鸣声传出，突如其来的动静，让在场的一众猫耳娘、狐女停下了舞动的身姿以及手上的动作，眼神满是火热的看向秦正。陛下。这是，一道道目光带着疑惑，他们没有见到过陛下会在大白天睡觉的，那就只有一种可能，陛下又再次开始了修炼。难不成陛下已经触碰到了桎梏，有办法去突破？陛下的修为已经达到了高深莫测的无上地步，这一点，整个大秦帝国都知道。而此时。 外界的天幕更是在此刻动荡了起来，阵阵轰鸣声由宫殿到外面的广阔天地不断蔓延，轰隆隆，天色大变，暗沉一片，遮天蔽日的乌云笼盖在宫殿的上方，且覆盖的范围几乎遮掩了整个大秦帝国，哪怕连同帝国之外的无数星域，像是冥冥中有所感应，竟开始不断的震颤起来，诸天有所感觉，轰鸣炸响，一瞬间，大秦帝国领土之内的无数生灵。 皆是感受到了一股恐怖的气息正在缓缓的攀升着，而这股气息来自他们心中信仰、敬畏的方向。帝都皇城内，轰轰轰！漫天的轰鸣之下，雷云密集，遮天蔽日的雷霆不断朝着麒麟殿的上方汇聚。眨眼间，一个巨大恐怖漩涡呈现，其中无尽雷霆如同游龙一般遨游其中，时而龙吟从大殿中传出，如同遮掩了诸天万界的异象扩散开来。怎么回事？这股气息？ 是陛下，陛下要踏出那一步了。这一天终于来了。蒙毅、王翦等一道道气息强大的声音腾空而起，目光皆是落在了麒麟殿的方向。这一刻的他们，眼眸中透露着狂喜之色。早在多年前，陛下的实力就已经达到了一个足以睥睨诸天的地步，甚至凭借着自身的恐怖，去直面天外天的神魔，历经了一场天昏地暗的恐怖大战。那一战，陛下的实力还没有当下的地步。 却能够同时面对强大神魔而立于不败之地，哪怕自身受伤，可对方也同样不好受。也是在那一战中，之后的天外天不再觊觎大秦帝国，而是选择了与大秦帝国和平共处。这么多年过去，陛下的气息在此刻开始了攀升，越来越多的身影出现在了麒麟殿外的虚空，八方的虚空扭曲，陆续有强大的身影走出。大秦的陛下又再次开始了修行，他这一次终于要迈出那一步了。秦皇，不愧是秦皇。 只用了这些就能够又再迈出一步。这些人除了来自其余星域的附属势力强者，还有着许多大秦帝国强大存在。看着早已被雷霆笼罩的麒麟殿，感受到那股让他们头皮发麻、心神狂震的气息，一道道充满惊骇的声音不断起伏着。也正是此时，又一声如同穿透了诸天的轰鸣传出，无上的威压轰然降临。漫天暗紫，透露着毁灭气息的雷霆，在这一刻，于一道道惊骇的目光化作了神圣的金色神雷，而遮天蔽日的雷云。 也在此时，有神光闪烁，旋即璀璨耀眼，映照诸天。异象的变化，直接以帝都为中心，朝着八方不断的蔓延。肉眼可见的，除了大秦帝国帝都所在的星球，外面的宇宙同样有神光蔓延，覆盖一个又一个星域。秦政的气息，诸天宇宙甚至皆有感应。哪怕是大秦帝国还未探索，无数未知的领域，也同样感受到了一股足以镇压诸天寰宇的恐怖气息。这股气息来自哪里？好恐怖的气息！ 仅仅只是气息，竟让我止不住颤抖。究竟是谁？一尊尊沉睡的巨头猛然惊醒，皆是惊恐的惊呼接来。哪怕他们拥有毁天灭地的实力，可在感应到这股气息之时，第一反应就是以为被大恐怖锁定，想要逃窜。可回过神后，他们却越发的忌惮。这股气息不属于他们所存在的宇宙，而是穿过了诸天，蔓延到了自身所在的宇宙当中。那是怎样的存在？麒麟殿，无数的大臣以及一尊尊强大的存在已然振奋不已。 恭敬万分，守候在外。殿内，吼！秦政蓦然睁开了眼，龙吟声直冲天穹，响彻诸天。此时的他，浑身辉光流转，无比神圣，犹如诸天寰宇的唯一真仙。一双眼眸，除了一如既往的深邃，眼下更是多出了一缕金芒，透露煌煌帝威。仅仅只是睁开了眼睛，而这个举动却让整个帝国为之震颤，漫天宇宙，无数生灵都被笼罩在恐怖威压之下。随着利用足够的声望值提升，眼下。 秦正的实力已然在多年之后的今天，再一次得到了提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呼，他只是轻轻吐了一口气，瞬间大殿狂风呼啸，外面更是掀起了一股惊人的风暴。感受着提升之后所带来的反馈，他眼眸微微闪烁，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直至此刻，秦正有着前所未有的空灵，体内力量前所未有的澎湃，星河宇宙弹指可灭。久违的感觉，这种掌控着一切的感觉，让他感到一阵舒畅。 全身心沉浸在这种爽感当中，那么久了，他很少能在体验之前带着大秦一路走来，一路崛起的那种快感。可现在，他又体会到了。大笑一声，宇宙动荡。下一瞬，秦正出现在了麒麟殿外的虚空，浑身散发着足以令周边虚空扭曲、崩溃的恐怖气息。他只是站在那里，在别人眼中却是光芒万丈，遮天蔽日，震慑诸天万界。而在看到秦正出现的那一刻，陛下终于是迈出了这一步。恭喜陛下！ 蒙山神族特地携我族特有、且万年一结果的涅盘神果，祝贺秦皇。参见秦皇陛下，陛下！一位位大臣当即匍匐虚空，眼眸狂热，内心澎湃的高声恭贺。陛下的实力得到了提升，如今哪怕只是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就足以排山倒海、翻天覆地、毁灭一处星域。不过弹指间，大秦必然会更加辉煌。而且他各族的强者看到眼眸中透露着神光。 浑身像是处于阴晕当中的秦政后，全部打消了内心的猜测，深知这位秦皇的恐怖更加难以查探，纷纷识趣的献上了提前准备好的贺礼，尤其是一些想要反抗却迟迟没有行动各族，在此刻彻底打消了念头。如今的秦皇不可抗衡，哪怕只是他一人，就足以将在场的所有人轻松抹杀。这样的存在又岂能反抗？而且能够成为这样存在统领帝国之下附属势力，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又或者说是无上的荣耀。 毕竟，眼前的这位秦皇年龄太过年轻，可展现出来的实力，却足以让诸天生灵都为之恐惧颤抖。也正是此时，四面八方的虚空不断有恐怖的气息涌入，一道道身影络绎不绝的出现。见八方来贺，设宴。秦正难得看到这么久以来又一次变得空间热闹的场面，大手一挥，声音响彻天地。秦政突破造成的动静，覆盖的范围实在太大。第一星域，第二星域，第三星域，除了无数个星域，诸天宇宙也被波及。 一时间造成了无数生灵的恐慌，即便是在大秦帝国第九星域连通的蓝星，L，轰卡，一声轰鸣，令整个蓝星陷入了恐慌中。随着卫星的捕捉，一幅画面呈现在了联合直播间之中。珊瑚岛上，只见蓝星与大秦帝国接连的通道正在剧烈的颤抖着，裂缝弥漫着恐怖之力。顷刻间，一整个太平洋直接被撼动，滔天的海浪接连炸起，如同末日天灾要席卷蓝星。好在，这只是片刻的功夫。 否则，蓝星灾难将至。恐怖的一幕呈现在了直播间，让蓝星的无数人类再次陷入慌乱当中。然而，即便远在蓝星，当下同样有异象随之降临，整个世界在巨大的轰鸣声中黯然失色，无边的雷云覆盖着一切。大洋彼岸，自由国这个国度当下正在经历着阵阵海啸，天幕上早已经被漫天的雷云与触目惊心的恐怖雷海所占据。那是，那是蓝星与大秦帝国相连的世界通道，在通道的另一边，发生了什么？ 好恐怖的力量，仅仅只是一次波及，整个太平洋几乎就被颠覆过来。那就是来自修仙者的力量吗？变天了！难道大夏已经有人修仙成功，所以大秦帝国要把他们接走？这么恐怖的动静究竟是什么引起？卫星捕捉的画面中，整个蓝星都在颤抖。通道的另一端，究竟有怎样的恐怖存在？一个个自由国的民众看着早已经被异象占据的天幕，头皮炸裂，惊恐的失声尖叫。瞬间，整个自由国陷入了恐慌当中。 没有人知道，那个来自大秦帝国的通道尽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准确来说，他们在害怕，害怕大秦帝国由于大夏已经能够成功修仙，所以要对蓝星出手。毕竟，大秦帝国的秘境功法都只赐给了大夏，与其他国家根本就没有半点关系。一旦有大恐怖的存在降临，其他国家根本就没有办法对抗，因为面对那些恐怖的修仙者，他们仅有的科技力量完全无法造成威胁。而在自由国陷入恐慌之时，统领，我们。 我们该怎么办？大夏那边的最新消息，则是要普及功法，让大夏开始全民修仙。如今这情况完全就是末日要降临。要不要我们继续跟大家谈谈？大秦帝国若是想要对蓝星动手，请求大夏庇护自由国。一个个高层在看到整个世界都被雷云占据，雷霆覆盖，瞳孔剧烈的收缩，惊呼开口。直到现在，他们再次认清了与修仙者的差距。不需要任何武器，别人哪怕只是一只手，就足以毁天灭地。当下。 与蓝星建立了联系的通道另一端，来自大秦帝国，而仅仅只是一丝气息的波及，却能让整个蓝星为之颤抖，让蓝星之上的无数海域翻涌，让世界都变天。约翰呼吸急促，回想着自己看到几个大夏移民者惨死的画面，脸色瞬间苍白。那些修仙的人，哪怕只需要动动手，蓝星就会变得粉碎。他艰难咽着口水，内心的恐惧再次滋生，急忙道：“联系大夏，就说自由国需要他们的庇护。至于条件……” 任由他们开，只求如果真是末日降临，他们能够请求大秦帝国能够对自由国出手相助。眼看着整个蓝星摇摇欲坠，他怕了，彻底怕了。樱花国，砰！一座座沿海城市经历了重大的洗礼，准确来说，则是秦政突破所弥漫出来的气息，通过裂缝通道蔓延到了大夏，造成了不知情的波及。如今，一道道高达百丈的恐怖海浪拍打着樱花国的沿海城市，造成了不小的伤亡。此刻。 整个樱花国陷入了绝望与恐慌当中，恐怖意象之下，他们显得无比渺小，就如同不起眼的尘埃，随手能够拍死的蝼蚁。如今的统领府中，诸多高层脸色惨白的看着樱花国遭受了海啸袭击的各个城市，这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大秦帝国要对樱花国出手？为什么就只有樱花国遭受了这样的恐怖攻击？甚至都不知道对方使用的什么手段，我们就已经损失惨重。再这么下去，樱花国怕是要灭亡了。统领，我们我们要不跑吧？ 他们万分恐惧，连连尖叫，脸色越发惨白。海啸再这么持续下去，樱花国将会面临灭亡性的恐怖打击。景田赤石罔若未闻，头皮炸裂的看着樱花国正在遭受的灾难。全世界变天，为什么偏偏是樱花国？他无法克制的颤抖着，难以置信道：“大秦帝国早就诞生于两千多年前，跟樱花国有什么关联？如今只有樱花国出现了伤亡损失，我们跟大秦帝国有仇吗？”而在他不解的话语落下，统领。 有一名高层颤颤巍巍地提醒道：“我们，我们可能跟大秦帝国没有仇，但跟大夏有仇啊！会不会是大夏的意思？还真有可能。”闻言，其他高层师生惊呼起来。相较于大秦帝国，樱花国自然是与之无仇无怨的，但大夏就不一样了。转念一想，在场的所有人都不得不相信，大秦帝国就是大夏历史上的那个大秦，而那些大秦帝国的人就是大夏人的祖先，而大夏人作为大秦帝国的后人。 要是樱花国所做的事情被大秦帝国所得知，那么想灭了樱花国轻而易举。快联系上金师阁！景田赤石毛骨悚然，汗毛炸立的师太咆哮道：“快，快呀、啊！一定是这样，绝对是大夏要借助大秦帝国的手对付樱花国。告诉他们，我可以为以前樱花国在大夏犯下的罪行对大夏公开道歉，跪下都没问题，只求大夏方面能高抬贵手，放过我们。大夏，金师阁，大统领。” 这该不会让蓝星陷入灾难吧？如今封锁掉的几大异族通道已然发生了躁动，要是通道另一头的敌人全部发起进攻，蓝星岌岌可危啊！通道那边的大秦帝国发生了什么？诸位高层一样慌张，当前的局势对于蓝星上的国家已然造成了威胁，一旦刺激到蓝星之前封锁起来的裂缝通道，那将会是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大统领听着众人的话，眉头紧皱，要是真像你们说的那样，可能蓝星将会面临灭亡。他郑重开口，同样高度紧张。 大夏刚刚着手准备普及修仙功法，要进入全民修仙的时代，没想到却发生了这种事情，而且造成蓝星动荡的原因来自通道另一端的大秦帝国。难道大秦帝国正在经历战事？而在场众人震惊之时，一道身影悄无声息，犹如鬼魅一般出现在会议室中。突如其来的人，让在场众人吓了一大跳，身体连连倒退。蒙蒙恬将军，可定睛一看，大统领等人却是愣了一下。来人正是蒙恬。 蒙恬将军，你你怎么来了？有人询问了一句。蒙恬瞥了对方一眼，淡淡道：“怎么，我还来不得？”当当然不是，大统领连忙摇头。不过当务之急还是搞清楚情况，于是又立马询问道：“蒙恬将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股气息……”蒙恬没有回答，而是死死的盯着联合直播间呈现的画面，感应到了天地间存在的那股无上气息。刹那间，他魁梧的身躯猛然一颤，眼眸绽放强烈神采。 这股降临，蔓延整个蓝星的气息，来自陛下。一瞬间，在他的脸上浮现了狂喜之色。蒙恬忍不住仰天狂笑，激动万分道：“陛下，是陛下！哈哈，陛下终于还是迈出了那一步，大秦帝国将再次辉煌。天外天的那些神魔已然不足为惧，诸天寰宇，只要陛下剑锋所指，皆归大秦。是”是？什么？大统领等人听得一头雾水，完全不理解蒙恬为什么会突然这么失态。 迈出了哪一步？天外天，神魔，诸天寰宇，只要秦皇剑锋所指，都将成为大秦之地。可即便不懂，但如今的大夏各地同样遭遇了轻微地震，掀起了惊涛骇浪，无数国人难以置信，甚至一度陷入恐慌。大统领一脸焦急道：“蒙恬将军，这这会不会给蓝星带来灾难？”“用不着担心，没事的。”蒙恬看出了众人的担忧，大笑道：“这是陛下突破引发的，不会造成太大破坏。” 若是陛下有意为之，那么多个宇宙都将遭殃，祖星早已不复存在，还轮得到你们操心这些？而听到了这番话，大统领等人艰难的咽了咽口水，已经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蒙恬所说，实在太过恐怖。秦皇的突破，竟然影响了那么多个宇宙，哪怕是蓝星都遭受了强烈的冲击，山崩海啸，仅仅只是因为秦皇突破，未免太过恐怖了吧？蒙恬注意到了众人的目光，满眼狂热道：“你们无需表现出这种表情。” 这对于陛下而言只不过是轻而易举，修仙之路就是如此，举手摘星辰，毁天灭地皆在一念间。陛下的修为早已超凡，远不是你们能够想象的。不过祖星的后人既然能够修炼，那么自然有机会进行飞升，这是你们逆天改命的绝佳机会。所以修仙一事切不可懈怠。告知了一句之后，他再次仰天大笑，整个会议室都为之震颤起来。陛下终于迈出了那一步，这样一来，大秦帝国又再次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眼下蓝星掀起的轩然大波，想来足够让陛下满意了。而且大夏的后人也成功有人修炼起了功法，之后会进行全民普及，这已然达到了陛下的预期。那么自己也没有太多的必要留在祖星，在大统领等人还处于修仙会这么恐怖时，我得尽快回去为陛下挑选贺礼。修仙一事，你们尽快落实下去。蒙恬看着在场众人留下了一句话，随后消失不见。过了片刻，发布通告，让国人不要惊慌，这次所引起的动荡不是危机要到来。 大统领心神震动，对于修仙有了新的认知。秦皇只是突破，却能影响到诸天万界，太过恐怖。然而此时，大统领、自由国、樱花国、泡菜国联合其余国家的统领都想要跟您通话。秘书走了进来，汇报道：“而且樱花国还说了，可以为樱花国以前对大夏犯下的罪行公开道歉，只希望大夏能够让大秦帝国高抬贵手，放樱花国一马。”哦，大统领闻言，眼中闪过一抹诧异。 自由国与其他国家以为大秦帝国要对蓝星出手，想要寻求大夏的庇护，而樱花国更是公开道歉，承认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顿时，大统领明悟了过来，止不住笑道：“没想到秦皇只是突破，却造成了如此大的反响，甚至为大夏增加威慑。就这么一回功夫，那么多国家都怕了。”哈哈哈，在场的高层皆是跟着大笑起来。没想到还有这种意外的收获，不过想想，他们还是感到毛骨悚然。 秦皇究竟达到了怎样恐怖的层次？秦政该不会已经走到了仙路尽头吧？有高层猜测道。在场众人猛地打了个激灵，眼眸中透露着狂热与骄傲。毕竟，那是他们的老祖宗啊！有这么一位恐怖的大夏皇帝，无疑是他们这些后人的福气。与此同时，大秦帝国帝都麒麟殿内大摆宴席，八方强者齐聚一堂，恭贺秦皇。让我等为秦皇而贺！陛下迈出了这一步，大秦必将更为鼎盛。陛下这次突破！ 定能让诸葛丞相那边土气大涨，一举拿下天外天的神魔。那些家伙，他是怎么也想不到陛下如此年轻就有这般作为，想必如今已经吓破了胆吧。诸多强者，大秦帝国的大臣们，无不是振奋不已，高声恭贺，举杯对饮。秦正看着热闹非凡的宴会，不断恭贺的众人，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眼下的他，似乎与天地合一，似虚似实。在他身体旁边，道运玄奥，如有无数的大道萦绕。这次突破。 他没有太过在意外界如何，眼下的大秦帝国早已不可撼动，没有太多事情需要操心。而在脑海中，关于声望值不断增加的提示非但没有停下，反而越发猛烈。定，声望值加五千。定，声望值加幺零零零定，声望值加幺三零零零。秦政打开了系统面板，看到了正在疯狂持续上升声望值，嘴角的笑意更多了几分。这对他而言，相比于突破更令人畅快，并且声望值提升的速度。 已然超过了他的预期。正在秦正疑惑蓝星能带来多少声望值时，滴滴滴，一旁通讯器响了起来。秦正听到动静，望向了身后的侍女，淡淡道：“阿青，谁？”“陛下，是蒙恬将军。”阿青闻言，恭敬开口：“接。”秦正示意，很快，成功贺陛下突破。蒙恬一脸激动，高呼道：“恭喜陛下！陛下，臣已回归第九星域，马上为您挑一份贺礼。” 他站在浩瀚无边战舰之上，一边说，一边指挥着方向。闻言，秦正无奈地笑了，道：“用不着麻烦，不麻烦，一点都不麻烦。”蒙恬嘿嘿笑着，随后有惊天彻地的龙吟声传出，随后化作咆哮。下一秒，通讯画面变得璀璨一片，不停地震动着。陛下，臣先挂了，贺礼马上就让人给您带回去。”蒙恬的声音传出，随后在一声暴喝之后，通讯结束。对此，系统。 蓝星那边怎么回事？秦正摇了摇头，只能沟通起了系统。本来还想问问蒙恬，可那家伙实在是太过积极，还没问出口就忙着准备什么贺礼。自己缺什么吗？什么都不缺啊，就缺声望值。系统很快回答道：“主人，大夏初次尝试修仙已然成功，而且大夏已经落实了全民修仙的计划，于蓝星掀起了轩然大波。当然，还有一部分原因，则是主人的缘故。由于主人突破，气息波及到了通过第九星域的通道，波及到了蓝星。” 引发了整个蓝星的震惊，这样吗？秦正点了点头，心里面嘀咕一句：“妈挲着下巴，他深邃的眼眸微微闪烁，陷入思索当中。”对于大夏迅速的行动，他自然是满意的，也满意于声望值的暴涨。不过当下，掌动的声望值在经过又一轮的震惊之后，已然有了减缓的迹象。该怎么继续刷到更多的声望值？蕴含足够灵气的起源秘境给了，能让大夏开辟修仙时代的功法也给了。有了，秦正在思索片刻。 咧嘴轻笑道：“那么接下来，该让他们见识一下大秦帝国了。等蓝星刷无可刷，还有蓝星以外存在的那些万族，心里面有了计划，他当即觉得可行。毕竟，既然想要编造一个非同寻常的历史，那么眼见为实是最好的。大夏能够休闲，这自然是件好事。最主要是这么做，能够给自己带来巨额的声望值，这一点比做其他十件大事都要有过之而无不及。拿定了主意之后，魏忠贤、秦正看向旁边，缓缓开口。闻言。” 整个宴会变得寂静了下来，所有人目光看向秦正，而此时，咱家在，虽是宦官，但脸上却看不出阴柔，反而略显清秀的魏忠贤恭恭敬敬走了出来，躬身道：“陛下，可是有事需要咱家去做？”他问完，这才小心翼翼的抬起头，头上戴着的茉莉花轻微摇曳。这种反差的形象，大秦帝国仅此一人，可却无人敢小瞧这样的一位太监。对方的阴狠与毒辣，即便是在大秦帝国都是出了名的。 秦正瞥了一眼魏忠贤，缓缓道：“你即刻启程前往祖星一趟，传朕旨意。朕离开祖星多年，不曾想仍有后人尚在祖星，朕要召见他们，让他们看看真正的大秦。所以，你走一趟吧，咱家领旨。”魏忠贤郑重开口，嘴里发出的声音缺少了些许阳刚，没有任何犹豫。他深吸一口气，能给陛下当牛做马，这是自以无上的荣幸。至于野心，开玩笑。 能跟随在这样一位至高无上的帝王身边，就足以令无数人羡慕。还有什么所求的？权势，自己可不敢想。而看到魏忠贤踏步消失在大殿中，还愣着干什么？秦正望向大殿下的舞女与艺妓，甩手道：“接着奏乐，接着舞。”带着心中的期待，他悠哉悠哉半靠在帝座之上，欣赏着下方令人血脉喷张舞蹈。不知道大夏要是得到消息，有机会面见大秦帝国之主，会是怎样的表情？两天后，蓝星。 大夏，泰山之上的起源秘境中，又一批领悟了功法，成为了修仙者的国人从中走了出来。而在他们出来时，新的一批继续进入秘境。而在这些人当中，除了各地的疆土之外，同样有着普通国人。这几天时间，大夏贯彻着全民修仙的计划，并且落实下来。当下，已经是第十批成功领悟了功法的修仙者。哈哈，我们真的要实现全民修仙了。大家以后再见面，除了同志之外，可以用到有相称了。 我已经开始想象大家一起飞天遁地、遇见杀敌的场景，没想到有朝一日，我一个普通人也能够为国家奉献一份力量，实现全民修仙，已经用不了多久了。起源秘境灵气充足，足够满足大夏对修仙的需求。难以想象前两天蓝星那么大的动荡，原因竟然只是秦皇突破造成。修仙到底能让人变得多恐怖？又有那么多人成功了？大夏，大夏用不了多久，岂不遍地都是修仙者？这是大夏史无前例的举国复兴啊！怎么样？ 只能看却没机会染指的机会不好受吧？虽然我知道你们很想修仙，但你们能不能不要想了？哈哈哈！如今的直播间，大夏的观众无比期待，振奋的讨论着。在他们看来，未来的大夏会是一片光明。可来自各国的观众却看得极为难受。他们亲眼看到大夏自从修仙之后，那些成功修仙的人变得可怕，甚至说拥有超能力都不为过。金师哥，只要再给我们一些时间，面对一些没有那么可怕的异族入侵者。 我们哪怕不需要与其他国家联合，也可以进行反击。起源秘境，秦皇呼吸法，这一切皆是来自大秦帝国，准确来说，来自秦皇秦政。大夏应该心怀感激，绝不能忘本。能让大夏走上修仙之路，这对于我们而言，就已经是天大的恩泽。没想到有朝一日，那么多的无神论者被改变了认知，如今功法进行了普及，即将全民修仙。再想想，就像做梦一样。高层们聚集在一起。 看着直播，又一批成功晋升修仙者的队伍离开，激动不已。每个领悟了功法的人，无论是身体素质还是各个方面的能力，都要远超十倍不止。先前更是有过一次大胆的测试，那就是前往之前封锁的那些裂缝通道，让领悟了功法的疆土与最弱的一个异族展开较量。而结果，大夏的修仙疆土即便没有武器的加持，却也能够对其展开杀戮。这也让所有人清楚的认知到，修仙所带来的巨大提升，与其说提升，不如说是生命层次的升华。 因为那些修仙了的人已然脱离了普通人的范畴，变得不再普通。大统领激动的看着直播画面，眼中透露着强烈的期待。大夏走向一个真正的修仙国度，只需要足够的时间。他呼吸急促，欣喜开口：“两千多年前的大秦延续至今，秦皇更是活了两千多年的岁月，这也导致无数人向往修仙。其中不仅仅是大夏的国人，全世界的人都在向往。而除了大夏，所有国家对于修仙皆是眼馋，可却没有任何办法。” 之前那么多国家都想尝试让拥有大夏血脉，却放弃了大夏国籍的人去世，可却落得全部人被抹杀的下场，吓得没人再敢尝试。而在这样结果之下，也造成了另一个巨大的影响，那就是越来越多原先放弃了大夏国籍的人，如今都想能够回到大夏，可没有人是傻子，国民不是，金世阁的决策层更不是，那些崇媚洋外，因此放弃了大夏国籍的人，永不得恢复大夏国籍，这是大统领对那些人给出的强势回应。 同时，这也是无数大夏国人的心之所向。在大统领等人对大夏的未来充满憧憬之时，大统领，那些国家还是想要跟您谈谈。秘书前来汇报。闻言，在场众人神色各异，不免摇头。那些家伙怎么还是不死心？修仙，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修仙。就这么几天的时间，几乎每天都要商量，有什么好商量的？众人接连吐槽，脸上露出不满。而大统领则是无奈的摇摇头，说道。 我能理解他们想要修仙的迫切心情，可是，可这没有办法。至于让我们跟大秦帝国的秦皇商量，这是能商量的吗？之前的功法都已经明确表示，除了大夏后人，其他国家的人一律被视为蛮夷，只要敢修炼功法，就只有死路一条。这也是得到证明了的。若是拿这件事去商量，老祖宗肯定不会答应，恐怕还会对我们、对大夏失望。这种事情可没法商量。你就告诉他们，不管他们拿出多少诚意，这都不是大夏能够决定的事情。 要怪就怪他们皆是蛮夷，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异族。让秘书离开之后，他深吸了一口气，眼中再次流露出期待。大夏的修仙浪潮已经掀起，而且在一步步走向正轨。不知道，大统领看着直播画面，嘀咕道：“大夏什么时候有机会见识到真正的大秦？”大统领，相较于大秦帝国而言，大夏太弱太弱了。或许这一天对于我们而言还无法奢望。一名高层叹了口气，郑重说道：“眼下最重要的是。” 通过修仙，提升大夏的整体实力。闻言，大统领点了点头。可在他心里面，对大秦的好奇越发强烈。称霸一个星域，一个宇宙，就已经是蓝星人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但通过蒙恬的口中得知，大夏的老祖宗大秦帝国却掌控着多个宇宙，无数星域。那么，这个来自两千多年前的大秦帝国，如今究竟是个多么恐怖的庞然大物？自由国这边，国会那批人都是干什么吃的？这么多天了。 还没有征求到大夏那边的同意吗？修仙，我们也想修仙啊！法克尔，那么多大夏人已经成为修仙者，看得我好羡慕。用他们的话来说，羡慕到眼泪从嘴巴流出来的那种羡慕啊！我们的统领就这么没用吗？哈哈，我要是大夏人该多好！那些选择加入自由国籍的大夏蠢猪，一个个都后悔了。他们居然放弃大夏国际。如果是我的话，绝对不会。Excuse me，来自大夏的朋友，我想问一下。 我爱大夏这句话现在还有用吗？如果我们不能修仙，我就算到大夏当牛做马，也要想方设法进入大夏。毕竟，无论以前或者以后，最安全的国家就是大夏。国会大楼下，无数的自由国民众汇聚于此，怨声滔天。大夏的修仙让他们眼馋，渴望能够修仙。可是，偏偏自由国的国会曾前几天就说要找大夏商量，请求能够得到修仙的机会，可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回应，这已经让他们等不及，甚至在人群当中。 有很大一部分手中都揣着众生平等器，看样子就像是随时会冲进国会大楼，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起义。这让调动过来的武装人员心提到了嗓子眼，紧张不已。而在大楼顶端的会议室，该死的！约翰满是羡慕的眼睛透露着焦急，咆哮道：“该死，法克！就算自由国拿出当前最顶尖的科技，也不能向大夏换取一个跟大秦帝国商量的机会吗？要是这样，等大夏彻底实现全民修闲那我们跟大夏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最终只能仰望。不，在得到了金师阁的回应之后，他既是羡慕，又是发狂。尤其是自由国现在更是因为大夏的修宪，内部变得人心不行，动荡不安，这让他头大，感到深深的无力。任何一个国家，面对大夏，陆续有人成功开始修宪，当下羡慕之余，更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从蓝星以外入侵而来的万族，无数人都知道，光靠科技的力量无法应付，准确来说，是当前蓝星的科技力量。 大夏既然能够修仙，之后必然会与其他国家拉开距离，连自由国都希望跟大夏谈判，向大夏开出极好的条件，想要去寻求修仙的机会。那么其他的国家又怎么可能坐得住？为什么樱花国没有大夏那样的祖宗？阿、啊、西吧，我们也想修仙，要是修仙能申遗就好了。大夏的朋友，到时候不要忘了我们。乌拉，雅比哈哈。大夏要是能全民修仙，这绝对是一件好事，衷心的为大夏感到高兴。在直播间内。 诸多国家的观众在激烈的议论着大夏目前修仙的进展，无疑会让任何一个国家为之羡慕，同时渴望能够修仙。毕竟只有大夏一个国家修仙，那么之后的大夏必然会甩开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届时只能让人仰望。而在直播间里，看着其余国家观众的弹幕，众多大夏国人发自内心的感到自豪，他们正在复兴。要是能够走上大秦帝国的修仙之路，那就更好了。然而，正在诸多国家心思各异，想方设法想要与大夏谈判之时。 不好了，太平洋那座珊瑚岛上的裂缝通道又开始变得不正常了。一则消息传到了大夏，毕竟那个裂缝通道的另一端连通的是大秦帝国，所以大夏方面一直有在重点留意，一出现情况就会立马得知。如今的金狮阁，什么大统领等人看着这李芒荒的秘书，满脸难以置信，甚至怀疑自己听错了。秘书看到众人的反应，继续说道：“大统领，与大秦帝国相通的裂缝通道，有一批人降临了。” 听到秘书再次重复的消息，又有人降临，大统领眼眸一缩，其他人顿时感到紧张，因为之前在蒙恬离开的时候，他们得知了消息，那个裂缝通道不仅仅只是大秦的人可以通过，还会有大秦帝国第九星域的其余存在，能够跟大秦帝国存在于一个星域的存在，肯定不会简单，大统领不敢有任何怠慢，急忙道：“快，快转直播间！”此时的他心中紧张，目前的大夏正在实施全民修仙的计划，还没有彻底达成。 一旦与更强大的存在发生冲突，同样会没有反抗之力，这是必然的。他心里面清楚。而除了大夏心惊不已，其余国家同样大吃一惊，赶忙查看起太平洋那边监视着裂缝通道的直播间。与大秦帝国相连的裂缝通道外，狂风呼啸，海浪滔天，阵阵轰鸣声陆续传出，整片岛屿都在震动。一阵耀眼的光芒闪烁过后，数道身影出现在了裂缝前方，每一个人脚踏虚空，眼神凌厉。 身上的气息令周围的空间不断颤动，为首的，正是一身官服，头戴高帽，点缀着茉莉花的魏忠贤。这就是陛下所说的祖星吗？他眼眸深邃一片，犹如可怕深渊，打量了一眼周围，眉宇间露出了疑惑。紧紧挥手，他就能让周围肆虐的海浪瞬间平息，天地仿佛都为之定格。而在他的身后，几名小太监恭恭敬敬的站着，可在他们身上同样透露着不俗的气息，尤其是在他们的手中，正揣着各种各样的武器。 一把无时无刻都在吸收着周围空间粒子、弥漫着淡淡光辉的重枪，还有一款神似 RPG，可里里外外透露着高科技气息的神秘武器，更有一名小太监的手上悬浮着一个巨型的罗盘，闪烁着光辉，红光不停在周围扫过，似在勘察。尤其是在一行人的身后，轰隆隆！L，一艘在阳光映照下折射刺眼光芒，引擎轰鸣作响，犹如一尊怒兽般，里里外外看不出半点瑕疵的战机悬浮着，身上的衣着尽管光鲜亮丽。 却还是与现代化不搭，可手中的武器，身后的战机又与他们显得格格不入。一行人的降临，透露着古怪。魏忠贤神识扩散开来，随后睁开眼睛，眉宇间透露着毫不掩饰的嫌弃。这祖星的灵气怎会如此稀薄？这样的地方能被陛下称之为祖星，无疑是这个星球的荣幸。他不免吐槽了一句，脸上的嫌弃更多。要不是带着陛下的命令而来，他真不想过多停留，巴不得转身就走。这个所谓的祖星，灵气贫瘠。 在他看来，跟荒废之地没什么两样。轻哼了一声，坐标呢？魏忠贤看了一眼身旁那名手举着罗盘的小太监，闻言，大人，蒙恬将军已经让人把大夏的坐标发过来了。小太监毕恭毕敬地回答了一句。对此，魏忠贤点了点头，随后吩咐道：“带路吧，陛下交代的事情，咱家可不能给耽搁了。”说完，由手里拿着奇异罗盘的小太监带路，一行人直奔大夏所在的方向而去。如今的联合直播间内。 那些人是干嘛的？听他们说的语言，难不成又是大秦帝国的人？我擦嘞！这些人，这些人穿着跟墙掉，一群太监！卧槽！大夏坐标，什么情况？他们要干嘛？听他们所说，秦皇好像给他们交代了什么事情。虚惊一场，还以为是有大秦帝国的敌人要入侵蓝星。还好还好，不对啊！这些人既然是大秦帝国的人，可他们手里拿着的武器，还有身后那艘是战机吧？这些不都是现代化？ 不对，准确来说，那完全超越了现代化的科技水准。这些玩意儿是怎么来的？有没有一种可能，大秦帝国除了修仙之外，还拥有着远远超过蓝星当前的高科技水准？如果真这样的话，那大秦帝国究竟是存在于怎样的一个维度？无数的弹幕在直播间当中层出不穷，诸多国家的观众疯狂的猜测起来。尤其在看到魏忠贤一行人手里出现的武器与装备，让蓝星的人类彻底不淡定了。大秦帝国不仅会修仙，还掌握了极高层次的科技。 l 而大夏不仅疑惑，同时还在震惊。通过之前听到那一行人的谈话，很明显，他们是为大夏而来。大人，我们好像被监视着。魏忠贤身后的一个小太监提醒了一句。闻言，咱家还没下。魏忠贤没好气的说了一句，继续道：“不用理会，全速前往大夏境内。”说完之后，他的神识扩散数百里。既然祖星之上的大夏乃是大秦帝国的后人，自己要是表现好，肯定会让陛下高兴吧。想到此处。 咦，魏忠贤轻咦一声，目光陡然看向了另外的一个方向。在神识的扫描中，他看到了距离前方百里的大夏领土领土内一个岛屿附近的海域中的一处裂缝，其中的气息让他微微皱了皱眉。之前听陛下说过，祖星正在遭遇万族入侵的危机，之所以赐给大夏起源秘境修炼功法，全然是因为不希望后人被异族欺压。那自己难得外出一趟，反正就是来传个旨，又那么久没有活动过筋骨，这倒是个不错的机会。 说不定还能讨陛下欢心。有了这个想法，魏忠贤顿时更改了路线。大人，这是？几个小太监见状，心中虽有疑惑，但还是跟了上去。毕竟魏大人的脾气喜怒无常，他们可不想遭罪。而就在魏忠贤等人朝着那个方向前进时，直播间里的大夏观众却察觉了不对，不对劲，不对劲！他们要往哪去？他们前往的方向，该不会是南岛外面那个虫族裂缝所在的战区吧？啊，那个战区可是被蓝星化为红色危险区的。 那些虫族的实力，在那么多出现的裂缝通道出现的异族当中，实力都是处于顶尖的。即便蓝星的联合军共同抵抗，却只是暂时让虫族暂时打消了入侵的念头。他们该不会遭遇危险吧？按理来说，大秦帝国的人都是修仙者，他们不会发现不了那个被封锁的战区。为什么不绕开妖西？看来大秦帝国的人不是很聪明的样子。之前那些虫族的家伙，只是一些虾兵蟹将，就已经能让蓝星吃了个大亏。这些人居然不绕路，肯定要倒霉了。哼！ 既然我们不能修仙，那我倒想看看这些所谓大秦帝国的修仙者出糗的样子。在大夏的观众都在担忧之时，其余国家的人却是幸灾乐祸起来。尤其是之前在秦政突破后，遭到了海啸袭击的樱花国，忍不住在直播间里面发着各种庆祝的弹幕。如果能让他们看到大秦帝国的人出现伤亡，这无疑能出一口恶气。如今的金狮阁当中，他们的方向确实就是虫族裂缝所在的战区。大统领，这可怎么办？如果发生了冲突，我们出手肯定帮不上太大的忙。 大统领，要不要用无人机喊话提醒他们？一众高层相继开口，脸上满是担忧。毕竟大秦帝国的人对大夏而言是老祖宗，更是让他们有了机会修仙。如果让人家遭遇了什么不测，那可不是件好事。但大统领却摇了摇头，一脸凝重道：“来不及了啊！”众人闻言，再次看向直播间呈现的画面，猛地瞪大了眼睛。只见从大秦帝国来的那一行人，已经抵达了被封锁的虫族裂缝战区。那么短暂的功夫。 他们就已经到达，这个速度简直不要太过恐怖。最让大统领等人疑惑的，则是直播画面中魏忠贤等人的身份。从他们的行为举止、说话的语气以及服饰上来看，这些人都是太监。他们面面相觑，一头雾水。大秦帝国，又或者说秦皇派这些太监来干什么？众人中，一般古代的太监，大多数传旨之用。莫非有秦皇旨意要对大夏下达？已经被接到京城的余力群缓缓走了出来，看着直播画面。 一脸郑重的开口。闻言，秦皇旨意，大统领等人猛地一惊，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如果真是这样，那会是怎样的旨意？秦皇，那位带着大秦举国飞升的无上存在，有什么话要对大夏说呢？而就在众人的猜疑中，快看！有人惊呼了一声。在场所有人，包括直播间的弹幕都少了许多。只见画面当中的一行人停在了虫族裂缝战区，并且正在朝着裂缝通道靠近。为首的太监，头上戴着一朵朵茉莉花。 每迈出一步就像是挪移一般，这是怎样的荒芜之地？他微微皱眉，甚至都没有正眼去看裂缝通道，嘴里喃喃道：“祖星就这么不堪吗？如此贫瘠的土地，后人究竟是什么生活在这里的？”这番话已经落下，在其身后的几名小太监也都露出了鄙夷之色，嫌弃都已经写在了脸上，似乎他们没有察觉到不对，反而给出了极为嫌弃的评价。听着这一番话，直播间瞬间又沸腾了起来，而在会议室中的大统领等人，则是听得一愣一愣的。 荒芜之地，不堪。他们眨着眼，张了张嘴，这是怎样的评价？在他们看来，蓝星的各方面都不差，结果落在大秦帝国之人的眼中，却成为了荒芜之地。那么，大秦帝国究竟是什么样子？这一下子，让在场的众人内心对于大秦帝国更加的好奇起来。可突然，轰咔！一道巨响从直播中传来，刹那间，在场所有人，包括直播间里的无数观众，都安静了下来，死死地看着画面。 只见虫族裂缝通道的另一头，仿佛感应到大秦帝国一行人得到了，整个裂缝不断发出轰鸣、巨响声，陆续传出，且越发的清晰。砰砰砰，一连串的炸响回荡在所有人的耳边，裂缝通道的颤动越发猛烈，并且还能听到阵阵震耳欲聋怒吼声。明显，大秦帝国那些人进入了被封锁的战区，被裂缝通道当中虫族发现，如今要再次降临。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无数人感到心惊。至于大夏方面。 则是更加的担忧，完了，他们果然引起了虫族的注意，要遭殃。整个直播间的弹幕再次沸腾，担忧、幸灾乐祸等言论源源不断。吼、哦！与整个蓝星都在关注之时，魏忠贤等人不远处巨大的裂缝通道中传来了阵阵巨响与怒吼。不仅如此，一股股气从通道中蔓延而出。听到如此动静，大人，与这个裂缝通道相连的那个世界的存在，似乎盯上我们了。一名小太监脸色不变，只是轻声的说了一句。 此话一出，其余的小太监顿时眼睛眯起，眼眸当中透露着寒芒，做出了一副随时要出手的准备。魏忠贤则是没有丝毫在意，直勾勾地盯着裂缝中，倒是有些意思。他嘀咕了一句，清秀的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意。祖星无疑是一个等级较低的星球，入侵祖星的那些异族又能强大到哪去？在众人的目光中，吼、哦、一声更为清晰的怒吼声从裂缝通道中传出，下一秒则是有一道庞大的身影降临在数十米高的虚空上。 仔细看去，那是一只头上长着犄角、浑身像是覆盖了一层黄金般的圣甲虫的庞然大物。它的一双眼睛散发着猩红之芒，足以让普通人与之对视不寒而栗。翅膀扇动之下，竟掀起了风暴。就在这头庞然大物出现的瞬间，整个裂缝的颤动越发猛烈，嗡鸣声回荡在地。越来越多的巨大身影通过裂缝降临，这是一个数量庞大的虫族。几乎转瞬之间，在场的异虫就占据了一方天地，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 为首的就是最先出现的那一具巨大的金甲巨虫，像是披着铠甲，仔细看去，还能看到密密麻麻的纹路，给人一种拥有坚不可摧的感觉。吼、哦！他的一双通红的眼眸盯着魏忠贤等人，巨大锋利的口气散发着森然寒寒光，发出了一声充满警告的吼叫。在其身后，遮天蔽日、通体暗金的一重军团齐齐发出吼叫，让天地颤抖。这股力量足以让蓝星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也正是这一幕。 让整个直播间的无数观众傻眼了，这这么多，数百只这样的一虫，上次只有十几只就让各国联合起来的军队损失惨重，这次还有那只浑身金色的大家伙，要是大秦帝国的人应付不了，蓝星不是得遭殃？笑死了，之前你们不是还幸灾乐祸吗？现在继续啊？怎么不继续了？卧槽，那些太监看起来一个个那么瘦弱，他们该不会要全军覆没吧？强烈的危机感在所有人的心中升起，陷入了恐慌当中。 这么庞大的异虫军团，哪怕蓝星各国的主力出动，都无法在短时间内将其解决。而且，能不能解决还是另外一说。那些来自大秦帝国的太监，那就危险了。要是他们覆灭，随之而来的，则是蓝星要面对巨大的危机。然而，在整个蓝星都惶恐之际，蝼蚁再多，终究是蝼蚁。魏忠贤掩嘴一笑，指着天幕上方密密麻麻、遮掩天地的一重大军，悠悠道：“给咱家灭了他们。”闻言。 在他身后，小太监纷纷点头。尽管身体瘦弱，可脸上却没有半点惧色。大人的路，岂是你们能挡的？放肆！一群不起眼的蝼蚁，找死！他们相继开口，紧接着举起了手中的各式武器。在他们身上，更有惊人的气息蔓延而出。一名小太监手握神似 RPG 的武器，随着启动，天地轰鸣，天幕之上更是有无数的雷云汇聚，且降下一道道触目惊心的恐怖雷霆。 而这些雷霆全部被他手中的武器所吸收，紧接着，有毁灭之力蔓延而出。下一瞬，一道巨大、璀璨的暗紫色光束朝着虚空上的一虫大军喷涌而出，所过之处，空间都被撕裂。凡是被滔天的毁灭光束触及的一虫，皆是发出惨叫，化作飞灰。光束横扫，惨叫不绝于耳，大片的一虫荡然无存。同样的，手持重枪的小太监扣动了扳机，天地仿佛都寂静了下来，八方有着无数的光点汇聚。 轰！巨响传出，一个蕴含了天地之力，使空间坍缩的子弹射出。眨眼间，十几只异虫在这颗具备恐怖穿透力的子弹之下灰飞烟灭。在各种各样超越了蓝星人类认知、超越了蓝星当前最顶尖科技的武器之下，异虫大军伤亡惨重。而这，也只是过去了几个呼吸的时间。可这样的举动，吼、哦，却是让那尊体型最为巨大的异虫皇发出了愤怒的咆哮。随着翅膀的震动，一道道金色的利刃,刃刹那飞出。 即便是空气，都被切割开来，恐怕连混凝土这样的坚固材质，都要被轻松切割。但魏忠贤摘下了头上的一朵茉莉花，不紧不慢地嗅了嗅，兰花指信手拈来，区区蝼蚁也妄敢对咱家动手，不是找死吗？还在说话，他全然无视了那些金色利刃，砰砰砰！可就在那些可怕利刃不足一丈时，却接连崩溃，似乎有着一层无形的屏障，让他们撞得粉碎。巨大的异虫皇见状。 一双有着灵性的眼眸露出了震惊之色，似乎完全没想到引以为傲的攻击能被轻松化解。魏忠贤甚至都没有正眼去看，只是缓缓抬手弹出一指，咔嚓，清脆的声音传出，空间寸寸炸裂，一股恐怖之力让天地震动，直奔一虫皇而去。所过之处，一只只异虫化作齑粉，甚至发出惨叫的机会都被剥夺。甚至，噗，一虫皇随之发出一声惨叫，身体连连道。 身上溅起了一抹触目惊心的血花，仅是一击，就让他身上生机在流逝，气息变得萎靡下来。而这一幕也直接让异虫大军变得阵脚大乱。还没等一重皇有什么反应，阻碍咱家传陛下旨意，死！魏忠贤把茉莉花重新带回头上，拍了拍手，淡淡开口，似乎已经没有了要动手的意思。可下一秒，轰隆隆，整片天地黯然失色，八方的空间似在崩裂，一股无上的威压轰然而下，异象绽放。 雷霆奔涌，暗无天日景象之下，一重大军接连死亡。即便最为强大的一重皇，在此刻眼中都露出了浓浓的恐惧之色，正在止不住的颤抖，疯狂的挣扎。可他却被恐怖的威压死死镇住，无处可逃。砰！随着一声炸响，一重皇的身躯炸开一大片，露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大片血肉。砰！砰！又是一连串的炸响，一重皇的身体不断的爆裂开来。 一声声惨叫回荡在天地间，令人不寒而栗。可面对这样的情况，魏忠贤只是低头把玩着细长透亮的指甲，根本就没有多看一眼。而他，哪怕只是一句话，就像是言出法随。片刻之后，异象开始消散，持续了许久的惨叫声也戛然而止。此时，异虫大军早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了遍地的残肢碎块。至于异虫皇，早已死的不能再死，甚至连渣都没有剩下，被雷霆轰得粉碎。 做完了这一切，这个战区碍了咱家的眼。魏忠贤优雅的拍了拍手，指了指前方不远的裂缝通道。闻言，大人放心，小的们这就去荡平这个所谓的异域。小太监们一个个变得异常亢奋，直奔通道而去，眨眼就消失不见。而在片刻后，胆敢阻碍大人传陛下旨意，尔等找死，杀无赦！一道道声音从其中传出，随之而来的则是阵阵凄厉的惨叫，整个裂缝不停的颤动，轰鸣不断。 周围的天地电闪雷鸣，异象再次呈现，天幕上竟有血云密布。可裂缝通道传出来的动静没能持续太久，就停了下来。不多时，几名小太监毫发无损，风轻云淡的折返回来。大人，通道的另一端只是一个小世界，其中先前那些异虫的足地已被我等荡平，无一活口。一名小太监汇报了情况。闻言，小世界吗？魏忠贤嘀咕了一句，随后抬手一挥，瞬间恐怖之力融入裂缝通道。 滔天的轰鸣声再次传出，肉眼可见，整个裂缝竟在此刻开始了大面积的崩溃，最终彻底消失不见。做完这一切后，走，魏忠贤招呼了一句，腾空而起，闲庭信步的朝着大夏继续挪移。几个小太监相视一眼，连忙跟上。而距离大夏最近且危险程度被列为红色的虫族战区，当下风平浪静，所谓的裂缝通道已然被抹去。而魏忠贤所做之事，早已然在直播间掀起了轩然大波。 大夏附近的虫族战区被被抹去了。那几个大秦帝国的人，就这么一会的功夫，把异虫大军全部覆灭不说，还前往了那些异虫所在的世界，把那个世界给毁灭了。之前他们说那些异虫所在的世界只是一个小世界，一个小世界就有那么恐怖的异虫，要是大世界，又会出现怎样的恐怖存在？好恐怖的家伙，看起来弱不禁风，可他们任何一个都拥有那么可怕的实力。他们手上的武器到底怎么来的？这些大秦帝国的人不是古人，为什么手里？ 会拥有科技武器，那些武器的层次完全超越了大夏目前所拥有的科技。难道这是大秦帝国在其余世界缴获的战利品？好强大的科技力量！卧槽，这些太监是来传旨的，仅仅只是传旨太监都这么恐怖吗？仅仅只是一句话就把一重的皇杀了，这就是言出法随吗？大秦帝国到底有多恐怖啊？只是一个传旨的太监就有这种能力，那秦皇之前突破之后又有多强？西巴，我刚刚一定是在做梦，对不对？ 那些太监是来传旨的，那那是不是说秦皇要降临了？各国的观众议论不绝，早已被之前所看到的画面震得头皮发麻、毛骨悚然。无论是对大秦帝国的人手中武器，亦或者魏忠贤所展现出来的恐怖实力，与裂缝通道另一端的世界被毁灭，任意一样都足以让人心头狂震。从始至终，整件事情发生到结束还不到十几分钟，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虫族的裂缝通道不复存在。 至于裂缝另一端的虫族，更是遭受了灭顶之灾。这一切，只是寥寥几人就做到了。至于大夏方面，无数的国人目瞪口呆，完全没想到大秦帝国的太监都能如此恐怖。要知道，那个虫族裂缝，就算出动了整个蓝星的力量，才只是暂时让其放弃了入侵的念头，可对方却直接将其灭掉了。各国得知大秦的人此次前来，就是为了传达秦皇的旨意，一瞬间，蓝星各国陷入了极度的紧张与害怕当中。毕竟，除了大夏之外， 他们都知道了自己的另一层身份，那就是在大秦帝国的人眼中，他们就是蛮夷，就是异族。仅仅只是一个传旨的太监就已经那么恐怖，如果是统领着整个大秦帝国的秦皇，又该是怎样的害人程度？不敢想，根本不敢想。但也正在此时，大人，蒙恬将军给的坐标就是这里。他说这里叫做京城。拿着星盘的小太监看着已经到达了目的地，恭敬开口。闻言，魏忠贤点了点头，缓缓下降。而他们所抵达的地点。 正是金师阁，眼看着魏忠贤等已经到来，快，快跟我下去！金师阁内部，大统领一脸紧张，赶忙起身就朝着会议室外跑了出去。在场的其他高层同样不敢怠慢，紧随其后。众人当中，于立群尽管脸上的震惊还在，可心里却不停的揣测起来。很快，大统领率着众人抵达了楼下，脸上洋溢着热情的笑容，可依旧无法掩饰之前所受到的惊吓。见过大人，他看着头上戴着茉莉花，一举一动尽是优雅。 气场强大的魏忠贤，又连忙转头看向秘书道：“快，快去联系京城最好的酒店，我要好好招待这位大人远道而来。这位大人覆灭了大夏附近的那个虫族，可谓是解了大夏目前最大的隐患，万分感谢。”大统领脸上带着笑容，热情道：“如果大人不嫌弃，不如我们一步。”身后，一众高层连连点头，表达了欢迎，同时心里面，他们无比好奇对方到底要传达秦皇的什么旨意。由于直播还在继续。 所有的人对于这一次看到的大秦帝国来人，内心充满了敬畏。实在是看先前看到的画面，太过恐怖。明明这些人看起来瘦弱，可举手投足间，依旧能够造成天地震动，随意就能毁灭一方。然而，免了。魏忠贤看着跟前的大统领等人，摆了摆手，道：“祖星太过于贫瘠，如此荒芜的地方，又有什么好招待的？罢了吧，咱家就不为难你们了。”轻飘飘的话语，让大统领等人脸色一变，一时间。 他们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是直播间内，啊，太过贫瘠，蓝星甚至在他们嘴里就是块荒地，没有好招待的吗？不是，这些家伙未免也有太看不起人了吧？他们来自古代，又怎么可能体验得到现代生活？不说别的，当今的食物总是他们没吃过的吧？啊，快看这些人，他们好像还很嫌弃。等等，好像有些不对啊！既然他们是两千多年前大秦的人，可为什么他们看到了高楼大厦？ 看到了车水马龙，却一点都不惊讶，好像还真是。如今出现在直播间里的弹幕，几乎全部都是来自大夏的观众，表达着心里的不满。在他们看来，这些大秦帝国的太监，明显就是有些看不起蓝星，看不起大夏了。而且对方的态度是赤果果的嫌弃，让人看着就很不舒服。可是，在诸多的弹幕当中，有不少的观众看出了这些来自大秦帝国的人，明显没有对现代的建筑、物品等等过多的差异，甚至看不到半点好奇的地方。 尤其是之前蒙恬将军也是一样，问都不带问的。不仅直播间的观众察觉到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大统领等人自然也察觉到了这一点，心里面的疑惑更多了。这样的举动很难让人相信对方是古人，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啥情况？大统领咽了咽口水，略微有些紧张的询问道：“我是大夏的大统领，不知秦皇有何旨意需要大人传达？”陛下旨意，魏忠贤大声说了一句。闻言，大统领等人顿时安静了下来，神色变得无比认真。 眼看着大统领等人没有行礼，魏忠贤眉头皱了皱。陛下特赐兰心各国，可前往大秦面圣，倒没有计较太多。可宣读了旨意，众人还是愣头愣脑的，让他呵斥道：“还不快谢恩！谢秦皇圣恩！”大统领等人被这道声音喝得心头震动，赶忙开口。秦皇的旨意，则是给大夏、给其他国家的人前往大秦帝国面圣的机会。这、这顿时就让在场的大统领等人口干舌燥，甚至不敢相信，他们。 有机会前往大秦帝国，一睹大秦帝国的真实面貌，一睹秦皇的风采了。那这样一来，岂不是还有跟诸多古人交流的机会？光是想想，众人就振奋不已。只不过，秦皇却同样把这样的机会给了其他国家的人。别的国家不是蛮夷吗？为什么还要给外国人面圣的机会？就在大统领等人以及无数的大夏国人震惊疑惑时，面圣，我们，我们居然也可以前往大秦帝国！哟西，太好了，太好了！谢秦皇圣恩！ 还以为泡菜国没有机会了，没想到秦皇是这么盛名，这岂不是说泡菜国可以借助这次面试的机会，去请求修仙的资格、hey、？man，自由国一定要争取到这样的机会，否则的话，那么自由国的高层就等着枪战每一天吧！太好了，大秦帝国究竟是什么样子？我已经迫不及待。直播间里，各个国家的人早已经沸腾了起来，狂喜不已的刷着弹幕，疯狂的议论。他们做梦也没想，除了大夏之外。 其他的国家同样能够前往大秦帝国，这种机会，无疑是千载难逢。毕竟亲眼见到了大夏修仙成功，而且就要开启全民修仙，这让他们无比期待能够得到大秦帝国的帮助，让他们一样能够修仙。整个直播间彻底炸裂，弹幕与人数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而此时，大统领眼中的疑惑更多：这位大人，难道不该只是大夏前往就可以了吗？你是在怀疑咱家宣读的圣旨有误？当当然不是。 只不过不太理解秦皇为何要给其他国家之人这种机会，而我们要是前往大秦帝国，该注意些什么？打住！陛下的心思岂能妄图揣测？魏忠贤眯起了眼睛，淡然道：“至于注意什么，没什么好注意的，就是正常的面上。日子，你们来定。到时通过裂缝通道进入大秦帝国即可。届时会有人接你们的。”说完之后，他没有再去多说什么，同时压根就不想停留太久。祖星的人不懂礼数，这一点。 魏忠贤从一开始就没有太过计较，毕竟大夏乃是大秦的后人，能让陛下注意，自己可不能犯浑。于是，一转身，他的身影刹那就出现在了天际之外，在场的一个个小太监紧随其后，只是眨眼的功夫，他们已然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当中。可在直播间的画面里，这种蝼蚁一般存在的小世界，竟然也能给祖星带来威胁。魏忠贤彻底离开之前，抵达了另一处大夏海域外的裂缝通道，满是嫌弃的说道：“祖星真是太弱了，连这种低等蝼蚁。” 都无法解决，罢了。略显失望，摇头之后，他直接一掌拍出。顷刻间，裂缝通道传出了阵阵凄厉、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与先前一样，封锁战区内的裂缝通道接连崩溃，随后直接被毁灭。做完这一切，魏忠贤才带着人回到了降临蓝星的裂缝通道，一步迈出，随后消失不见。魏忠贤的随手之举，又再次让本就沸腾的直播间陷入了前所未有惊骇当中。一个来自大秦帝国的传旨太监。 却拥有着那么恐怖的手段，言行举止当中都充满了自信，这尤其让大夏的人看得目瞪口呆，头皮炸裂。史书中各朝各代的太监，有哪一个像他那样的？这种该不会是位高权重的权宦吧？大秦有哪一位太监？等等，他该不会是赵高吧？不对啊，赵高不应该是这种形象。而且如果真是赵高，大秦帝国究竟是怎样一番景象？哈哈，秦皇居然给了我们面圣的机会，大夏人。 这就代表着我们之后也可以成为你们的道友。直播间中，大夏的观众只不过对魏忠贤的身份猜测起来，一阵议论；而其他国家观众却在看到又一个异族通道被毁灭之后，内心狂喜不已。这又再一次刷新了他们对修仙者的认知，拥有面圣的机会。无数其余国家的观众早已开始了庆祝。这一次，大秦帝国的传旨太监无疑是给他们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好消息。对于直播间的沸腾，秦皇给了蓝星各国前往大秦帝国面圣的机会，这是要干什么？ 大统领陷入思索之中，最后只能苦笑摇头。面对秦皇这样的决定，他猜不到，也不想再去揣测。看向身后激动不已的众人，于教授，你身为大夏历史领域的领军人物，那么这次就由你与洛山河，再加上副统领一同前往。同时，我会让人准备面圣的礼物，以最高的规格前去拜见。大统领安排了前往大秦帝国面圣的人选，神色上的激动根本无法掩饰。而得到点名，于立群，副统领。 洛山河神色郑重地点起头来，内心满怀期待。这一次面试无疑是今人与古人的会面，哪怕光是想想，他们心中的激动就更多，无法平静下来。通过这一次面试，大夏绝对能够了解到更多关于大秦帝国的信息。换一个说法，那就是去了解到这个来自两千多年前，还能延续至今的无上帝国，以及那一位秦皇。Good，good，oh yeah，这太好了！大秦帝国那边给了我们面圣的机会，自由国的机会来了。 绝佳的好机会啊！既然没有办法通过大夏请求到修仙的资格，那这次拜见秦皇，我们一定要好好表现，不能出现半点差错，争取到秦皇的赏识。放眼整个蓝星，自由国是绝对的强者，在没有异族入侵之前，自由国就是蓝星的霸主。这一层身份，想必能够得到秦皇的认可。毕竟我们身为蛮夷，却能够压着他的后人一头，绝对要得到修仙的功法。一众自由国的高层在听到可以前往大秦帝国面圣之后，狂喜高呼，完全停不下来。 这让他们看到了修仙的希望。自由国众多方面要比大夏更为出色，尤其是科技。古代的人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科技。这次要是能够带上自由国的科技核心前去拜见，一定能得到秦皇的赞赏，从而获取修仙功法。约翰听着众人的欢呼，同样起身拍手叫好，呼吸急促的说道：“杰西，到时候你带几个人一起过去，带上几样自由国的技术核心献给秦皇，趁机说出我们的请求。只要能够修仙，自由国依旧是蓝星最强。”说着这句话。 他的眼中充满了憧憬。大夏能够修仙又怎样？现在，自由国的机会来了。就算自由国修仙晚一点，他也有绝对的信心能够超越大夏。得到了任命的副统领杰西闻言，郑重道：“统领放心，届时过去，我一定会好好表现，不会让您失望。”好，好！约翰止不住的大笑起来，眼眸当中透露着前所未有的欣喜。既然秦皇赐给兰星各国面圣的机会，他们就必须要抓住这次机会，一举获得秦皇的认可，修仙的资格。 只有这样，之后再面对入侵，自由国就有了底气。而修仙早已让他渴望依旧，如今巴不得能够尽快商议好前往大秦帝国的日子。没有任何犹豫，约翰立马交代联系各国的统领，线上约谈。不多时，一个网上秘密会议已然展开，各国的统领全部进入了房间当中。此时果然与我们想的一样，大秦帝国就是泡菜国的老祖宗。泡菜国的统领第一句话就让会议室的气氛变得微妙起来，止不住的哈哈大笑。 能有机会前往大秦帝国，这让他做梦都要笑醒。本以为泡菜国与修仙已然没有机会，可没想到机会来了。但是，面对朴无力的话，你放屁！景田赤石沉着脸大骂道：“你们泡菜国的人除了偷就是申遗，大秦帝国跟你们有什么关系？那明明就是樱花国的老祖宗。我们有正史可以证明，樱花国历史上的祖先徐福就是从大秦走出的人，这是事实。所以说，大秦帝国不仅是大夏人的老祖宗。” 还是樱花国的老祖宗，唯独跟你泡菜国没有半点关系。说出了这番话，他得意洋洋地哼起了小曲。会议还没开始，泡菜国跟樱花国就已经开始争执起来。至于其他国家的统领，神色各异，可全部都掩饰不住脸上的激动。此时，大统领听着其他人的争论，没有在意，反而一心都在想着这一次前往大秦帝国究竟能够了解多少。大秦帝国，他心里面喃喃着，眼眸不停闪烁。其他国家说的没有错。 这对于那些国家来说同样是一个机会，毕竟谁也不知道秦皇的心思。但大夏同样不能错过这次机会，一定要好好把握。所以之前就已经展开了周密的细谈。在众人的议论当中，司道破，身为自由国统领的约翰喊了一声，随后一脸严肃道：“不相关的话题就不要说了，要吵等之后再吵。现在最重要的是定好前往大秦帝国的时间。”在经过各国统领的一致表决下，最终决定三天后前往大秦帝国。而这一夜。 整个蓝星的人类注定会激动到睡不着。修仙这个词汇，以及之前所看到的各种匪夷所思的画面，浮现在无数人的脑海中，令人心驰神往，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三天之后，太平洋裂缝通道外，各国被任命前往大秦帝国的人如约而至。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见到真正的大秦帝国了。妖姬，这一次，不管怎么样，我们樱花国都要在秦皇那里求到修仙的功法。说不定有名额限制，但泡菜国一定会有一个名额。 法克尔都不准跟我们自由国抢。论实力，你们就是儿子。那可是修仙功法呀！大夏帝朋友希望到时候你们能够替毛熊国说几句好话。乌拉！各国的副统领亦或者外交官神采奕奕，止不住的望着裂缝通道议论起来。在他们眼中，充满了强烈的渴望。对于修仙功法，他们早在之前大夏开始修仙的时候就梦寐以求。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前往大秦帝国，他们当然希望能够带回修仙功法，让自己的国家像大夏一样。 进行全民修仙，可即便激动不已，此刻众人的心情却都是紧张、忐忑。毕竟谁也不知道这一趟前去大秦帝国会发生什么，又或者秦皇会对他们做些什么。也正在裂缝通道，各国之人已经准备就绪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见到真正的大秦帝国了。延续了两千年之久的大秦帝国，如今到底身在何方，又有多么强大？相比于这些，我还是比较好奇秦皇。也不知道自由国能不能成功得到修仙功法。我真的好想修仙。 要不是身份上的限制，我真想加入大夏，成为一名大夏人。也不知道大秦帝国是什么样子，来自两千多年前的王朝，如今想必早就已经称霸多方宇宙了吧？切，既然是大夏古时候就存在的朝代，修仙果然厉害。可他们除了修仙，肯定还是延续着古代人的生活，根本就不懂科技。这说的倒也是，说不定我们自由国可以凭借着蓝星的顶尖科技去跟大秦互换，从而得到修仙功法。仔细想想，好像真是这么个道理。 古代就存在的大秦帝国，就算之前他们有那些武器，想来也是攻伐其他宇宙缴获的。用蓝星的现代科技去跟他们换修仙功法，想必他们会很乐意。那这样一来，我们自由国岂不是想换多少就换多少？Good，Good。Good. Good. 在大夏观众对充满神秘的大秦帝国议论之时，其他国家的观众则是头头是道的分析了起来。在他们看来，古代人就是古代人，而且之前所看到的那些大秦帝国的人，修仙固然使他们变得恐怖。 可是不懂科技，那完全可以利用自己国家的科技去跟大秦帝国互换，彼此满足需求，无疑是双赢的局面。在这样的猜测与分析之下，直播间变得更加沸腾，甚至各国之间更是互相攀比起了彼此的科技力量。等到各国的人全部抵达之后，既然已经到齐了，那么出发吧！大夏这边，副统领一脸认真的说道。闻言，你们先进。说的对，大夏既然身为大秦帝国的后人，那么面对这神秘的裂缝通道。 你们当然要身先土卒，就算遇到大秦帝国的人，你们能更好的沟通。其余国家的人一动不动，而是相继开口。听到这番话，出发。副统领冷哼了一声，没有去争论什么，而是下达了命令。瞬间，大夏众人所乘坐的战机发动了引擎，朝着裂缝通道靠近。在所有人的目光中，成功进入了裂缝当中。其他国家的人见状，没有任何犹豫，紧随其后。数十个国家全部进入了裂缝中。当然。 负责直播的无人机同样跟了进去，可在进入通道的那一刻，天呐，好神奇！所有人睁大了眼睛，满脸难以置信，因为映入眼帘的，则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巨大通道，准确来说，像是一方世界。各国的战机穿梭其中，看到了琳琅满目的星辰，以及浩瀚无边的广阔宇宙，一颗颗前所未见的巨大星球，各种陨石数之不尽，让众人看得眼花缭乱，内心的震撼不断起伏。每个人都很清楚，自从进入通道的那一刻。 就已经离开了蓝星，进入了一个未知的宇宙当中。如此惊人的手段，让他不敢想象。修仙真的就是无所不能。而且在进入通道之后，所有人都能感受得到战机的速度似乎达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外面的景象接连变化，应接不暇。还没等他们从愣神中回过神来，一道璀璨的亮光让他们几乎睁不开眼。等再次睁眼时，四各国的代表以及直播间的无数观众皆是倒吸了一口凉气。此时映入眼帘的。 则是一片漫无边际的平原，荒凉的气息弥漫，却能看到各种鸿蒙之光，感受到一股股奇异的波动。身处陌生的宇宙当中，让他们皆是好奇的观望起来。可是下一秒，任何人都瞪大了眼睛，只见在他们的四面八方，一座座坚固的空中堡垒映入眼帘。不仅如此，更能看到密密麻麻的大秦将土于虚空中踏步巡逻。所有人呼吸急促，口干舌燥，陷入了巨大的轰动当中。突然，谁人敢闯大秦第九星域防线？ 一道厉喝传来，猛然传出的动静让众人被吓得脸色一变，猛地打颤。恐怖的狂风席卷而来，让一座座战机出现不稳，设备故障。随后，在众人注视下，一只身披血色铁甲的疆土，如同一道道血光迅速临近，铺天盖地的煞气迎面来，让还在战机中的人内心滋生了恐惧。他们并不怀疑，这些人哪怕只是稍微动动手，就能让所有人片甲不留。可在看到属于代表着大秦的黑龙旗帜之后，不要误会，我们。 我们是秦皇陛下旨意前来拜见，没有恶意。于立群当机立断的高呼一句，眼看就要动手的大秦将土闻言，团团将各国的战机围了起来。祖星的人为首的前锋沈氏见到于立群点头，随后冷声道：“既然如此，而等下来吧。”蒙将军稍后便道：“在此之后就是。”咕噜，大夏以及其他国家的代表走下了战机，看到周围浩大的景象，止不住咽起了口水。这些大秦帝国的疆土，哪怕只是站在他们跟前。 就给到了极大的压迫，同时，他们完全没想到，这些人居然就这么生活在宇宙星空之中。本来各国之人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宇航服，可现在却震惊的发现用不上，甚至在这星空中还能够呼吸，还存在着氧气，甚至呼吸起来让人都能够感觉得到浑身舒畅。在所有人紧张的等待了片刻之后，那那是什么啊？一名自由国的外交官突然瞪大了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前方，身体颤抖了起来。闻言，众人顺着方向看去。 齐刷刷瞪大了眼睛！天呐，那，那该不会是生活在这片宇宙中恐怖怪物吧？怎么办？要是待会发生战斗，我们岂不是要完蛋？不对，那，那个好像不是怪物，而是，而是类似于战舰一样的存在。快看那上面，那些都是大秦的疆土。嗯，好像最前方的那个人是蒙恬将军。嘶，他们看到了一座几乎遮掩了视线、巨大无比的恐怖存在，正在朝着这里缓缓驶来。阵阵犹如猛兽一样的怒吼。 竟然只是引擎的声音，而随着临近，在场众人的眼中震惊更多，身体的颤抖也越发猛烈，因为那竟是一艘要比行星还要庞大的恐怖战舰，越来越近，众人的呼吸已然变得急促，感受到了强烈的压迫，正在大口的喘着粗气。在上面，他们看到了为首的蒙恬，看到了密密麻麻的大秦铁骑，弥漫着肃杀，让周围的温度都变得冰冷下来。这些大秦的疆土，虎视眈眈，浑身弥漫着摄人心魄的恐怖杀意。 尤其正在不断飘舞的一面巨大黑龙旗帜，给人一种则是一条真龙在遨游、盘踞。这艘浩瀚战舰通体暗红，可仔细看去，竟完全不是它原有的颜色，而是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大战，沾染了多少鲜血所造成。狂风呼啸，血腥味扑鼻而来，这让于立群、副统领以及各国之人为之胆寒，瞳孔收缩，脸色随之苍白下来。好好恐怖，他们头皮炸裂，难以相信当下看到的一幕。 哪怕只是一艘战舰，却占据了如此惊人的面积，堪比恒星大小，让人冷汗连连。而先前沸腾的直播间，如今看不到任何一条弹幕，明显无数观看直播的人早已经被吓傻了眼。直至战舰靠近，众人下意识的抬头仰望，清晰看到了上面各种神秘的纹路，隐约间还能够看到淡淡的血芒闪烁。仅仅只是气场，就让他们无法回过神来。看到蓝星众人有被吓到的模样，这些人来自祖星，其中还有我们大秦的后人。 先前的巡逻小队，一个个疆土皱眉，眼中露出鄙夷之色。很明显，在他们看来，这些人的胆子实在太小，而且乘坐的是些什么不起眼的玩意。祖星的后人发展的这么没落吗？就在他们的疑惑当中，轰隆隆，遮掩了视线的战舰放下了舷梯，巨响声轰鸣。蒙恬在上方看着被吓傻的众人，喝道：“你们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上来！”被一语惊醒，所有人反应过来，猛地打了个寒战。 不敢怠慢，相继登上了舷梯。可即便如此，他们的脸上依旧是一片茫然。这么短的时间，自己居然看到了那么多恐怖的画面。那真正的大秦帝国得有多吓人？整个直播间掀起了无法扑灭浪潮。那是个什么玩意儿？战舰吗？可我怎么看起来，这大家伙就是一头宇宙级别的恐怖怪物。好多没有见过的武器。最可怕的还是那上面还有一门光是看着就让人胆寒大炮。这应该是大秦最顶尖的战舰了吧？看起来不对啊。 就算他们修仙，可是这艘战舰看起来含有不少科技元素，这到底是从什么维度中的宇宙掠夺的？我们很快就能了解到大秦帝国了，真不知道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大秦帝国，究竟有着多少是大夏所不知晓的。西巴呀，大秦帝国用这么大的玩意接人，我没看错吧？这到底是大秦帝国自产的，还是从别的宇宙中掠夺的？如果他们能攻打其他维度的宇宙，那我们蓝星的科技，那位秦皇看得上吗？此刻的直播间已然炸开了锅。 看到比行星还要庞大的战舰出现，直接傻眼。而在震惊中，漫天的弹幕层出不穷。没有人能想到，大秦帝国修仙不假，可他们却想不到大秦帝国还存在着那么恐怖的科技化产物。当然，没有人相信古代人能生产出科技物品，最有可能的就是通过其他宇宙掠夺。可即便如此，无数的蓝星人类依旧被吓得不轻，难以相信当前看着匪夷所思的画面。第九星域防线，于立群。 副统领以及其余国家的代表已经登上了让他们震撼不止的战舰。四<死>，可刚上来，他们却对看到的一幕深深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在这艘比之行星还大的战舰上，竟存在着望眼无际的大秦铁血军队以及充满了肃杀之意的大秦铁骑。粗略估算，至少都有十万之多。其他国家派遣而来面圣的代表，看得头皮发麻，一脸懵逼的愣在了原地。相较于他们，大夏方面要好上不少。由于之前就已经跟蒙恬接触过。 蒙恬将军，这这艘类似于战舰一样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傅统领忍不住收回满是震惊的目光，艰难的询问了一句。闻言，蒙恬鄙夷的扫视了一眼其他国家的代表，随后目光望向副统领，淡淡道：“这乃是大秦帝国的初代黑龙号空天母舰，没见过吧？”啊，空空天母舰！副统领等人听到回答，眼睛瞪得溜圆，懵逼的看着说的风轻云淡的蒙恬。大秦制造的空天母舰。 而且，这么恐怖的玩意用来接他们，其中的夸张，让在场的所有人张大嘴巴，说不出话来。看把你们吓的！蒙恬玩味的扫视着众人，轻笑道：“这不过是大秦帝国的初代空天母舰，已经处于淘汰的边缘。而比这艘‘黑龙号’更具攻击性、更大的空天母舰还有上千艘，这有什么的？你们所不知道的东西还很多，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现在先随我到皇都面见陛下。”说完之后，他便下令启程，瞬间。 阵阵犹如怒兽一样的咆哮响彻星空，八方震动下，黑龙号再次启程。而得到蒙恬的回答，从蓝星而来的众人又再次懵逼。我们看到的这艘空天母舰，只是快要被淘汰的。比这艘空天母舰更强的空天母舰，还有着上千艘。这这真是大秦帝国制造出来的！他们妈了，彻底妈了！来自大夏古代的大秦帝国，竟然拥有研发并且制造空天母舰的技术。要知道，目前的蓝星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制造出空天母舰。 更不要说，像这么巨大的空天母舰，本着怀疑的态度，在征求到蒙恬的同意之后，动力、涡轮引擎、反重力引擎，任何空天母舰所需要的条件，全都满足了。各国的顶尖科技人员在进行了一番勘察，满脸惊吓的说出了勘察的结果：任意一样不可缺失的硬性条件，他们身处的这艘“黑龙号”空天母舰，全部具备。当得知这个消息，在场众人再一次张大了嘴巴，陷入懵逼之中。而直播间内，什么还真是空天母舰？ 而且还是巨无霸版的空天母舰，卧槽！咱们的老祖宗掌握的科技技术居然要比我们还先进，而且能造出我们都还没办法造出的空天母舰，这尼玛也太恐怖了吧！修仙就算了，科技力量都达到了这么恐怖的地步，no，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一定是大秦帝国从其他宇宙抢夺到这艘空天母舰，为了不在你们大夏后人的面前丢脸，故意说是大秦帝国制造的，那个叫蒙恬的人完全就是在扯淡，西巴，他们忙着修仙。 又怎么可能有机会去摸索科技的道路？没错，如果大秦帝国真能制造出空天母舰，那为什么他们还是古代人的穿着？而且所谓的第九星域防线采取的还是古建筑的打造，根本就说不通。哼，我可以承认大秦帝国修仙是真实的，也很强，可要说他们掌握了那么先进的科技，我是不相信的。我也不信，他们不可能有这种科技水平。要是有，那我们还有什么东西能跟他们互换？一时间，弹幕纷纷。 各国的观众对于蒙恬的回答，先是震惊，之后就陷入了巨大的争议当中。大秦帝国有那么先进的科技水平，这让他们不敢相信，准确来说，根本就不相信。古人就是古人，修仙就算了，搞科技，这在他们看来简直就是扯淡。一艘就足够震撼，可对方却说那么可怕的空天母舰只是要被淘汰的那一类，还有上千艘更强的空天母舰，这谁信啊？黑龙号上，大秦帝国修仙可以理解，但他们不可能有那么先进的科技水平吧？ 如果非要解释，我感觉这应该是他们的战利品，还差不多。各国众人止不住的猜测，同样对蒙恬的话存在怀疑。除了脚下这艘空天母舰，他们在蒙恬等大秦帝国之人的身上，完全看不到任何一点现代化的痕迹，这就加深了他们的怀疑与猜测。但是蒙恬听到了身后众人的议论，没有去理会。突然，你们快看！众人当中有人惊呼了一声。于黑龙号迅速行驶在星空之际，他们目光看向了四周，瞳孔不约而同的收缩。 因为此刻，他们看到了前所未见、足够让人永生难忘的一幕。在四周的星空中，众人看到了一艘载着上百号大秦将土，以流光一般的速度消失在视线中。狰狞战车，一尊尊犹如巨人，通体弥漫着高科技气息，每一步都能让虚空震动的庞大机甲，以及一个足有数百艘可以进行光速飞行的惊人舰队。最令人头皮发麻的，还是一支可以开辟黑洞、不断于黑洞中穿梭的舰队。而看到的这些，任何一样都不是蓝星所具备的。 在场的所有人看得满脸震撼，身体止不住的打着哆嗦。那那些究竟是什么？l 大秦帝国真的具备这么高水平的科技？怎么会这样？哪怕是大夏的众人，也都目瞪口呆，难以相信所看到的画面。他们所乘坐的黑龙号空天母舰，仅仅只是其中之一，还有更多高科技产物，当下竟然随处可见。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于立群作为历史教授，一脸懵逼的看向了蒙恬，惊骇询问道：“蒙恬将军。” 之前你说的，全是真的。大秦，大秦除了修仙之外，在科技上的水平，也达到了这么恐怖的地步。这到底怎么回事？他问出了心中的无尽疑惑，眼中满是迫切，想要寻求答案。瞬间，在场所有人的目光落在了蒙恬身上，口干舌燥，惊骇不已。他们居然在大秦帝国领域，看到了足以令人疯狂的一幕幕画面。不只是修仙，大秦帝国还拥有着足以用恐怖来形容科技水准。看着一道道震惊不已的目光，怎么？ 还不肯相信吗？蒙恬戏谑地笑了笑，随后眼中满是崇拜道：“大秦帝国之所以能够发掘科技，这一切都是陛下的功劳，是陛下让我们知道，除了修仙之外，科技的力量也不容小觑。你们口中的科技，当下看到的，未曾看到的，皆是陛下开辟出来的科技大道。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对祖星所见、所闻没兴趣，也并不好奇了吗？因为大秦帝国的科技在各个方面早已经普及。” 且不是祖星所能比较的，自豪的解释了一番，他忍不住大笑起来。闻言，在场的蓝星众人彻底傻了眼，直播间变得诡异，已然看不到弹幕，无数人头皮炸裂，心神狂震，陷入震惊无法自拔。秦皇秦政不仅带领大秦帝国踏上了修仙之路，让大秦举国飞升，而且他还开辟了一条科技大道。如今大秦帝国的科技，足以对蓝星进行降维打击。黑龙号穿梭于一个个星域，时间不经意间流逝。 哪怕三天的时间过去，可无论直播间无数的蓝星观众，亦或者是正在黑龙号上的蓝星众人，却还是在震惊中无法自拔。只因在这一路上，他们看到了各种无法用语言定义的事与物。光是在黑龙号上，他们就亲眼见证了十几次空间跳跃，那种震撼如今还存在，无法抹去。不仅如此，光速跨越整个星域的瞬间穿梭，诸多黑科技，无法用言语来解释的速度，让他们当下的脸上写满了挥之不去的震撼，甚至绝大部分人。 还处于懵逼当中，嗡，又是一次跃迁，所有人只觉得眼前一晃，等再次睁开眼，他们已经不在浩瀚的宇宙当中，如今能够清晰看到下方的一座座山峦、城池等等存在。温暖的阳光洒落在黑龙号上，让所有人重重的松了一口气，可心中的震撼却未曾减少分毫，因为先前黑龙号使用了那么惊人的速度，整整三天的时间，眼下才抵达了大秦帝国盘踞的星球。大秦帝国的庞大再次冲击着他们的心神，蒙恬将军。 内城已经到达，有疆土前来汇报。闻言，蒙恬下令黑龙号降落，望向身后的众人说道：“先随我下去吧。”巨大的轰鸣声回荡，庞大的黑龙号降落在了一处放眼无际的平原之上。到了，所有人跟随蒙恬的脚步，终于落地。刚一抬头，又再次傻眼。这，他们眼中满是震撼。放眼看去，则是看到了一座巨大的城池，目光所及看不到尽头。而在城池中，还能看到一栋栋高楼，哪怕依旧是古代风格。 可他们却看出了这座巨大城市辉煌而繁盛，仅是一座城池就让人看不到尽头。不说整个大秦帝国，就这一座城池的面积就足以让人头皮发麻。而跟随着蒙恬入城，这这确定是古代人的生活水平吗？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在大秦帝国只是常态。大秦帝国真的掌握着碾压蓝星的科技，而且我们看不懂的遍地都是。这些普通百姓，竟竟然还有汽车开，还有会飞的小型飞船。 快看，前面还有一所，一所小学。我刚刚还看到了一所高中。大大秦帝国已经设置且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商业街、美食街，我我都看到了什么？再看到一幕幕繁荣热闹的景象映入眼帘，蓝星而来的一行人就像是山炮入城，时不时发出惊呼，让周围人投来了古怪目光。所看到的再次颠覆了他们对古代、对大秦历史的认知，强烈的视觉冲击早已让他们茫然无措，不知道该去说些什么。 而直播间内，弹幕无穷无尽，无数人在表达着内心的震撼。当下所看到的大秦帝国百姓的生活水平，无疑要远在蓝星之上。而且对大秦帝国科技还抱有怀疑的绝大部分人，彻底没了挑刺的心思。如今真正看到大秦土地上的情况之后，他们感到了无边无际的天堑，让人为之仰望。于立群艰难地咽了咽口水，看向前方，蒙恬，询问道：“蒙恬将军，这就是黄兜吗？”此刻的他早已大汗淋漓，因为直到现在。 大秦帝国所有的一切都与他所了解的不同，自以乃至是大夏了解到的大秦历史，恐怕真就是假的，或者说不存在。这让他感觉就像是在做梦，进入幻境，甚至猜想过是不是进入了所谓的幻术当中。闻言，当然不是。蒙恬摇了摇头，继续说道：“虽然这里是内城，但准确来说只是边疆之地。想要以最快的速度前往皇都，还有通过传送进行传送，是……什么？不仅是于立群呆若木鸡。” 其他人皆是瞪大了眼睛，当场石化。那么繁盛的城池，还不是皇城，并且这里只是边疆之地，什么鬼？一瞬间，众人只觉得天旋地转，彻底麻了。即便是直播间，也再次出现了弹幕全无的情况。搭乘着悬浮飞船，所有人都对黄都充满了好奇。这个城池那么宏伟、昌盛，却仅仅是抵达黄都前的边疆之地，那黄都又会是什么样子？一路上，其余国家的代表除了震惊还是震惊。 只有代表着大夏的副统领于立群等人在震惊中，压制不住心中的疑惑，询问起关于大秦帝国的一个又一个问题。对此，蒙恬没有觉得不耐烦，反而感到这些祖星的人类，大秦的后人还挺有趣。即便是我告诉你们的这些，也不过是大秦帝国的冰山一角。想要完全了解大秦帝国，这对于你们而言，起码现在是痴人说梦。他轻笑着说了一句，就不再多言。听到这番话，在场众人浑身一颤，神色再次茫然起来。 可一道令人毛骨悚然的低沉吼叫，却让他们猛然回过神，死死地盯着前方。紧接着，一尊尊血色皮肤、身躯诡异、其面目五官模糊的异族，竟从两旁出现。而他们脑袋后面，隐约间还能够看到一个光环。即便坐在飞船之上，可依旧能够感觉到这些异族所散发出的诡异。而此刻，这些异族拦在了前方。糟糕，是血魔族，是我们蓝星上的血魔族。该死，大秦居然也有！快快快！ 开枪！快开枪！蓝星众人头皮发麻，顿时变得惶恐起来。甚至自由国的人更是直接拔枪射击。血魔族是如今蓝星上万族入侵当中最为恐怖的种族之一，他们阴冷、狡诈、虐杀，不知道多少蓝星大军死在他们手上。也正是因为他们诡异的行踪总是飘渺不定，也让各国费尽了心思。可谁能想，在这儿居然也能遇到！哒哒哒。 密密麻麻的子弹不断的朝拦在前方可怕的血魔族射去，但对方却不躲不避，任由子弹落在身上。结果，那些子弹却对那些血魔族没达成半点伤害，甚至扭曲变形，如雨点般掉落。而此时，周围地面猛烈颤动，空间为之炸响，越来越多恐怖的血魔族陆续围了过来。看到这种情况，众人眼睛瞪大，艰难的咽了口口水。怎么办？那个蒙蒙恬将军，请你出手把这些血魔族斩杀。 一个个外国人被吓得脸色大变，连连惊呼着，浑身都止不住颤抖。他们可不想就这么有来无回，死在这蓝星根本就无法探索的异乡之外。谁让你们动手的？就在蓝星众人瑟瑟发抖之时，蒙恬猛然回头，深邃眼眸透露着怒意，呵斥道：“没有我的允许，你们好大的胆子！”这一番话犹如闷雷滚滚，瞬间对着那些恐怖血魔族开枪了的自由国跟樱花国脸色大变，身体越发颤抖。蒙。 蒙恬将军，我们这么做，只是在自卫。血魔族太可怕了，他们明显对我们有着太大威胁。我们，我们不是擅自攻击，而是在紧急避险。他们看着脸上带着怒意的蒙恬，内心无比紧张，语无伦次的解释了起来。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只不过是看到了危险，想要解决危险而已。可为什么这个大秦帝国的蒙恬反而训斥起他们来了？于立群看得一头雾水，这他并不明白蒙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 而且周围早已经被密密麻麻的可怕血魔族堵得水泄不通，他们已然陷入了包围圈。身为副统领的纪青山眉头微微一皱，疑惑道：“不对，这些血魔族好像并没有要攻击我们的迹象，他们这是什么？”闻言，在场的其他人也看到了那些血魔族围了过来，没有发起攻击。哪怕之前自由国跟樱花国在慌乱中开了枪，可那些诡异的血魔族没有出现预料中被激怒的情况，这是咋回事？哪怕是直播间的各国观众。 眼下都懵逼了，本来还以为没有抵达大秦帝国皇都就要经历一次生死危机，可没想到预想中的情况并没有出现。那些血魔族没有恶意，怎么可能？然而，在所有人为之懵逼、不明所以之时，影族族长盘红参见蒙恬将军。这些身影当中，当中一尊其体型壮硕、眼眸带红的异族迈步走路，眼眸透露着恭敬，旋即单膝跪下，郑重行礼。而随着盘红率先开口拜见蒙恬将军。 四面八方密密麻麻的身影全部单膝跪下，恭恭敬敬的齐声开口，重重行了一礼。对此，行了，不用搞得这么隆重。我这次来只是用一下这边的传送阵。蒙恬摆了摆手，说明了来意。闻言，一众影族这才站起身来。族长盘红恭敬道：“蒙恬将军，你请。”没有过多的言语，周围的影族让开了一条道路。在盘红的带领下，悬浮飞船再次启动。如今众人懵逼的看着前面带路的盘红。 艰难的咽了咽口水，满脸难以置信。本来以为会是危险来临，可没想到那么多可怕的血魔族，却对蒙恬那么恭敬，而且行大礼。而在蓝星一行人震惊不解的目光中，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恶意。因为蒙恬冷眼扫视了自由国与樱花国的人，再次说道：“血魔族是什么鬼名字？他们是影族。昔日大秦征战星空，陛下御驾亲征，影族不知好歹想抵挡，结果陛下亲自讨伐了影族，将其折服。” 至此，所有影族全部归顺大秦，成为我大秦帝国的奴隶种族之一。但哪怕是如此，他们依旧效忠于陛下，效忠于大秦，同时还是陛下最忠实、最为狂热的追随者。明白了吗？再敢擅自动手，我自杀之。四，季青山、于立群等人闻言，瞳孔骤然收缩，深深的倒吸一口凉气。那么庞大的血魔族一族，居然是大秦帝国的奴隶种族？不，不对，不是血魔族，而是影族。 在蓝星上，极其可怕恐怖、阴冷狡诈的影族，在大秦居然只是奴隶，而且在此之前，秦皇一己之力就将他们镇压。此刻，蓝星上的所有人全部惊呆了。大秦帝国就这么恐怖？尤其是蒙恬的最后一句话，直接让自由国跟樱花国的人脸色惨白，止不住的颤抖。蒙恬将军，我们错了，我们之后一定都听您的，都听您的。大夏有句古话说得好，不知者无罪。 若是早知道这些影族是大秦帝国的奴隶种族，就算再给一百个胆子，我们也不敢开枪啊！他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一股凉意直冲天灵盖。先前的举动，完全可以被当作向大秦帝国宣战，这竟会是如此严重的后果。而其他人同样紧张了起来，大气都不敢喘。这要是怪罪，自由国跟樱花国可以直接从蓝星除名了。在直播间无数观众都心惊肉跳之时，罢了。但仅此一次，蒙恬摇了摇头。 最后警告了一句，一听这话，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自由国与樱花国的人全身瘫软下来，差点被吓死，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多多谢蒙恬将军，他们赶忙收起了武器，下定决心打死都不再掏出来。实在是先前太过惊险，本想紧急避险，差点就成为了自己国家亡国灭种的罪人。穿过一条寂静的古道，蒙恬大人到了。盘红转过身恭敬开口，在他的身后，则是一片辽阔的平地。蒙恬点了点头。 只不过，到了，蓝星众人一脸懵逼，完全没搞懂两人的对话是什么意思。一眼看不到任何东西的平地，哪来的传送阵？而在他们满是疑惑的目光中，轰！唐红缓缓抬手，朝着身后一挥，顷刻间，让人耳膜发疼的巨响传出。天幕上有乌云密布，汇聚成一个巨大的漩涡。天地间，八方的灵气正在朝着前方不远处的平地中心汇聚，狂风席卷，很快形成了一股巨大的风暴，地面不停震颤。 空间炸响不断，肉眼可见的，前方的平地出现了一道触目惊心的沟壑，朝着两边缓慢移动。嗡<问>，一道璀璨至极、蕴含着惊人波动的巨大光束直奔天幕之上遮天蔽日的漩涡，与其连接到一起。砰砰砰，轰鸣下，一座用无数晶石打造、恢宏大气、绚丽夺目的传送阵缓缓呈现而出。刚一出现，这片天地皆在剧烈颤动，惊人的波动掀起狂风，朝着周围迅速蔓延开来。这。 这就是他们之前说的传送阵，好大！这个传送阵，起码能够同时容纳数万人了吧？这就是修仙与科技并存的大秦帝国吗？我们所看到的，仅仅只是冰山一角。一座传送阵都这么吓人，那我们还不曾了解的，岂不是能把人给生生吓死？Oh my god！大秦帝国的整体实力究竟有多强？虽然说这是个传送阵，那我怎么感觉更像一个大杀器？随着传送阵彻底显露出来，占据了视线，让再让众人忍不住惊骇。 当下所看到的一幕，让他们心头狂震，心跳加速。仅仅只是传送阵，就再一次给他们带来了视觉上的强烈冲击，以及对大秦帝国的实力又有了新的认知。而现在，无论是代表着蓝星而来的各国之人，亦或者正在观看直播的蓝星无数观众，都陷入了更深的震惊中。蒙恬看着震惊的众人，迈步朝着传送阵走了过去：“都过来吧。”他转身后，招呼了一句：“季青山、于立群等人没有怠慢，战战兢兢的靠近。” 至于其他国家的代表，回过神后，也满心震撼的踏进了传送阵当中，光辉笼罩，让他们心旷神怡。巨大的传送阵就像是一片全新的天地，随着踏入，竟让人产生了想去哪就去哪的错觉。而在传送阵之外，蒙恬将军，代我向陛下问好。盘宏有些憨厚的挠了挠头，随后启动了传送阵。顷刻间，天地再次轰鸣起来，整个传送阵爆发出璀璨至极的光芒。传送阵中，所有人只觉得眼前一花。 身上被一股奇异之力所笼罩，连贯了天地，身体变得无比轻盈。嗡<问>，伴随着光芒到达了极致，似是到了临界点，所有人的身影化作了一道道光芒。下一瞬，蒙恬与蓝星众人就消失在了巨大的传送阵之上，再看不到身影。而如今的直播间内，画面怎么变成这样了？天哪，这个传送阵难道还要经过一个又一个星域？这是在进行星域跳跃？大秦竟然恐怖如斯，如此恢宏！ 繁荣的巨大城池只是大秦帝国的边疆之地，难以想象真正的皇城得有多吓人。不愧是大秦，不愧是秦政。之前那么可怕的巨人都甘愿臣服大秦，成为大秦帝国的子民。而且像那样的巨人，只是臣服大秦诸多种族之中的一员。难以想象大秦的势力遍布范围有多广。大夏的家伙们，别高兴得太早了。大秦帝国跟那位秦皇再厉害又怎样？这段时间我熟读了大秦的历史，大秦的继承人简直就是个废柴。用大夏的话来说。 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那个扶苏，我也有所了解，确实是个废物，难堪大任。大秦帝国跟秦皇再厉害，再吓人，也改变不了扶苏是废柴的事实。大夏网友看着斗转星移的直播画面，阵阵惊呼，内心震撼不已。自从直播看到了大秦帝国的种种，他们他内心就难以平静，无法想象延续至今的大秦帝国究竟有多么庞大。这也让不少的大夏国人为之振奋，期待。但诸多的弹幕当中。 却有许多不和谐的言论出现，许多外国人在了解到大夏的历史之后，顿时开始冷嘲热讽起来，或者说在诋毁，说起了扶苏，说起了大秦不堪的事情，这瞬间让直播间内的大夏观众咬牙切齿，根本无法反驳。毕竟这些家伙说的没有错，想要还嘴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他们希望，大秦帝国既然能够延续至今，那位在历史上本该成为大秦继承人的扶苏，不要像历史上那么不堪。因为秦皇还活着，扶苏肯定也还活着。 只是大夏方面，不抱太大的希望。历史上的扶苏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与秦皇的理念不同，而且为人仁厚，性格温和。可这却被其他国家的人说成软弱，难堪大任。种种嘲讽的弹幕，让一个个大夏国人看得咬牙切齿。而在传送期间，我们要前往大秦皇都，还得通过传送阵跳跃一个个星域，太可怕了！距离皇都究竟有着多少距离？不可思议的传送手段，难以想象。直到现在，大秦帝国的面纱。 还未完全揭开，众人只觉得天旋地转，除了光怪陆离、令人眼花缭乱之外，身体更像是穿梭在宇宙当中。这种奇异的感觉让所有人心神震动，感到头皮发麻。所谓的传送，竟是能让他们在短时间内横跨一个又一个星域，以恐怖的速度前往真正的皇城。传送阵的穿梭，让人不知道传送出多远的距离。但还没有多久，到了。蒙恬淡淡说了一句，刹那间。 众人只觉得眼前白茫茫的一片正在逐渐消散，轻飘飘的身体也重新感受到了重力，浮空的感觉消失，双脚再次踏在了地面之上。四等再次睁眼，无论是直播间，亦或者身处大秦帝国的蓝星众人，皆是被所看到的景象吓得倒吸一口凉气。放眼看去，只见周围鸿蒙之光流淌，琼楼玉宇遍布，淡淡的光辉弥漫，尽显神圣。隐约间，还能听到龙吟凤鸣之音隐隐回荡，令人心头震动。 放眼观望，却看不到这座皇都的尽头。而随着众人的目光看向前方，一座充满了威严、透露着古老沧桑气息、参天的宫殿映入眼帘。四面的城墙之上，烙印着古老的黑龙图腾，威严渗透，犹如活物。在宫殿周围，有一杆杆黑龙旗帜在随风舞动。若仔细看去，就好似一条条真龙张牙舞爪，巡视着周围的一切。在宫殿之外，参天宫阙无数，兵马遍地。尤其在虚空中。 更有一座座鬼斧神工的空中楼阁，让人头皮发麻。当下所看到的一切，都无一例外，皆在印证着眼前这是一个辉煌鼎盛、恐怖绝伦的庞大帝国。这，这就是大秦帝国的皇都吗？看不到尽头，把守森严。若是蓝星动用全部力量，只怕都无法抵达那座宫殿。那些旗帜上的黑龙，我怎么感觉全是活的？他们就像随时能发起毁天灭地的攻击。这就是大秦帝国的皇城，有那么庞大的恐怖军队镇守，哪怕还没有进入皇城。 却让人感到扑面而来的压迫。秦皇就在那座皇城之中。咕噜，看着当下所看到的一幕幕，在场的所有人为之动容，心中掀起惊涛骇浪。没有人知道这宏伟辉煌的皇都究竟都存在着些什么，可仅仅是当下看到的，就足以让他们陷入无边的震撼当中。一想到待会将要面见秦皇，咚咚咚，在场众人的心跳加速，口干舌燥，升起说不出来的紧张。而在直播间里，无数观众在看到尽显神圣。 辉煌浩荡,荡的大秦皇帝也都看傻了眼，他们想象过各种，却从没有想到会是当下所看到的那么吓人。铺天盖地的威压通过画面让他们头皮发麻，内心的紧张油然而生，让弹幕都变得寥寥无几。而此时，不用紧张。蒙恬看到众人的模样，淡淡说了一句，没有继续在传送台上停留太久。他迈步走出，见状于周围一支支巡逻军队的目光之下，蓝星众人胆战心惊的紧随其后，一路走过。 他们再次看到了难以想象画面，行走在古道之上，伴随着靠近皇城，笼罩在身上的威压感越发强烈，甚至可以说，每迈出一步，都要花上不少的力气，需要勇气。时不时从虚空中传出龙吟之声，让季青山等人口干舌燥，内心震动不已。马上就要见到秦皇了，他们心中的紧张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没有人知道，经过了两千多年，历史上的情况究竟长什么样。这么久了。 想来早已是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了吧？不多时，在蒙恬的带领下，众人走进了宏伟的城门，进入了皇城领域。咕噜，看着那座近在眼前，却又给人一种远在天边的巨大宫殿，每个人内心无法平静，艰难咽着口水。眼下这种情况，让他们又一次紧张了起来。突然间，轰隆隆，在众人的后方，传来了剧烈的轰鸣声。这巨大的动静，瞬间整个皇都都为之震动。即便在深处的皇城。 也能够听到那足以让耳膜发疼动静，所有人猛然回头看去，瞳孔一缩，只见一艘遮天蔽日、黑龙旗帜飘扬、通体燃血的恐怖战舰朝着皇城的方向驶来，速度之快，那是让蓝星众人心头狂震。这种感觉就像下一秒浩瀚的战舰就要与皇城发生碰撞。可最终，散发着浓郁血腥味的战舰停在了皇城之外。紧接着，所有人能够看到，在战舰之上站着密密麻麻，像是经历了惊天大战。 从尸山血海中走出的疆土，仅是一个照面，就让人止不住颤抖，要匍匐,匐下来。下一秒，报：扶苏公子于茫茫星系与苍茫神族一战中凯旋归来。因苍茫神族不愿归降，故扶苏公子率大军覆灭苍茫星系。此战，扶苏公子以一己之力长驱直入，直奔敌人族地，斩杀苍茫神族族长，取得大胜。大军归来时，遭遇蛰伏第六星域三股势力叛军伏击。 扶苏公子以一己之力将其横扫镇压，平定叛乱。经此一战，扶苏公子再行突破，登大秦天骄榜第一。一道道回荡在天际的声音从战舰上不断传出，犹如闷雷炸响，回荡不绝。通告一出，整座皇都为之震动，彻底沸腾。四面八方，无数身影冲天起，目光皆是落在煞气冲天的战舰之上。我等恭迎扶苏公子凯旋而归。扶苏公子经过这一战，达成了大秦天骄榜第一人的成就。我就知道。 身为大秦帝国的皇储，扶苏公子绝不会让人失望。恭迎扶苏公子归来！不愧是扶苏公子，大秦帝国未来就算让扶苏公子接手，我们也能放心。欢呼声、大笑声在周围响彻整个皇都，一道道目光带着恭敬，带着狂热，甚至麒麟殿中，也陆续有一道道强大的身影出现在虚空中，止不住的大笑。然而此时，面对通报与皇都响彻天地的沸腾欢呼，在场的蓝星众人以及直播间的无数观众都傻眼了。扶苏，刚刚我们…… 还在讨论的扶苏，现在却凯旋归来，而且覆灭了一个神族，准确来说是一个星系，而且还成为了大秦天骄榜的第一人。王德发，扶苏，扶苏在大夏的历史上不就是个废物吗？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战绩与成就？西巴，这不可能啊！不对,不对，不对，季青山、于立群以及直播间一个个大夏国人懵了，没有想过会听到如此惊人的消息。扶苏竟然能够带兵打仗，甚至几乎以一己之力斩杀了敌方一族，甚至还平定了叛乱。 目前是大秦天骄榜的第一人，这颠覆了他们的认知，以至于在场的其他国家之人，直播间里无数其他国家的观众也都懵逼傻眼。他们之前还在嘲讽着大秦帝国，就算再强、再恐怖，继承人扶苏却是个废物，难担大任。可如今，他们所听到的，却与之前所嘲讽的完全不同，这怎么回事、啊？然而就在此时，父皇，儿臣幸不如命，此战大胜而归。一道温和的声音自战舰之上传出，刹那间。 有几道身影从战舰上飞出，朝麒麟殿的方向而去。为首之人一袭白衣，如同洁白无瑕的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浑身透露着惊人气息，更是给人一种扑面而来高贵之气。哪怕只是远远看着，却给人一种忍不住要匍匐下来的魔力。每踏出一步，在其脚下都荡漾起一阵阵涟漪。而随着扶苏话音落下，前往麒麟殿之时，我等幸不辱命。战舰上，煞气滔天的恐怖大军神色恭敬，朝着麒麟殿的方向跪拜下了。 齐声暴喝，声音浑厚有力，直冲天穹，震彻虚空。整座皇城被将土们的呐喊声所撼动。蒙恬将军，刚刚的那个人，真的是扶苏公子？在所有人的震撼下，季青山忍不住向身前的蒙恬询问了一句。闻言，蒙恬收回目光，此时的眼眸中多了一丝恭敬。正是，他点了点头，随后解释道：“看你们这样子，想来是扶苏公子颠覆了你们的认知，这倒也正常，毕竟……” 如今的扶苏公子已经是大秦天骄榜的第一人。自幼起，扶苏公子就比其他人聪慧，且心怀仁爱，深得陛下以及诸多大臣的喜爱。而扶苏公子的修仙天赋同样杰出，五岁时就已开辟了体内灵海，踏入仙途；十岁时就已经远超同龄人。此后，扶苏公子显露了妖孽资质，修炼之路尤为平坦，且在十一岁那年就已经跟随在陛下身边征战，屡立战功，直至如今。 扶苏公子在大秦军中树立了极大的威望，乃是整个大秦帝国都为之幸福的大秦先统继承人。期间，扶苏公子曾亲自率领大军，经历过三次较大的战役：第一次荡平了一个统治着第三星域的妖族；第二次覆灭了盘踞第四星域的古魔族；第三次就是眼下毁灭苍茫神族。如今的扶苏公子已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日之星，而大秦天骄榜，则是整个大秦帝国最能让人信服的榜单。能上榜的，无不是大秦帝国万中无一的佼佼者。 对众人解释了一番之后，蒙恬又忍不住大笑了起来。听到这里，什么？扶苏，扶苏竟然是这样的，能文善武，对待敌人绝不手软，而且早在十多岁的年纪就已经随着秦皇征战四方，之后更是以一己之力为大秦帝国带来多次胜利。这正是我们所认知的那个扶苏。季青山、于立群傻眼了，光是听着蒙恬所说的话，就感到一阵惊悚，心神狂震。一句句话，无不是刷新着他们对扶苏的认知。 如今大秦帝国的扶苏，不是历史上所记载的那般软弱无能，而是让整个大秦帝国子民、大臣都寄予厚望。一瞬间，在场的大夏众人再次陷入懵逼当中，难以相信蒙恬所说的话语。可是，他们看到的、听到的，全部都在表明扶苏不是他们印象当中的扶苏。大秦帝国的皇储扶苏有着极大的声望，更有着令人动容的可怕实力。而直播间各个国家的人早已听得不寒而栗，那个大夏历史上软弱无能。 没有任何作为的扶苏，现在居然是大秦帝国的功臣，大秦帝天骄榜的第一人。能够登榜的人全部都是万中无一的佼佼者。扶苏能成为第一人，不对吧？扶苏怎么可能有这种能力？法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怎么，怎么直到现在，大秦帝国所呈现的都与大夏所记载的历史完全不同？大夏的历史难道全部都是虚假的？这就是大秦太子扶苏！我的天哪、啊，他居然是大秦帝国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天骄！ 甚至已经亲自指挥了三场大型战役，全部都是大胜而归。哈哈，快看那些外国佬，一个个都已经被吓傻了。继续叫啊！现在怎么不叫了？不是说公子扶苏废物没有吗？可是现在，你们倒是继续叫啊！之前一个个冷嘲热讽，现在怎么说不出话来了？这些家伙就是不愿意相信咱们历史上的大秦彻底成为了先秦，而势力遍布且统治着多个宇宙，说不定啊，他们早就已经羡慕坏了，只不过都在嘴硬。 不愿意相信罢了。说的在理，有这么强大恐怖的老祖宗，这对大夏来说简直就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就算不能时刻得到大秦帝国的帮助，但这也足够让我们改变大夏面临万族入侵的糟糕处境。真没想到，公子扶苏又颠覆了我们的认知。现在，我真的很好奇，活到了今天的秦皇究竟是什么样子？大秦帝国任何一处都彰显着恐怖与强大。我们想要了解到真正的大秦帝国，恐怕要花上的时间将会是一个天文数字啊！其他国家之人被吓得连连尖叫。 无法相信眼下听到的扶苏竟是那么可怕之时，大夏的观众从震惊中回过神后，进行了激烈的反击。对于之前嘲讽扶苏的人，他们丝毫不留情面的怼了回去，而且心中依旧在震撼，难以平静。大秦帝国与他们所了解到的大秦历史完全不一样，而且不仅是大秦，就连大秦时期的人，也都一次次刷新着大夏方面的认知。历史上的大秦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延续至今？他们所得知的大秦历史完全就对不上。 上来吧！就在直播间彻底沸腾时，蒙恬不知何时登上了一艘飞艇，朝着季青山等人招呼道：“这里距离麒麟殿还有一段距离，你们普通人想要抵达，怕是还得走上几天几夜。”闻言，季青山、于立群以及其他国家的人倒吸了一口气，明明近在眼前，却远在天边，就是这个样子，真是不可思议。他们心中嘀咕，还是没能平复内心的震惊。登上了飞艇之后，众人的脸上震撼依旧。如今的大秦帝国。 对他们而言，实在太过于神秘，事与物，都远不是他们当下就能搞清楚的。公子扶苏，颠覆了他们的认知，带来了巨大震撼。而对于这次要面见的秦皇，无论是大夏亦或者其他国家的人，心里面虽然更加期待，但也更加的紧张。尤其自由国等想要用科技去换取修仙功法的国家，心里面的幻想随之破灭。大秦帝国在修仙之上，可以主宰者多个宇宙，无数个星域。而在科技上，无论是之前看到的黑龙号空天母舰， 以及一个个舰队，包括如今乘坐的飞艇，科技水平都远超于蓝星，这让他们震惊之余又感到头疼。除了大夏，他们难道真的没有机会修仙了吗？轰咔！就在蒙恬想要带着众人前往麒麟殿之时，一声让天地都显得摇摇欲坠的轰鸣猛然响起，巨大的动静让整个皇都为之动荡，尤其是皇城范围最为剧烈。顷刻间，原本还明朗的天穹，肉眼可见的迅速暗淡下来，无尽雷云涌现，遮掩了天地。 整个黄都如同要迎来末日，地面颤动，空间炸响，一股股无形之力像是挤压着这片天地，要毁灭一切。天地骤变下，怎怎么回事？飞艇上，季青山等人心中咯噔一声，顿感头皮发麻，惊恐的抬头看着眼下诡异的变化。说变就变的天，像是要坍塌的大地，无比表现出要有大事发生。蒙恬此时更是眉头一皱，这也让现场的人眼皮跳动，深知要出事了。 伴随着恐怖威压的降临，麒麟殿外的诸多强者神色各异。刚刚想要进入麒麟殿的扶苏止住了身形，猛然抬头看向天幕，冷喝道：“大胆！”话音落下，他浑身绽放璀璨之芒，一把撕裂虚空，从其中取出了一杆透露着滔天煞气、散发着森然寒光的骇人长枪。几乎只是眨眼间，他就已经做好了出手的准备。看到面容清秀、温和的脸突然冷了下来，眉宇间透露着杀气的扶苏，嘶！ 季青山等人再次倒吸一口凉气，在无形威压下打着哆嗦。他们一来，难道就要碰上大战吗？看到扶苏如临大敌的模样，他们心里面的紧张越发强烈。当下，秦政，今日就是你的死期，也是大秦覆灭之日。大秦休想让五运神族忘记族人被杀之仇，臣服不过是等待时机覆灭大秦罢了。这么多年居于人下，五运神族今日就要复仇，圣天古族绝不会再屈服。今日，誓死与大秦死战！ 大眼神族与大秦宣战，秦皇九阴一族正式宣布脱离大秦。一道道让天地为之震颤的声音回荡在四面八方，伴随着一声动人心魄的龙吟，麒麟殿外，一名老者身上的衣物直接炸开，随后腾空而起，竟化作了一条遮天蔽日无足巨龙。这条龙浑身赤色，硕大的龙首俯瞰下方，竖起来的瞳孔彰显着不凡。开眸闭眸间，昼夜交替。此事，九阴一族。除此之外。 整座皇城的八方虚空震颤起来，各族大军齐至，鼓声滔天，战意盎然。在他们之前，先前说话的身影从虚空中踏步而出，每一个身上都散发着毁天灭地的气息，眼眸深邃。刚一出现，让整个世界都为之颤抖。总共五大族的强者，在此刻倾举足之力，包围了整座皇城。一瞬间，整座皇城为之动荡，无数大秦将土眼中满是愤怒，可却被恐怖威压死死镇压。看到这恐怖的一幕。 这这是什么情况？这里不是大秦的皇都吗？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人会这样？发生了什么？我们该不会受到牵连吧？在大秦的皇都中，要有战事发生。纪青山、于立群以及各国的代表看到天崩地裂的变故，头皮炸裂，心中滋生恐惧。除了那条拥有无上神通的九阴巨龙，四周来临大军之首的四道身影，同样让他们心惊胆战。这些惊天动地的存在，要发动战争。在众人之前，蒙恬眉头紧皱。 冷眼看着出现的五大神族，找死！不过很快，他便冷笑了起来。闻言，季青山忍不住询问道：“蒙恬将军，这这是怎么回事？”“无妨，这些家伙想要造反罢了。”蒙恬双手负于身后，摇了摇头，简单回答了一句。此话一出，瞬间季青山一行人惊掉了下巴，瞳孔猛地收缩：“什么造反？啊，这这都造反了？还无妨？先前我好像听到了什么什么神族？” 圣族，别说看了，光是听起来不简单。五大神族举戈造反，大秦帝国岂不是危险了？你个樱花国的碧池，这里是大秦的帝都，这些家伙大军兵临城下造反，能不危险吗？一行人目瞪口呆，顿时毛骨悚然。而且包围帝都的五个势力，任何一方都极为恐怖，哪怕还没有动手，却让他们止不住颤抖。而且统领着那些大军的身影，他们哪怕只是看着，都深知那些存在，哪怕稍微动手，就能够让天崩。 让地裂，让世界为之毁灭。五个强大的种族要在此刻造反，向大秦帝国宣战。这种情况让他们陷入了恐慌当中，焦急万分。要知道，他们所在的可是大秦帝国的国都。如果在外面也就罢了，可这里是大秦帝国的中心啊！季青山内心震撼，看向旁边的于立群，艰难咽着口水。大秦帝国危险了，我们此行，该不会要葬身于此吧？他小声说了一句，内心的惊骇早就无以复加。X。 于立群点了点头，心中也不免担忧。本以为这次过来面见秦皇会是一次认知到大秦帝国、了解到更多修仙事宜的绝佳机会，却不曾想刚到就遭遇了如此巨大的变故。总共五个强大的种族要造反，其他国家的代表早就被吓得满脸苍白，惊恐万分。要是大秦帝国出事，他们也得陪葬。而直播间内，蓝星各国的观众陷入了恐慌当中，震惊不已：“卧槽！造反！蒙恬将军在说什么啊？这么恐怖的造反！” 他却像个没事人一样说无妨，还以为大秦帝国真有那么厉害呢。怎么，居然还会有人造反？看这样子，那几个神秘的神族实力完全不弱，一旦发起战争，大秦帝国是要遭殃了。哼，看来大秦帝国也不过如此。只是可惜了我们泡菜国的代表，要是他们出事，那就糟了呀。之前看到了大秦帝国那么多匪夷所思的方面，我还真以为大秦帝国已经无敌，可没想到会有造反这种荒谬的事情。所以说。 大秦帝国也就能够吓唬吓唬我们蓝星吧。在大夏的观众为之担忧时，其余各国的观众在震惊过后，一个劲的吐槽起来。对于大秦帝国，他们疯狂的进行了抨击与贬低。但同样的，无数人都清楚眼下的局面对大秦帝国充满了威胁，稍有不慎，怕是大秦帝国就要覆灭。成 L 五大种族宣布造反，让无数人为之动容，内心狂震。尤其是大秦国都，眼下无数百姓。 疆土都难以相信，出现在天幕之上。四面鼓声，气势汹汹的五大族，他们，他们怎敢造反？这么多年来，这些种族都是假意臣服，为的就是暗地里联合造反。糟了，白起将军不在，他们，他们难道要趁这个机会攻陷帝都？可陛下明明已经突破，这些家伙是怎么敢的？整个帝都彻底轰动了起来，惊呼声不断。可此时，却没有人能够接近皇城。五大族的人早已将周围封锁。 万众瞩目之下，九阴一族的族长、大眼神族、圣天古族等掌权者，此刻逼宫麒麟殿。秦皇，没想到你能那么快突破半仙境，我们不能再等了。再这么等下去，我等只怕永远无法迎来自由。今天该了结了。尽管你已经是半仙境，可我们一同联手，就还有希望。好不容易等到白起外出，帝都防守薄弱，这个机会我们不会错过。他们朗声开口，眼眸带着凝重。 脸上却满是决然。这一天，他们等了太久。哪怕知道秦皇杀伐果断，一旦造反失败，将会万劫不复。可他们不想再等了。再等下去，他们将永远没有机会。正在大战一触即发之时，就平儿等也妄谈造反。一道轻飘飘的话从麒麟殿中传出，顷刻间，整片天地剧烈动荡，彻底失去了光泽，暗淡下来。轰隆隆，轰鸣声滔滔不绝，整个帝都。 准确来说，是整个世界都在震颤，虚空崩裂，恐怖帝威笼盖天地。一尊无上的虚影出现在了麒麟殿上方的虚空，遮天蔽日，撼动天穹。这道身影身着玄色龙袍，头戴冠冕，眉宇间透露着恐怖帝威，身上散发着让宇宙都为之颤抖的滔天威压。俊朗的面容显得尤为平静，深邃的眼眸蕴含了无数星辰，绚丽而摄人心魄。仅仅只是一道眼神，就足以让无数人心神不稳，忍不住匍匐。 轰咔！八方轰鸣之下，整个世界被金色的神雷所占据，划过天界，令人动动容。虚空上的虚影，正俯看着欲要造反的五大族强者，从容不迫，看不出行动仿佛足以颠覆一方宇宙的强者联手造反，无法让他出现丝毫的情绪波动。似乎，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秦政的人皇虚影出现，扫视着九婴等早已达到不朽，能够轻松毁灭一方宇宙的强者，朕给过你们生还的机会。 可你们却一心找死，他淡淡开口，周围的虚空似乎就已经承受不住扭曲起来，随时就要坍塌。闻言，几大族的不朽强者眼神一凝，心神震动，被支配过的恐惧再次滋生。秦皇，只有你死，万族才会重获自由！九婴怒吼一声，旋即看向麒麟殿外的各族强者，鼓动道：“诸位，难道你们真的甘心被大秦所奴役？不如与我等反了，迎来一个朗朗乾坤！”此话一出。 麒麟殿外的各族强者神色各异，可却无一人敢轻举妄动。九婴，你们此举十死无生，愚蠢！甚至有人没有丝毫犹豫的开口谴责。闻言，无药可救。九婴发出一声怒吼，下一瞬就直奔麒麟殿，杀意凛然道：“此战不可避免，别说万劫不复，只要还有一丝机会，我等搭上性命亦要拼一次。”其余四族强者见状，修为爆发，就要出手，可下一秒，足以让无数生灵恐惧的煌煌天威镇压而下。 秦政的人皇虚影神色冷漠，一双深邃的眼眸注视着想要动手的几人。当真以为朕不知尔等的造反之心？他缓缓开口，继续淡然道：“朕有些意外，你们还是那么蠢。既然如此，朕杀你们，则无需再有顾虑。”一句句话如同洪钟大吕，如同闷雷席卷开来。话音落下，九阴等不朽强者脸色大变，无尽天威倾泻而下，身体无法动弹。砰砰砰,砰,砰！无数的惨叫声陆续从周围传出。 只见五大族的族人没有任何预兆，身体炸开，化作了一团团血雾。仅仅只是威压，他们就无法承受。妖异的血雾一团团绽放在天地，刺鼻的血腥蔓延开来，肉眼可见的，无数大军土崩瓦解。几个呼吸间，几乎就已荡然无存。此刻，天地震荡。只见遮掩了天地的虚影缓缓抬手，天地炸响，虚空崩裂。秦皇一怒，诸天战力原本还要造反的五大族强者。 竟在此刻露出了恐惧之色，身体止不住的颤抖着，昔日内心的恐惧再次滋生。秦皇还是那个睥睨诸天，无论何时何地皆能掌控一切的秦皇。他们的造反之心早就已经被秦皇知晓。这一刻，仅仅只是踏出那一步，就足以将我等镇压吗？五大族强者毛骨悚然，想要反抗，却发现做不到。这一刻，他们惶恐万分，却深知已无退路。其中，圣天古族的至强者想要引爆自身，可紧接着。 九阴一族、圣天古族、大眼神族、五运神族、北斗仙族大逆不道，其罪当诛！秦政的声音响彻诸天，宇宙颤抖，轰鸣不断。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却让身为不朽境的圣天古族至强者身上的气息收敛，似乎时间倒流，回到了还没出手的节点。正在他脸色大变之时，不只是秦政人皇虚影的一道目光，就让他失声咆哮。随后，他的神色变得扭曲，身体同样扭曲了起来。 诡异的一幕落在无数人眼中，可就是这样一尊足以称霸一方宇宙的强者，在身为大秦帝国人皇秦政的一句话下，开始了消散，顷刻灰飞烟灭。在他灭亡之际，剩下的四族强者瞳孔骤然收缩，一阵胆寒。没人想到，大秦帝国的皇踏出了成就半仙之境的一步，竟要比之前恐怖了无数倍。一句话，一道目光，就将他们死死镇压，无法反抗。尔等寻死，朕自会成全。 秦政的人皇虚影再次开口，抬起的大手朝着剩余的四大族强者轰然落下。这一掌就像一方天地，神光璀璨，似牵引着万千大道，虚空震颤，天穹摇摇欲坠。在这一掌落下之际，宇宙中无数的生灵似乎有所感应，心生恐惧，看着仙光映天，大道规则环绕，摧枯拉朽落下的手掌。不，不，凭什么？凭什么他能成就半仙之境？我不甘心！秦皇早就知道。 我等要造反，之所以不杀我们，则是他想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对我等动手，同时以此警告那些臣服了大秦的万族。四大族强者已被恐惧笼盖，嘴里不断喃喃。这一刻，他们的眼神变得绝望。秦皇虚影落下的这一掌，他们深知无法抗衡。直至巨大手掌的落下，天崩地裂，四大族的强者在绝望中化作了飞灰，神形俱灭，彻底被抹除。整个帝都剧烈颤抖，像是要瓦解。动荡还未平息，秦政的虚影。 缓缓隐匿于虚空，像是携带着末日要降临的天地异象，也在此刻逐渐消散。幻想当中的大战没有爆发，而是本尊居于麒麟殿中的秦政，仅是虚影降临，就以绝对的恐怖实力，一手瓦解了来自五大族联手的造反。等天地恢复如常，轰鸣停下。陛下圣明，如此反贼就该诛杀。整个帝都爆发了震耳欲聋欢呼。麒麟殿外，诸多大臣与各族的强者匍匐呐喊。五大族不朽强者的陨落。 让臣服于大秦帝国的各族彻底打消了脱离的念头。若反，必亡。而原本五大族强者当中，任何一个皆能毁天灭地，却失去反抗之力，在绝望中被抹杀的一幕，直播间各国观众看得头皮炸裂，惊恐颤抖。那么可怕的神族、圣族，甚至来自远古的强大存在，只因秦皇的一句话，抬头的一巴掌就全部身陨道消。数百万的大军，一句话就全部灭亡。秦皇就这么恐怖？ 难怪大秦帝国能让那么多种族为之臣服，看来不愿意臣服，早就已经被灭掉了。原本以为五大族的造反会让大秦帝国的皇都陷入动荡，秦皇将会陷入危险境地，可他只是一掌，就把五族的造反给化解了。上帝啊，那个秦皇，到底谁还是他的对手？这种恐怖实力足以撼动宇宙，颠覆无尽星域。他们要是想要覆灭蓝星，恐怕一根手指头就能让蓝星化作飞灰。无数观众哪怕只是看着画面。 却依旧感受到了让人窒息的恐怖压迫渗透而出，在恐惧惊呼之下，他们面无血色，身体颤抖。先前恐怖的一幕还在脑海中挥之不去，让人双腿发软，呆滞的看着直播画面，难以置信。先前所看到的，让人觉得像在做梦。帝都沸腾下，刚踏进皇城不久的纪青山等蓝星众人早已看傻了眼，脸色苍白。数量那么庞大的五族大军，全都死光了。明明是神族。 明明任何一族的强者让我看着都心里发毛，可他们还是小瞧了秦皇。面对秦皇的时候，甚至没有资格反抗。本来以为是大秦的危机，可没想到死的却是造反的几大神族，就这么结束了。他们神色呆滞，茫然的看向了麒麟殿，心中掀起惊涛骇浪。那么恐怖的五大族联手造反，想要为自由拼死一战，之前出场的时候是那么的惊天动地，可是面对秦皇，他们的造反就像是个笑话。眼下已经结束。 而这，就是秦皇，大秦帝国不可撼动的主宰。五大族的生与死，皆在对方的掌控之中，又或者说一念之间。看着傻眼的蓝星众人，什么神族、仙族，蒙恬冷哼一声，森然冷笑道：“在陛下面前，他们算得了什么？只不过是几只大点的蝼蚁罢了。陛下带领着大秦举国飞升，一路杀伐，什么场面没有见过？死在陛下手中的妖魔鬼怪不计其数。哪怕陛下没有踏出成就半仙的那一步。” 死在他手里的半仙境早已超过两手之数，如今大秦所统领的宇宙星域可以说是陛下一手开辟出来，他一人就是千军万马，有他在，任何存在都别想放肆，甚至在陛下经历的最后一战中，强如古神，都只能是他的手上亡魂。万族的臣服不是对大秦帝国畏惧，而是对陛下一人的畏惧。四季<死>青山等人听到满眼狂热的蒙恬所说，那些关于秦政的战绩与眼下大秦帝国的辉煌，无不是倒吸一口凉气。 所谓让他们看着就发抖的神族，对于秦皇而言，就是蝼蚁。半仙境，这是秦皇的修为境界。就在众人的惊骇中，一股滔天的煞气汹涌而至，咔嚓，虚空中直接就被一股无形的恐怖之力撕开了触目惊心的裂缝。随后，只见一道身影从中走出。陛下，玄天仙族依旧不愿臣服，臣遵陛下旨意，已将其彻底覆灭。此人一身邪甲，滔天的煞气让虚空都为之扭曲。 隐约间还能听到无数的嘶吼，一人覆灭一个仙族。听到这话，无论直播间还是在场的纪青山等人，瞳孔都猛地一缩。那那是，他们呼吸急促，脊背发凉。对方身上所透露的气息，让他们几乎窒息。可是嗅到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嗯，他身上轰然爆发恐怖气息，天穹震战，滔天的杀意蔓延开来。可下一秒，九阴族、圣天古族、大眼神族。 五运神族、北斗仙族举兵造反，已被镇诛。秦正的声音响起，从麒麟殿中传出。先前倒是朕太过仁慈，可他们却冥顽不灵，行此大逆不道之事。既如此，朕便赐他们一死。白起，朕的剑先无需归还，带着他再走一趟。图，一句句话透露着无上威严，蔓延开来，回荡天地间，穿透了诸天宇宙，万界轰动。虚空上刚刚归来的白起闻言。 浑身的煞气疯狂蔓延，臣领命。他于虚空中半跪行礼，旋即身上的杀气肆虐在天地间，天幕都在震战下失去了颜色。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他起身之时，低头看向下方，目光落在蓝星众人身上，满是杀意的眼眸闪过一抹好奇之色。这些就是陛下所说的后人，以及祖星上的人类。不过白起没有多说什么，甚至执行陛下的命令才是重中之重。陛下放心，他再次望向麒麟殿。 暴喝道：“这五大族，臣会让他们知道，陛下不可忤逆，臣定会携陛下的秦皇剑，将他们屠杀殆尽。”话音落下，他一把撕开了面前的虚空，猛地踏步而出，刹那间消失不见。可即便白起已经离开，那一句句话语还在天地间回荡，恐怖的煞气依旧干扰着周围虚空。看到这一幕，直播间再次炸裂。白白起，人屠白起，什么情况？先前他回来汇报。 是屠了一个先族，两千多年过去，白起，白起的单子越做越大了。先不说他之前覆灭的先族有多少，先前要造反的五大族，任何一个都是宇宙霸主级别的吧？五个呀，那不得几十亿打底？外国人惊骇，大夏观众更是惊呼连连。他们看到了大战历史上的恐怖杀神白起，而两千多年过去，眼下亲眼看到、听到的要更为夸张。而此时，白起，他恐怕要杀爽了。蒙恬眼中带着震撼。 忍不住嘀咕道：“没想到玄天仙族那么快就被他给屠了个精光。如今想想，倒是好久没有看到他出手了。他真是白起。”季青山闻言，难以置信的询问起来：“杀神白起刚刚现身了，可却比他们在历史中所了解的白起更加的恐怖。仅仅只是身上的气息，就让人仿佛看到了在其脚下踩着的是无边无际的尸山血海。”听到询问，还能有假不成？蒙恬瞪了季青山等人一眼，旋即一脸骄傲的说道：“你们知道。” 白起是杀神，这一点的确是事实。白起乃是我大秦帝国当之无愧的第一战将。别人常说，他就是陛下，大秦帝国的刽子手，白起手中的亡魂数字已经统计不出来了，因为只要是陛下剑锋所指，白起皆能荡平，哪怕是诸多强大的种族，你们所认为可怕的神族等存在，他灭掉的已经不计其数。听着关于白起的事迹与辉煌战绩，咕噜，无论在场的蓝星众人还是直播间的观众，皆是艰难地咽着口水。 他们没有想到，刚刚看到的那个恐怖存在，真的是杀神白起，而且眼下所得知的这些信息，更加让人毛骨悚然，已经无法用数字来进行统计。白起这个大秦帝国第一战将，远要比他们所认知的更加恐怖，杀戮更加滔天。正在此时，蒙恬，把人带来吧。秦政的声音传出，在场蓝星众人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听到声音后，顿时内心忐忑，紧张不已。蒙恬见状，淡淡道。 我带你们面圣，其实不用紧张，不紧张才怪。不仅是季青山跟于立群，声音不大，但落入蓝星众人耳中，却如同天外之音，如汪洋大海席卷而来，在宫殿中回荡，似有龙吟在耳边响起。话音落下，还没等与众人接触最多的蒙恬开口，扑通！除了代表大夏的季青山跟于立群，其他国家的代表再也无法克制内心的害怕，全部跪了下来，匍匐在地，回陛下，我们正是来自祖星的后人，陛下。 我对您的崇拜之情犹如滔滔江水，连连绵不绝。我爱您，亲爱的陛下，您就是我的神。他们赶忙回答，头也不敢抬，甚至还有一名自由国的代表用蹩脚的大夏国语说出了不知道从哪学来的词汇，组起了句子。突如其来的一幕，顿时就让直播间里的大夏观众看呆了。那自由国的捞炮说的什么玩意儿？他知道那是什么含义吗？该说不说，这些家伙拍马屁的功夫倒是一绝。看样子，在这之前。 还专门研究了大夏用来拍马屁的句子，哈哈！看把这些家伙给吓的，笑死我了。等反应过来之后，原本直播间紧张的气氛又变得欢快了起来。大夏的观众看到其余国家代表被吓得瑟瑟发抖，笑得合不拢嘴。然而，季青山跟于立群相视一眼，心中不由得对其他几个国家代表的行为感到鄙夷。陛下，他们只是祖先的一份子，我们所代表的大夏才是您真正的后人。两人咬了咬牙，与其他代表跪了下来，认真开口。 蒙恬看到众人的举动，颇为满意的点了点头，倒还挺懂事，没有想象中那么莽撞。他心中嘀咕了一句，随后退至一旁。眼下不需要自己了，这些祖星上的人挺听话。然而，从蓝星远道而来的众人却根本不是所谓的听话。除了代表大夏而来的纪青山跟于立群，其他国家的代表全部怕得要死。而且在看到秦政的那一刻，他们在心里面就后悔代表国家来这一趟了，实在是对方太过恐怖。看着大殿之下恭恭敬敬,敬的众人。 呵，秦正嘴角浮现一抹难以捕捉的笑意，多年来没有太多起伏的情绪，也被牵动了起来。看来他所编造的历史，蓝星方面已经彻底信了。即便蓝星的人类不多，但可以通过蓝星作为跳板，探索更多的宇宙，这才是目的。毕竟声望值已经刷无可刷，蓝星意志的求救，恰好让他有了头绪。而等起来吧。秦正收回思绪，扫视一眼下方，淡淡道：“来人，赐座。多多谢陛下。” 各国代表重重松了一口气，起身之后又再次点头哈腰，这才小心翼翼的相继坐下。看到这些人一口一个陛下，越说越熟练，则于立群和季青山相视一眼，心中不由得鄙夷：这些家伙还真是够够的了。随着蓝星众人的入座，回首往昔，朕已经太久没有再回过祖星。秦正眼眸深邃的望向大殿外，似在回忆，询问道：“不知祖星是如何记载朕的大清？尔等与朕说说吧。” 此话一出，现场寂静无声，在场的大臣与各族强者面面相觑，目光皆是落在了蓝星众人身上。对此，他们倒也颇为好奇。面对压迫感极强、令人心惊胆战的秦政询问，这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自由国、樱花国等代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随后默不作声，目光一同落在了代表大夏而来的纪青山与于立群身上。他们更是松了一口气，对方问的乃是关于大秦在蓝星上的历史，不需要他们回答。 只不过面对诸多目光，这季青山跟于立群咽了咽口水，脊背发凉。秦正要问蓝星上关于大秦的历史，这让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去说。毕竟这方面有太多不好的记载。眼看两人欲言又止，说秦正眼睛微微眯起，轻轻吐出一个字。闻言，季青山浑身一颤，望向旁边的于立群道：“于老，历史这方面你了解的多，要不你跟陛下说说？那就由我来说说吧，还望陛下不要生气。” 于立群抱拳，深吸一口气后，如实说道：“其实关于大秦的历史不多，但无疑大秦在历史上是一颗璀璨的流星，在大夏的历史上留下了绚丽浓重的一笔。只是历史记载中的大秦寿命太短，只存在了十几年。而且大秦二世而亡，在历史上关于大秦的评价更有暴秦之称。到了最后，大秦走向灭亡，亡在了大汉的手中。而且后面分分合合，又历经了许多的朝代跟祸乱。” 直到后面大夏的崛起，将较为重要的历史记载简要说出之后，他端端正正地坐着，心里面紧张，又有期待。紧张则是担心这些历史内容会让秦政发怒，迁怒于自己与大夏；期待则是想要借着这次抵达大秦帝国的机会，去了解大秦是否如历史所记载的那样，去了解到更多关于修仙的信息。P.S. 解释一下境界分化，看读者大大提问，我在这里贴出来哈。大秦修仙帝国境界分化为炼气、先天。 林海，金丹，紫府，神王，圣境，至尊，不朽，化神，半仙，宇宙仙，朕的大秦二十而亡，朕的大秦乃是暴秦。秦正眯起了眼睛，突然冷哼一声，瞬间，大殿内狂风呼啸，刹那间，让众人觉得似乎有无数洪荒猛兽在耳边咆哮。仅仅只是因为秦正的不悦，偌大的宫殿在此刻颤抖不止，轰鸣不断。法克尤，你，你说的什么屁话？ 西巴，大夏的家伙，你疯了！八嘎！各国的代表脸色大变，纷纷从椅子上挪开屁股，再一次朝着秦正跪倒下来，惊恐万分的颤抖着。他们冷汗不止，内心更是不断的吐槽：人家问大夏的家伙说好听的不就行，非要去说那什么大秦二世而亡，暴秦！完了完了！季青山跟于立群哪怕已经提前做好了心理准备，却还是被吓了一跳，与其他人一同跪了下来，沉默不语。秦正看到众人这副模样。 摄人心魄的目光落在于立群身上，冷声道：“你先前所说是否属实？史书中关于大秦的记载就是如此，千真万确。”于立群深知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能硬着头皮点了点头。一瞬间，其余国家代表的心皆是提到了嗓子眼。这要是引起上面那位的不满，他们恐怕全都当场立分。那些神族、仙族，无数一族对人家而言就只是个屁，更别说自己这些普通人了。秦正得到回答之后。 深邃如渊的眼眸闪过一抹寒芒，这样吗？他若有所思，随后冷笑道：“好，好一个鬼仙一族，好一手偷天换日，抹除原有关于大秦的痕迹，抹黑大秦，抹黑于朕，让后人无法正确认知真正的大秦，真是好手段。朕倒没想到，这些家伙即便是死，都要恶心朕。”一句句话如同闷雷，于众人的耳边炸响。而在他身上弥漫出的气息，无论大殿内是谁，身体都在为之颤抖。 可秦政的话，却让直播间的观众捕捉到了其中不同寻常的意味。鬼仙一族什么情况？秦政说的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尽管有些事情不太清楚，可他这些话意思是大夏历史关于大秦的历史是假的，被异族抹黑改写了。What？大秦帝国明明这么恐怖，却还有一族能够越过大秦帝国，改变蓝星。准确的来说，改变了大夏的历史。我们我们到底有多少是不知道的？大夏的历史是假的。 那，那我们泡菜国的历史呢？难道也是假的？泡菜国在世界版图上就那么一块小地方，真的假的？有个毛影响？别吵吵，哥们，我在这边留学呢。你应该说，只有一个省那么大的国家能有什么历史？因为在泡菜国的地图上，泡菜国的版图超大一块。各国的观众为之沸腾，感到一头雾水。最为震撼的莫过于大夏的观众，对于秦政的话，他们只觉得云里雾里，疯狂的猜测了起来。而在大殿上，什么？ 于立群一直想要了解到大秦的真正历史，闻言猛然抬头望向秦政，止不住的询问道：“陛下，我想请问一下，你所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大夏所了解到的大秦历史，假的，被你说的鬼仙一族抹黑，更改了真正的大秦历史。现在就是一个了解大秦历史的绝佳机会。”他眼中透露着渴望，看着反应极大的于立群。不错，秦正冷着眼，眼眸闪烁间透露着摄人光芒，继续编造道：“当年。” 镇邪大秦举国飞升之后，遇到的第一个大敌就是鬼仙一族，又可称伪仙族，有着横渡时间长河的能力。那一战，大秦将他们覆灭。只是朕没想到，他们竟会凭借着朕的一缕因果线，在灭亡之前对祖星下手，改变了原有的历史轨迹，以此来抹黑大秦，抹黑朕，抹去了祖星后人了解先秦的机会。想来，之后的历史也被染指了。难怪，难怪当年鬼仙一族的那个老东西迟迟找不到。 等找到的时候，早已陨落。他竟然不惜以性命为代价，干出这么卑鄙的事情。听着秦正的话，蒙恬咬牙切齿的沉声道：“也难怪后人的仙道传承断了，一切都是那些该死的鬼仙一族所造成。”说罢，他的拳头早握得咔咔作响，身边的空间轰鸣。看着冷着眼的秦正，看着沉着脸的蒙恬，这于立群对于两人的情绪反应没有怀疑，呼吸急促，失声道：“原来，原来大夏所认知到的历史是虚假的。” 被鬼仙一族抹去，并且改写了。旁边的季青山也都瞪大了眼睛，满脸震撼，竟然还有这种事情。而之前的猜测，在这一刻也得到了证实：关于大秦的历史就是假的。否则，统治着大秦帝国的秦政，身为大秦帝国将领的蒙恬以及一众大臣，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即便是在场的其余国家代表，也都听得震撼不已。大秦之前遇到的那个强敌，竟然还有穿梭时间长河、改写历史信息的手段，修仙意图。 好可怕！他们口干舌燥，震惊已然无法附加。直播间内，弹幕无数，竟然在大秦举国飞升之后，有一族能瞒过秦政，做到这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之前秦政都说了，那是大秦帝国举国飞升之后所遇到的第一个强敌，但他们把鬼仙一族覆灭，可对方却耍起了阴谋诡计，防不胜防。妈的！原来关于大秦的真正历史被抹去了。什么暴秦、暴君，什么二十二王全是假的！该死的异族！ 除了大秦之外，大夏后面的那些真正的历史也被抹去了。好逆天的手段！原来是这个样子，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全是虚假的。特么的，原来之前蒙恬将军说的仙道传承断了，就是因为鬼仙一族超了。也就是说，要是没有那些该死的家伙，咱们也是可以修仙的。大夏历史被改变了，那我们呢？各国观众得知真相之后，皆是陷入了轰动，感到头皮发麻。能够通过时间长河抹去真正历史的敌人，这样的手段。 让他们不寒而栗，大夏的观众恍然大悟，义愤填膺，皆是破口大骂；而其余各国观众，则是关心起自己国家的历史到底有没有被改写。请问陛下，那既然大夏所知道的历史是假的，那大秦真正的历史呢？在直播间轰动议论时，于立群迫切的询问道：“除了大秦以外，往后的那些历史，难道也被改变了吗？”如今他想要尽快的了解到关于大秦的真正历史，以及一切关于大夏的历史。 秦政看到于立群等人的深信不疑，心中对于这次的编造颇为满意，且脑海中不断有系统提示着声望值的增加。大秦的真正历史，你们不是早就看到了吗？他反问一句，随后继续说道：“起源秘境中，就是大秦的真正历史。关于尔等所了解的大秦灭亡，大汉当立，朕可以告诉你们，同样是假的。至于其他的，尔等会知晓的。”闻言，于立群深吸一口气，脸上的激动无法掩饰，郑重的点了点头。 太好了！他看向旁边的季青山，激动道：“原来历史是假的，现在我们有机会了解到真正的历史。大夏的史书要改写了。真没想到。”季青山点头，震撼依旧。仅仅只是稍微了解，他们就得知这么惊人的消息。整个大夏的历史有很大可能全是假的。可是让人庆幸，大秦帝国还存在，秦政还活着，他们有时间，可以去慢慢了解到大秦的真正历史。 而秦政与两人没有任何障碍的沟通，让现在的各国代表在震惊过后，看得一脸羡慕，心中更是无比嫉妒。他们也想跟大秦的至强者去了解其余事情，却完全就插不上话，主要还是不敢。朕已知晓，如今祖星的后人建国大夏。看着一个个欲言又止的其他国家之人，秦正脸上的表情看不出喜怒，淡然询问道：“那么尔等，又是何身份？”这突如其来的询问，顿时让各国代表打起了精神。尊敬的陛下，我是自由国的代表。 如果按照大夏古人的话来说，就是使臣。我一直都很喜欢大夏的历史，也非常爱您。见到您，是我，是无数自由国人三生有幸。四海沸腾，五花八门啊！你在这玩成语接龙吗？嘿嘿，回陛下，我们来自泡菜国，一直以来，我们都是非常尊敬您的。我们来自毛熊国，早就听说陛下英明神武，乃是真正的千古一帝。今日一见，果然非同凡响，令人佩服的五体投地。我们。 我们来自樱花国，伟大的陛下。他们接连进行着自我介绍，以及各种匪夷所思的词汇。到樱花国的代表回答时，明显带着心虚。等所有国家的代表回答了之后，一个小小的蓝星，竟有这么多国家。秦正故作模样的皱起眉，显得不悦的看向代表大夏而来的季青山和于立群，继续道：“怎么，大夏没能统一？”啊！两人闻言，猛地瞪大了眼睛。统统一，秦正的意思？ 则是不太满意大夏没能够统一整个蓝星。嘶，他们没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就连在场的其他国家代表也都听得一脸懵逼。季青山头皮发麻的解释道：“这，这个还真没有办法。如今的大夏还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的。至于统一蓝星那么多势力，实在是……”他叹息一声，哪怕没把话说完，却已经不言而喻。对于这样的回答，罢了。秦正平静的一摆手，略显感叹道。 这不怪你们，由于鬼仙一族的原因，导致大夏后世断了仙道传承，没能一统祖星，情有可原，表示了谅解。他没有太过深究。于立群与季青山松了一口气，否则还真不知道该去再说些什么。一统蓝星这样的事情，对大齐而言不是问题，可对大夏来说却在痴人说梦。而这，也让原本瞬间把心提到嗓子眼的各国代表重重松了一口气。好在秦政没有说要帮大夏把蓝星给统一。不过，正在所有人都不知道说些什么时。 不过话说回来，秦政似在回忆，旋即话锋一转，悠悠道：“除了大夏以外，祖星之上的其余国家，早在大秦时期就实现了统一。说起来，而等到也算大秦的子民。”啊！于立群听到这惊人的消息，目瞪口呆的询问道：“这陛下是说，大秦当年的统一不仅仅是统一六国，而是统一的蓝星？区区六国的统一算得了什么？自然是整个祖星的统一。”秦政不屑，给出了回答。瞬间。 在场各国代表头皮发麻，傻眼。可回过神后，我们我们的祖先也是大秦的子民，大秦帝国的一员。如此一来，那我们岂不是也可以休闲？没想到，我们的祖先果然跟大秦有着关联。哈哈哈！他们本来还震惊大秦时期的一统是对蓝星的一统，可听到秦政后面的，回过神后顿时狂喜不已。尤其是直播间，已是彻彻底底炸开了锅。啥？当年大秦的统一不仅仅是六国。 而是对整个蓝星的统一。卧槽！大秦两千多年前就对蓝星实现了统一，而我们所了解的，只不过是一族改编过的大秦历史，居然把大秦说的那么弱啊！整个蓝星的统一，那自由国的祖先是大秦帝国的子民，延续至今，那自由国岂不是也算是大秦的子民？何止是自由国，整个蓝星的国家都算。那这就说明，我们是有机会修仙的。太好了，太好了！哈哈，真没想到。 我们祖先是大秦帝国的子民，这一下子不仅仅是大夏能够修仙，我们泡菜国也可以了。早知道我们之前就不用那么大费周章，低声下气去求大夏。在大夏观众震惊懵逼的时候，其他国家的观众瞬间变得欢呼雀跃，发了疯似的狂刷弹幕。既然是大秦帝国的子民，他们肯定能够修仙。眼看着蓝星众人反应越来越大，倒是比预想当中要顺利许多。秦正心中嘀咕一句，嘴角露出一抹得逞的笑容。而此时，声望直加幺零零零零零。 声望值加三零零零零零，声望值加，系统的提示不断在脑海中响起。而这一次声望值的疯狂暴涨，远超过之前任何一次。秦正看着，还没一会就得到了上百万的声望值，心中越发满意。虽说两千多年前，尔等的祖先可以称之为大秦的子民，但皆是蛮夷，攻大秦奴役,役的奴隶。他脸上不露丝毫，似在追忆的喃喃道：“不曾想朕律大秦飞升，岁月如梭，昔日的蛮夷奴隶。” 如今在祖星上，倒也是有了文明的人。随着最后一句话落下，本来听到自家祖先在大秦时期算是大秦子民而激动不已、渴望修仙的各国代表，脸色猛然一变，惊愕地看向还在追忆一样的秦政，什么意思？啊？蛮夷，大秦所奴役的奴隶？他们脸上的笑容凝固下来，脑海空白一片。秦政究竟在侮辱他们，还是真的在怀念起过往？奴隶这两个字在各国代表的耳边不断回答，如同闷雷炸响。 这使得他们的脸色青红交替，极不自然。大秦时期，关于他们，还有着这样一层身份。而本就对这些国家代表鄙夷的纪青山跟于立群也是愣了愣，随后差点就憋不住笑了起来。大秦时期，他们的老祖宗只是大秦的奴隶。没想到，真没想到！两人相识一眼，嘀咕了起来。大秦统一的不仅仅只是六国，而是整个蓝星上的国家。除了大夏之外，其余皆是蛮夷，被大秦帝国所奴役的奴隶。 这才是大秦的真正过往，史书上没有记载到的历史。如今，他们代表大夏前来，就一定要抓住一切机会，去了解到更多关于大秦的历史，大夏之前的历史。看到似笑非笑的于立群与纪青山，啊！各国的代表脸色难看，只能在心中呐喊，却敢怒不敢言。这里是大秦帝国，他们无法放肆。可直播间却已然乱成了一团。哈、啊！大夏以外的国家，两千多年前都是大秦的奴隶。哈哈。 笑死我了！之前那些家伙还想着修仙，区区奴隶有什么资格修仙？原来大秦时期的统一是整个蓝星的统一，其他国家皆是蛮夷，小喽啰一样的角色。啧啧啧，不愧是正哥，看来我得留在直播间多多了解真正的历史了。当年的统一是对整个蓝星的统一，那其他的事迹，真正的情况又是怎样的？法克尔，自由国都是奴隶，有什么不可能的？这就是大秦真正的历史。看来两千多年前所谓的自由国并不自由吗？ 如果仙道传承没有被鬼仙一族弄断，你们放到现在，依然会是大夏的奴隶。西巴，大夏的家伙，别太过分了。有什么过分的？这是事实。区区泡菜国那么点地方，自成一国。原来你们是奴隶的后代，倒也不奇怪了。八嘎！樱花国肯定不是奴隶，我们的是徐福，而徐福就是大秦的人。我们是大秦帝国的后世子孙，我们真正的身份应该与大夏一样，都是大秦帝国的后人。去尼玛的！你们就是一群畜生。 叫鸡毛叫，八嘎牙路，大夏人，这次你们真的过分了。有什么过分的？你们应该庆幸没有亡国灭种。像你们这些畜生对大夏犯下的罪行，就应该诛九族、十族、百族、千族都不过分。之前不是说了历史被更改了吗？樱花国不可能做出那种事。就算没有做，你们也该死。八嘎！在得知其他国家在大秦时期都是奴隶的身份，大夏观众前所未有的沸腾了起来。无人想到，大秦的统一竟是对蓝星的统一。 根本就不是历史记载，只是扫平六国那么简单。面对大夏观众之前憋着被嘲讽的恶气，眼下诸多回怼反击的言论，其余国家的人瞬间破防，纷纷不愿承认。尤其是樱花国的人，直接就跟大夏的观众争论了起来。此时，秦政神识探开，自然毫无阻碍的看到了直播间里的沸腾。声望值加二零零零系统的提示仍在继续。而这也正是他故意为之想要看到的结果。声望值还在不断的飙升，一切在他的预料当中。 之所以蓝星的科技还能够进行直播，只不过是他命令蒙恬无需干扰，进行信号拦截，否则在进入大秦领域之时，就应该报废了。声望值还可以继续刷，他不会浪费这种机会。而之后，他已然有了计划，正在秦政规划后面要怎么安排的时候，陛下，您，您的大秦帝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修仙，且成功举国飞升，太不可思议。于立群开口了，态度随着得知的消息越多，变得越发恭敬的询问道。 您赐予大夏的起源秘境当中的功法，大夏经过尝试，确实能够修炼。不过，修仙之路对大夏而言还是太过缥缈，有太多太多事情远不是大夏目前能够触及的。别的暂且不说，先前听闻陛下已是半仙之境，而修仙意图的修为境界是怎样划分的？恭敬看着大殿上方那位大秦帝国的主宰，那么年轻的脸庞让他心中振奋，想要一点点去了解这个庞大的帝国，以及关于修仙的点点滴滴。不等秦正回答。 陛下开辟的修炼体系，境界由低到高划分为炼气、先天、灵海、金丹、紫府、神王、圣境、至尊、不朽、半仙、宇宙仙。蒙恬满是自豪的开口，略微停顿后，继续说道：“以大夏目前的情况，凡是领悟了陛下呼吸法的，算是迈进了修仙的门槛，也就是炼气境。由于仙道传承被抹去，大夏的起步太低，且祖星灵气稀薄，仅凭起源秘境恐怕不会有太大作为。” 没有丝毫拐弯抹角，他说出了关于大夏在修炼之上的弊端。这样吗？于立群得到回答之后，对着蒙恬抱拳道谢，心中叹了口气。如果仙道传承没有被鬼仙一族抹去，大夏是否已经与大秦一样进行了飞升？光是想想，他就感到极为惋惜。没有想到此前所了解到的历史，皆是虚假的。不过好在大夏有机会去认知真正的大夏历史。自己这一趟，必须要尽可能的多了解大秦，多了解修仙事宜。 而其余国家的代表在了解到修仙的多个境界之后，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秦政那么恐怖，可在他半仙之境，还有着更高的境界。据说修仙越往后的提升就越发困难，往往一个小境界都要花上很长一段岁月，更别说后面的大境界。这些小说中有过记载，可两千年的时间，秦政居然就已经达到了半仙之境的层次，好恐怖！两千多年过去了，秦政还是那么年轻。大夏历史上的古人一个个还活着，修仙之后。 寿命将会不断延长，长生不老。为什么我们在大秦时期会是蛮夷？我们要是也能修仙，该有多好！他们心中掀起惊涛骇浪，震惊之余，对大夏羡慕不已。目前整个蓝星，就只有大夏的人能够修仙。正在其余国家代表羡慕、思绪翩翩之时，两千年后的今天，祖星的生活如何？秦正打算将三不知贯彻到底，扫视着下方众人，但淡道：“此前既无法修仙，那么发展了那么久。” 科技上应该还不错吧，陛下。当然，祖星的科技还是发展的不错的。还不等季青山开口，自由国代表杰西迫不及待的说道：“回陛下，自由国拥有着当前整个祖星最为先进的科技技术，在科技领域上乃是当之无愧的霸主。航母、卫星、导弹乃至是核弹，以及无人机等等，皆是遥遥领先的。而且，自由国还有整个蓝星最好、最受欢迎的手机、无线网等生活所需。对对对，对的。” 陛下，我们日不落国的科技也不差的，在科技上，我们国家目前已是蓝星巅峰。日不落国的代表颇为深土，恭敬行里之后，满是兴奋的说着，而其他国家代表也连连点头，争先恐后的介绍着各国在科技领域最出色的方面。当然，其实他们的科技在蓝星上或许确实厉害，算得上顶尖，但是在见识到了大秦的空天母舰等恐怖科幻产品后，他们早就被震惊的头皮发麻，呆若木鸡了。不过。 这并不影响如今的他们，在秦政面前，各种表现自以，无他，毕竟现在谁还看不出来，大秦不只是修仙，而是各个方面都已经达到了巅峰了呀。如此恐怖的存在，只要大秦稍微的从指甲中露出一点点油来，只怕都足够蓝星各国发大财了吧？不管是修仙，还是科技，都可以啊，他们不挑的呀，他们真的啥也不挑，就眼巴巴的看着。此刻，自由国、日不落国等人。 都跟一个哈巴狗一样，就这么等着，想听到来自于大秦陛下的赏赐，说不定心情一好，唉，随便那么一赏，他们国家就发达了呢。不过他们此刻的这个模样，却是格外滑稽，毫无大国的形象。卧槽！自由国的家伙真的彻底不要脸了吗？真尼玛亮瞎我的太和金狗眼！没想到自由国在拍马屁，讨好的方面这么有天赋，牛啊！哼，大夏人好好看，好好学，哪怕是你们老祖宗又如何？ 都过了两千多年，我们同样可以认祖宗，哈哈哈！我相信，听到我们国家科技如此繁华，秦政一定会喜欢。到时候一高兴，自由国肯定有机会得到修仙的资格。西巴，那又怎么样？我们代表这次表现也不错，还带了泡菜过去，肯定不会比自由国的差。大秦帝国的科技尽管有太多见所未见，但都是军事上多，生活科技能有我们自由国厉害吗？就是就是，如今各国观众都在议论不绝。 自由国的观众信心满满，得意洋洋地炫耀了起来，甚至已经在谈论着得到修仙功法之后的憧憬与向往，甚至都不只是修仙了，他们都已经开始幻想在大秦帝国生活的场景了。这让其他国家的观众一阵咬牙切齿，因为从始至终，自由国在大秦的绝对主宰面前表现的就是个马屁精，让人看得牙痒痒。于万众瞩目之下，呵，秦政只是轻轻地笑了一声，什么也没多说，但就是这一句轻笑，却是让在场所有人不禁身躯一颤。 一哆嗦，就仿佛他们的心思秦正早就知道了一样。他们殊不知，刚刚自由国等所提到的科技，对他而言都不值一提。自己都穿越那么久，自由国也不行啊！搞来搞去，好像也没搞出什么厉害的科技啊！垃圾！秦正没有了丝毫兴趣，他摇了摇头，略显失望道：“太落后了，已经过时的东西，倒没什么让朕稀奇的。”啊！杰西本来还想着待会可以请求得到能让自由国修仙的功法，听到这番话。 当即瞪大了眼睛，而在场的其他人也都一个个傻眼了。落落后，不是，这已经是他们最巅峰的科技产品了，还落后，这一点让他们完全摸不着头脑，都懵了。尽管大秦帝国的科技确实让人触目惊心，可蓝星所制造，而且还是自由国那边所提到的卫星、火箭、互联网等，竟然只配得上一句落后，啥情况？就在此时，哈哈，尔等不用那么疑惑。 蒙恬大笑了起来，解释道：“其实很简单，你们所谓的那些科技，在大秦可以说是老古董，准确说连老古董都算不上了。”十什么？这一番话，不仅是杰西，其余国家的人都不约而同失声惊呼了起来。惊为天人的话语，着实把他们给干懵逼了。老古董都算不上，花里胡哨，像是在说自由国刚刚提到的科技就是破烂。而且前面秦政神色平静的样子，更是完全不像是装的。到底怎么回事？蒙恬。 秦正看着懵逼的蓝星众人，示意道：“给他们一个大秦星域网的账号。”是。蒙恬闻言，走向蓝星众人，咧嘴道：“你们有没有带可以登录网站的电子产品？”有。有的。众人为之懵逼。季青山内心震动，立马取出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紧接着，他们看到了匪夷所思的一幕：只见笔记本自动连接了网络。除此之外，蒙恬更是没有丝毫阻碍的使用起了笔记本。随着网址的输入，账号的登录。 在场的蓝星众人瞬间就围了过来，目睹了蒙恬输入了一串数字，登录了账号。有龙吟响起，一个前所未见的网站赫然呈现，密密麻麻的文字显露出来，让看到的人无不动容。帝都新闻，大秦头条，特别通报：大秦星际重工集团分布已于第六星域正式竣工。征婚网，九尾妖族大千金招聘上门女婿。军事新闻特别报道：大秦帝国第五百艘寂灭号空天母舰正式启动。 第三星域天启号恒星级战魂机甲已达到量产条件，第九代龙魂芯片研发成功。探秘，第二星域发现隐藏秘境，官方已派遣人员进行探查。行星级歼敌巡航,航舰将正式启用，前往边疆戍边。星域，大秦偶像练习班已成立两年半周年，练习生们将于大秦 C C T T E 进行唱、跳、rap、打篮球的精彩表演。生活区、八卦区、运动区、二次元、天堂大影院。 一条条新闻以及一个个板块，让在场的众人看得目瞪口呆，头皮炸裂。大秦重工，这这是怎么一回事？新闻头条，我确定没看错，这就是属于大秦帝国的网站——大秦新域网。怎么，怎么里面什么都有啊？娱乐、军事，天呐，这是认真的吗？他们死死看着季青山手中的笔记本，皆是被大秦新域网其中蕴含的内容深深震撼着，忍不住的发出惊呼。没有人想到。 大秦帝国竟然也有互联网，准确来说，这个互联网的强大与覆盖面积，甚至超越了一个星球，甚至通往了宇宙。无数信息出现在网站当中，琳琅满目，看都看不完。可是，每看到一处，众人都是瞪大了眼睛。大秦重工，寂灭号空天母舰，整整五百艘，第九代龙魂芯片，恒星级战魂机甲，行星级歼敌巡航舰，这诸多的军事科技以及各种产物，让他们脸色苍白。 身体止不住的颤抖了起来，大夏有的，大秦帝国同样有，而且还要更多、更丰富。而大夏没有的，大秦帝国依旧有，任何一样都让人不敢想象，甚至不敢相信。轰隆隆，在场所有人的脑海轰鸣，呆滞的看着大秦新域网无数内容，越是往下看，脸色越发茫然。他们只感到脑海一片空白，先前所经历的就像在做梦一样。尤其是直播间，当下所受到的视觉冲击前所未有的强烈，这特么！ 大秦帝国目前怎么什么都有啊？即便大夏也拥有的，却完全没有资格去跟大秦帝国相比较，即便是整个蓝星都无法与之相比。那么多恐怖的军事武器以及科技力量，这是大夏不曾拥有的，可大秦却能够轻而易举的制造出来，并且投入到使用当中。我尼玛，恒星级别的机甲，还特么能量产，得多恐怖啊！大秦征婚网，二次元天堂大影院，我，我确定没看错，玛雅，我。 我突然想去大秦帝国生活了，于教授，能不能帮忙问问正哥缺挂件不？法克尤，大秦帝国恐怖如斯，哪怕让我过去当一条狗，我也愿意啊！难怪之前秦正看不上那台手机，原来蓝星的科技真就没有半点资格去碰瓷大秦帝国。来自两千多年前的大秦帝国，存在至今，却掌握了无数高端科技的技术，制造出了跨维度的诸多产物。不敢想这到底是个怎样的帝国？大秦帝国的生活完全不比蓝星任何一个国家。 当我看到大秦新域网，突然有种想到大秦帝国定居的念头。到底有没有机会啊？像这种生活，才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生活啊！如果我不是蛮夷，而是大秦帝国的人，那该多好！无数观众惊吓不已，无法相信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之，就一点：蓝星有的，大秦同样有，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蓝星没有的，大秦照样有。任何一样都足以撼动蓝星，尤其是那些想要用蓝星科技去换取修炼功法的国家。 顿时心如死灰，感受到了深深的绝望。大秦的科技，已经不在他们所能够认知的范畴内。这样子，换他们没有任何能够打动大秦帝国科技上的产物，没有资格。声望值加五零零零零，声望值加六零零零零，声望值加八零零零零。大秦新域网对蓝星众人呈现而造成的轰动，让秦正的脑海中不停的响起系统的提示。看着水涨船高声望值，他嘴角上扬，内心颇为振奋。眼下对他而言。 得到的声望值无疑就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这么多年以来，自己的声望值终于再次有了大幅度的飙升。看着目前已经超过了三百多万的声望值，而等所看到的大秦星域网，就是大秦帝国经营至今的宇宙网站。秦正微微闪烁，看着大殿之下惊呼连连，看到大秦星域网更多关于大秦信息的蓝星众人，悠悠道：“先肃静。”话音落下，大殿轰鸣，在场的蓝星众人立马闭嘴，停下了手头的动作，不约而同看向威严浩荡的秦正。 突然，他们心中升起不好的预感。秦正显得略有失望，道：“大秦新域网不足以让你们了解真正的大秦。朕没有想过，只是一个网站，却能让你们产生如此之大的反应。蓝星终究是太弱了。两千多年后，科技的力量竟是如此令人失望。你们不需要再了解什么了，毕竟无用。尔等与朕说说造成祖心动乱的万族之事吧。”在蓝星众人尴尬不已时，秦正眼眸深邃，缓缓道：“最早发现的裂缝通道是何时？” 目前祖星之上，到底有几个通道？入侵一事，原因是否了解？威严的声音回荡在大殿内。听到秦正三问，陛下，祖星最早发现的裂缝通道已有多年，且目前蓝星已有十多个被异族打通的裂缝通道。至于具体原因，还未得知。季青山不敢怠慢，一五一十的回答着问题，没有任何隐瞒。在场的其他国家代表，一个个眼睛发亮。如果大秦帝国肯出手，入侵蓝星的那些异族。 必然会在短时间内被荡平、毁灭。他们内心振奋，脸上满是期待。毕竟，无论之前的蒙恬还是传旨的那名太监，出手就能覆灭裂缝通道那一头的异族，过程摧枯拉朽，异族无法反抗。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中，不清楚原因吗？秦正若有所思，深邃的眼眸微微闪烁，让蓝星众人不敢打扰。片刻后，陛下，您带着我们征战那么多年，却从未听说主星那边出事。蒙恬走出。 欲言又止的说了一句。闻言，秦正剑眉一挑，肃然道：“继续说。”陈怀疑入侵蓝星的那些异族，会不会就是我们昔日征战星空之时没能完全覆灭掉，亦或者逃掉了的那些家伙？蒙恬郑重开口，把话给说了出来。此话一出，在场的蓝星众人神色一变，秦正则是眉头一皱，微微点了点头，倒不是没有可能。他对于蒙恬的猜测颇为满意，这完全就是一个助攻，让蓝星的人相信自己所编造的一切属实。 这就能更好的去刷声望值。蒙恬冷哼一声，旋即眼中满是杀意道：“陛下，臣提议以蓝星作为跳板，率大军前往，踏足蓝星之外的万族余孽，彻底将他们杀绝。此事对大秦而言，自然不在话下。暂且不急。”秦正微微点头，不过却摆了摆手，没给其余大臣说话的机会。蒙恬一脸恭敬，颇为认真道：“陛下，昔日大秦的敌人，除了归降，剩下的要么逃亡，要么覆灭。” 若是要去荡平入侵祖星的万族，恳请陛下能让臣作为统帅，率军前往。准，陛下，极神原石足够的情况下，丞相等人与天外天的那些神魔大战，想必很快就能告捷。如今的大秦帝国已打下大大的疆土，且当前得知祖星坐标，外面或是我等还未探索过的全新宇宙。臣想，陛下可以考虑开辟疆土，部署新的计划。此事，朕有在考虑。陛下，臣还有一事，关于诡异禁区。 说、哦，天外天的那些什么可以不再考虑，而大秦帝国如今的空前盛世，臣认为已有能力与诡异禁区开战。只不过那浑身红毛的家伙所操控的不详，令人头疼。不知陛下可有对策？大秦与诡异禁区必有一战，不过还不是时候。朕若有安排，会跟你们说的。两人的谈话让蓝星众人听得口干舌燥，头皮发麻。各国代表根本不敢打扰，却忍不住小声议论：天外天，神魔，诡异禁区。 入侵蓝星的万族，有极大的可能就是昔日面对大秦不敌而败走的存在。他们听着那一句句令人动容的话语，内心不由得再次掀起巨浪。如果大秦真的举兵前往蓝星，以蓝星作为跳板去讨伐那些异族，他们会不会遭受无妄之灾？要是被殃及，那可不是一件好事。而且从两人的对话当中，他们听出了反正这位大秦的绝对统治者的霸气凛然，丝毫不惧外敌。更让他们震惊的，还是那么恐怖的大秦帝国，当下还存在着敌人，可想而知。 那些敌人有多么可怕？季青山跟于立群相视一眼，皆能看到彼此眼中的震撼。真没想到，这么恐怖的大秦帝国居然还有敌人！他们口中所说的那些敌人，任何一个怕是能够轻易覆灭一方宇宙。这种战事一旦发生，不敢想啊！两人嘀咕一句，内心巨浪滔天。同时，他们极其清楚，要抓住这次机会，与大秦帝国建立好关系，去了解更多信息，更多已经被一族扭曲、更改过的历史。而且，大夏的重点。 必须是修仙，只有这样方能有自保的机会。哪怕是直播间，眼下也都再次沸腾了起来。入侵蓝星的那些异族，居然有可能是败在大秦的手中，逃窜的敌人。听他们的意思，难道大秦帝国要派遣大军前来蓝星？这样好啊！如果大秦帝国出兵攻伐蓝星之外的那些万族，那我们完全就不需要担心了呀！真没想到，那么恐怖的大秦帝国，居然还存在敌人，而且听起来还不少。上帝，这对我们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 一旦以蓝星作为战场，那得有多少国家被殃及？哪个蠢货说这是好事的？如果真要这样，那简直就是个灾难！西巴在一阵阵惊呼当中，各国的观众忍不住猜测、担忧了起来，因为他们无比清楚，要是蓝星作为战场，压根就经不起折腾。在所有人的担忧、震惊中，先静观其变。秦政深知，由于蒙恬提出的建议，已经让更多的人深信不疑。继续道：“目前，大秦与祖星只建立了首个通道，且远在第九星域。” 讨伐一事暂且不急。诺，蒙恬点头，退回了一旁。而对于秦政所言，呼，蓝星众人无不是长出一口气，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毕竟他们深知修土之间开战有多恐怖。大秦要是在蓝星开战，对蓝星的人类而言，可不是什么好事。可还没等他们过多庆幸，不过此事，朕已有决断。秦正如深渊一般的眼眸微微闪烁，毋庸置疑地宣布道：“大秦帝国将与祖星驻军接管祖星。” 以随时进入万族通道开战，打下更大的疆土。轰！秦政话语充满威严，于大殿中回荡。诸多大臣闻言，皆是恭声道：“我等没有异议，陛下的这个决定实在英明。我大秦疆土驻军祖星，不仅可以随时开战，同时亦能重新回归阔别了两千多年的故土。”蒙恬欣喜，朗声高呼。可是，在场的蓝星众人却是神色猛然一变，心中咯噔。大秦帝国将会在蓝星驻军，这…… 于立群跟季青山眨了眨眼，没能想到秦正做出这个决定。然而就在他们颇为意外时，其余的各国代表瞪大了眼睛，内心惊恐：“这是什么意思？接管蓝星，大秦要重新回归蓝星，对蓝星进行统治？不是吧？那这样我们可怎么办？”他们慌了，焦急万分，议论之时，每个人的脸上都透露着难以置信：“接管蓝星，如此一来，自己国家该怎么办？难道要继续沦为奴隶？” 一想到这，他们心跳加速，越发慌张，眼看着引起众人强烈反应。你们好像不太满意朕的这个决定。秦正冷哼一声，随即霸气道：“祖星本就是大秦故土，离开了那么久，也该收回来了。朕不是在跟你们商量，而是通知。”一瞬间，大殿为之轰鸣。季青山跟于立群浑身一颤，陷入了沉默。秦正所说，他们无法反驳。大秦帝国要接管蓝星，谁敢反对？ 可在场的其他代表却越发的惶恐，心中不由得升起恐惧。咕噜，他们艰难咽着口水，脸色苍白。大秦帝国要驻军蓝星，收回蓝星。而在大秦时期，他们那么多国家之中，除了大夏之外，其余国家的祖先皆是奴隶。若是这样，大秦要收回蓝星，他们岂不是没有好日子可过？不仅是在场的一行人，直播间的无数观众在听到秦政的决定之后，也轰然炸开了锅。大秦要回归蓝星了。 驻军的蓝星，接管蓝星，政哥时隔两千多年，要再次让蓝星实现统一，好霸气的秦政！不愧是能够统领大秦，让大秦举国飞升的秦政。他的这个决定，谁有资格去反对？西巴，大秦要接管蓝星，虽然说他们实力恐怖，科技超前，但这未免有些太不尊重我们了。死泡菜，唧唧歪歪什么？你们祖先是大秦奴隶的身份，足够让你们沾沾自喜了。而且蓝星本就在两千多年前就实现了统一。 如今只是收回而已，尊重你们干嘛？就是除了大夏，其他国家在历史上全是大秦的奴隶，你们有什么资格去反抗呢？不能让秦政接管蓝星，干涉蓝星的格局啊！我们可不想当奴隶啊！无数大夏观众热议，心中极为震撼，秦政的决定如同晴天霹雳，让他们始料未及。可其他国家的观众却无法淡定，陷入了一阵恐慌当中。他们害怕，害怕大秦帝国驻军蓝星之后，会让他们与老祖宗一样当奴隶。 原本那么多国家，都是蓝星的主人，转眼变作奴隶，他们无法接受。秦正看到难以掩饰慌张的蓝星众人，以及直播间各国观众的惊呼议论，没有搭理，更不在乎。继而等是祖星后人，此次前来，可以在帝都停留一些时日。他不打算再说些什么，大手一挥道：“都退下吧，陛下这是给你们开眼界的机会，还不谢过陛下？”蒙恬看着蓝星众人无动于衷，呵斥了一句。瞬间，原本还想商量些什么的各国代表猛地一惊。 多谢陛下！他们哆哆嗦嗦的躬身一拜，眼眸当中露出担忧之色。而此时，而等大夏之人，秦政似乎想到了什么，叫住了季青山跟于立群，淡淡道：“大夏乃大秦真正后人，血脉正统，可挑选天赋出众的年轻一辈前来修炼。”这，于立群跟季青山闻言，浑身猛然一颤，旋即连忙拜谢道：“我们替大夏谢过陛下！”这一刻，他们大喜过望。秦正亲自发话。 可以让大夏天赋较好的年轻人前往大秦帝国修炼。这，大秦留学生。一瞬间，两人脸上的笑容克制不住的流露出来。这样自然是最好不过，在大秦帝国有着更好的资源，有着更加专业的导师，有天赋的年轻人前来必然前途无限。可其他国家的代表却愣在了原地，呆呆的看向季青山与于立群。他们，他们大夏的人居然可以派人过来修炼？这，我们呢？陛下，大夏的人既然可以过来修炼。 那么，我们的人可不可以？所有人震惊、羡慕之余，都不由得赶忙询问了起来。大秦帝国这两千多年前就开始修仙，一旦大夏的人过来修炼，在那么好的条件下，必然会突飞猛进，到时将会彻底拉开与其他国家的距离。然而，就在各国代表迫切的询问之后，L，血脉不纯，不予考虑。别忘了尔等蛮夷的身份。秦正眯起了眼睛，蓦然开口道：“退下。”此话一出，各国代表脸色一变。 顿时感到可怕的压迫扑面而来，不敢再过多询问，他们只能转身离开。季青山跟于立群恭敬的告退之后，离开时脸上的笑容没有丝毫掩饰。这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绝佳的好机会。而如今的直播间，各种声音层出不穷。卧槽，咱们咱们大夏要出修仙留学生了！能够前往大秦帝国修炼，不是留学生是什么？太好了，大夏将迎来真正的修仙时代！哈哈，大秦留学生，这样的身份。 还真是让人向往。我要是有机会就好了，这不公平，不公平！为什么只有大夏的人可以派人过去修炼？就算我们大秦时期是蛮夷身份，可两千多年过去了，秦政不应该再用两千多年前的目光看待我们。说的没错，如今这个时代，只有修仙才是王道。就算我们不是大夏的人，也应该拥有修仙的资格呀！无数大夏观众喜出望外，沸腾欢呼，向往不已。这对于他们而言，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机缘。大夏说不定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提前进入全民修仙的时代，只不过其余国家的观众羡慕不已，打抱不平却无济于事。等到蓝星一行人离开，秦正眼眸陡然变得摄人心魄，威严弥漫。王翦、王奔，他手指轻轻敲击把手，肃然道：“朕先前说过，大秦将驻军祖星，此事交由你们父子。同时，你们负责统计蓝星的万族通道，调查共有哪些异族正在对祖星虎视眈眈。其余事情不需要做。” 等朕旨意，关于蓝星的事情，他立马交代了下去。闻言，王翦跟王奔没有任何怠慢，郑重点头。陛下放心，他们领命之后，直接走出了大殿。蒙恬站了出来，询问道：“陛下，您这是想要将祖星进行统一吗？一个小小的祖星，若想统一，不是轻而易举吗？”秦正笑着反问，随后眼睛眯起道：“何况祖星本就是朕，本就属大秦，外面的那些万族也妄敢染指，如今已与祖星建立了通道。” 驻军的决定，目的就是为了开拓大秦疆土。而等可还记得，朕早在之前就说过，既踏上修仙一途，就会给大秦打下一片大大的疆土。说到最后，他嘴角的笑意更多了几分。蓝星，万族，只不过是他用来刷声望值的，主要目的还是祖星之外，万族所在的宇宙。蒙恬听着秦政的话，顿时明悟。臣当然记得，他眼中满是振奋，恭敬道：“有陛下的带领，大秦必将更为辉煌。”对了。 秦正神色冷了下来，冷哼道：“先前你不是说过诡异禁区吗？此事，朕已有把握。除了诡异禁区，还有其余几块硬骨头，可以着手将其铲除了。既他们不愿臣服，朕就赐他们一死。朕就是要让诸天知道，剑锋所指之处，皆归大秦。”声音如龙吟，回荡在大殿内。一句句话透露着无上的威严，使人动容的霸道。尤其是他冷漠的眼眸，让大殿内的一众大臣心头一颤，旋即大喜。 陛下已有把握铲除诡异禁区与始终不愿臣服大秦的几根硬骨头。他们呼吸急促，振奋不已。只要诸葛丞相天外天那边的战土告捷，陛下所说的这些敌对势力又能铲除，那么大秦目前探索到、开辟出来的多个宇宙将会实现真正的大一统。秦正点了点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底气，则是因为他目前还在不断上涨的声望值得到确定之后，太好了！在场的大臣不是惊喜不已，放声大笑起来，而其余各族的强者。 心神狂震，他们又想起了之前需要造反，想要拼命换取自由的五大族，脊背发凉。此刻，他们彻底打消了最后一丝希望，将其深深的埋藏在心里面。除了臣服，没有他法，否则等待他们的只有死路一条。与此同时，蓝星前来的众人正乘坐着一艘巨大无比的星舰，于帝都建台朝天穹出发，没入云层。他们感受到了大秦帝国的壮大，看向下方的帝都，哪怕一副看的姿态，却也难以看到尽头。 仅是一座帝都就已经如此，他们不敢想象当下覆盖了多个宇宙的大秦帝国版图到底有多么浩瀚。突然，蒙恬的身影悄然出现，顿时让众人吓了一跳。没有去看其他国家的人，陛下说了，你们可以在这边驻足几日，多久由你们定。蒙恬看着季青山和于立群，继续说道：“而且大夏若是有优秀的年轻后辈，可以将其聚集起来，送往大秦帝国。我已经跟第九星域那边的军官打过招呼，只要有大夏的人过来，他们会放行。” 且全程进行护送，所以安全问题无需担忧。听着蒙恬的告知，其余国家的代表羡慕的就要抓狂。这种机会，他们也想得到，可是秦政的一句蛮夷，就让他们内心的期望烟消云散。本来还想着用蓝星的科技去换取一些修仙的功法，可在真正看到大秦的科技，看到了大秦星域网之后，他们的心就彻底死了。季青山跟于立群则是欣喜点头：“蒙恬将军，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还是放心的。”他们诚恳开口。 内心充满了期待，能够将大夏领悟了功法的年轻人送往大秦帝国修炼。他们之前还没有想过能有这种好事。而随着星舰上升的高度，就像是朝着宇宙进发。蒙恬将军，这是要把我们送到哪里？纪青山不免询问了一句。蒙恬轻笑道：“迎客星，一个专门用来招待贵宾的小星球。”陛下说了，你们远道而来，自要好好招待。于立群和纪青山相视一眼，心中不由得激动。身为大夏人，他们感到庆幸，秦正至今还活着。 大秦至今还存在，甚至还能够带动大夏彻底走进修仙时代，进入修仙的世界。有这样的老祖宗，他们又怎能不庆幸？可相较于季青山与于立群的高兴，其余国家的代表则是苦着脸，明显感受到了区别对待。蒙恬将军，陛下是个什么样的人？自由国代表杰西小心翼翼的询问道：“既然大夏的历史是假的，那么我们虽然不是大夏人，但也想了解一下伟大的陛下。”说完之后，他内心紧张，在他身后的其他国家代表。 一样紧张不已，原因无他，全是因为秦政之前说了，大秦帝国将会在蓝星驻军。他们并不了解如今的大秦，而且秦政没有让他们修仙的意思，这不由得让他们担心之后蓝星的格局，担心大秦帝国真的在蓝星驻军之后，会对其他的国家进行奴役，或者除掉一些国家。听到询问，陛下是怎样的人？蒙恬看了一眼杰西等人，旋即脸上露出狂热，无比骄傲道：“陛下乃是用千古一帝乃至万古一帝都无法称颂的帝王。” 而陛下，不是你们所认知的暴君，相反，陛下心怀仁慈，否则也不会对祖星所遭遇的危险施以援手，更不会让已经断掉仙道传承的大夏有机会踏上修仙之路。陛下知行合一，他说过要为大秦打下大大的疆土，他做到了，为大秦，为大秦百姓开辟了如今空前辉煌、鼎盛的大秦帝国。且在这条路上，他一直在践行，从未停下。随着蒙恬的开口，星舰上的大秦疆土一个个肃然起敬。 神色狂热，眼中满是崇拜，所有人都能看到，他们的眉宇间透露着难以掩饰的骄傲。一提及秦政，他们就会如此。听到蒙恬的话，在场的季青山等人心头震动，深知对秦政的了解还是太少，内心的好奇溢于脸上。成大秦帝国的疆土确实足够大，这一点他们不可否认。秦政飞升之后，在苍茫宇宙中，带领着大秦站住了脚跟，且发展成如今的庞然大物，如此作为。 他们要不是亲眼看到，根本不敢相信。而秦政究竟是这样做到的？所有人好奇更多。蒙恬注意到众人眼中的好奇，不由得大笑起来。看来你们挺想了解关于陛下的事迹，正好无事，我不妨与你们说说。他一下子就来了兴趣，坚毅的脸上露出了追忆之色，朗声道：“你们可要听好了。当年，陛下带领大秦举国飞升，于星空中登基，先秦正式进入了正轨。然而，修仙之路并不平坦。” 由于进入了未知的宇宙，陛下带领着我们寻找新的家园，过程中遭遇了诸多前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异族。一路走来，大秦帝国经历过太多低谷与危机，都是陛下不断的鼓励着我们，甚至多次凭借一己之力化解了危机。于大秦正式修仙五百年的时候，我们遇到了鬼仙一族，那一次是首次关乎大秦存亡的大战，死伤惨重。就在我们都陷入绝望之时，陛下不惜燃烧精血，以重伤为代价，独自杀戮。 我还记得，在那一战中，陛下杀的浑身是血，杀的星河崩溃，数个星域化作虚无，斩杀鬼仙三尊太上皇，最终他一剑覆灭了鬼仙一族。只是没有想到，当时鬼仙一族的族长通过陛下的一缕因果线，穿越时间长河，前往了祖星，更改了历史轨迹，抹去了先秦痕迹，对大秦、对陛下进行了抹黑，且让后世断了仙道传承。第二次危机，则是大秦帝国欣欣向荣，陛下天赋冠绝。 不到六百年就突破至尊境时，十位至尊想要联手，想要将陛下灭杀，可他们却低估了陛下。尽管还是对陛下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可陛下彻底突破之后，冲出了这方宇宙，于宇宙中独自迎战十位至尊。那一战让整个宇宙崩溃，无数星球化作了齑粉。哪怕十位至尊联手，却无法将陛下镇压。经过三个月的大战，整个宇宙摇摇欲坠，而陛下在这一战中斩杀八名至尊，另外两名至尊重伤败走。 生死不明，成之后，陛下崛起的脚步无人可阻。由于宇宙坍塌，他率大秦奔赴新的宇宙，途中曾一拳轰灭一剑。殊不知，陛下最强的是他的剑法，要么不出剑，一旦剑已出鞘，任何存在必将被一剑摧之。让万族为之胆寒的一次，乃是陛下以不朽修为，一剑碎苍茫，宇宙崩溃，强如化神境却也难逃一死，彻底陨落。大秦成长到如今的地步。 陛下功不可没，无数个想与大秦为敌的世界在他手中毁灭，多个宇宙被他轰成齑粉。哪怕只有化神境，陛下也能杀得一尊尊半仙为之胆寒。即便如此，属于陛下的战绩都太多太多，太过辉煌，远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完的。陛下要走的道，乃是最难的无敌之道。两千多年的岁月，陛下未尝一败，至今未有敌手。且不说前不久踏入了半仙之境，以陛下的实力，恐怕就连在半仙之上的宇宙仙。 他亦能与之一战，立于不败之地。一句句话就像天雷，不断在众人的耳边炸响，轰鸣不绝。在场所有人早已听得目瞪口呆，心神狂震。这些关于秦政昔日的战绩，太过恐怖，太过骇人。蒙恬看着众人的反应，满意的点了点头。除了陛下，先前你们不是见过了白起吗？他咧嘴笑了起来，继续说道：“关于他，我想也该向你们重新介绍介绍了。你们皆知白起有人屠、杀神之称。” 可你们不知道，数十万的杀戮对他而言只不过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数字，人算得上什么？只要陛下一道旨意，什么神族、妖族、魔族，百万、千万、亿万，对他而言也不过是一个数字。所过之处，再无生机。如今的他，只要出手，就是赵为单位，因为数量太少，他看不上，更不屑出手。除了陛下以外，白起的杀戮之道无人能及。陛下曾说过，白起就是为了杀戮而生，只有杀戮。 才能让他兴奋，追随陛下一路走来，死在他手中的亡魂早已无法统计。白起如今哪怕只有化神境，可他身上的煞气一旦绽放，即便一个完整的宇宙都无法承受得住。而且陛下也说了，待到白起踏入半仙之境，他能让诸天宇宙仙之下为之颤抖。说到这里，蒙恬停了下来，实在是太多太多。无论是陛下还是白起，身上的战绩无法在短时间内说清。可即便只有这些，却让季青山。 于立群以及其他国家的代表听得冷汗连连，头皮炸裂，一拳轰碎一个世界，一剑斩灭星河宇宙，哪怕没有成就半仙，却能够斩杀半仙。出城至尊时，更是凭借一己之力斩杀八名至尊，两名至尊重伤逃亡。这这，白起，白起也这么恐怖？修仙真就这么逆天？星河宇宙说灭就灭？若是达到了后面的境界，那又得多恐怖？两千多年的岁月，历经无数杀戮却未尝一败，走出无敌之道。 咕噜，蒙恬的话语在他们耳边不断回荡，心头狂震不已。这哪怕让他们放开了去想象，都难以想象得到那一幕幕恐怖的画面。艰难咽着口水，每个人都觉得毛骨悚然。对于秦政、白起的战绩，只觉得难以置信。这两位怎么会那么恐怖？仅仅只是听着，却足以令人颤抖，感到窒息。两千多年来，秦政的对手没能让他败过一次。刚刚突破至尊，却能同时面对十位至尊而不败。 甚至八死两重伤，秦政，这就是我们的正哥。卧槽，白起的单子大的这么离谱，几百万、几千万、亿万都无法形容，反而用这来技术。杀戮之道，仅仅只是煞气，就能让一方宇宙都无法承受。秦政带领大秦举国飞升，称霸宇宙，所过之处没有敌手，成就了如今辉煌鼎盛的大秦帝国。大夏的这些老祖宗，怎么每一个都那么恐怖？如此恐怖的大秦帝国。 统领着一个又一个宇宙，秦政要让大秦驻军蓝星，难道我们又要像大秦时期的祖先一样，成为奴隶？我们是大秦眼中的蛮夷，得不到修仙功法，没有机会修仙，这样下去，岂不是迟早要灭亡？活了两千多年的秦政还那么年轻，或许我们曾孙一辈都入土了，秦政带领的大秦以及大夏恐怕还活得好好的，毕竟大夏可以组织优秀的年轻人前往大秦修炼。直播间里的无数观众，同样感到心惊骇然，毛骨悚然。 关于秦政跟白起的恐怖战绩，他们无法想象，或者说想也不敢想，实在是太过可怕。一个世界，一个宇宙，说毁灭就毁灭。大夏的观众在震惊过后，瞬间表现的狂喜不已，激动的无法自拔。可其他国家的观众就不一样了，由于再一次刷新了对修仙的认知，他们想到秦政之前所说要驻军蓝星，且接管蓝星的话，心中忐忑不已。如果大秦帝国要再一次统一蓝星，他们根本就没有反抗的能力，准确来说是没有资格。 到那时，可怎么办？在直播间观众全部为之哗然时，庞大无比的星舰已然出现在了宇宙当中。往前看去，远处正有着一个光怪陆离的星球，映照着漆黑的深空。可就在众人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就看到了四面八方显得波澜壮阔的连绵不绝的一道防线。而在四面八方，有不少的星舰、战舰以及商队巨轮行走于宇宙当中。不仅如此，一座座屹立在星空中的传送阵，时不时绽放璀璨光芒。 陆续有人被传送到来，且体型庞大、充满科技感的卫星，隐匿在虚空中的哨塔，折射着五光十色的一个个小型空间站，所有的一切都透露着大秦帝国的辉煌与恐怖。任何一样都显得是那么的奢侈，就连宇宙都变得科幻起来。所看到的种种，无不是猛烈的冲击着星舰上的蓝星众人，以及直播间内无数的观众。L，大秦帝国的整体实力到底有多恐怖？真正的大秦版图。 覆盖了多少个宇宙？那么多前所未见的科技，远超于蓝星的科技力量，全部出自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大秦帝国。准确来说，是出自秦政。秦政来自古代，而且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修仙。这两千多年的时间里面，他除了让大秦全面修仙之外，更是让大秦掌握了我们眼下所看到的旧型恐怖科技。不愧是千古一帝的秦政，不，万古一帝都难以评价他。这么多足以碾压蓝星的科技，维度远超于蓝星。 这些科技的超前程度，哪怕大夏在刻苦钻研数百年，怕是都无法将其掌握。大秦帝国明显就是一方高级文明，蓝星与其相比，根本就没有资格呀！太特么牛逼了！我这辈子都没有想过能看到这些，就跟做梦一样。无论是谁，内心受到了震撼，冲击更多。当下的震惊已然无法附加。回过头来想想，无数人久久无法回过神来。从始至终，大秦一次又一次的给他们带来了震撼。 而且随着星舰抵达了银克星，四季青山等人与直播间无数观众皆是倒吸了一口凉气。放眼看去，繁荣的景象碾压蓝星任何一个国家。不仅看到了发达、超前的交通工具，甚至他们看到的不再是古代的建筑，反而是一幢幢高楼大厦、各种酒吧、网吧、会所等休闲场所应接不暇。尤其是还能够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类与人力而行的异族，且还看到了真实存在的精灵一族。所有的一切。 都远超出了蓝星人类所认知的范畴，可这些却真实存在着。抵达了最中心城市一家最好的酒店，这个星球乃是大秦帝国公认的旅游胜地，同时也是陛下首个特批的大秦经济特区。在这里禁止争斗，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会有危险。蒙恬一边说着，一边拿出十几枚令牌道：“这是通行令牌，有此令牌，只要在大秦境内，你们将会畅通无阻。接下来这段时间，你们可以随便走，见识见识大秦帝国。” 当然，要是想走的话，我已经吩咐下去，随时可以将你们送离。你们可以住在这里，吃喝住行皆是免费。但是切记，一些禁区与禁地，你们千万不能擅自去闯，否则后果自负。其余国家代表接过了令牌，表示了感谢之后，纷纷走进了酒店当中。至于季青山跟于立群，看着手里的令牌，朝蒙恬抱了一拳：“有劳蒙将军了。”两人客气开口。蒙恬闻言，瞪眼道：“你们这些小辈，怎就这么多繁琐的礼数？” 这有什么麻烦的？对此，于立群略显尴尬地笑了起来，内心对于大秦帝国，对于真正的历史有了更大的好奇。季青山则是按捺不住内心的情绪，惊叹道：“真没有想到，大秦存在了两千多年，已经彻底脱离了古代生活，不仅在修仙上统治了多个宇宙，而在科技上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没想到，除了蓝星之后，还能看到比蓝星更大、更繁荣的城市，甚至还能看到灯红酒绿。这有什么？” 你们所看到的不过是大秦帝国的冰山一角，随便是我，也不敢说对如今的大秦能完完全全了解。蒙恬咧嘴笑着，脸上满是自豪。X，一听这话，季青山与旁边的余立群睁大了眼，再一次口干舌燥起来。此行前来，他们亲眼见证了一个修仙与超然科技并存、庞大辉煌、鼎盛的恐怖帝国——自由国、樱花国、日不落国、泡菜国。多个国家的代表进入了酒店之后，聚集到了一个房间之中。 没有去等待代表而来的季青山和余立群，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其中，阿三国的代表一脸害怕的询问着。此话一出，其他人纷纷陷入了沉默之中，脸上的担忧掩饰不住。无论是之前还是刚刚，他们都亲眼见证了大秦的恐怖。尤其在麒麟殿的时候，他们亲眼看到了大秦星域网之上的内容：大秦的重工、各种蓝星无法触及的机甲、战舰、空天母舰等超前科技，诸多的一切，让他们都感觉像是在做梦一样。 身为自由国的代表，杰西脸色难看。秦正要让大秦在蓝星驻军，要接管蓝星，狼子野心根本就没有对我们丝毫掩饰。他绝对是想要吞并除了大夏以外的所有国家，再次实现大秦时期的蓝星大一统。说到这里，他的脸色越发难看。面对恐怖如斯的大秦，他不认为自由国能有实力与之抗衡。或许对方派出一名大将，就能够把自由国顷刻炼化。其他人闻言，当即变得忧心忡忡。大秦要驻军蓝星。 这个决定是秦政的主意，可谁能改变他的决定？面对恐怖的大秦帝国，蓝星根本就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之抗衡，哪怕所有国家联合到一起，都不可能是大秦帝国的对手啊！与大秦帝国作对，那简直就是在找死。作对谈不上，可是我想问问你们，难道你们甘心被吞并，要跟两千多年前大秦时期的那些老祖宗一样当奴隶吗？当然不想了。可是我们没有资格反对秦政的决定啊！我不想当奴隶。 各个国家的代表愁眉苦脸，除了担忧之外，更有惊恐。大秦帝国一旦在蓝星驻军，他们将彻底失去地位，说不定还会成为奴隶。这是他们都不希望发生的。可听到众人的议论，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奴隶就奴隶吧，反正一旦万众大举入侵，我们也没有办法面对。说不定蓝星人类都要因此灭亡。樱花谷的代表是个戴着圆框眼镜的男子，推了推眼镜，叹气道：“大秦帝国要是在蓝星驻军。” 万族想要入侵就没那么容易。我们要是做了奴隶，起码还能活命；就怕我们连当奴隶的资格都没有。随着此人说出这一番话，其他人沉默了下来。不可否认，樱花国的代表说的很有道理。直播间里弹幕纷飞，哟，小樱花看得还挺明白的，长脑子了。他们樱花国就那么一点地方，万族一旦大举入侵，最近灭亡的就是那些小国家。他不这么说还能怎么说？西巴，仔细想想。 好像大秦驻军的决定没什么好反对的，而且就算是奴隶，那不也算大秦子民吗？成为大秦子民确实不错，而且已经过去了两千多年，他们应该也不会再继续让我们成为奴隶吧？我认为大秦驻军的决定还不错，起码有异族入侵的时候，大秦的人可以摆平危险。大夏的观众看得喜笑颜开，在直播间各种打趣、调侃，这对于他们而言，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大秦身为大夏的老祖宗，一旦驻军蓝星，不可能对大夏置之不理。 更不要说，他们一旦表现出色，还可以前往大秦帝国留学。其他国家的观众则是在衡量了利弊之后，对于大秦驻军一事，并没有表现得太过抗拒。只不过，这些各国的代表在讨论了一番，还是决定不打算继续在大秦停留。我们先回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大秦在蓝星的称霸，否则我们将会彻底的失去主动。他们脸上的担忧之色更多，即便知道机会渺茫，却也想找出解决的办法。于是。 各国的代表，仅仅除了大夏的代表之外，皆是达成了共识。他们没有在酒店内住下，而是停留了半个小时之后，凭借着之前得到的通行令牌，找到了明天安排在酒店外的接应人员。我们想要返回蓝星，杰西说出了当下的需求，心里面紧张。如果被扣押在这里，他们可能不会再有机会返回蓝星。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随我来。那名将土看着杰西等人，没有任何犹豫与刁难，当即转身着手安排。见此情况。 各国的代表皆是松了一口气，赶忙跟上。不多时，一艘星舰轰然腾空。酒店中，在窗边看着各国代表连夜跑路，代表着大夏的纪青山和于立群没有选择一起，亲眼目睹着星舰缓,缓缓消失在了视线中。没想到，这些家伙竟然跑得那么快，看来他们是不希望秦政对蓝星驻军。于立群摇头笑了笑，对于那些家伙的想法，自然轻而易举的看出。只不过，纪青山丝毫没有在意，冷笑道。 他们难道以为能够阻止秦政的决定？如果他们这么想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不仅小看了大秦帝国，更是小看了秦政。大秦帝国要驻军蓝星的决定，岂是他们能够轻易改变的？说到最后，他再次摇起头来。大秦帝国的恐怖与鼎盛，远不是蓝星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与之相比的，更是让人看不透。就算所有的国家联合到一起反对，也无济于事。闻言，于立群半躺在材质舒适、柔软、由异兽毛皮制作而成的沙发上。 轻叹道：“驻军的决定让那些国家马不停蹄的跑，那我们呢？如果大秦帝国要在蓝星称霸，重新一统，大夏也需要归顺吗？于老，你这个担心就多余了吧？”季青山哈哈一笑，继续说道：“你看，大秦本来就是大夏的前身，我们的老祖宗。如果要再次实现一统，何来归顺一说？再说了，这对我们而言不就是一件好事吗？能够跟着老祖宗一起修仙，一起开拓疆土。” 称霸一个又一个宇宙，人生中能有这样的壮举，岂不美哉？这一番话点醒了于立群，顿时明悟，哈哈大笑起来。对，说的对，我这把老骨头要是能够休闲，说不定还能多活几十年。他双眼明亮，心情愉悦之下，脸上的皱纹仿佛都减少了许多。帝都，皇城，系统加持所有声望值，我要继续突破。秦正淡淡开口，紧接着，吼！ 一道响彻天地的龙吟穿透着无数人的耳膜，朝着宇宙深处穿透而去。皇城上方，彩色的祥云遮掩了天幕，汇聚了一个无边的漩涡，恐怖的威压在此刻倾泻而下，笼盖着整个帝国。放眼看去，只见漩涡当中尚有一道绵延万里的庞大的身影隐隐若现。若仔细看，那竟是一头通体黑色鳞甲，且泛着如同纹路般赤色之芒的恐怖黑龙，生九爪，硕大的头颅俯瞰着下方，金色的瞳孔摄人心魄，睥睨万物。 由于体型太过于庞大，完全无法真正看清这一头眨眼就能毁天灭地的恐怖巨龙。密密麻麻的金色雷霆涌现，形成了一片滔天雷海。黑龙遨游在雷海当中，一道道龙吟传出，瞬间让无数的大秦子民匍匐在地，恭恭敬敬地朝着皇城方向跪拜下来。所有的大臣此刻闻声而出，看到天幕上的异象与黑龙后，皆是倒吸了一口凉气。这这是他们瞳孔收缩，无不是匍匐下来。而在他们震惊过后，脸上露出了狂喜之色。 因为就在此刻，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一股灵魂都为之战栗的恐怖气息从麒麟殿冲天起，陡然间，整个帝国都在震动。无上的气息穿过了云层，透过了虚空，没入了宇宙。圣光洒落，让皇城覆盖了一层耀眼的光辉，犹如极致的升华。龙吟依旧回荡，天穹之上的巨大黑龙似在欣喜，显得无比欢快。刹那间，滔天的气息波动自麒麟殿蔓延开来，一众大臣身体颤抖，脸色苍白。 可却难掩脸上的激动之色。陛下，陛下又突破了！他们口干舌燥，大口的喘着粗气。还没有离开的各族强者，在感应到这股气息之后，瞬间瘫软在地，浑身被恐惧笼罩。这这怎么可能、啊？他们惊恐万分的看着麒麟殿方向，内心的恐惧早已经溢于脸上，控制不住的剧烈颤抖着。秦政，大秦帝国的无上主宰，又突破了！要知道，秦政上一次顺利突破半仙之境，至今还不到半月之久。 却又再次突破，眼下所造成的声势，空前巨大。仅仅只是突破气息所形成的威压，却差点让他们魂飞魄散，被死死的镇压着。难不成，秦正已然登临宇宙仙，引起了整个星球，以及波及了宇宙之下？麒麟殿中，秦正蓦然睁开了眼睛，迸发出一道足以穿透无尽虚空、惊心动魄的摄人之芒。半仙巅峰，他感受着利用声望值再次精进的修为，嘴里喃喃了一句：“如今的他，能感受得到体内澎湃。” 浩瀚恐怖的力量，生生不息，滔滔不绝，在身体周围，他只是轻微的一个动作，就能够让空间为之扭曲，轰鸣炸响。当下自己距离成就宇宙仙，只差一步之遥。虽说如此，但秦正很清楚，这对于任何半仙巅峰的存在而言，想要迈出这一步都是极其艰难，甚至遥遥无期。不过有系统的存在，有声望值可刷，他倒不需要去担心什么，在极短的时间内就突破到了半仙巅峰。秦正嘴角勾起了一抹弧度。 内心颇为满意，真没想到，声望值还能够这么刷。他心里嘀咕，嘴角的笑意更多。实在是这段时间所获得的声望值太过于庞大，甚至远超越先前所获取的。而通过询问系统，他才清楚了声望值巨额暴涨的原因。只要是大夏之人所提供的声望值，将会翻倍。同时，由于蓝星意志发出了求救，所以只要是蓝星人类所提供的声望值，同样能够得到额外的加成。面对系统的解释，秦正自然颇为满意。 如此一来，蓝星无疑就是刷声望的绝佳选择。他心里面更是已经有了诸多的后续计划。正在此时，恭贺陛下再次突破，大秦将要更加辉煌。有陛下在，大秦帝国将会实现全新的辉煌，达到一个更高的巅峰。大殿之外，众多大臣的声音陆续传来，一道道声音透露着激动、震惊以及无法掩饰的狂喜。就在整座皇城都在恭贺，整座帝都为之沸腾。魏忠贤恭恭敬敬的从大殿外走了进来，躬声道。 恭喜陛下再次突破，有什么事？说吧。秦正摆了摆手，淡淡开口，对大臣们的恭维，他没有过多的理会，早已听得不厌其烦。闻言，魏忠贤不敢有任何怠慢，赶忙汇报道：“陛下，从祖星而来的人已经被蒙恬将军安置在了迎客星上。不过，不过除了大夏的后人之外，其余那些国家的人，在不久前已经选择离开，而且根据他们居住的酒店监听系统。” 那些人类似乎并不希望大秦对祖星进行驻军。听着魏忠贤的汇报，秦正冷笑了一声，像是早有预料。除了大夏，其余各国想怎么样，他根本不在乎。当下得到的消息，对他而言没有任何意外。看着似乎等待着吩咐的魏忠贤，无需理会。秦正眼眸深邃，摄人心魄，冷冷道：“大秦对蓝星驻军，且会接管蓝星的决定，正是通知他们，而不是要跟他们商量。没有去为此过多纠结。他想到了大夏的代表。” 还没有选择离开，这倒是让他颇为满意。秦正淡淡一笑，随后吩咐道：“既然他们想要留下，阿青，陛下请吩咐。”身穿浅绿长裙、有着曼妙身姿的阿青从屏风后走出，恭敬开口。在他的身上，隐约间透露着一缕缕可怕的剑气，仿佛随时都能够撕裂虚空。尤其是随身携带的一根竹棒，都给人极为锋利，乃是比剑更加锋利的神兵利器。秦正点头，继续说道：“你已经太久没有走动过了，趁这个机会。” 这几天时间，你就负责带大夏的后人们游玩一番，就当让他们见见世面。诺，阿青没有询问，也没有丝毫犹豫的郑重点头，干练的起身，他一步踏出，剑气肆虐下，消失在了大殿当中。秦正收回目光，似在思索。之所以让阿青带着大夏的人游玩，开开眼界，目的就是为了声望值。毕竟征战多个宇宙，大秦帝国彻底安稳，声望值已经很难再获取。可没想到，蓝星意识的求救。 却让本打算休战且后面再做计划的他，有了可以猛刷声望值地方。毕竟，只要是蓝星人类，都能够得到额外的加成，尤其是大夏，声望值的加成更为丰厚。只要有机会，那么自己当然不会放过。眼下声望值的事情，既然已经有了办法解决，咔嚓，秦正大手一挥，面前的虚空撕开了一道裂缝，紧接着，一幅画面呈现出来。此时的画面当中，白起手持秦皇剑背对而立，滔天的煞气覆盖着肉眼可见的一切。 毁灭着无数的生灵，周围的地面之上早已是血流成河，无数的尸体堆积成山。陛下似乎感应到了什么，他蓦然转身，当看到秦政之后，连忙躬身拜见。可重新抬头，他眼中露出了震惊之色。下一秒，白起胸前大幅度的起伏着，身体都在微微颤抖着。陛下，您您又突破了！他原本满是煞气、威严的脸上露出了浓浓的震撼之色，艰难的询问了起来。看着这位大秦帝国的第一战将。 很意外吗？秦政点了点头，似笑非笑。而画面的那一头，白起咽了咽口水，难掩失态道：“这陛下前不久才踏入半仙之境，可如今再次突破，已是半仙巅峰，恐怕要用意外也难以表达成内心的震惊。”行了，事情进展的如何？秦政摆了摆手，不打算在自己突破这件事上过多谈论，而是询问了起来：“先前要造反的五大族，他给过机会，既然不要，那就没有了再留着的必要。顺者昌，逆者亡。” 自己的规矩向来如此。白起缓了好一会之后，神色恢复严肃，郑重道：“臣已将九阴族、大眼神族灭族，目前正在处理五蕴神族。陛下放心，这五大族，臣不会遗漏任何一个，将其赶尽杀绝，斩草除根。”说到最后，他嘴角勾起一抹森然的笑意。秦正点点头，对于白起自然放心。尽快解决。他最终简单的说了一句，大手一挥，画面消失，面前的虚空恢复如常，而后。 扶苏，秦正悠悠开口。瞬间，先前恭贺过之后就始终安静站在一旁的扶苏，当即走出。与先前大胜而归的意气风发相比，当下却显得极为乖巧。而臣在，他恭敬开口，眼中满是敬意，看着眼前的扶苏。这些年，你做的不错，也的确成长了不少。秦正给予肯定。当下的扶苏已然能够独当一面，且早已经在大大小小的战场上锻炼了自身，展现出了惊人的军事才能与修仙天赋。扶苏闻言。 心里面不由得激动，嘴上却是谦虚道：“谢父皇夸奖，夸奖。”秦正笑了，丝毫不留情面地吐槽道：“朕的意思，难道你没听出来？不要成为大秦帝国天骄榜的第一人就沾沾自喜、引以为傲。以你目前的实力，没有必要盯着一个小小的天骄榜，而是想着怎么去冲击至尊榜。”儿臣明白了。扶苏略微有些失落的点了点头，不过又很快坚定的给出了回答：“父皇说过，修仙之路道长且艰。” 绝不能由于一时的平坦而选择安逸，迷失在自我满足当中。如今父皇已是半仙巅峰，都说虎父无犬子，自己又怎能泯于平平众生中？岂能丢了父皇的脸？秦正看到扶苏脸上透露出来的坚毅，满意的点了点头。对了，徐福那边还没有消息吗？他借此询问了一句。由于之前声望值实在难以获取，他最终决定继续派遣徐福外出，寻找还未曾发现的宇宙进行探索。想要发现新的宇宙，大秦率军前往。 以此获取声望值，只是跟预想中的不一样。徐福出去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至今还没有关于发现新宇宙的消息传回。而听到询问，父皇，扶苏眼眸闪烁，随后担忧道：“徐福还没有消息传回，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徐福原本还会准时给回一些信息，可最近他那边的消息不仅越来越少，有时候还会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失联。儿臣担心徐福由于进入了未知领域，又或者原有的航线出现了偏离，恐怕遭遇了意外。” 用不着担心，徐福不会那么容易死的。否则上一次打破这片宇宙的界海之时，他早就已经死了。父皇想说什么就说。而臣是觉得，如今的大秦帝国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领土之大更是覆盖了好几个宇宙、无数个星域。即便是这样，父皇还是要继续开疆拓土吗？自然，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朕要的不仅仅是当下。面对扶苏的询问，秦正眼眸深邃，语气坚定，得到了回答。 扶苏沉默了下来，父皇为大秦的开疆拓土，可以说是一生都在践行，从未停下。如果可以，他希望父皇能够停一停，好好的休息。而看到神色复杂的扶苏，大秦的脚步无法停下，朕也同样如此，无论如何都得向前走下去。秦正望向大殿之外，喃喃着说了一句：“自己与大秦帝国都不能停下向前的脚步，也没有办法停下来。”次日，作为大秦帝国经济特区的迎客星上，季青山跟于立群已然醒来。 全身心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舒畅，昨晚更是一辈子以来睡得最安稳、最踏实的一觉。这可当他们看向窗外，不约而同的感到震惊，瞪大了眼睛。外面就是浩瀚的星空与无尽星辰，一颗颗星球映入眼帘，且能看到稍纵即逝的璀璨流光。可被吓了一跳之后，两人才反应过来，还身处于大秦帝国的星空酒店当中。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对当下所看到的为之动容，感到匪夷所思。咚咚咚，咚敲门声响起。 季青山跟余立群都还没能缓过神来，过了好一会后，他们才想起有人敲门。等打开了房门，一名年轻貌美，却满是清冷，手里拿着竹棒的女子正站在门口。哎哦，看到来人，这位姑娘，你找我们？季青山只感到一股强烈的压迫扑面而来，心惊之余，小心翼翼地询问了一句，哪怕只是看着对方的眼睛，他都感到阵阵刺痛，心中高呼：大秦帝国一个个都那么妖孽。 他更加坚定了要更多了解大秦帝国信息，以及让大夏彻底进入修仙国度的念头。而在旁边的余立群一眼就认出了眼前的女子，说道：“你，你是陛下身边的侍女？”两个字，他没能说出口，对方的压迫实在太强。这名女子实力深不可测，他可不敢在言语上冒犯了对方。阿青闻言点了点头，却并未说话。在其身后的将涂满是崇拜的介绍道：“这位是阿青姑娘，你们切不可无礼。”此话一出，阿青姑娘。 越国的阿青姑娘，季青山跟于立群相视一眼，不约而同的齐声开口。瞬间，他们刹那瞪大了眼睛。三千越甲不可敌的越女，阿青姑娘，他们倒吸了一口凉气。没想到能够亲眼见到历史上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人物。可两人的话刚一说出口，这你们可就错了。别说三千，哪怕三十万、三百万、三千万，甚至更多，阿青姑娘手里的竹棒，就足以荡平一切。先前那名将土不屑一顾的冷哼一声。 颇为不满地反驳着，此话一出，本就感到不可思议的季青山和于立群露出了懵逼之色，呆呆看着眼前的阿青。三十万、三百万、三千万，甚至更多，一根竹棒就足以摧枯拉朽的负面。他们妈了，心中掀起巨浪。之前白起的单子越做越大，如今就连历史上的越女阿青都这么恐怖，仅仅只需要一根竹棒，就能一己之力上千万甚至更多的敌人。可仔细想了想，貌似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毕竟他们所认知的大秦历史，全是不真实的、虚假的。想要了解到真正的大秦，他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进行更多的认知。而且能够作为秦政的侍女，又怎么可能简单？于立群深吸一口气，小声客气地询问道：“不知道阿青姑娘过来，是有什么事吗？”“无事，只不过陛下交代我，让我带着你们走一走。你们可以借此机会重新认识一下大秦帝国。”阿青开门见山地说出了此行的目的，声音冷冰冰：“只要是陛下的命令，他会毫不犹豫的执行。” 哪怕这件事太过无趣。闻言，这这自然是最好不过。其实，以阿青姑娘的身份，不需要亲自劳烦你的。于立群与季青山先是一愣，随后大喜过望。对于阿青这位冷若冰山的美女子，显得颇不好意思。没想到秦正居然会让人带他们了解大秦帝国，不愧是大夏无数人心目中迷人的老祖宗。昨晚早就已经讨论过，先不着急返回蓝星的两人，当下已然迫不及待。问。 伴随着一座巨大传送阵的启动，季青山和于立群只觉得身体突然变得轻灵，眼前一花就实现了超远距离的跃迁。等再次睁开眼时，他们似乎抵达了这片星域的深处，周围有重兵把守，一个个星空堡垒屹立在四面八方，一艘艘盘踞在星空中来回巡逻的巨大战舰，以及一座无比宏伟、矗立在星空之上，且通体由无数晶石打造而成的辉煌宫殿映入眼帘。眼前的这座宫殿，目光所及就像是遮掩了半个星空。 由内而外的透露着惊人的气息波动，隐约间还能听到阵阵喊杀声在耳边响起。看到这一幕，阿青姑娘，这里是？纪青山难掩心中好奇，口干舌燥的询问着。哪怕只是一座建筑，光是看着就让他胆战心惊，停下了脚步，不敢上前。眼前的恢弘宫殿，就像一尊遮天蔽日的恐怖巨兽。阿青看了一眼纪青山，神色清冷，淡然道：“此地是大秦帝国的战争博物馆。” 里面存放着大秦飞升以来遭遇的一个又一个敌人覆灭之后清剿的战利品，存在着大秦发展至今的诸多战绩，里面承载了大秦两千多年间的诸多记忆，以及陛下的不世之功、斩杀的敌人标本。你们想要了解大秦帝国，这里是个不错的选择。提及秦政，他清冷的眼眸中露出崇敬之色。大秦帝国的战争博物馆，莫等季青山开口，这这可、个、太好了！若能参观一番，我们一定能更加清楚的认知到真正的大秦。于立群呼吸急促。 振奋开口，作为历史领域的顶尖学者，他从得知之前所研究的大秦历史，乃至是大夏历史都是假的之后，就一心的想要探索，见证真正的历史。如今有机会，他自然无法克制住内心的激动，显得着急。跟随着阿青、于立群、季青山，小心翼翼，颇为谨慎的跟着，好奇的打量着周围的一切。可刚刚走进大门，咕噜，于立群、季青山就顿时感受到了一股惊人的气息笼盖而来，艰难的咽着口水。 他们总有种感觉，就算这是一间博物馆，却好像到处都充满了危险一样。而看到博物馆的内部，就连直播间也刹那沸腾了起来。随着走进战争博物馆，轰隆隆，杀杀杀！我不甘心！轰鸣声、喊杀声、怒吼声，诸多声音不断传出，掺杂到一起，令人毛骨悚然。原本沸腾的直播间在此刻寂静下来，弹幕消失不见。跟随着阿青的脚步，于立群、季青山心中忐忑。 一步步朝着深处走去，走到的两旁摆放着一个又一个透明，如琥珀一般无瑕，由特殊晶石打造而成的柜子。这两人不断观望，头皮发麻，各种刀枪剑戟应接不暇，各种重甲、高科技的战甲琳琅满目。主要是在这些物件之上，他们感受到了浓郁的煞气，像是进入了冰窟，心底发毛，脊背发凉。可走着走着，他们停了下来，就在前方不远，一尊巨大的身影正摆放着。仔细看去。 那竟是一尊通体黝黑，浑身充满了狂野气息的肌肉，光是看着就让人头皮发麻。高达数百米的恐怖巨人，而在巨人的胸口处，有着一道触目惊心、贯穿了整个身躯，且能看到森然白骨的可怕伤口。秦正，我不甘心，我好不甘心啊！在余立群跟季青山观望着巨人之时，耳边传来了阵阵凄厉的怒吼声，心神大乱。仅是一瞬间，他们在恍惚当中，仿佛看到了恐怖的尸山血海，以便充满了血色的世界。 以及一尊遮天蔽日的身影，正轰然倒下。而在那道身影倒下之时，他们看到了一道比巨大身影小了无数倍的背影，负手立，踏足虚空，哪怕只是站在那里，却足以宇宙为之震颤。轰鸣，恐怖的画面冲击着两人的心神，身体不停颤抖着。不知道过了多久，于立群跟季青山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一脸的难以置信。刚刚，我们好像看到了可怕的画面。两人惊恐地发现，先前所看到的画面消失。 可耳边的满是不甘的咆哮还在回荡，再次抬头看向面前的巨人，他们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到底是什么存在？哪怕已经死了，被放到了大秦帝国的战争博物馆中，却依旧能给人带来如此巨大的压迫。阿青看到两人被吓到的模样，微微皱眉，不过却很快又舒展开来。这是一尊半仙的标本，昔日这方宇宙当中，玄罗古族的最强者。再次谈及秦政，他的眼神不再清冷，而是浮现崇敬道。 玄罗古族是陛下要让大秦帝国于这片宇宙驻足时遇到的强大敌人。当时大秦抵达这片宇宙之时，就对大秦百般阻挠，且让大秦经历了多次危机。好在有陛下，他以绝对的实力让大秦帝国得以稳定。至于玄罗古族，陛下御驾亲征，没有给对方投降的机会，进行了往日恩怨的清算。当时的陛下还只是化神境，面对拥有半仙老祖的玄罗古族，他没有退后一步。 而是凭借着自身出色的能力，一路厮杀，与玄罗古族的半仙老祖进行了惨烈大战，最终一剑将其斩杀，毁去神魂，只留下了这具肉身。说到最后，他眼眸当中露出了回忆之色。听到这一番话，四季<死>青山、于立群不约而同的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们眼前所看到的巨人，竟然是一个古族的半仙老祖，被秦政斩杀。刹那，他们如遭雷击。之前所看到的尸山血海。 就是大秦帝国与玄罗古族的恐怖大战，而看到的那道伟岸身影，就是秦政。昔日的秦政只是化神境，却能够越境斩杀一尊半仙。如今的秦政已是半仙，那又得多恐怖？而且眼前的标本，半仙的肉身，哪怕已经死了，却还是足以让人看得头皮发麻。上面所残留的记忆，令人毛骨悚然。修仙意图，实在神秘莫测，难以想象。阿青没有理会瞠目结舌的二人，朝着前方迈步，眼中的追忆更多。 这是大秦帝国驻足这片宇宙十周年时，向大秦宣战的三大势力，而他们分别是九幽魔族、赤羽圣朝、涅槃圣地的化神老祖。陛下以一敌三，将其神魂湮灭，留下肉身做成标本，震慑当时大秦的敌人。这些，则是当时大秦还未站稳脚跟，试图想要联合起来反对大秦到来的各族强者。只不过在后来，大秦崛起的时候，陛下没有给他们机会，全部将其诛杀。 这颗心脏乃是一名化神巅峰大能的心脏。陛下先前遭到此人的伏击，后来他连求饶的资格也没有，被陛下一拳轰灭了神魂与肉身，唯有心脏没有消亡，于是被陛下取走，放到了这里。而这个，原先是一颗底蕴强大的星球，只可惜他们站错了队伍，与大秦帝国为敌。陛下一人前往对方所在的星系，一手将其抓起，将其上的生灵顷刻炼化，将没有了任何生机的星球封印了起来。这。 乃是前些年陛下在经历了一场大战之后，一方宇宙坍塌，经历而成的宇宙本源。一路上，形形色色的可怕肉身标本呈现，除此之外，更有不少残缺却透露着惊人气息的四肢，乃至是一颗完整且散发着淡淡光芒的心脏，甚至还有一颗被封印压缩了的星球。任何一样，都足以令人动容。阿青介绍着所看到的一切，眼中的敬意没有掩饰，仿佛只有提及秦政时，平日里的清冷才会消失不见。可正是随着他的介绍，于立群。 季青山看到了一幕幕触目惊心的画面，感应到了这些标本上蕴含的可怕气息以及强烈的不甘，早已脸色发白，身体止不住的哆嗦。任何大秦的敌人，全部落得覆灭的下场。他们的最强者，皆是被秦政做成了标本，放置在这个战争博物馆当中。无论是来犯之敌，亦或者存有恩怨的势力，秦政一个都没有放过，皆是让其血债血偿。甚至多次凭借着一己之力就把敌人给覆灭。宇宙本源，宇宙都能够炼化。他们口干舌燥之下。 眼中的震惊之色更多，无论秦政还是大秦帝国，所作所为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要么实力恐怖的强大种族，要么浩瀚的星球，要么就是一方宇宙，可无一例外，但凡是触怒了秦政的存在，下场就是灭亡。秦政再一次让两人感受到了巨大的压迫与心理压力。身处战争博物馆，他们不仅详细听到了阿青的介绍，更像是对当时的情况身临其境，这也让他们更加清晰感受到了秦政、大秦帝国的恐怖。直播间里。 早已经炸开锅，那么多恐怖的存在，全部是灭绝的下场。各族的老祖被当成了标本，放到了博物馆中。秦政还没有达到半仙，就已经这么恐怖，他现在岂不是连宇宙仙都能够斩杀？这不就是妥妥的犯大秦者，虽远必诛吗？只是一个标本就能让我看着感到窒息。如果还活着，那不是用眼神就能把我杀死？后李现，这些全部是大秦的敌人，他们全都不复存在。只要与大秦为敌，最终都会被灭亡。我们要是反对大秦在蓝星驻军， 那岂不是要被抹除？有这个可能？怎么办啊？大秦昔日所经历的战争，覆灭的敌人就那么恐怖？如今大秦正值鼎盛时期，不敢想啊！各个国家的观众看得魂飞魄散，了解到关于大秦的事迹以及往日战绩，无不是惊骇欲绝的议论起来。哪怕是大夏的观众也不例外。如今正在了解的大秦帝国，仅仅展现了冰山一角，却让他们感到巨大的压迫，直逼灭门。次日，阿青依旧大清早就抵达了酒店之外。 季青山跟于立群早就已经等候多时，内心极为振奋。昨天逛完了战争博物馆，几乎就花了一天的时间。而今天，两人心中充满了期待与好奇，想要完全的了解到大秦帝国。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一件漫长的事情。离开了酒店后，阿青没有说去哪儿，而是带着于立群、季青山踏上传送阵，返回了帝都。一路上，季青山和于立群跟着阿青，没有过多询问，无论去哪都是对大秦的了解与认知。又一次进入传送阵之后。 三人抵达了一个占地面积足有上千里的浩瀚宫殿之外，其中有不少高耸入云的建筑群，看起来如同一座仙殿。对于放眼看去几乎看不到尽头的浩瀚宫殿，阿青姑娘，这这是？作为历史教授的于立群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眼中满是震撼的询问了起来。新的一天，新的视觉冲击，让他显得亢奋。瞥了一眼振奋不已的于立群，额旁学宫。阿青一边走一边淡淡道。闻言，于立群跟季青山瞪大了眼睛。 阿旁学宫，阿旁宫，两人几乎是同时失声开口。阿青略微点头，道：“也可以这么叫。”轰！季青山、余力群猛地一颤，脑海轰鸣，张大了嘴，进入了前殿。他们只觉得置身于仙宫当中，四面八方的建筑云雾喷涌，仙气飘渺。放眼看去，有不少的年轻人踏空而行，亦或者御剑飞行。这一幕让两人眼中的震撼更多，胸口剧烈起伏。大夏历史上被人称为“天下第一宫”的阿旁宫。 眼下竟是大秦帝国的学宫，行走于阁道上，这那是大秦帝国的顶尖学府。阿青想起了陛下的叮嘱，淡淡介绍道：“如今天骄榜第一的扶苏公子，以及王离、李信、项羽、霍去病等大秦出色将领，皆是出自阿旁学宫。以上任何一位，皆登上天骄榜、战将榜，参与了多次宇宙大战，为大秦开疆拓土立下汗马功劳。也只有阿旁学宫，才能够教导出如此天骄。”这里。 乃是无数人都梦寐以求的学府，凡是从阿房学宫出去的，皆能独当一面，无不是顶级天骄。听着阿青的介绍，于立群和季青山头皮炸裂，内心的惊骇无以复加。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学府，公子扶苏、李信、王离等等，项羽、霍去病。这这，在听到项羽跟霍去病的名字之后，两人相视一眼，头皮炸裂。霍去病不是大汉的吗？至于项羽，不是对大秦有着不死不休的恩怨吗？怎么？ 怎么会这样？于立群心中再次掀起惊涛骇浪，止不住的震惊道：“果然，果然，我们所了解的历史都是假的。不仅是大秦，就连后面的都是假的。只有当下所了解的，才是真正的历史。”他说着，内心惊骇不已。大夏建立之前的历史都是虚假的吗？真正历史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无数的疑惑在两人的心头升起。可随着跟阿青抵达了恢宏、气势浩荡的学宫之外，咕噜，两人艰难地咽下了口水。 他们看到了惊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只见学府当中，除了大秦之人外，还有着其余种族的存在。在阿青的口中得知，那些其余种族来自巨人族、妖族、魔族等各族的留学生。阿青见状，眼中的清冷不在，尊崇道：“额旁学宫乃是陛下的决定，同时也是陛下的杰作。这里就是大秦帝国培养顶级天骄的无上学府。大秦帝国容纳万族，只要忠于大秦，有天赋、有能力的学生，皆能来到此处。” 得到最好的资源，最好的教育，之后能更好的效忠于大秦帝国。而陛下之前说过，只要大夏有天赋好的学生，只要努力修炼，那么就有机会进入这里。听到这番话，轰！季青山跟于立群再一次脑海轰鸣，心头狂震。在这里的其余种族，皆是来自各族当中出色天骄，乃是留学生，而且大夏有天赋的年轻人，一样有机会进入阿旁学宫。看着周围的建筑群，看着眼前宏伟浩瀚的学府。 两人只感到像是进入了梦境，那么的不真实。直播间里，无数观众早已头皮炸裂，惊骇欲绝。这才是真正的阿房宫，被誉为天下第一宫，实际上乃是大秦帝国用于培养天骄的学府。除了大秦时期的人物，项羽甚至霍去病都是大秦的人。我们所认知的历史，竟然都是假的？怎么会这样？与真正的阿房学宫相比，我们大夏的阿房宫遗迹，甚至连个角落都算不上。天哪！如果想要彻底了解大秦， 那得花上多少时间？果然，先前所看到的只是大秦帝国的冰山一角。我们要是修炼，踏上修仙之路，只要天赋好，也能够进入阿旁学府。这太好了！该死的，大夏史书上的历史是假的，但该有的人全部存在，这该怎么去研究？无数的观众早已彻底沸腾，陷入了巨大的轰动。随着对大秦的了解更多，他们受到的震惊远超之前。昨天的大秦战争博物馆，各国的观众还没有完全缓过神来。 却又看到如此惊人的一幕，尤其是大夏的观众，呃，庞公，他们自然听说过，那也是被誉为天下第一宫。可当看到真正的阿房宫之后，得知阿房宫乃是大秦帝国最为顶尖的学府之后，彻底炸开了锅。眼下所了解到的，早已出乎了他们的预料。也是这一刻，大夏观众为之沸腾，而且对于历史上出色的项羽、霍去病，居然都出自阿房学宫，这样的消息让他们震撼不已。至于外国的观众，则是充满了羡慕。 对大夏越发眼红，毕竟那么恢弘恐怖的阿旁学宫，大夏的人居然有机会进入。后面还有一张，起晚了，努力报更冲啊！也求大家支持。等季青山跟于立群再次从阿旁学宫出来，已是翌日清晨。可是，整整一天没有合眼，他们非但没有疲惫，反而脸上写满了振奋。阿青姑娘，请问一下，我们接下来去哪里？于立群眼眸满是明亮，迫不及待地询问了一句：“这里，才是真正的阿旁宫。至于大夏的阿旁宫遗迹。” 只不过是属于一个地基而已，乃是秦政当年还没有完成的工程。而飞升之后，等到定都这里，秦政再次让人修建阿房学宫，成立了整个大秦帝国最为顶尖的学府。随着对大秦帝国的深入了解，让于立群这名历史教授前所未有的兴奋，打起了十二分精神。即便是纪青山，同样无比期待，想要真正的了解大秦帝国。这对现在的他们存在着不小的难度，但心中的好奇却越发强烈。看到激动不已、无比振奋的两人。 随我来，阿青没有回答，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迈步离开。清冷的态度，没有让于立群跟季青山有任何不适，反倒清楚自身与对方身份上的差距。跟在后面，他们期待着后面会再看到什么。一路上，两人再次看到了太多太多蓝星都不曾拥有的存在。等再次踏入传送阵，轰，刺眼的光芒绽放。等再次开眼睛时，于立群跟季青山傻眼了。当下已经是立足于浩瀚的星空当中，传送阵之外。 他们看到了一条长而直，且看不到尽头，充满现代气息，准确来说无比超前的道路。唰，如发出怒吼着的狂狮，似虎啸的战车，一辆辆显得霸道无匹，犹如洪荒猛兽的战车驰骋在道路之上，眨眼间就不见了踪影，不断呼啸而过，掀起了阵阵狂风。这一幕让季青山、于立群以及直播间的无数观众看傻了眼。这是高速公路，他们忍不住惊呼，头皮发麻。以当前的知识储备。 他们所能联想到的就只有高速公路这一词。准确来说，又不像这条道路尤为光滑，且看不到半点瑕疵。至于打造所用的材料，似乎是某种特殊材质，甚至还充满了科幻气息。放眼看去，波澜壮阔，像是连接着宇宙的尽头。毫无疑问，眼前的不仅是一条高速路，还是一条非同寻常且超前的道路。面对两人的震惊，这是陛下令人修建的秦直道，大秦帝国的军事通道，连通多个宇宙，且陛下。 还在直道上布置了阵法，无论是人亦或者战车，在速度上都将得到空前的提升，用以最快的速度奔赴各处战场。阿青悠悠开口，继续道：“至于你们所说的高速公路，并不是，而在大秦帝国，高速公路早已普及。眼下的秦直道，则是大秦帝国用于战事、军需运输、粮草运输的军事通道。”听闻介绍，于立群跟季青山猛地瞪大了眼睛，心头掀起了惊涛骇浪。时什么？这是？ 秦直道，他们不约而同的看向阿青，眼眸当中透露着浓浓的惊骇之色。眼下所看到的，乃是秦直道，大夏历史所记载的最早的高速路。可是，当下阿青所介绍的，这明显就是一条军事通道，而且还连接多个宇宙。至于高速公路，大秦帝国也有，而且早就已经普及，跟秦直道没有任何关系。两个人头皮发麻，内心再一次掀起惊涛骇浪。这到底怎么回事？大夏历史中所存在的东西？ 真实存在，可真正的样子，却不是他们所认知的那样。无论是阿房宫，还是秦直道，一个乃是大秦帝国最顶尖的学府，一个乃是大秦帝国连接着多个宇宙的军事通道。在了解之后，我们所认知的那些事物不仅存在，而且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认知。于立群和季青山艰难咽着口水，脑海空白一片。对于大秦帝国，他们只觉得自身无比渺小，只能仰望，想要完全的了解这一个庞大的帝国。 他们根本没办法在短时间内有太多的认知，哪怕只是一次新的了解，只要接触，却能够给他们带来巨大的震撼。这样的大秦帝国实在太过于恐怖。高速公路早已普及，面前这条秦直道通往多个宇宙，甚至还有秦政亲自布下的阵法，大大增幅了军事作用。不仅是两人，直播间就像被投掷了一颗重磅炸弹，无数观众再次傻眼。秦，这特么才是真正的秦直道，与我们所认知的秦直道。 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上，大秦帝国到底还有多少事我们不知道的？这，这才是真正的大秦吗？好可怕！那些可怕的战车行驶在秦直道上的速度，恐怕都超越了光速吧？这样的军事通道，通往着多个宇宙，那岂不是任意一处爆发战争，大秦帝国都能以最快的速度奔赴战场？我的天，如此恐怖的大秦帝国，谁能挡？那这样一来，大秦帝国要在蓝星驻军的事情，岂不是板上钉钉了？好羡慕大夏的人啊！ 他们当中天赋出众的，有机会进入大秦帝国的阿房学宫；就算是普通人，身为大秦帝国的后人，也绝对不会有危险。可我们怎么办？我要是大夏的人，该有多好！整个直播间再次沸腾了起来。大夏观众震惊过后，皆是在欢呼雀跃。老祖宗的强大，他们只见识到了冰山一角。无论是阿房学宫，还是秦直道，都深深的震撼着他们的眼球。而其余国家的观众，再也克制不住羡慕起来，情绪崩溃。大夏拥有这样的老祖宗。 让他们为之羡慕、疯狂、眼红，却根本没有办法去改变自身的身份，后悔不是大夏之人。而在深深的震撼过后，于立群跟纪青山还是一脸呆滞、茫然。真实的大秦让他们的震撼与日俱增，光是想这段时间的所见所闻，都难一下子接受。任何的一切都远远超出了他们之前的猜测跟预料，不可思议，真是不可思议啊！大夏历史上的大秦竟如此鼎盛。于立群研究了大半辈子的历史。 当下不由得发出一声惊叹：“大秦帝国太过于庞大。”如今的他才明白过来，大秦帝国究竟是个怎样的庞然大物，自己与无数的大夏国人，在其面前是那么渺小。季青山深有体会，颇为认同的点着头，想要了解真正的大秦，长路漫漫啊！他感慨，振奋，放声高呼：“这就是大夏的老祖宗，乃是秦政开辟出来，大夏首个实现大统一，且最具实力、最具象征性的大秦帝国。” 阿青看着备受震撼的两人，美眸微微闪烁。陛下万古，尔等所认知的大秦，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以你们普通人的身份，想要了解通透，没有可能。他清冷开口，声音如同天籁。闻言，作为代表着大夏而来的纪青山和于立群认真点头。阿青姑娘说的对，真没想到大秦帝国竟是这般庞大。若不是该死的鬼仙一族太过卑鄙，大夏也不会不知道真正的大秦早就飞升，更不会断了仙道传承，导致无法修仙。 好在，大夏目前知道了真正的大秦是什么样子，还能重新开启全新的修仙时代。他们呼吸急促，眼中充满了渴望与期待。对此，阿青没有再去多说什么，而是一挥手，几个耀眼的光团浮现在面前的虚空。陛下大爱，对儿等后人并未抛弃，且嘱咐我将这几样东西交给你们。他淡然开口，继续说道：“这里乃是陛下特地赏赐给你们的一些修炼资源，其中还有基础的功法，对于你们来说，最适合不过。你们既然没有打算那么快离开。” 不如再留几日，成为一名修土再走不迟。我还有事，他们会送你回去。说到最后，他指了指不远处的几名将土，踏入了虚空之中，看到阿青消失在眼前。多谢陛下恩赐，余立群、季青山看着眼前的几个光团，眼中满是激动，躬身开口。他们没有想到秦正还会给自己赏赐，这怎能让他们不为之激动？查看了一番之后，其中一个光团是一本名为《纳灵诀》的基础修炼功法。 让普通人更容易感悟到天地间的灵气，从而开辟自身灵府，成为一名真正的修徒。另外一个光团之中，则是许多初阶丹药，可以用于灵力的补充，以及不少疗伤的丹药，甚至还包括有不少灵气精纯的大块石头。季青山看着无比耀眼的一块块灵石，忍不住道：“这些，应该就是修仙世界里的灵石吧？看样子品质不低。这些都是给咱们的。”于立群也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气，眼中满是兴奋，哪怕这些东西在秦政等人眼里。 是最基础的，可对他们而言却无比珍贵。也就是说，他们可以趁着还在大秦帝国，尝试着修仙，成为一名真正的修土。七天的时间转瞬即逝，星空酒店内，轰！随着一声巨响，于立群、季青山几乎同时睁开了双眼。此时的他们盘膝打坐，眼眸当中透露着锐利之芒。自从上一次参观过后，他们就几乎没有外出，所有的时间都留在酒店内，利用勤政赏赐的资源进行修炼。而此时， 无论季青山还是于立群，当下的气质已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眼神犀利，浑身散发着强劲的气息。这几天时间，他们利用纳灵诀以及秦皇呼吸法，成功成为了一名修土。由于酒店内灵气浓郁，再加上一些辅助修炼用的丹药，两人的修为突飞猛进。仅是几天的时间，就再度迎来了突破。如今，两人皆是达到了炼气巅峰，还差一步就能迈入先天境。季青山感受着身体的提升，吐出一口浊气。 欣喜道：“于老，没想到就在短短的几天时间，我们就已经成为了一名修土，而且达到了炼气巅峰。是啊，我都已经快要半截身子入土了。成为修土之后，我觉得身体素质正值壮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看起来皱纹少了许多，年轻了十多岁。红光满面的于立群振奋不已，连连点头。而两人这些天的修炼过程，无数直播间观众都看在眼里，当下沸腾起来。自从成为修土之后，于老越来越年轻了。” 果然，修仙能够长生，不可思议。于老要比之前看起来年轻了十几岁，气色好了那么多，完全就不像是一个老人。大秦帝国灵气浓郁，蓝星根本就没得比。如果蓝星有那么浓郁的灵气就好了，整个大夏举国修仙都不是问题。成，几天的时间就已经达到了炼气巅峰，再进一步就是先天境。他们已经是真正的修土，不能再用普通人来衡量，让人看的真是羡慕。我怎么就不是大夏人呢？啊，大夏真的要迎来全民修仙的全新时代！ 我们可怎么办啊？季青山跟于立群的成功，让无数的大夏观众看得热血沸腾。除了震惊修仙所带来的好处之外，更是对修仙充满了无穷的向往。大夏真的要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至于其他国家的人，早就羡慕的眼红不已，整个过程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修仙跟他们没有关系。用大秦帝国的话来说，他们这些蛮夷还没有资格。就在直播间轰动之时，于老来这边已经那么久了，我们也应该回去了。 季青山感受着，像是得到极致升华的自身，体内源源不断的灵力，不舍得喃喃一句。于立群从床上一跃而起，稳稳落地。是啊，他点了点头，眼眸当中透露着浓浓的不舍。这段时间以来，他们见识了太多，认知到了大秦的真正一面。最大的收获，除了先前的诸多信息之外，就属自身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修图哪怕不如大秦帝国小兵小卒，可对他们而言，就已经是人生的巅峰时刻。直播间里。 无数的观众同样不舍于利群和季青山要回归的决定，毕竟他们还没有看够。而此时，咚咚咚，敲门声再次响起。打开门后，你们这是成为修土了？蒙恬大步走进了房间，感受到两人身上的灵力波动之后，不由得有些惊讶。看来陛下说的不错，大夏后人要想修炼，只是时间问题罢了。如果不是祖星灵气枯竭，这些大夏的后人怕是早就实现了全民修仙。听着蒙恬的询问，蒙将军，我们之所以…… 能够成为修徒，这一切还是要感谢陛下。若不是陛下没有放弃大夏，我们现在或许还在饱受万族入侵的苦难当中。如今有办法修炼，踏上仙途，我们绝不会懈怠，一定会坚定的走下去。季青山、于立群脸上满是感激，郑重开口。随后，蒙恬在得知两人要返回祖星的消息，点了点头。既然这是你们的决定，我可以安排人将你们安全的送回祖星。他没有开口挽留，淡淡开口。闻言。 纪青山微微躬身，表示感谢，随后忍不住感叹道：“若不是祖星还有事情处理，其实我真不想离开。希望可以在大秦的生活。”走吧，我送你们一程。”蒙恬点了点头，表示理解，不过却并没有多说。纪青山和于立群深吸一口气，眼中的不舍根本掩饰不住。直至走出酒店，登上了一艘驻守着数千名大秦将土的新舰之后，他们深深的看了一眼周围波澜壮阔的景象，深深吸了一口气。自从来到这里。 他们才知道蓝星与大秦帝国到底有着多大的差距，如同天堑，无法逾越。历经数日的宇宙穿梭、星空遨游，大秦的星舰正行驶在与大夏建立了联系的通道之中。轰隆隆，伴随着轰鸣声，通道的尽头传来亮光，所有人只觉得眼前一花，浩瀚庞大的星舰出现在了岩城裂缝上的虚空当中，遮天蔽日。回来了，于立群和纪青山看着熟悉的场景，喃喃了一句。随后，两人跟蒙恬告别。l 在蒙恬点头后，无论纪青山还是于立群，深吸一口气，从星舰上一跃而下。数百米的高空，对他们而言已经不值一提。两人最终稳稳落地，这一幕顿时让直播间观众为之惊骇：这特么从那么高跳下来，居然没有任何事情！这就是修仙之后所带来的身体素质巨额增幅吗？不愧是修图普通人要是这么跳下来，早就已经粉身碎骨了呀！所有人咽着口水，再次对修仙感到强烈的向往。然而此时，果然。 蓝星的灵气太过稀薄，难怪蒙恬将军首次抵达之时，会看不上大夏的一切，会说出那些话语。季青山跟于立群相视一眼，不由得叹了口气。而成为了修土之后，他们对于外界的感应要比身为普通人的时候更加清晰。其实刚从通道出来的那一刻，他们就感受到了灵气的枯竭。相对于大秦帝国而言，蓝星地土地的确太过于贫瘠。抬头看着调转方向要没入裂缝的星舰，蒙恬将军，还请你转告陛下，大夏一定不会丢了他的脸面。 一定会努力修炼，我们也会把优秀的年轻人前往大秦帝国。季青山挥着手，郑重开口：“新舰上，希望你们不会让陛下失望。”蒙恬淡淡一笑，随着战舰消失在了通道之中。对此，季青山深吸了一口气，眼中满是振奋。大夏不管如何，一定要举国修宪，好好的抱住秦政，抱住大秦帝国的大腿。他紧握着拳头，语气坚定：“这对于大夏而言，无异于是逆天改命的机会。”与此同时。 自由国的军事大楼中，会议室内，身为自由国统领的约翰、樱花国的景田赤石、泡菜国的朴无利以及多个国家的人汇聚在一起。准确来说，从大秦帝国回来之后，他们就直接抵达自由国，如今已经形成了一个联盟。于立群和季青山返回的直播画面，被在场的众人看在眼里，而两人得到了资源、功法，成为了修土的事情，他们同样亲眼目睹，在场的每一个人眼中皆是带着羡慕、嫉妒，甚至透露着恨意。 正咬牙切齿的死死盯着画面，该死的！大秦帝国明显只管大夏，等危机降临时，根本就不会顾我们的死活。过去了这么久，恐怕大秦帝国在蓝星驻军的行动就要开始了。大秦帝国的恐怖不算大夏，即便是整个蓝星的国家联合起来，也不可能应付得了。不想他们驻军，我们该怎么办？西巴，大秦帝国怎么能看不起我们？难道就因为我们是蛮夷？可恶！秦政说了要让大秦帝国接管蓝星，这样一来，我们不能休闲。 难道真的要像两千多年前一样，跟我们的祖宗一样，给大秦帝国当奴隶？在场的各国统领愤愤开口，眼中满是不甘。大夏之后，明显是会开辟举国修仙的时代，可他们就不一样了。身为蛮夷，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接触修仙，去成为一名修土。每个人都很清楚，就算联合起来反对大秦，那就是在找死。听着达成共识的众人议论这件事，我们急是急不来的，也没有办法去阻止。约翰摇了摇头，长叹了一口气道。 大秦帝国的实力远不是我们联合起来就能应付得了的。就算再急，我们也没有办法让秦政改变主意。准确来说，是没有资格。说到这里，他重重的捶了面前的桌子。这件事让他愤怒，却没法改变。其他人听到约翰的话，顿时陷入了沉默当中。难道我们真的要等着被大秦帝国奴役吗？他们不想失去人权，眼下欲哭无泪。如果真的成为了奴隶，那下场肯定会很惨。本身就不是大秦帝国的后人，要是成为了奴隶。 大秦帝国的人肯定不会把他们当人看待，也不是没有办法。约翰突然话锋一转，冷声道：“如今，我们可以得知蓝星是万族入侵的目标。抛开之前被大秦那些人覆灭的裂缝，存在于蓝星的裂缝通道还有十多个，其中就有好几个被列为最危险的红色战区。那些异族明显不弱，而且不说之后还会有更多的裂缝出现，到那时，整个蓝星必将摇摇欲坠。再说了，我们所在的这方宇宙，大秦还没有探索。” 也没有像其余宇宙那样被彻底统治，谁能说得准？没有比大秦帝国更可怕的异族，说不定还不止一类异族。反正我们没有办法修仙，倒不如安然接受。在此期间，尽一切努力提升国力，没准到时候大秦帝国不得不扩张，需要我们呢。说到最后，他脸上的笑容不由得更多了一些。在场的其他人听到约翰的话，顿时明悟起来，有道理。他们一拍手，不约而同的笑了。如果真的到了整个蓝星生死存亡之际，到时仅凭大夏无法抵抗。 甚至有不弱于大秦帝国的异族出现，大秦还能不让他们修仙吗？只不过在众人的欣喜当中，我倒是想到了一个问题。朴无力脸上的笑容逐渐收敛，肃然道：“如果到了那个时候，大秦都不需要我们呢、啊？他们与我们所在的宇宙又不是同一个，以他们的手段，完全可以将整个大夏都给移走。那我们怎么办？而且我们又没有功法可以修炼，大秦的科技你们也看到了，在科技上根本就没有办法跟对方相比。我们是应该变强，可怎么变强？这……” 听着朴无力的一番分析，一瞬间，整个会议室陷入了死寂当中。这确实是个大问题，毕竟就算蓝星要彻底被外族侵略占领，大秦帝国有秦政在，那通天的手段直接就能够让大夏进行迁徙。但他们这些蛮夷，到头来还不是死路一条？瞬间，现场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可就在此时，谁说没有功法不能修仙就无法变强？难道只有修仙才算是变强吗？约翰猛地一拍桌子，冷哼道。 以目前的形势，修不修仙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所说的变强，难道就一定需要大秦的功法？我们并不是只有死路一条。你是说蓝星以外的那些异族？在其他人疑惑之时，景田赤石思索片刻之后，脱口而出。随着一道道目光投来，哼！约翰冷哼一声，嘴角的冷笑更多了起来。在场的众人见状，不由得一阵发毛。次日，整个蓝星都在沸腾之际，京城一道任命下发。 成立仙统局，季青山为局长，于立群为副局长。此时，新成立的仙统局中，季青山跟于立群在大秦帝国走了一趟之后，有了全新的身份，负责修仙的一切事宜。接受了祝贺之后，以大夏为主题召开的会议，也揭开了帷幕。想来大家这些天的直播都看了，同时也了解了不少关于真正历史、真正的大秦的事物。作为会议的召开者，季青山端坐主位，一脸郑重道：“大秦帝国的浩瀚势力遍布多个宇宙。” 远不是我们当前所能够完全了解的，而且大秦的强大，想来无需多言，大家都有目共睹，更不要说秦政这位大秦帝国的主宰。对于季青山的这番话，在场的余立群与一众担任仙统局高层认真点起了头，这一点他们自然清楚。在大夏还没有足够的实力或者真正全民修仙之时，想要完全了解大秦，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在众人的目光中，此次会议的开展，就是想问大家，大夏该如何？季青山深吸一口气，说道。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在场众人面面相觑，很快就给出了提议。副统季局长，我认为大夏可以跟大秦帝国进行合作，通过修仙，让大夏不断的壮大起来。我认为这个提议不错。合作倒是有些太勉强了吧？大夏有哪一方面能够满足跟大秦达成合作的条件？那难不成大夏去归附大秦吗？就大夏后续的发展，众人展开了激烈的话题。毕竟在见识到大秦帝国的强大时，他们就清楚大夏与大秦帝国有着很大的差距。 就在众人没能达成共识，到时候既然没有太好的办法，季青山看了一眼旁边的余立群，轻笑道：“那我就说说我的看法。目前，大夏无疑是弱小的，在大秦帝国面前，无语就是一粒尘埃，这是毋庸置疑的。而大秦可以让大夏实现修闲之前我跟余老，准确来说是副局长，已经商量过了，将得到的纳灵诀提交，公国人一同修炼。对于大夏之后的发展，我则是认为可以采取抱大腿的方式。虽然这么说，对泱泱大国而言有些荒谬。” 但不得不承认，大夏在大秦帝国面前，就连一个小国都算不上。所以我觉得抱住大秦，抱住秦政的大腿，才是最明确的选择。而且这也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毕竟那是我们的老祖宗。一边说着，他一边拿出了之前得到的功法、丹药、灵石，都交给了身后的秘书，吩咐将其投影出来。而这次的会议以直播的方式进行。对于季青山的提议，在场的众人最终表示了赞同，达成了共识。至于大夏官方开启的这场直播， 所有的大夏观众在听到季青山的决定，同样表达了认可。在看到国人观众的赞同，其余高层没有异议后，既然我的提议没人反对，那就这么决定下来了。季青山目光如炬，对着镜头朗声：“以确定大秦帝国就是大夏历史上的大秦。从今天开始，大夏必须全部修宪，只要能够领悟功法的国人，皆可进入起源秘境修行，为大夏复兴，为大夏崛起而努力。我们的老祖宗已是宇宙霸主，作为后人，大夏绝不能在这件事上拖后腿。” 绝不能丢了老祖宗的脸，而我已是一名真正的修徒，正站在修仙大道之上。尽管只是炼气巅峰，只是最为普通的修徒，可多的暂且不说，我能够说说修炼之后的好处：不仅可以延年益寿、断肢重生、飞天遁地、穿梭星空宇宙、举手摘星辰等等。且天赋出色者，国家可安排送往大秦帝国修炼，得到更好的资源，去往更好的环境。大夏，举国修仙，为大夏复兴，为大夏崛起而努力。 季青山在直播中所说的话，落入了无数大夏国人的耳中，整个直播间为之沸腾。复兴，崛起，成为修土之后，居然有那么多的好处，那岂不是不会生病了？太好了！我已经确诊肺癌晚期，如果修仙可以让我的寿命延长，哪怕修仙路难如登天，我也要试一试。我想活着，我还想去看好多没有见过的风景。如今大夏能够修仙，乾坤未定，你我不再是牛马，拼搏百天，我一定要成为一名修土。 本来我已经打算摆了，可现在，一条全新的道路摆在我的面前，无论能不能行，我都要去尝试一次。修仙乃是逆天行，半辈子那么苦都过来了，我要逆天改命。所有国人在这一刻，尝试修炼的念头空前强烈，他们沸腾，他们向往，让已经成为修土的人更加坚定，让原本世界灰暗的人们有了新的方向，燃起了希望。于京城的一所退伍军人公寓中，老王，老王，只要能够修仙，你还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还可以重新回到部队，去更广阔的天地征战。马军满脸激动，尤为失态的指着电视中的直播高呼。在他旁边，一名坐在轮椅上，原本神色颓废的中年男子，在听到季青山的话后，身体不由自主的颤抖着，而他的裤脚没有任何支撑的垂落，显然没有了双腿。听着前来看望的马军话语，我我看到了。王正年越发颤抖，胸口一阵起伏，激动的高呼道：“只要我能够领悟功法，只要我可以成为修徒，我。” 我就有希望了，我的腿，我的腿有机会重新长出来。老马，我还有希望。这一刻的他，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光芒，不再浑浊，不再颓废。马军看着老友激动万分的模样，也不由得欣慰大笑，红了眼眶。是啊，有希望了。不仅是你，千千万万的战友，许多大夏国人都有希望了。他眼含热泪，沙哑开口：“身旁的这位老友，昔日与他一同作战。” 可在一次扫地行动中失去了双腿，此后一蹶不振，更是多次对活着失去了信心。眼下只要能够修仙，又或者得到修仙者的帮助，他双腿还能够重新长出来。一瞬间，两人仰天大笑之后，顿时相拥到一起，热泪盈眶。整个大夏都为之沸腾之时，武当山，大秦帝国，果然就是咱们的老祖宗。修仙是真的，之前所了解的一切都是真的。太好了，大夏将会迎来全民修仙的时代。 既然大秦帝国就是我们的老祖先，那我们我们道派的张真人和那些老祖，有没有可能也是真的？之前那个阿青都说了，连项羽、霍去病都还活着，都是大秦帝国的绝顶天骄，咱们道教的老祖有极大的可能是存在的，或许现在正追随秦政身边。整个武当不复往日的清静，顿时就炸开了锅，阵阵议论声传出，所有弟子显得尤为亢奋。作为掌门的张子恒看着挂在正殿的一张画像，眼眸中透露着火热。 透露着难以掩饰的期待。远在自由国，大夏所召开的官方直播发布的消息，也在此掀起了轩然大波。原本与自由国组成联盟的各国统领，刚要返回各自国家，在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又连忙折返回去。此时的军事大楼内，所有人脸色阴沉，气氛极度压抑。现在我们怎么办？大夏真的要全民修仙了？有大秦的功法，他们彻底腾飞指日可待。约翰沉着的脸都快要滴出水了，眼眸当中透露着强烈的嫉妒之色。 说话间，他止不住的颤抖。眼下的这个情况，不仅是自由国，连其他国家都不能够坐以待毙。一想到大秦是大夏的老祖宗，甚至目前还没有真正的了解大秦帝国，说不定还有更加久远的存在还活着。约翰越想越是嫉妒，眼眸通红的咆哮道：“大秦帝国既然能够修仙，而且还存在了那么久，那我们自由国呢？自由国可是存在着神话的，那些神话中的老祖宗呢？他无法接受走向修仙时代的大夏。” 猛地站起身，极为失态地咆哮着，而约翰的样子吓到了在场的其他人。一瞬间，整个会议室变得死寂无声。所有人对于大夏宣布的消息感到羡慕，却也无比焦急。在这些国家当中，尤其是樱花国的景田赤石，已经急得在一旁团团转。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他焦急万分，担惊受怕，抱着头失声道：“如果大夏彻底成为了修仙国度，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国家而言就糟了。而且，而且……” 他们对于樱花国的恨从没有忘记，他们还记得樱花国的所作所为。很久之前，我就听到大夏的人说过，他们无法替先辈选择原谅，勿忘国耻。而且那些大夏人，无论在什么场合，只要对手是我们，那些家伙就像是觉醒了修仙血脉一样，太可怕了！没有修仙都那么可怕，一旦他们真正的进化成修仙国度，加上万族入侵的大环境，规则到时将会不复存在。那些对樱花国抱有成见、带着仇恨的大夏人，岂不是要直接把樱花国给沉了？ 不，不，我不希望看到他们成功啊！他越是往下想，脸上的恐惧之色就越是浓郁。等到规则彻底不复存在之时，樱花国极有可能会被大夏的一些极端国人进行跨历史的报复。最主要的，他们还没有办法去阻止。要是屠杀降临到樱花国头上，其他国家根本就没有办法劝说、抵挡。毕竟，以大夏人的血性，那种刻在骨子里的仇恨不会被轻易忘记。京城，京师阁，一众高层激动不已。 全身都在极力克制着这股喜悦之情，却止不住身体的颤抖。全民修仙指日可待，大夏亦将成为修仙国度。太好了，这一天终于到来。大夏全面走向修仙之后，必然会达到一个全新的鼎盛时期，登临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既然秦政能够赐我们修炼的功法以及资源，那么科技上是不是也能够进行一些指点？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夏真的要改天换地，彻彻底底的迎来新生。真是让人期待之后的大夏会有怎样的变化。 他们同样在看着直播，对于季青山的决定没有任何异议，相反颇为赞成。抱大腿，这对大夏而言没什么难以启齿的，毕竟放在两千多年前，大秦就是大夏的前身。只是可惜仙路传承断了，否则大夏近代不会遭受那么多的苦难。要知道，秦政当年的统一可不仅仅是六国，而是对整个蓝星的统一。然而，在所有人都向往、憧憬之时，轰，一道足以令人头皮发麻的巨响猛地传来。 还没等众人反应，整个大楼开始剧烈摇晃，似乎随时都将坍塌。在场的人无不是脸色大变，这什么动静？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纷纷起身望向了窗外。突然，有一队全副武装的将土破门而入，将众人往楼下护送。可刚走到楼下，咔咔咔，地动山摇，几乎所有人要站不稳，只觉得整个世界都跟着晃动了起来。瞬间，附近传来了阵阵惊呼与恐慌的喊声。而下一秒，快快看！ 有人瞪大了眼珠，朝着西边的天幕指了起来。在场的一众高层看去，突然脸色大变。只见，轰隆隆，目光所及，无尽的黑云不断靠近，电闪雷鸣，炸响不绝于耳。随着黑云迅速覆盖天幕，整片天地充斥着压抑的气息。仅仅只是片刻，天地失色，再看不到丝毫光亮。原本艳阳高照的天穹，已被无比浓郁的黑云彻底掩盖，犹如末日来临。轰！ 又是一道让天地都为之颤抖的轰鸣从黑云蔓延，而是抵达了北斗仙族立足之地。仅仅是一步踏出，宇宙震动。等再次出现，轰隆隆，巨大的轰鸣声不断响彻八方。眼下映入眼帘的，则是一方仙气飘渺的世界——北斗仙族所在之地，苍秀剑，秦政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则是白起传讯遇到了棘手的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原本让白起把之前造反的五大族全部灭族，如今其余四族全部伏诛。 各相较于其他几族，北斗仙族的反抗空前剧烈，显然给白起造成了不小的困扰。当下由白起率领大军对北斗仙族的灭族之战，已然进入了尾声。胆敢造反，尔等唯有一死！对大秦帝国不敬，对陛下不敬，你们已有取死之道，死亡乃是你们最终的归宿。杀！该死的大秦帝国，该死的秦政，你们凭什么？凭什么后来居上？就算要被你们灭族，北斗仙族亦要让你们付出代价！ 浩瀚的苍秀界，如今正在陷入巨大的动荡之中。面对大秦帝国铁血大军的杀戮，北斗仙族哪怕已经全力反抗，却还是难以扭转溃败的局面。相反，大秦帝国一路横扫，追杀着北斗仙族的人，绝不放过任何一个。轰！碰！碰！碰！天昏地暗，血流成河，尸堆成山，整个苍秀界已然成为了一方血色世界。刺鼻的血腥味充斥在每个角落，大秦的疆土势不可挡。 摧枯拉朽的杀戮，瓦解着本是这方浩瀚宇宙霸主之一的北斗仙族。而随着秦政踏足苍秀界，整个世界为之轰鸣炸响，越发的颤抖，似乎在恐惧。但无数大秦疆土在看到秦政的那一刻，土气大涨。北斗仙族必死无疑！陛下督战，尔等无路可逃，乖乖受死！他们表现的尤为亢奋，一个个北斗仙族的人在看到秦政的那一刻，恐惧滋生，顿时心如死灰。 大秦帝国至高无上的主宰，甚至可以说这方浩瀚宇宙中的主宰。眼下，清零，北斗仙族已经没有活路可言，只因大秦帝国对外的宗旨，向来都是顺者昌，逆者亡。北斗仙族参与造反一事，注定了要承受大秦帝国的怒火。秦政只是淡漠的扫视了一眼，就直接让无数的北斗仙族之人陷入了无边的绝望，丧失了反抗的能力。而大秦的疆土瞬间欢呼沸腾，眼中透露着浓浓的狂热之色。陛下，陛下！ 他们的杀戮显得越亢奋，止不住的呐喊高呼。一瞬间，仓素界早已化作了修罗炼狱，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不断回荡。但，他们已是穷途末路，而这，则是造反的代价。秦正没有在此地过多停留，深色摄人，透露着冷漠的眼眸望向了仓素界深处，在那里，有着一股尤为惊人的气息波动蔓延而来，更有滔天的轰鸣传出。轰！白起一剑斩出，一道惊天的沟壑呈现在面前虚空。可是。 他却紧紧皱眉，如今在他的身上，恐怖的煞气蔓延开来，肆虐在这片世界。但这一次，他却没有想到北斗仙族的反抗会是如此顽强，甚至还动用了底蕴，祭出了仙气与自己抗衡，无法在短时间内将其彻底斩杀。而在白起前方，北斗仙族的化神境、不朽境竟有十几人，一个个脸色难看，可眼中却充满了疯狂。大秦帝国行事霸道，迟早会被同样的方式覆灭。白起，你奈何不了我们。 让秦政来，他们咆哮开口，眼眸当中的疯狂之色更浓。如今，他们深知无处可逃，同时也知道以秦政的性子，不可能给他们活路，唯有以死相搏，去拼出一条活路来，哪怕九死一生，即便是十死无生，他们亦要让大秦帝国付出惨重代价。周围的空间在双方无形的碰撞中开始扭曲，轰鸣不绝。白起听着对方的话，眼中的杀机愈发强烈。穷途末路，且看尔等还能坚持多久。 他冷哼一声，猛然抬手，秦皇剑嗡鸣颤抖，绽放极致剑光，无上的剑气纵横八方，撕裂空间，毁世之威轰然降临。一剑落下，整个苍秀界都在炸响，摇摇欲坠。面对白起的这一剑，吼、哦！显得虚弱的北斗仙族一众强者嗓子发出低沉的怒吼，共同催动悬浮于面前虚空，弥漫着朦胧之光，透露着浩瀚仙气，显得半透明、晶莹剔透的一把长剑。这把剑。 乃是北斗仙族的镇族仙器，诛仙圣剑，且十万年前曾在上一任的北斗老祖手中斩杀过一名宇宙仙。只可惜，随着上一任老祖的陨落，北斗仙族就一蹶不振。而之前的老祖成就半仙初期，本有让北斗仙族再次崛起的希望，却死在了秦政的手中。眼下，他们无疑成为了撑起北斗仙祖的最后战力，而这一战无疑会是死战。就在此时，嗡，一道嗡鸣传出。 诛仙圣剑忽然仙光暴涨，璀璨至极，恐怖的剑气似乎能撕裂一切，轰然斩出，摧枯拉朽的剑气直奔白起而去。刹那间，该死！白起神色凝重，感受到了这一剑的恐怖之力。准确来说，他没有绝对的把握接下这一剑。哪怕自己持有陛下的秦皇剑，可只有陛下才能够真正的发挥出秦皇剑的无上之力。一众北斗仙族的强者眼眸满是疯狂，死！他们齐声暴喝，似乎化作了一个人。 这一剑，让整个世界都在摇摇欲坠。砰！随着与白起的一剑碰撞，滔天的剑气朝着八方疯狂肆虐，摧毁着肉眼可见的一切建筑与无数山峦。天崩地裂，白起所展出的剑气寸寸崩溃。至于北斗仙族当前顶尖战力的合力一剑，依旧恐怖，剑气撕裂了地面，以触目惊心的速度临近白起。骤然，白起闷哼一声，感受到强烈的危机袭来，止不住倒退。砰！他止住了倒退的身形，使地面坍塌。 猛然抬头，眼中透露疯狂。面对联手起来的北斗仙族众强者，他显然无法轻松取胜，更没有办法逐个击破。但作为大秦帝国的第一战将，他没有想过退缩，反倒是舔了舔嘴唇，要进行反击。然而就在下一秒，咔嚓！原本北斗仙族一种强者合力斩出的一剑，竟在此刻直接崩溃瓦解，像是有一双无形的大手，直接将其拍得粉碎。突如其来的变，让白起为之一愣，却很快眼神变得恭敬。 至于北斗仙族的众人，则是脸色骤然一变。此刻，他们感受到了一股让自身毛骨悚然的气息降临。在众人的目光中，刺了。不远处的虚空陡然撕开了一道巨大的裂缝，一道身影从中走出，落下的脚步让众人心头震动。秦正神色清冷，眼眸中的杀机没有丝毫的掩饰。哪怕什么都没做，却无疑成为了这方没有双方疆土的战场最危险的存在。他的身影呈现，让整个世界再一次剧烈震动。 身上散发的气息，让一众北斗仙族的强者脸色发白，几乎要忍不住匍匐跪拜。其中有人咬破了舌尖，以此来压下内心的恐惧。咚咚咚，秦政一步一步走至白起身旁，每落下一步，就让北斗仙族的人为之一颤，承受着莫大的压力。每一步，都像是落在了他们的心脏之上。白起看到秦政的到来，先前脸上的疯狂化作了浓浓的惭愧。陛下，臣办事不力，还请陛下责罚。他不敢去直视，低着头请罪。 看了一眼白起，不怪你。秦政淡淡开口，听不出情绪波动。白起闻言，心中松了一口气。整个大秦帝国，只有陛下才能够让自己心服口服，当然也是唯一一个让自己惧怕的人。陛下没有责怪的意思，倒是让他内心的紧张缓和了不少。可此时，秦政，你还是来了。看来你是非要将我们置于死地了。你这个暴君，我们早就该想到的。其余四族已经覆灭，眼下该我们北斗仙族了。 秦政，今日不是我们死，就是你丧命之时。既然你来了，那就不要走了，永远的留在这里吧。我们固然会死，但这一次势必会让大秦帝国付出代价，让你陪葬。一个个北斗仙族的强者极力克制着内心的恐惧，眼眸透露着无比强烈的仇恨，他们的每句话都带着浓浓的恨意，咬牙切齿，歇斯底里，仿佛他们巴不得能在此刻将秦政碎尸万段，食其肉，饮其血。听到这些话。 放肆！白起怒目圆睁，猛然暴喝：“只要有他在，就绝不允许有人对陛下不敬。这”这便是等遗言吗？而秦政将目光落在了前方废墟之上的十几名北斗仙族最后的战力身上，眼眸深邃平静。明明是直视，却像在俯瞰睥睨。秦正的目光就像是在看着死人，已经不带有任何情绪。他的话语就如同一道道惊雷落下时，整个世界都在动荡。白起此刻颇为识趣的退到了一旁。 有陛下在，我就不需要碍手碍脚的了。”他嘀咕了一句，威严的脸上罕见露出了纯净之色。如果真要按年纪来说，他要比陛下大不少。可站在自己眼前的这位，乃是两千多年前君临天下、率大秦举国飞升、广开仙路、打开多个宇宙、成就大秦帝国、开辟大秦科技之路、踏诸天、平万族、千古以来首位皇帝、让八方臣服的祖龙秦政。自己与之相比，可谓是没得比。但 秦政的话，却让一个个北斗仙族的强者脸色扭曲，身体止不住的颤抖。秦政，受死！他们没有过多的废话，不留余力的再次催动诛仙圣剑，砰砰砰，滔滔不绝的炸响撼动着天地，无边的剑气肆虐咆哮，直奔秦政而去。这一剑携带着北斗仙族众人的意志与无边怨恨，令天地失色，空间都为之凝固。然而，秦政神色依旧淡漠，似居高临下，缓缓探手。 嗡、嗯！不远处，白起手中的秦皇剑不断颤抖，发出嗡鸣，像是在欢呼雀跃。下一秒，秦正握住了秦皇剑，顿时一股滔天的剑意撕裂了这方世界。蜉蝣撼树，可笑不自量。他不怒自威的悠悠开口，时间在此刻仿佛停止。抬手间，世界出现了一道道裂缝。话音刚落，他整个人仿佛与手中的秦皇剑融为一体，一剑挥出，刺了啦。剑芒穿透天穹，刺破宇宙。 恐怖绝伦的剑气纵横八荒，以摧枯拉朽之势，携浩瀚仙威奔腾而去。隐约见，剑气时而变幻为一条凶神恶煞、通体黑亮、煞气滔天的黑龙，撞碎虚空。在这一剑下，就如同死亡已是注定，万物苍生不可逆。白起口干舌燥，眼睛都不眨的观摩着，这是一种享受，一种对自身剑道、杀戮之道都有着极大帮助的机缘造化。北斗仙族引得陛下亲自动手，他们的反抗，终究都是徒劳。 他深吸一口气，眼眸当中的崇敬之色更多。刹那间，两股剑气碰撞到一起。可仅仅只是一瞬间，北斗仙族强者全力催动，能斩半仙的一击，顷刻崩溃。怎么可能？他他已是半仙巅峰，他们惊恐万分，脸色大变的合力出手抵挡秦正无比惊艳的一剑。然而一个照面，他们皆是头皮炸裂，经脉倒逆，口中喷出鲜血，不断倒退，气息萎靡了下来。其中更有两人惨叫一声，肉身被毁。 只剩惊骇欲绝的神魂，看来我们是该死了。北斗仙族的太上长老不甘的闭上了眼，再次睁眼时，面目狰狞的看向了秦正。秦正，我们死，你亦要跟着陪葬。他身体颤抖着朝着地面一踏，青筋暴露，几乎疯狂的咆哮道：“我依我身，我依我魂，我依我血祭阵，素仙阵！”现，声嘶力竭下，他咬破舌尖，将精血喷在脚下的地面，紧接着癫狂的大笑了起来。在其身后。 秦政，你必须死！哈哈，之所以没有杀白起，而是我们在赌，赌你这个大秦帝国的主宰不会让我们苟延残喘。你来了，就别走了，死有何惧？在此之前，能让你为北斗仙族陪葬，足以。请北斗老祖出手，斩秦政！北斗仙族的太上长老身后，一众强者变得癫狂，无比怨恨的盯着秦政，怒吼咆哮起来。而下一秒，砰砰砰，他们的肉身全部炸开。 血肉洒落在地面之上，而他们的神魂，带着疯狂的执念，逐渐化作了点点金光，在彻底消散之时，他们的目光依旧死死地盯着秦正。血液与金光洒落在地面上，整个大地剧烈震动，整个世界疯狂轰鸣。在白起眉头紧皱之下，那是他看到了一个几乎覆盖了方圆万里的大阵爆发出璀璨之芒，震惊道：“他们，他们之所以一直不愿离开这里，就是因为这有个大阵。先前他们口中的北斗老祖。” 就是创立了北斗仙族，于十万年前斩杀了一尊宇宙仙的北斗老祖。一瞬间，他心惊肉跳，因为随着大阵的开启，狂风呼啸，这个世界随之坍塌。一股无与伦比的恐怖气息在此刻轰然降临。咔嚓！如今整个世界就已经承受不住，无数裂痕蔓延开来，寸寸坍塌。一股超越了半仙的恐怖气息降临。秦正剑眉一挑，缓缓抬头，具有威慑。深邃的眼眸望向天穹，何必装神弄鬼？ 滚出来见朕！他低喝一声，秦皇剑骤然爆发璀璨剑芒，映照这一方世界，让宇宙为之明亮。恐怖的剑气仿佛滔天洪水，疯狂肆虐，仅是一句话，加快了世界的坍塌。外面地宇宙都为之轰鸣震动。在秦政的冷眼注视下，北斗仙族太上长老等强者用自身血肉、神魂献祭的宿仙阵冲天起，没入了天穹，消失不见。下一瞬，支离破碎的天幕上，一道身影若隐若现。 轰隆隆，在这道身影显现时，北斗仙族所在的世界再一次坍塌。天幕上，这身影修长，一袭白色长袍，及腰的白色长发翩翩飞舞，俨然就是一尊真正的仙人。只是站在那里，就足以让宇宙剧烈动荡。在其周围有星辰闪烁，犹如背后就是一方浩瀚星空追随。这是一尊宇宙仙。背对着秦正的身影缓缓转身，天地似乎都随着倒转。北斗仙族中是难逃灭亡之劫吗？ 北斗老祖没有想象中是个老者，而是一个俊美的青年模样，浑身弥漫着神圣光辉，一双蕴含了无尽星辰的眼眸看着秦正，喃喃道：“我虽陨落之前曾算过北斗仙族注定会有一劫，但没能算出北斗仙族的命数。你就是那个未知的定数吗？”言语没有任何愤怒的情绪，一双眼睛同样不蕴含感情。枪，诛仙圣剑不断颤抖，发出剑鸣，随后冲天而起，落入了北斗老祖的手中，回到了。 真正的主人手中，这一刻，诸天轰鸣，一股更为恐怖的威压倾泻而下，整个世界，包括整个宇宙，突然间被恐怖杀意所覆盖。秦政没有因为笼盖八荒的威压而出现半点慌张，神色依旧宁静，甚至显得饶有兴趣的打量起来。北斗老祖，一个死在十万年前浩劫中的老东西，十万年后，要再死上一次吗？他漫不经心的开口，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端倪。所谓的北斗老祖。 只不过是一缕早就陨落的本尊分化出来的神念罢了。北斗仙祖想要以献祭的方式让其重现，时间将自己斩杀，可笑至极。纵使对方有着宇宙仙的实力，又有何妨？大不了他就让其再死一次。对于秦正所说，哦，是吗？北斗老祖眼眸蕴含的星辰闪烁，面无表情的轻声道：“如你所说，我已死过一次。既然如此，再死一次又有何妨？”你让我看不透，北斗仙族因你而亡，这因果。 自然由你承担，你就随我，一同死去吧。说话时的面无表情，他就像没有任何情绪，超脱了凡尘一般，再也没有任何留恋的，缓缓摊开双手。诛仙圣剑突然发出一声悲鸣，紧接着，北斗老祖的身影逐渐变得扭曲、虚幻，最终化作了一缕缕仙气，融入了诛仙圣剑之上，足以毁灭宇宙的滔天威压蔓延开来，当下直指秦政，爆发璀璨之芒，刹那刺出。而这一剑。 完全足够轻易摧毁一方宇宙，足以让无数半仙身陨道消。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糟糕！白起脸色大变，奋不顾身地挣扎起来，怒吼着想要挡在秦政身前。可无论怎么挣扎，也无法摆脱北斗老祖的镇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秦政面不改色，看了一眼旁边的白起，淡淡道：“无需担心，且看朕斩了这尊宇宙仙。”话音落下，世界意志轰鸣，宇宙意识,意识为之震荡。 面对与诛仙圣剑融为一体的北斗老祖刺破虚空而来，宇宙仙吗？秦正喃喃，旋即帝之威严冲天起，霸道凛然道：“朕一剑可诛。”一句话，北斗仙族所在的世界彻底坍塌，宇宙当中一个个星球陆续炸开。而在秦正的身后，轰！一尊踏足宇宙，睥睨诸天万界，与其模样如出一辙，却弥漫着恐怖仙威的仙身屹立。这一刻，万籁俱寂。 秦政也还是头一次遇到话语那么少，出手就是杀招的对手，当下意识抬起了手中的秦皇剑，嗡<问>，剑鸣传出，宇宙荡起涟漪。这同样是一件仙器，他要以半仙之境斩宇宙仙。秦政仙身的显露，让宇宙中的无数生灵为之瞩目，惊恐不已。诛！他轻吐一个字，秦皇剑不断嗡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猛然变得庞大无边，恐怖的剑气在宇宙中肆虐，无数星辰竟在颤抖。 不断坠落，滔天无边、无休止的煞气从其上蔓延而出，覆盖了整个宇宙。一剑挥出，极致的剑光映照了整片宇宙，穿透了无尽虚空，无与伦比的剑气蔓延纵横，镇压一切存在。周围的一切摇摇欲坠，像是随时化作虚无。这惊艳至极，已是剑道绝巅的一剑。斩下，携带着毁灭气息的剑气摧枯拉朽，以无上之姿朝诛仙圣剑倾泻而去，带动了这方宇宙剧烈摇晃。 如同下一秒就要被毁灭，咔嚓！面对秦政这无可匹敌的一剑，诛仙圣剑再也无法前进分毫，宛如琥珀一般无瑕的剑身上，更是出现了一道细小的裂痕。可眨眼间，裂痕越来越多，蔓延了整个剑身，紧接着，轰然碎裂，一股波动席卷开来，让一个个星球化作了齑粉，不复存在。不可能！一道夹杂着震惊的声音传出，北斗老祖的身影再次显现，看着足以斩灭一切的恐怖剑气。 一直都是冷漠的脸上露出了惊恐之色。你，你不过是半仙，就算半仙巅峰，又怎能如此？他不再像之前毫无情绪可言，正难以置信的看着秦正，咆哮开口。本以为北斗仙族已被覆灭，他无法存在太长时间，想以最快的速度将其斩杀，却不曾想，对方哪怕只有半仙巅峰的修为，却拥有令自己都为之忌惮的恐怖实力。那一剑，摧毁了诛仙圣剑，明显就是一把品次高于诛仙圣剑的仙器。 朕说过会让你再死一次。秦正看着再次显现出来北斗老祖，淡然道：“朕要走的乃是无敌之道，又岂是你这等列仙能明白的？”大手一挥，秦皇剑再次嗡鸣，剑气仿佛得到了加持，摧枯拉朽的无视了北斗老祖惊慌下的抵抗，将其彻底穿透而过。瞬间，这方宇宙狂颤，剑气所过之处皆化作虚无。北斗老祖身后的宇宙深空，在此刻被秦正的一剑斩得崩裂开来，化作了望眼无际的恐怖虚无。 掀起的罡风乱流，疯狂肆虐，吞噬着周围的一切存在。一剑，世界毁灭，宇宙都缺失了大半。北斗老祖的身体不断颤抖，脸上的恐惧无法掩饰，眼球瞪大，惊恐地看着秦正，无,无敌之道，你！他没有想到，对方竟能半仙斩杀自己一尊宇宙仙，极致的碾压，让他连反抗的资格都没有。轰！在占据整个星神的难以置信下，北斗老祖的身体开始扭曲，密密麻麻的光芒透射而出。 先前在那一剑之下，他已然被掠夺了一切，躯体被剑气彻底摧毁，随着他轰然炸开，宇宙再度坍塌。第九星域，那那是秦政，强如宇宙仙，都被秦政一剑诛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秦政远要比我们之前所看到、了解到的还要恐怖。北斗老祖跟秦政于宇宙中的一战，从蓝星而来的众人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震撼的画面早已让他们失了神，内心掀起惊涛骇浪。仅仅只是一剑。 世界毁灭，宇宙都被切开，坍塌了大半。那恐怖的虚无，让人触目惊心，毛骨悚然。刚刚，刚刚发生了什么？由于仙统局的成立，这次代表大夏前来的余力群，头皮发麻的看着身边的一名将土询问。在他的身后，各国代表呆滞。直播间无数观众早已看得目瞪口呆，弹幕狂轰滥炸。可不仅是他们，就连在场的一个个疆土，看着宇宙深处，眼中同样透露着难以置信的震惊之色。刚刚。 乃是陛下亲征北斗仙族，昔日这方宇宙的霸主，在陛下手中不过是覆手可灭。先前被问到的那名将土片刻后，大口喘着粗气，满眼狂热的高声呼喊。瞬间，第九星域变得沸腾了起来。过去那么多年，我们竟然还有机会能够看到陛下出手。一个世界不过是弹指之间，陛下哪怕修为还没有达到宇宙仙，却已经可以将宇宙仙斩杀。不愧是陛下，不愧是大秦帝国的主宰。北斗仙族的灭亡。 已经宣告着这个宇宙再无霸主级别的存在，大秦帝国将是万族的主宰，不臣者死。与大秦帝国作对，管他妖鬼神魔，诸天万族，只要陛下出手，一切终将不复存在，灭亡乃是他们的归宿。无数声音在周围回荡，宇宙依旧轰鸣，直至秦政的仙身逐渐消散，第九星域依旧处于轰动当中。而此时，先前被问到的江土看到于立群等人依旧震惊，忍不住惊叹道：“你们此次算是有眼福了。” 先前陛下亲自出手，覆灭了不久前参与了造反的北斗仙族，而陛下所斩杀的，乃至已经达到了宇宙仙。十万年前就已斩杀过宇宙仙的北斗老祖，可在陛下面前，所谓的北斗老祖根本不够看。陛下亲自出手时，他的结局就已注定。说着说着，他再一次与周围的疆土欢呼了起来。闻言，蓝星众人倒吸一口凉气，先前令人惊骇的画面不断在脑海中浮现。只是略微出手，就覆灭了一个霸主级别的仙族。 何止是一个仙族啊！那个世界都被毁去，这个宇宙在那一剑之下几乎都要一分为二。好恐怖的秦政！秦政独自一人就已无敌，这个宇宙霸主级别的种族，要么臣服，要么像刚刚那个北斗仙族一样被覆灭。大秦帝国统治这片宇宙，任何反抗在秦政面前都是徒劳啊！北斗仙族哪怕靠着献祭那么多恐怖的强者，召唤出十万年前叱咤这方宇宙、更为恐怖的北斗老祖，却依旧无济于事。秦政仅仅只是一剑。 世界毁灭，北斗老祖再次陨落，宇宙都被斩出了缺口。他们再次呆滞下来，眼眸当中透露着无尽的惊骇，头皮炸裂。尤其是自由国，以及先前达成暂时联盟的各个国家，当下感受到了无边的惊恐。如果秦政降临蓝星，那么除了大夏之外的其余国家，能算得了什么？在对方眼里，无疑就是碍眼的尘埃。一句话，一个眼神，就足以让他们灰飞烟灭。这一点无需质疑。不仅是在场的众人。 如今的直播间同样惊骇不绝，在大夏观众沸腾时，各国观众看得羡慕不已，心中巨浪滔天，对于修仙的渴望更为强烈，却又升起了一片绝望。除了打架，他们都是蛮夷，无法得到功法修仙。宇宙的深处，秦政神色淡然，秦皇剑归鞘，此战大胜，大秦军队几乎没有出现太大的伤亡。反观北斗仙族彻底覆灭，陛下，陛下以半仙之境斩杀宇宙仙,仙，当绝世无双。 无敌路上无敌手，大秦帝国将在陛下的带领下开辟更大的疆土，主宰更多宇宙，成就无上仙庭。浴血奋战过后的吴大秦疆土显得无比亢奋，眼眸充满了狂热，振奋的齐声呐喊，激动不已的咆哮着，声势浩大，撼动宇宙。白起深吸一口气，忍不住恭贺道：“陛下登临宇宙仙，指日可待。”如今的他再一次感受到了眼前这道身影无敌的压迫，仅仅再一次出手就已能斩杀宇宙仙。 面对周围大军高声大喊，以及一道道狂热的目光，此战告捷。秦政眼眸深邃，缓缓道：“大秦帝国于这方宇宙再无敌手。白起所率之军队，得进入飞升海资格。大秦帝国得仙光洗礼，大秦当无敌。”他的声音不大，却在此刻响彻了宇宙的每个角落，阵阵轰鸣不断，八方震动。接着下一秒，秦政踏步，消失不见。可他的声音依旧回荡，瞬间。 八方的疆土朝着秦政离开的方向，激动万分的跪拜下来，拜谢陛下，谢陛下恩赐，大秦无敌，大秦无敌。他们皆是振奋不已，眼中充满了强烈神采。旁边的白起同样躬身一拜，眼眸当中的崇敬之色更多，内心越发激动。陛下如今只是半仙之境就能够斩杀宇宙仙，一旦登临宇宙仙，岂不是仙王也可敌？光是想到这里，白起就忍不住激动到颤抖，眼眸当中迸发出无尽的神采。 只要徐福能够探索到新宇宙，我势必要请示陛下率军前往。他深吸一口气，眼眸当中透露着强烈的期待。秦政的声音在整个宇宙响彻，第九星域边关的无数疆土在听到也能得到赏赐之后，瞬间仰天大笑，狂热的跪拜下来：“我等拜谢陛下，陛下无敌，大秦无敌，整个大秦将得到仙光洗礼，太好了！而且之前跟随白起将军覆灭五大族的兄弟将得到进入飞升海的机会。飞升海作为大秦的禁地之一。” 同时蕴含了无数的仙人传承，乃是仙气最为浓郁的地方。这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造化。他们止不住的高呼、呐喊、议论着。而下一秒，整个宇宙迸发出极致的光芒，自八方蔓延而来。一个个疆土抬起头来，看到了无穷仙光，沐浴其中，身上的气息正在逐渐攀升。放眼看去，整个边关之地彻底被辉煌的仙光所笼盖，显得尤为神圣，宛如一方浩瀚仙界。 凡是沐浴在仙光之下的大秦疆土，身上的气息正在攀升，他们肉身、修为、血脉全部得到了空前的洗礼。看到这一幕，飞升海存在着无数的仙道机缘，无数的仙道传承。之前那些出战的大秦疆土，全部都有这个机会进入飞升海，仙光洗礼。天煞族算得了什么？再说了，蓝星遭遇的危机根本就不需要他出手，随便派遣一人，怕事都能平息，有什么好担心的？说完，他冷哼了起来，这些家伙。 之前面对吉吉斯国被入侵的消息，一个个避之不及，都不想派军前往产生伤亡。眼下说这说那，让他烦躁。而余立群的话，顿时让在场的各国代表把话憋回了肚子里面。可恶！他们不知为何内心忌惮。如今的余立群已经是一名真正的修仙者，而且境界对他们这些普通人来说已然不低，甚至对方一巴掌，完全就能够把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人给拍成肉泥。这一点绝对毋庸置疑。只不过随着时间的过去， 就连直播间的观众都开始焦急了起来，因为这一次所遭遇的危机，只有大秦帝国能够帮得到蓝星，否则以蓝星目前的情况，各国就算联合起来，动用核武器，也没有办法摆平天煞族的入侵。红色战区的异族，实力是当前诸多裂缝通道中的异族最强的。此时，之前负责汇报情况的疆土折返了回来，蓝星各国代表见状，纷纷凑上前去。疆土扫视着众人，郑重道：“尔等的请求，陛下会安排，尔等无需担心。” 回去吧，太好了！于立群等人大喜过望，连连点头。樱花国的代表却欣喜之余，询问道：“那能不能快一点？大秦陛下安排的人是蒙恬将军吗？还是谁啊？”对了对了，这次对蓝星入侵的异族实力强悍，让你们的人小心一点，否则会吃亏的。此话一出，其他人脸色沉了下来，对其无语。这家伙实在是没有脑子。果不其然，聒噪！那名大秦将土眉头皱了起来，冷喝一声后。 冷眼盯着樱花国的代表，肃然道：“我说过，陛下会安排。至于快与慢，是你该问的吗？至于你说的那个异族很强，且不说陛下，即便是陛下随便安排，所谓的异族就掀不起风浪，注定要被覆灭。特别是你，先前倒是说了许多大秦不好的话语。说到最后，他冷哼了一声，瞬间，樱花国的代表脸色大变，只觉得脑海轰鸣，猛地吐出一口鲜血。对不起，对不起，他接连倒退之下。” 赶忙道歉起来，眼前这名将土的一个眼神，就让他仿佛在鬼门关走了一趟。大秦帝国恐怖至极，仅仅只是一个普通的疆土，对他们而言就已经是不可得罪的存在。一道眼神就可杀人。看到樱花国代表的模样，四，其他人倒吸了一口凉气，心神狂震。原本他们也想要催促，可是现在直接把到嘴边的话给咽了回去。惹不起，根本惹不起。哪怕随便一个疆土，都能够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于立群不由得感到一阵暗爽，随后颇为谦逊道：“有劳了，那我等先行回去等候。”说完之后，他返回了飞船之上。其他人见状，不敢有半点停留，在接引之光降下，一下子就被吸收到飞船之上。随后，飞船再次没入了通道，返回。哈哈，那樱花国的家伙真是个蠢货，笑死我了！不过那个疆土就应该把他给杀了，我看行。都不知道得有多蠢才能问出那样的问题。只是一名疆土，就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能够招惹得起的。 整个大秦帝国太可怕了，众多大夏的观众捧腹大笑，对于樱花国代表的举动，皆是讽刺了起来，这让樱花国的观众也都骂声一片。那样的家伙简直愚蠢，丢樱花国的脸。同时，无数的观众在得到答复之后，总算是松了一口气，蓝星有救了。三天时间过去，蓝星吉吉斯国如今早已是一片炼狱，整个国家已经彻底沦陷，再看不到任何一个人类的身影。结结结。 人类的血肉实在美妙，可惜，这个国家的人数还是太少了。这里已经没有人类，该向其他地方进军了。从那些人类的口中得知，附近还有许多国家。这个所谓的蓝星，尽管灵气稀薄，可人类倒是挺多。杀吧，杀吧！这个星球的人类可以随意屠杀，杀，杀光这些人太过简单。我要慢慢折磨他们的魂魄，之后再一口吞掉。结杰，一道道残忍的话语不断传出，虚空上。 密密麻麻的身影不断盘旋，猎杀着任何一个躲藏起来的人类。仔细看去，这些竟是浑身有着浓密黑雾弥漫，仿佛没有身体一样的灵魂生物。他们的双眼透露着血芒，浑身散发着邪恶气息，惊人的魂力波动，在此刻整个吉吉斯国，让其成为了修罗地狱。而他们，正是红色战区之一的天煞族。此刻，伴随着吉吉斯国全面沦陷，天煞族已经全面占据这个国家，朝着周边的国家再度发起了残忍杀戮。 吉克斯国、兹别克国同样在面对着天煞族的入侵，且根本无法抵御。此时，正在驻守吉克斯国、兹别克国的蓝星联军部队还在奋力抵抗，与天煞族展开厮杀，但情况却不容乐观，正节节败退。该死的大夏人，你们的老祖宗呢？大秦帝国不是说了会派人过来平息异族入侵吗？人呢？要我看，他们肯定把这件事情给忘了，根本就不会管我们。可恶，大秦帝国的人真该死！法克。 再这么下去，我们全都得死在这里！撤，快撤，把人送走，不要恋战！一支联合军队正在护送平民百姓撤离，途中其他国家的疆土忍不住咬牙切齿的怒骂起来。三天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他们各种方式都用了，无数炮弹、子弹几乎没有取得太好的成效，接连溃败。除了已经出现不小的伤亡，他们根本无法阻止天煞族的入侵。大夏的疆土闻言，脸色顿时变得难看。你们这些外国猪，能不能不要叫了？ 大秦帝国既然说了会派人前来，就一定会来。真以为那么庞大一个帝国会把这种事情看得很重？人家能够答应帮忙就不错了，懂了吗？可是，可是三天了，吉吉斯国已经被异族占据，现在又到了周边这些国家，再不来，我们都得死。不是我们非要说，毕竟要是其他裂缝通道的异族全面入侵，蓝星恐怕要面临灭亡。面对众多大夏降土的怒斥，其余国家的人怒吼着反驳起来。眼下这种情况，他们不得不急。 听到这些话，大夏的疆土们沉默下来，尽管心中也很着急，可没有办法，谁敢去催大秦帝国？毕竟这种事情对大秦帝国而言，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可就在护送着遭受天煞族入侵国家的百姓游轮撤离时，结结结，将这个星球的人类全部杀光！想跑？整片天幕变得越发暗沉，四面八方的虚空中，有天煞族的家伙不断从虚空中冲出，恐怖声势让天地轰鸣，空中的一架架战斗机。 直接就被瞬间摧毁，根本就不能阻挡敌人分毫。有天煞族的怪物发现了要撤离的联合军部队，发起了可怕的进攻。跟他们拼了！联合军的疆土们一边退，一边展开反击，眼中满是疯狂。可面对天煞族诡异的摄魂手段，许多疆土顿时变得茫然起来，对身边的同伴展开了攻击。这种情况让联合军陷入恐慌，不敌之下，只能祈祷就能够安全撤离。面对天煞族的又一次大举入侵，联合军的节节败退。 让直播间的无数观众都为之胆寒。完了，这些家伙，我们根本无法抵抗，能够把人的魂魄给吸取，这怎么跟他们打呀？西巴，大秦帝国的人怎么还没来啊？难不成他们要等着我们快要死光了再出现吗？完了，蓝星完了，只是一个天煞族就无法抵抗，其他的异族通道要是彻底打开，蓝星用不了几个小时就要完全沦陷。所有人看着直播画面，惊恐万分，不断惊呼，陷入了恐慌。尤其是吉吉斯国附近的国家。 根本不敢怠慢，安排了撤离。全球陷入惊恐。与此同时，大夏盐城的裂缝通道外，大秦帝国的人再不来，到时候就不仅仅是那几个小国，周边的大国也将遭到屠杀。老祖宗啊，快来啊！你们再不来，大夏可是跟那几个小国接壤的呀、啊！一支联合军在此处接应，可等了三天，面前的通道没有任何动静。他们看到了直播的惨烈，不仅是其他国家的疆土着急，大夏的疆土同样心急如焚。 毕竟已经沦陷，几乎被灭国的吉吉斯国，跟大夏接壤，那些可怕的天煞族，说不定很快就会屠杀完周边的几个小国，之后对大夏动手。突然间，轰隆隆，巨大的轰鸣声从前方的通道传出，刹那间，极为耀眼的五光十色绽放，一股股惊人的气息在此刻蔓延而出，在此处随时准备接应的联合军将土皆被吓了一大跳，警惕的后退，死死的盯着裂缝。难道，难道大秦帝国的援军到了？ 他们呼吸急促，紧张的观望着。下一秒，八方空间轰鸣，天幕剧烈运动，仿佛有恐怖的存在就要从通道中冲出，甚至肉眼可见的能够看到周围的虚空荡漾起了阵阵涟漪，看起来颇为奇异。还没等接应的联合军反应过来，轰卡，虚空炸响，一艘浩瀚的战舰猛然冲出，惊人的煞气蔓延开来，可怕的气息波动扩散，顿时让还处于不确定当中的联合军被掀飞了大半。大秦帝国的人终于到了。 而大夏的疆土在看到战舰上飘扬的大秦旗帜后，惊喜不已地高呼了起来。巨大战舰遮掩了天地，轰鸣声让空间不稳，底下的联合军头皮发麻，惊骇地看着头顶上的巨大战舰。而就在此时，刷刷刷，一道道身影从裂缝通道中随之而至，踏足虚空，身上皆是散发着惊人的可怕煞气。仅是眨眼间，足有上千人映入眼帘。这些人的身上穿戴着像是外骨骼机甲一般的铠甲。 就如同从更高级的文明降临而来，说是外骨骼机甲，可所有人都能看得出来，那些疆土身上的战甲极为科幻，看起来很不真实。而在战舰之上，刘彻不怒自威，眼神充满了霸气，一身金色的高科技战甲闪闪发光。这就是祖星了吗？他喃喃开口，身上的气息让周围的空间出现了扭曲的迹象，轰鸣声不断传出。在他身后，长相英俊，身姿挺拔，眉宇间透露着富贵之意的霍去病扫视了一眼周围的天地。 剑眉挑起，汉武后，祖星的灵气也太过稀薄了，难怪面对异族入侵无法抵抗。他穿着一身荧光战甲，摇着头开口道：“祖星上帝人太弱了，如果不是陛下吩咐，我都不想来这一趟。你呀，性子就不能收敛一点。祖星有我们的后人，又岂能看他们受异族迫害？”刘彻瞥了一眼旁边的霍去病，教训了一句。闻言，霍去病摸了摸鼻子，倒是没有反驳。而下方，是了，这是大秦帝国的人。 他们终于来了！大夏的一名将土在看到站在战舰前方的刘彻跟霍去病，以及两人的谈话之后，从强烈压迫下回过神后，惊喜的欢呼了起来。其他国家的将土重重的在心里松了口气，不过却还是处于震惊当中。每一次大秦帝国的人出现，都让他们感到那么的不可思议。在他们的震撼目光下，诸位可是大秦帝国的前辈，我们奉命再次接应，恭迎诸位前辈的到来。一名大夏的将土放低姿态，恭恭敬敬的开口说道。闻言。 刘彻看向下方，询问道：“你就是大秦之后，如今祖星的大夏后人？”正是。面对满脸威严的刘彻，大夏的疆土口干舌燥，恭敬点头。刘彻又询问了一下目前的情况，大夏的疆土如实回答。至于其他国家的疆土，刘彻根本不予理会，且没有正眼相看。毕竟除了大夏的人，祖星之上的其余各国，就是如同蝼蚁一般的蛮夷罢了，何须搭理？得知目前的情况，上来吧！刘彻大手一挥。 联合军众人身体不受控制的，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拖上了战舰，众人心惊不已，口干舌燥，实在是身边的这些人，一个个身上都弥漫着可怕的气息，压迫感十足，就好像他们皆是从尸山血海中走出不久，就抵达了蓝星。霍去病看着愣神的联合军众人，喝道：“尔等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带路！”瞬间，所有人被吓得一哆嗦，不约而同的指了方向。轰，战舰再次轰鸣，刹那掠出。 如同一道流光，直奔天际。霍去病看着联合军众人，摇了摇头，随后说道：“这些人所说的天煞族，有那么厉害吗？陛下还要让我等亲自过来一趟。重要的不是这个。”刘彻摇摇头，眼中满是期待道：“而是陛下亲征前的准备。陛下可是好久都没有亲征了。上一次我被安排戍边，这次无论如何，我都要跟着陛下一起。”霍去病嘀咕了一句，言语透露着耿耿于怀。等着两人的话语，大秦帝国的陛下要御驾亲征。 联合军为之震惊，有点难以相信耳朵听到的信息。可是，他们看了一眼整个战舰上只有上千人的军队，有些担忧。可怕的天煞族全面入侵，数量之多，堪比多个小国的人口总和。只有千人的部队，能化解这次的危机吗？其中一名自由国的疆土不由得询问道：“你们就这么点人，能行吗？要不要再多派一些人来？”放肆！霍去病身后的一名年轻将土隔空一掌将其扇飞，冷声道：“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质疑我大汉国的汉武功跟战无不胜的冠军侯！若不是陛下有令，这种事情根本就没有资格让他们亲自过来。别说你们口中的天煞族，就算祖星沦陷，无需汉武功与冠军侯出手，我等亦能将一族驱逐，踏平祖星绰绰有余。这名疆土眼眸透露着惊人煞气，言语霸道无匹，隔空的一掌直接让那名自由国的疆土重重倒地，口中吐血。其他人见状，皆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对方身边的一名将土。 就有如此之大的口气，令人动容。而且，大汉国、汉武功、冠军侯，诸多的信息直接就让在场的大夏将土傻眼，头皮发麻地看着刘彻跟霍去病。刘彻、霍去病，他们下意识的开口，突然大胆，竟敢直呼汉武功与冠军侯的名讳。先前的那名将土再次冷喝，刚要出手惩戒，却被制止。刘彻看着受到了惊吓的大夏将土，没有回应，但之前的那名将土。 就已经是最好的回应，竟然真的是所认知历史中的汉武帝跟霍去病，而直播间也陡然炸开了锅。汉武功，冠军侯，这都什么跟什么？刘彻跟霍去病，他们是谁？卧槽！汉武帝是汉武功，而他旁边的冠军侯就是大汉战神霍去病，他们效力于大秦。我对历史倒是有些认知，那名疆土所说的称谓，大汉国，难不成大汉只是大秦分封的诸侯国？不会吧，这这特么也太吓人了！我尼玛！ 之前还以为只有这么一点人没有办法应对天煞族，可他们要是刘彻跟霍去病的话，那没事了。尽管知道先前所了解到的大夏历史不是真的，可现在看到刘彻跟霍去病，我还是有些不敢相信。不仅大秦还存在，大汉也还存在，肯定没错了。连一个小将都那么的霸气，这就是熟悉的大汉味道。尤其是霍去病，太酷了，战神啊！我看到了活着的冠军侯，我们不用再担心了。该担心的是那些异族。哈哈。 这可是刘彻跟霍去病，他们果然跟着大秦一起修仙了。有他们在，真不知道我们还需要担心什么。在外国观众懵逼疑惑之时，大夏的观众显得空前沸腾，疯狂议论起来。刘彻、霍去病这两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们怎能不知，怎能不晓？二人的出现，让无数大夏观众狂喜不已，沸腾下更充满了无尽的期待。与此同时，蓝星联军面对天煞族的猛烈攻势，毫无招架之力。 正在紧急撤退，可突然，大秦的人来了。大秦的人正在朝我们这里来，我们还有希望，再坚持一下。负责通讯的疆土得到消息之后，第一时间给作战的联军进行了通报。得到消息之后，本来已然开始绝望的联合军猛地打起了精神，大喜过望。我们不用死了，等了那么多天，大秦帝国的人总算是来了，太好了！那些该死的异族不能再继续嚣张，等待着他们的将会是大秦帝国的镇压。那些该死的家伙杀了我们那么多弟兄。 希望大秦帝国的人能够让他们灭绝，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让他们进入其他国家的领土，否则难以去抑制这些家伙祸乱其他国家。跟他们拼了啊！他们没有再去撤退，而是选择停下脚步，利用各种军事武器进行疯狂打击。各国的疆土尽管偶尔斗嘴，可在这种时候知晓孰轻孰重。所以，联合军开始拼了命的反抗。大秦帝国的人已经降临蓝星，他们只要再拖延一会时间。 接下来就能化解危机。直播间内，无数的观众激动不已。刘彻跟霍去病，而且他们还是修了仙的，这样的组合，那些天煞族肯定没办法抵抗。我就知道老祖宗不会坐视不管的。没想到大汉居然只是大秦的一个诸侯国，之后的那些朝代是不是也还存在？还真是令人期待啊！要知道，那可是我最崇拜的霍去病。汉武帝变成了汉武公。大夏之前所了解的历史还真是假的。 那所谓的鬼仙一族篡改了历史，是想让我们后人误会老祖宗们分裂，真是可恶啊！杀光那些异族，杀光他们一个不留！各国观众激动不已，眼眸当中透露着浓浓的期待之色。而在大夏观众的沸腾之中，其余国家的人纷纷感到震惊，同时心中也在好奇之后的结果到底如何。毕竟天煞族所在的通道可是被列为最危险的红色战区，而且实力很强，根本无法用蓝星所拥有的武器进行有效打击。这一次的危机。 只能靠大秦帝国的人解决了。就在联合军再一次溃败之时，别挣扎了，你们注定灭亡。这个星球用不了多久，将不再存在人类。你们这些蝼蚁，死在我们手里是你们的荣幸。结结结！天煞族的一众族人包围了一支联合军，将其围困在海面之上，嚣张肆意的大笑起来。眼看陷入包围，无路可退，联合军将土的心顿时沉到了谷底。大秦帝国的人还没到吗？完了，我们要完了！所有人脸色惨白。 身体止不住的颤抖着，面对这些可怕的异族，他们没有能够将其击杀的手段，只能不断拖延。可如今弹尽粮绝，他们无法再对其造成任何阻碍。就在天煞族的存在要出手之时，轰！一道震耳欲聋的轰鸣从天际传来，巨大的动静让在场的所有人心惊肉跳。一道道目光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随后就看见一艘巨大的战舰正在恐怖的速度迅速临近，惊人的气息蔓延整片天地。而在战舰上。 为首的中年人神色不怒自威，一身金色的圣甲看起来颇为神圣，金光弥漫之下，男子的眼眸深邃且没有任何波澜，仿佛丝毫不在意当下所看到的景象。而在这名中年男子的身旁，站着一名身穿银色战甲的俊朗青年，此人站得笔直，可仅仅只是如此，却给人其他的压迫。整个战舰还站立着一个个身穿充满了科幻气息战甲的疆土，放眼看去，大约有近千人。众多联合军的将土看到了战舰上飘扬的大秦旗帜。 可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面旗帜，写着一个繁体的汉字。眼看战况惨烈，损失惨重的联合军，大秦这次派遣了大汉国的人前来解决此次危机。大家不用再担心了，这次带兵前来的乃是冠军侯霍去病与汉武公刘彻，有他们在，接下来就不需要我们了。大家赶紧往后退，将这里交给他们负责带路的大夏。将土朗生开口，此话一出，天地震动，隐约间，气吞山河的虚影呈现在天幕之上。 大汉的旗帜在风中飞扬，一个个大汉国的疆土在此刻一跃而起，踏足虚空，蓄势待发。在他们身上，惊人的气息蔓延开来，笼盖了前方的战场。得到霍去病等人的身份信息之后，之前抵抗的联合军傻眼了。大汉国，大汉，他们，他们是大秦的诸侯国。卧槽，上面的兄弟，你没有开玩笑吧？冠军侯霍去病跟汉武帝，不，准确来说是汉武公刘彻来了。我不懂你们历史上的那些老祖宗。 可他们撑死了也就一千号人，能行吗？天煞族的数量少说都十几万，这还不算没有彻底出现的。这么点人就想应对那么多天煞族，他们也太托大了吧？你们懂个球！闭嘴！就在大夏疆土心头狂震之时，一个个其余国家的疆土为之懵逼。在他们看来，这么点人根本就不足应对当下的局势。可他们的话语，直接遭到了大夏疆土的反驳。其余国家的那些家伙目光短浅，但他们不是。 刘彻跟霍去病的大名，作为一个大夏人，又怎能不认识？尽管震惊大汉只是大秦的诸侯国，可能够追随秦政的人，又怎会简单？而另外一边，其中一道由蓝星联合军组成的防线已然溃败。啊，没有被污染，如此精纯的灵魂，真好啊！如果能把这个星球的人类全部覆灭，天煞族将得到不小提升，老祖就有机会突破下一个大境了。嘿嘿，这些人类还试图想用这种玩具一样的武器阻挡我等的脚步。 真是异想天开啊！垂死挣扎罢了。这个星球人类的灵魂，都将成为老祖的养分。把他们的灵魂全部收集起来，灵魂献给老祖。至于这些蝼蚁一样的人类血肉，倒是不错的血食，可不要浪费了。结节,节一众天煞族的族人摄取了密密麻麻的魂魄，于他们身后看起来触目惊心。当下，他们看着面露绝望的联合军众人，止不住的狞笑着。而直播间内，无数观众也注意到了这边战区的溃败，陷入了恐慌。 焦急万分，糟糕！这个战区的联合军根本无法挡住那些该死的异族脚步，他们，他们恐怕要牺牲了。该死的天煞族，他们太残忍了，居然能够把人的魂魄给摄取出来，不如直接死了还痛快。异族太过残忍，而且他们的数量太多了，大秦帝国派来的人就这么点，我真担心他们能不能帮上忙。如果他们都没办法，那么蓝星的沦陷不可避免。吉吉斯国已经沦陷，周边的兹别克国以及另外那几个国家也在遭受异族的杀戮。 如果无法阻止，那么毛熊国、大夏国肯定会成为他们的首选目标。画面中的联合军死的死，伤的伤，无数观众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若是这次的危机无法解除，他们也会成为被猎杀的目标。然而此时，这次我们恐怕真的要死了。至于险境的联合军，众人脸上的绝望更多，在恐惧下止不住颤抖。一名天煞族的强者看着面前早已弹尽粮绝的联合军，狞笑道：“不止你们会死，整个星球的人都会给你们陪葬。” 放心吧，现在献出你们的魂魄。他邪恶的笑容令人胆寒，双手探出就要动手。突然间，把你先前所说的话给本侯重复一遍。一道充满冰冷的声音骤然而至，刹那天地轰鸣，狂风呼啸。突如其来的声音让之前要出手的天煞族强者为之一愣，猛地转头冷喝道：“谁那么大的胆子？”话音刚落，一道声音如同鬼魅一般从虚空中踏步而出，正是霍去病。 之后便是刘彻，以及处理了先前降临战场上存在的天煞族等大汉国将土。面对突然出现的霍去病等人，你你那名天煞族的强者瞳孔骤然一缩，头皮炸裂，惊恐万分，想要倒退。可下一秒，砰！霍去病仅是一道目光，直接让轰然炸开，消失的荡然无存。这一幕让在场的其余天煞族族人陷入了死寂，眼中充满了惊恐。对方只是一道目光，长老就被抹杀。不仅是他们。 本来等待着死亡到来的联合军众人也为之傻眼，目瞪口呆地看着踏足这方天地的一道道身影。大大秦的人终于到了，我们得救了！劫后余生之下，他们口干舌燥，止不住的打起哆嗦。万众瞩目之下，此战由大汉国正式接管，尔等速速退下！霍去病眼神睥睨，大喝一声，身上陡然爆发一股冲天的气势，撼动天穹。瞬间，八方的海域掀起数百米的巨浪，虚空剧烈轰鸣。 天地仿佛都要在此刻崩塌，阵列的大汉疆土陡然变得锋芒毕露，一股可怕的煞气汇聚于天幕之上，化作了一尊巨大的煌煌虚影，透露着骇人威压。冠军侯的话，尔等没有听到吗？有疆土肃然看着联合军的人，冷声开口。闻言，冠军侯，大汉国先前一道目光就让敌人一名强者灰飞烟灭的人，乃是大汉战神霍去病。联合军中的大夏疆土陷入懵逼，头皮发麻。冠军侯。 这些异族名为天煞族，旁边的吉吉斯国在他们的屠杀之下已经沦陷。至于他们降临的通道就在吉吉斯国当中，而且还在源源不断的往蓝星输送。目前的天煞族正在展开大范围的入侵，周围的几个国家近乎沦陷，而我们组成的联军无法阻挡他们的脚步。这些异族能够让人迷失心神，摄取魂魄，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能大意。联军中，一名受到重伤的大夏将土在惊骇之中，看着气势冲天的霍去病。 赶忙告知了一下当前的情况，只不过天煞族，听都没听过。霍去病冷哼一声，桀骜不驯道：“我只知道，陛下让我前来，就是要把此地放肆的异族灭杀。区区异族，也配与我等为敌？”说完，他大手朝着前方的虚空一抓，顷刻展现了一道惊人的裂缝。仅是瞬间，一道恐怖的气息从中蔓延而出。随着霍去病再次一抓，一杆通体弥漫着熊熊烈火的长枪被握在手中。一群蝼蚁。 也胆敢踏足祖星，他眼眸透露着寒芒，手中长枪朝着前方虚空横扫，璀璨的枪芒映照天地，一道无与伦比的恐怖气息瞬间横扫而出。刹那，砰砰砰！原本被联合军形成包围的天煞族之人，神色猛然大变，只感到整片天地都被封锁，他们的退路彻底被斩断。还没等他们从震惊中回过神来，霍去病的随手一击，直接让天地传出炸响，数十个天煞族的家伙没有任何征兆。 纷纷炸开，化作黑雾消散天地间，仅是一击，将其全部覆灭。蓝星联合军看到这一幕，无不是瞳孔收缩，嘶，他们皆是倒吸一口凉气，头皮炸裂。此时的霍去病脚踏虚空，手中长枪弥漫的火焰，像是要将天幕都给焚烧殆尽。如此画面，让蓝星之人心头狂震。可还没等他们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尔等退下！霍去病手持长枪，直视下方联军之人，再次呵斥一声，瞬间。 联军的将土们只觉得耳边闷雷滚滚，不敢有半点怠慢，直接撤出了战场。好像，好像我们对于大秦帝国的认知还是不足。大汉，大汉竟然只是大秦的诸侯国！刘彻与霍去病都效力于大秦。天哪，这，这也太吓人了！那之后的朝代，是否与大汉国一样，都只是大秦帝国的诸侯国而已？我们好像太过小看他们了。那不是废话吗？也不看看他们是谁！接下来，睁大你们的狗眼！各国的疆土，头皮发麻。 口干舌燥的惊呼起来，而面对他们的话语，大夏的疆土没好气的冷哼起来，随后无比期待的抬头看向霍去病，这位大汉的无双战神，他们竟然有机会看到本尊，而且还是那么恐怖的本尊，简直是无上的荣幸。此刻，战场的蓝星联军全部撤出，不再参与，而接下来，战场将由大汉国正式接管。至于劫后余生的所有疆土，当下都无不是开始观看起了直播，皆是想要目睹之后大汉国与天煞族的战争。来五百人。 随我冲杀，直冲他们的大本营！霍去病一跃而起，手中长枪舞动之下，天幕震动。大喝一声后，他眼眸弥漫着滔天的杀意，直奔裂缝通道所在的方向而去。同时，有五百名大汉将土充满肃杀，紧随其后，所过之处轰鸣不断，犹如洪荒猛兽在咆哮。霍去病浑身绽放出绚丽之火，看起来就如同一尊烈焰战神矗立在天地之间。蝼蚁再多，一枪扫之，他犹如一道赤色流光。 冲向了天幕，朝着还没有搞清楚情况，天煞族之众一枪贯穿而出。吼、oh！一道龙吟声传，在无数道惊恐的目光之下，一条遮天蔽日的烈焰巨龙发出咆哮，张开了吞天噬地的恐怖大口，朝着下方遍地的天煞族倾泻而下。刹那间，凄厉的惨叫回荡在天地。只见烈焰巨龙覆盖之处，众多的天煞族族人没有丝毫反抗的余地，在惊恐万分之下被火焰弥漫，滔天的火海冲天起。 一道道惨叫令人毛骨悚然，不断的回荡这方天地。恐怖的高温让虚空扭曲，疯狂蔓延之下，焚烧着一切，所过之处皆为灰烬。任何天煞族的族人皆不可挡。由于战场上的重大变故，越来越多的天煞一族的族人朝着霍去病等人降临的战场汇聚。见此情况，尔等今日唯有一死！杀！追随霍去病的五百名将土陡然暴喝，顷刻间有人化作了一尊巨人，一拳轰出。 成百上千的敌人眨眼被抹杀，他们就像是变身了一样，眼中透露着嗜杀，浑身的杀气如同实质，让虚空都受到巨大影响，轰鸣不断。而随着他们冲入了战场，惨叫声不绝于耳。而那些原本让蓝星联军无法应对的天煞族，在这一刻就像是遭遇了天敌，竟一下子无法反抗。屠杀展开，战舰上，去吧！刘彻眼眸像是穿透了虚空，指着另外一个方向，在那里的国家已然沦陷。 剩余的将土文言猛地掠出，一个个将土脚踏虚空，一步踏出，再次出现时已是千里之外，奔赴了另外一处战场。而此时，刘彻神色平静的一步踏出，瞬息就降临了已然全面沦陷的兹别克国。奉陛下之命，尔等不可活。他淡淡开口，眼神睥睨着下方数量众多的天煞族族人。话音落下，似乎整个世界都在此刻剧烈摇晃了起来。紧接着，天穹之上像是被撕开了一样巨大的裂缝。 透露出恐怖气息，一个各天煞族的强者看到突然出现的刘彻，神色猛然大变。但不等他们说些什么，极致的金光从触目惊心的裂缝中闪烁，让整个蓝星都在动荡的恐怖气息蔓延而出。一只遮天蔽日、烙印着密密麻麻、晦涩难懂符文的大手缓缓探出，在恐怖的气息之下，已然占据兹别克国的天煞族还没有开始对其余国家发起入侵，在这一刻全部陷入了无上的恐惧之中。砰砰砰！滔天的轰鸣声不绝于耳。 遮天蔽日的大手朝着下方拍下，过程中，一个个天煞族的族人在恐怖威压下身体炸开，烟消云散。即便是天煞族的强者，也都脸色大变。那，那是化神境大能？怎么可能？他们头皮炸裂，惊骇欲绝。可是，他们根本没有反抗的资格。遮掩了整个兹别克国的神秘大手直接拍下，轰！整个蓝星为之剧烈震颤，足以让人吐血的轰鸣遮掩了无尽的惨叫声。一掌灭一国。 仅是几个呼吸的时间，肆虐在这个国家的天煞族族人顿时荡然无存。而在吉吉斯国的战场上，看来姨父用不了多久就能够突破化神巅峰了。霍去病看了一眼兹别克国所在的方向，杀气弥漫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笑意。可下一秒，他手持长枪掠出，直奔裂缝通道，所过之处遍地火海，凡是天煞族的族人皆为亡魂。面对气势足以掀翻天穹的霍去病，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不是说这个星球都是一些普通的蝼蚁吗？ 这些家伙从哪里来的？快该死！该死！快请老祖，我们不是他的对手！啊！一个个天煞族的族人根本无力反抗，不断被屠杀。不仅是霍去病与汉武帝，大汉国的其余疆土一个个都像是化身杀神，展开了以灭绝天煞族为目的的无休止杀戮。原本已然对周边几个国家进行了杀戮，占据的天煞族在此刻开始了全面的溃败，惊恐万分之下不断朝着裂缝通道溃退。此时的战场。 已然化作了恐怖坟墓，属于天煞族的坟墓。霍去病手中的长枪每一次横扫，恐怖波动蔓延千万里，饶是天煞族的强者也只能在惊恐中灰飞烟灭。从通道回到所在的世界，但看到裂缝之外手持长枪的霍去病之后，轰！他们头皮炸裂，瞪大了眼睛。这一刻，他们不复之前的嚣张肆意，而是露出了绝望。突然出现的这些被那些人类称之为大汉国，又是什么大秦帝国的家伙？太过恐怖，其手段。 修为境界深不可测，他们完全不是对手。霍去病没有动手，而是淡漠道：“杀！”此话一出，追击而至的大汉疆土没有任何犹豫，瞬间展开恐怖手段，将通道之外的天煞族抹杀。凄厉的惨叫不绝于耳，让附近的联合军听得毛骨悚然。当下，战斗平息。如今的裂缝通道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天煞族的族人存活，全部覆灭。整个过程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足以让蓝星陷入恐慌。 巨大的危机被化解。霍去病看了一眼身后的裂缝通道，随后扫视着不远处的蓝星联合军，淡然道：“自今日起，此处由大汉国接管。”一句话让整个天地为之轰鸣，哪怕是裂缝通道的另一端，当下都传出了阵阵惊呼。看到在那么短时间化解了危机，长枪在手的霍去病，此处战场的联合军头皮炸裂，就就结束了。展开入侵，足有数十万的天煞族，就这么被杀了个精光。 刚刚那个被大夏人叫做冠军侯的家伙，凭借着一己之力横扫了后方，他他到底是什么实力？大秦帝国的人怎么都那么恐怖？何止是恐怖？之前那个被称之为汉武功的人，不知道使用了什么样的仙法，把天都撕开了一道裂缝，出现的大手一掌就覆灭了刚占领兹别克的那些异族，甚至连附近的国家都差点遭受了灭顶之灾。本来以为天煞族与其他的异族不太一样，可可他们面对大汉国的人，连反抗的资格都没有，怎么会这样？ 之前还担心这些大汉国来的人太少，眼下看来，实在是太多了，恐怕都不需要那么多人，只需那个冠军侯或者汉武功都足够。不愧是霍去病，不愧是刘彻呀！那么大的危机，就直接被这么化解了。老祖宗威武！老祖宗威武！联军中的各国疆土惊骇欲绝，颤抖发出惊呼。之前所看到的一幕幕，让他们直到现在还感到像是做梦一样。在众人的震惊中，大夏的疆土忍不住的呐喊，眼中满是崇拜。 而直播间里，各国的观众看到足以制造整个蓝星动乱，让蓝星沦陷的天煞族，不到半个小时被刘彻、霍去病率军横扫，无不是惊掉下巴。我以为才刚开始，结果已经结束了。那些残暴的异族，在那个冠军侯的面前，就像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普通存在。长枪所过之处，全部横扫，无一存活。之前那个通道中传来的声音，让我头皮发麻。可霍去病只是略微出手，就让那些异族不敢再继续入侵。天哪！ 那个刘彻，甚至我都看不到他是怎么召唤出那只神秘大手的，一个巴掌就覆灭了占据兹别克的天煞族，眨眼的功夫就死光了。这些人是大秦的人，可他们却只是一个诸侯国，而且满打满算一千人就把数十万的异族灭了个精光。大汉国嘛，只是一个诸侯国就有这么恐怖的存在，那放眼整个大秦帝国，得有多少个诸侯国？得有多少这种随便出手就能覆灭异族的强者？本以为对大秦帝国已经有了不少的认知，可现在看来。 真如他们所说的那样，我们看到的、了解的只不过是区区冰山一角。一瞬间，他们只觉得面前存在了一个遮天蔽日、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庞然大物。大秦帝国更加神秘、强大的程度，令人仰望，看不到尽头。各国陷入了惊骇当中。这次危机解除，没有给他们带来欣喜，反而心情越发沉重。大秦帝国越强，大夏崛起的机会更大。相反，他们不是大夏的人，不是大秦帝国的后人。再有危机来临。 大秦帝国会不会坐视不管？毕竟这次的裂缝通道，乃是在大夏境内。与此同时，自由国当下的高层们已经进入了恐慌。大秦帝国的强大，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料。那些天煞族与我们而言是不可阻挡的灾难。可大秦帝国只派出了那么点人，却能将其横扫。我们之前向大夏发射过核弹，他们之前没有追究，可后面要是追究起来，如何是好啊？只要大夏想要追究，恐怕大秦帝国一定会拒绝。他们该不会把我们给灭了吧？ 瞬间，约翰等人在议论过后，陷入了沉默当中，内心巨浪滔天。这次危机随着大秦帝国派遣的人到来，迎刃而解，可他们却陷入了更大的震惊之中。大秦帝国越强，就代表着大夏会得到修仙上的支持，之后发展成为真正的修仙国度，其他国家到时只能仰望，根本无法与之为敌。什么和平？什么规则？什么约束？到时通通烟消云散，而强者将制定规则。毫无疑问，绑定了大秦帝国的大夏。 已经呈现崛起之姿。大秦帝都，皇城报，诸葛丞相于天外天与神魔一战首战告捷，接下来将于三天后再次发起攻伐，是将神魔覆灭，将天外天纳入大秦帝国版图。报，韩信将军于第三星域镇压叛军，俘获暗中潜入第三星域的多方异族，已命人将其送往帝都，明日将抵达。报，蒙恬将军于第九星域发现的异族余孽已全部清理。 第九星域彻底宣告成为大秦帝国领土。报，麒麟殿内，秦正听着外面天眼传来的一阵阵通报，嘴角扬起一抹淡淡的笑意。而此时，他正在看着下方歌舞升平。如今的大秦帝国，需要他伤脑筋的地方或者事情几乎没有。更多时候，他只需发号施令，别的则不需要操心。可突然间，声望值加幺零零零零零零，声望值加三零零零零零零，声望值加五0零零零零零，脑海当中不断传来了系统的提示音。 声望值正在以一个恐怖的速度飙升，几乎眨眼之间，千万的声望值就已经到手。听着阵阵提示，哦，秦正也不由得感到诧异，坐直了身子。这一次声望值的暴涨，远超于之前，仅是一会的功夫就已经得到了数千万的声望值，甚至就快要破亿。看着如今还在不断飙升的声望值，十连抽，秦正咧嘴一笑，久违的打开了系统的抽奖功能，消耗了大半的声望值进行抽奖。恭喜主人通过十连抽获得了仙王印。 恭喜主人通过十连抽获得了仙魁术！恭喜主人通过十连抽获得了渡仙宝丹成十枚！恭喜主人通过十连抽获得了吞魂打神简！片刻后，秦正眼眸微微闪烁，嘴角的笑意更多了几分。看来这次运气还不错，他嘀咕了一句，对此颇为满意。相较于之前，这次抽奖的结果明显要好了不少。毕竟之前能得到好东西的概率寥寥无几。好在这次有几样能看得过去：仙王神通、仙王印，以神石为引，结成印记。 有先王之威，哪怕修为不足先王，一旦印记结成，拥有无上威能。譬如只有半仙之境，可凭此神通与宇宙仙一战。若登临宇宙仙，可与仙王一战。仙王术法，仙傀术以神识为重，一旦被种下仙种，可剥夺中术之人的神魂，将其泯灭，且以血肉为基，最终将其制作成堪比半仙的傀儡。施术者修为越高，炼制出来的仙傀所拥有的各方面能力将会更强。至于吞魂打神简。 则是一件神器，其余的物品相较于其他人而言或许不错，可对秦政来说，都远不如前两样。全部领取，他没有过多思索，当即沟通的系统。而下一秒，整个大殿开始轰鸣起来。秦正所满意的仙王印与仙魁术，当即烙印在了脑海当中。嗡，他神识绽放，猛然抬手，虚空嗡鸣。突如其来的动静让下方的众多大臣为之一愣，紧接着瞳孔骤然一缩，身体连连倒退。陛下，这是？ 在舞女歌姬的大惊失色中，他们呼吸急促，一双眼睛死死的盯着秦正掌心向上的手掌，在那里，空间扭曲，准确来说被撕裂，一股幽光缓缓呈现。随着光芒越发旺盛，一股恐怖而又浩瀚的气息蔓延开来。顷刻间，整个大殿之内，无人站立，皆是匍匐下来，满头大汗。那股轰然降临的气息，让他们心神狂颤，脸色发白，体内的修为被死死压制。这是来自灵魂之上的压制。 让人头皮发麻，心中滋生恐惧。而在所有人颤抖之时，真不错。秦正眼眸中有幽光闪烁，此时在他手里浮现了一个散发着幽光且摄人心魄晦色印记，静静的漂浮着，却散发出惊心动魄的气息。这让他有种无比强烈的感觉，若是将其引爆，那么不说黄都，整个星球都将顷刻间化作虚无，连带着这方宇宙都要湮灭。而在麒麟殿的上方虚空，同样有一个与秦正手中一模一样的巨大印记若隐若现。 苍穹失色，天地轰鸣。L，整个星球之上的所有生灵，在此刻皆是感受到了让灵魂悸动、心神不稳的气息，以至于八方宇宙都在此刻为之颤抖。恐怖的气息以麒麟殿为中心，摧枯拉朽蔓延开来，让宇宙万域震颤，无数生灵陷入惊恐当中。片刻后，秦正大手一挥，印记消散，则他心中不由得称，越发的满意这次的抽奖结果。毕竟之前得到好东西的几率。 几乎为零，跟他穿越之前所玩的蓝星上的一款游戏，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此时的大殿下方，所有大臣早已经面无血色，满头大汗，只觉得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咕噜，他们艰难地咽着口水。随着印记的消散，身上一轻，一瞬间，他们的目光看向了秦正，眼眸当中透露着恭敬与狂热。陛下肯定是又得到了什么恐怖的神通术法，又或者说好东西。毕竟像这样的情况，众人已经经历过了许多次，瞬间眼中带着渴望。 对此，秦正淡淡一笑，旋即大手一挥，一个个光团朝着大殿下方飘去。你们分了吧！他将一些看不上、用不上的东西丢了出去，顿时在大殿引起了一阵躁动。几乎所有的大臣都拿到了一个光团，脸上洋溢着笑容，显然对于这次的赏赐颇为满意。多谢陛下！他们恭敬拜谢，这才乐呵呵的站起身来。随后，有大臣询问道：“陛下，汉武公与冠军侯前往蓝星那里的事情，他们能解决吧？” 自然，秦政不假思索，淡淡回复：“事情交给刘彻跟霍去病，他不认为当前的蓝星有什么异族能阻挡得了他们。”而在秦政刚说完，蓝星来报：汉武公与冠军侯于蓝星与天煞族一战大胜，目前已化解蓝星危机，封锁了天煞族降临蓝星的通道。外面高耸入云的巨大天眼传来了消息。听到声音，一众大臣愣了一下，没有想到事情会那么快解决。可此时，秦政缓缓起身。 嘴角露出一抹淡淡的笑意，不愧是朕的汉武功与冠军侯，凡有战事，他们怎么打都赢。朗声赞叹一番，他眼眸变得极为深邃，如同看穿了无尽的虚空，看向了蓝星，悠悠道：“大汉国为大秦诸侯国，立下汗马功劳。凡大汉国疆土，赐进入飞升海感悟三天。汉武功冠军侯杀敌无数，战功赫赫，赐渡仙宝丹一枚，祖星天煞一族通道，一切事宜交由大汉国全权负责。” 无需向朕过问。话音落下，他大手一挥，两道流光刹那飞出，没入了虚空当中。看到这一幕，在场的众多大臣无不是眼中透露着羡慕之色。杜仙宝丹啊，那可是极为罕见的造化神丹，能够大大的提升化神境突破半仙之境的成功几率。而汉武功跟冠军侯已至化神境多年，有了陛下赏赐的丹药，成就半仙指日可待。他们高呼，除了羡慕，更是振奋不已。毕竟无论是汉武功义或者冠军侯。 其能力在大秦帝国都是顶尖的存在，而大汉国更是大秦诸侯国当中的佼佼者。若是出了两名半仙，必定更加辉煌。与此同时，蓝星吉吉斯国裂缝通道处，启禀冠军侯，一切从通道跑出的异族已全部伏诛。伴随着一名疆土的汇报，当下蓝星的危机算是彻底解除，尘埃落定。而整个过程还不到一个小时，甚至大汉国的人没有一人出现伤亡的情况。如此战绩。 让在场的联合军众人看傻了眼，就这么结束了？太快了吧！我还以为会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厮杀，毕竟大汉国的人来的人太少，可没想到数以十万的异族却不敌区区一千人。结束了，结束了！所有从裂缝通道降临的异族被杀的一个不剩，这就是修仙者，这就是大秦帝国的强者，好恐怖！哪怕眼下的危机已经解除，可他们的脸上依旧是一片难以置信。快，实在是太快了！ 一众将土口干舌燥的看着前方的霍去病等人，惊呼不已，心中的震惊难以平息。在一道道惊呼当中，聒噪，一名大汉国的年轻疆土露出不悦之色，冷哼道：“对你们而言，这些异族是强敌，是灾难；可对吾等而言，却不过如此，蝼蚁都称不上。像这些废物，又岂能与我等相提并论？与大汉国先前在外征战的天魔一族、远古神族、赤羽仙朝等等相比，提鞋都不配。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话音落下。 他猛地朝着地面一踏，刹那间，四面八方属于天煞一族的一具具尸体骤然腾空。随后，这名年轻疆土轻喝一声，大手猛地一拍，滔天烈焰升腾，直冲云霄。嗤嗤，令人毛骨悚然的声响传出，顷刻间，这些尸体化作飞灰。看到这一幕，加上之前这名疆土所说，在场的联合军将土面部抽搐，内心轰动不已，不由得头皮发麻。不久之前，让他们无法应对，被降维打击。 甚至让蓝星陷入恐慌，足以造成蓝星毁灭源头的异族，在对方口中却是废物、蝼蚁，这顿时让他们闭上了嘴，无言以对。而直播间内，无数观众对听到的与看到的为之心惊：他口中的远古神族、什么仙族、魔族到底有多恐怖啊？那些可怕的天煞族，在他们看来只是垃圾一样的存在。这，这些大汉国的人也太可怕了。而他们属于大秦，更是大秦的一个诸侯国而已，只是一个疆土就有如此恐怖的实力。 难以想象那个汉武功跟冠军侯之前那么轻易的屠杀，还没有完全动用真正实力。Oh my god！他们到底有多恐怖啊？啊啊！西、啊、巴，是吧要是无法成为大秦帝国的人，那我能不能成为大汉国的人啊？我真的想修仙，我要投奔大汉国。死泡菜想修仙想疯了吧？要不要了解一下大汉国是什么性子？岂能容纳你们这些所谓的蛮夷？说的在理，要是他们前去投奔，说不定冠军侯看都不看一眼，长枪一扫就让他们原地升天。 哈哈哈！<laughs> 该死的，大秦帝国肯定不止大汉一个诸侯国，整个大秦的实力，凭借我们根本无法完整的认知。这么恐怖的存在，大夏有这样的祖宗，真是让人羡慕。这家伙的一句话倒是点醒我了，既然大汉是大秦的诸侯国，那么我们所熟知的大隋、大唐、大宋、大明等等这些朝代，会不会也是大秦的诸侯国？若是这样，那就太恐怖了。无数的观众止不住的惊叹，外国的观众对于修仙升起了更加强烈的向往。 甚至有着太多关于投奔大汉国的弹幕层出不穷，而大夏的观众除了回怼之外，更是升起了无尽的期待。大汉只是大秦的一个诸侯国，而不是历史上所记载的那样是自成一朝。那么其他的朝代呢？就在全球轰动之际，大汉国身为大秦诸侯国，拓仙路，开疆土，为大秦立下汗马功劳，振兴甚微。凡大汉国疆土，次进入飞升海感悟三天，汉武功冠军侯自追随朕至今。 征战宇宙八荒，杀敌无数，战功赫赫，有功无功，难能可贵。今已是化神境，距半仙之境近在咫尺。四度仙宝丹一枚，待尔等回朝，朕将亲自迎接。韦尔等接风洗尘。一道声音像是从无尽的虚空之外传来，回荡在蓝星无数人的耳边。不仅如此，话语当中更是透露着无上威严，哪怕只是听着，却足以让人心神失守。直至声音停下，这声音，大秦帝国的陛下，秦政。 他对大汉国的人进行了赏赐，所有人为之震惊，心中掀起惊涛骇浪。也正是此时，天幕震荡，身处裂缝通道之外的刘彻、霍去病与一众将土脸色顿时变得恭敬，纷纷单膝跪地，抬头望向天幕，谢陛下恩赐，谢陛下。他们显得受宠若惊，眼眸当中的恭敬之色更多。刹那间，呼啸声随之而至，只见虚空瞬间被撕开一道巨大的裂缝，随后两个小光点迅速掠出。 直奔下方的刘彻与霍去病，光点的出现，让这方天地都充满了浓郁的灵气，蔓延开来。而在下方，刘彻跟霍去病看到这一幕，浑身无法控制的微微颤抖着。不仙宝丹，化神境修土最渴望的丹药。突破半仙之境时，吞服此丹可大大提升突破几率，且能承受两次劫雷，堪称开辟自身仙道的大造化之丹。两人相视一眼，心头震动，眼眸当中透露着火热之色。 这种激动来自两名化神境修徒，或许落在其他人眼里会觉得太过失态，可刘彻跟霍去病却清楚，这是天大的赏赐。臣谢陛下！他们接过了渡仙宝丹之后，在这恭恭敬敬的俯身拜谢。不仅是他们，连大汉国的疆土也得到了大赏，可以进入飞升海待上三天时间，哪怕只有半天，就已经是莫大的机缘造化。足足三天，就足以证明陛下对他们、对大汉国的厚爱。也正是此时，天地轰鸣。 原先撕裂的巨大裂缝，在这一刻有波纹荡漾，紧接着，有一幅巨大的画面投影呈现在了天穹上方，准确来说，映入了无数人的眼帘。画面中，无数的大汉国将土眼神狂热，一道道惊人的身影冲天起，朝着同一个方向跪拜下来：“多谢陛下，谢陛下，陛下永垂不朽，大秦永垂不朽！”一道道声音穿过了一个个宇宙，响彻八荒，乃至是蓝星都在这一刻动荡了起来，呐喊声不绝于耳，让人听着都头皮发麻。 尤其是画面当中，更有一条条巨龙不断盘旋，发出龙吟，同样像是在拜谢、欢呼，浩瀚磅礴的一幕，如同要巨献出来。看到大汉国的画面，陛下厚爱，臣定不辜负，势必为陛下打下更为广阔的疆土。霍去病冲天起，高声大喊，一瞬间，天地轰鸣，空间震动，一句话也足以让天地色变。对于当下所看到的惊人画面，整个大汉国的疆土都得到了赏赐。秦政这样的帝王。 哪有人会不死心塌地的给他做事啊？我也想替秦正做事，哪怕当条狗也行。西巴，好羡慕啊！滚一边去吧！你连当狗都没有资格。上帝，天地间真有可以成仙的丹药？那岂不是说，那个汉武功跟冠军侯要成仙了？妈的，该死的异族篡改了真正的历史！正哥这样心怀臣民、心怀大爱的帝王，又怎么可能是暴君？成仙之丹，要是能给我来一枚，那该多好！你有命拿也无福消受。 光是蕴含的能量，就不是普通人能够承受的。给你来一枚，你就算吞了，只有死路一条。一众联军将土早已经看傻了眼，等回过神，皆是止不住的失声惊呼。大秦帝国所展现出来的，任何一次都足以让他们刷新认知，惊骇欲绝。纵使已然快到了麻木的边缘，却还是会被震惊、被吓到，忍不住在心中升起对修仙的渴望。尤其是大夏的疆土，在震惊过后，更是感到无比的自豪，有这样的老祖宗。 简直不要太爽！而片刻之后，屠神君听令，霍去病将丹药收好，眼神恢复凌厉。朗山喝道：“即刻起，尔等封锁此地，若有异族胆敢从其中走出，杀！同时，你们这些所谓祖星联合军听好了，这里将由大汉国全权接管，列为禁区，速速离开这个通道，之后与你们无关。同时，里面的异族该如何处置，由我等定夺，你们无需插手，亦不可过多议论。” 我的决定，有谁要反对？宣布了一番之后，他眼眸寒芒涌动，询问了一句。话音落下，不反对，不反对，我们当然不会反对，我们立马就走。蓝星的联合军听到这一番话，看到霍去病眼眸中的摄人寒芒，毋庸置疑的语气令人脑海轰鸣，连忙摇头，没有任何犹豫，他们连连点头，不敢再有半点停留的迅速撤离。有大汉国的人接管了通报，掌控了这里，他们自然不会有意见，也不敢有意见。 只想着尽快撤离。就在联合军的众人撤离时，轰隆！巨大的轰鸣声再次传出，肉眼可见的地面在剧烈震颤。只见上千名屠神军的疆土腾空而起，将裂缝通道围在中心，手上有耀眼的光芒闪烁。最后，像是化作一条条线连接了起来。下一秒，天幕震动，巨大的光束直冲云霄，天地色变之下，一个巨大无比、熠熠生辉、烙印着无数符文的惊天阵法生成，巨线直接镇压而下。 可怕的威压轰然蔓延，掀起了恐怖狂风。刚跑出数百米的联合军将土听到后方的动静，顿时毛骨悚然。那、那是什么？好恐怖的气息！我的腿，我的腿都不听使唤了。我怎么看着这个来自大秦的大汉诸侯国，要比那个通道中的异族还要残暴，还要恐怖？卧槽！那么惊人的阵法，强大的修仙者还真是无所不能。这个阵法怕是真正能够做到密不透风，连一只苍蝇也不可能随意进出。 哪怕是一粒尘埃触动了阵法，都得消散的无影无踪。死！看你们被吓得这个鸟样，哈哈哈！笑死我了！快看，樱花国有人尿了裤子！八嘎！丢人现眼！哈哈！不愧是强悍！历史所记载的大汉看来没有全部被改变，太霸气了！有这样的老祖宗，真是让人有着满满的安全感。一个个来自其他国家的联合军将土在看到惊天大阵的生成之后，面露惊恐，毛骨悚然。 即便是直播间的无数观众，也都难掩震惊，心神狂震，害怕不已。如今大汉国的出现，让他们又一次重新认知到了大秦帝国的强大与恐怖。相反，大夏的疆土，国人倒没有像其他国家的人显得害怕，反而感到自豪，安全感满满。每个人都很清楚，只要大夏方面循环渐进，不作死，就一定能够实现复兴。真正的复兴之路，眼下已然开启。正在直播间陷入又一轮的轰动时，大洋彼岸。 自由国的军事大楼，约翰以及达成了小团体联盟的其他几国统领看着直播画面，脸色苍白，内心再也无法保持平静。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本以为只是单纯的一个大秦帝国，可没想到大秦帝国当中还有着大汉这样的诸侯国，甚至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个诸侯国，还有多少像那么恐怖的存在。大秦帝国究竟多庞大，才能强如这样的诸侯国选择追随？在我们眼里那么强大的一族，在对方的眼中就是垃圾，不堪一击的垃圾。 废物，这能怎么办啊？我想要不当奴隶就当奴隶吧，总比没了命好吧。各国统领看着画面，口干舌燥，脸上的惊恐之色根本无法掩饰。当下急切的议论着。片刻后，有人在胆颤心惊之下提议向大秦帝国表忠心，可此话一出，no！约翰顿时拍案而起，额头青筋直露，一脸狰狞的咆哮道：“不可以，绝不可以！当大秦帝国的奴隶，我们就只能是奴隶，没有自由。” 永远不可能实现成为修仙者那样的强大存在，我们的命就只能掌握在别人手中，绝不可以这样。我们，我们一定要得到修仙的功法，也必须修仙，否则生死存亡到来之时，就是我们灭亡之时。可我们没有办法得到修仙的功法，也没有办法修仙啊！普利立即得不断挠头，重重的捶打着面前的桌子。其他人陷入沉默，沉默中还是有办法的。约翰的表情越发狰狞，咬牙切齿道：“而这个办法。” 就是大夏，我们没有办法去对抗大秦帝国，但目前的大夏还没有彻底的开启修仙时代，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联合起来，无论用什么手段，只要我们跟大夏绑定到一起，就不信大夏那些人还能那么趾高气扬。一定要让他们屈服，利用他们从大秦帝国那里得到能让我们修仙的功法，要不然就不要怪我们心狠手辣。毕竟这关乎到我们的存亡。说到最后，他浑身颤抖着癫狂大笑起来。看到约翰的这副模样，这…… 在场几个国家的统领皆是倒吸了一口凉气，明悟了其中的意思。这家伙还真是个疯子，但所有人都知道，眼下已经没有了其他办法，正面去跟大秦帝国对抗就是找死，而大夏就是最好的突破口。大秦皇都，麒麟殿，声望值加一千 W，声望值加三千 W，声望值加八百 W，声望值加五千 W。秦政的脑海当中，关于系统的提示似乎已经完全停不下来，声望值的飙升速度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很好。 他嘴角扬起，心中对此颇为满意。蓝星还真是个刷声望值的好地方，就这么一段时间，所得到的声望值就已经抵得上之前很久才能够得到的额度。但秦正也很清楚，完全是因为加成的缘故。或许可以给蓝星的人带来再一波的震撼了。他眼眸深邃，微微闪烁，内心有了新的打算。又或者说，在他的心里面，新一轮的编造框架已有了方向与雏形。略微的思索了一下，秦正瞥向了旁边的魏忠贤。 悠悠道：“先前你不是去过一趟祖星吗？祖星当下具体的情况如何？”回陛下，祖星灵气稀薄，土地贫瘠，且星空、海洋等等诸多地方没有探索开发。目前的文明想来只是零级到一级的过渡期，大概大概零点七三级这样。魏忠贤不敢怠慢，接着恭敬说道：“而且臣了解到，祖星目前所掌握的热武器，都是一些大秦帝国早就已经淘汰掉的枪械，以及土枪土炮，甚至他们最强大的武器只是核武器。” 在科技的道路上，说句不好听的，祖星只迈出了一小步。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手机、电脑等科技用品，以及诸多东西，乃至是建筑都不尽人意。不过后人，也就是大夏倒是做得不错。哪怕失去了先道传承，且有过一段惨烈的近代史，却依旧凭借着韧性、血性撑了下来。从国家方面而言，落后了几百年的时间，可脚步却在不断追上其他国家。这一点上来看，倒是做得不错。 这番话语一出，大殿之下的一众大臣无不唏嘘，紧皱眉头，在他们眼中透露着难以置信之色，似乎完全没有想到后人会过得如此不好。而秦正只是点了点头，目光深邃：“朕知道了。”他心中叹了一口气，又怎能不知道这些？之所以这么问，只是为了下一步计划的实施罢了。声望值是主要，在这个基础上拉一把大下，不过是顺手的事情。再多一个助力，自己又何乐而不为呢？看了一眼下方，眉头紧皱。 摇头叹气的大臣们，没想到，秦正声音低沉，缓缓说道：“祖星的后人，竟会如此羸弱。奴隶分裂的多个小国暂且不谈，可大夏那是朕的后人，又怎能遭人瞧不起？”声音回荡在大殿之中，在场的大臣身体一颤。陛下是打算？他们目光看向上方，心里面自然赞同这个说法。见没有人反对，秦正满意的点了点头，当即吩咐道：“张居正，朕将赐大夏在一场机缘造化，你。” 将帝都万里之外的阴魂冢送回大夏，也让那些大秦帝国的疆土们重归故里，落叶归根。说完之后，他闭上了眼睛，神识悄无声息的蔓延。臣领旨。一名面容刚毅的中年男子迈步走出，躬身领命，声音都有些颤抖。在场的其他大臣无不动容。陛下这番安排，毋庸置疑，乃是绝佳的安排。在众多的目光中，张居正没有丝毫怠慢，甚至可以说有些急切地遁入了虚空。 消失在大殿中。不多时，大秦帝都万里外的风水宝地，一座巍峨入云、散发着冲天灵气的山脉拔地而起，没入虚空，恭送我大秦帝国阴魂归故里，落叶归根。整个黄都四面八方，乃至宇宙之外的诸多星域，有无数双眼睛看着阴魂种的迁移，声音统一，响彻大秦帝国的每一个角落。直至片刻后，这一次，或许可以助我再迈出一步，成就宇宙仙。秦正睁开了眼睛，心中暗暗道。 阴魂种自然是真实存在，只不过他略微对其进行了一些编造，为的就是给大夏机缘造化的同时，在狠狠的刷上一波声望值。数日后，蓝星，如今的网络上，诸多国家热议不断，关于大秦帝国的头条不断。王德发，危机是解除了，可我怎么感觉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说不出来。西巴，要是异族全部被大秦帝国解决，我们要面临的最大危险，会不会就是大秦帝国呀、啊？放心吧。 你们这些蛮夷，想来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当然，只要你们不作死，当大秦帝国的奴隶不也挺好吗？不至于一天天总是念叨吧？法克，可恶的大夏人，你们这是在幸灾乐祸！幸灾乐祸怎么了？该死的自由猪！之前你们还往大夏发射核武器，要不是蒙恬将军威武徒手接住了核弹，恐怕大夏没毁在异族手里，就被你们给毁了。说的没错，等大夏彻底开启了修仙纪元，要是异族全面入侵，大乱之下…… 老子一定要先把樱花国给灭了，兄弟，我双手双脚赞成，咱就是说，算我一个呗！八嘎！大吓人，你们这是在恐吓我们吗？恐吓？别把话说的那么好听，我们只不过是继承了先辈的意志罢了。我们可不是那些崇洋媚外的傻逼，这血海深仇忘不了。国际论坛之上，如今早就已经炸开了锅，所有国家的网友几乎都在不断的议论着之后会发生什么，蓝星的局势究竟会如何？猜测不断。当然。 也有不少大夏的网友正在跟别国网友进行激烈的对线，对于大夏之后的发展，他们充满了无尽的向往与期待。而如今，大夏已经在践行着举国修仙，越来越多的修仙者从起源秘境中走出，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大夏仙统局季青山再一次的召开了会议，整个人气色饱满，双目炯炯有神，多了几分凌厉。大夏真的要崛起，不应该说正在复兴。他看着在场的一众高层，咧着嘴笑道。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辟了灵海，成为修仙者，用不了多久，大夏将真正的成为一个修仙国度，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从之前的情况来看，大夏要抱紧大秦帝国大腿的决定是正确的。在场的其他人闻言，皆是兴奋的点起了头。这几天时间里，从起源秘境中，大夏一批又一批的修仙者走出，用不了多久，大夏将迎来一个崭新而辉煌的时代。因为在这一刻，大夏已经真正的踏上了复兴之路。季青山旁边，如今想想。 这一切真的就像做梦一样，副局长于立群发出感慨，红光满面，不仅整个人看起来年轻了二三十岁，饱满的精气神就像是正值壮年。而这样的巨大变化，即使从成为了修仙者说起，凡是成为修仙者，就意味着不再是普通人。如今的他已是先天中期的修徒。其他人闻言，再次点头。而在场的每一位，皆是成功领悟的功法，成为了修仙者。看着在场的众人，之后。 我打算正式从修仙者中挑选出一批最出色的，送往大秦帝国，这样他们才有更好的修炼资源，更大的进步空间。季青山深吸了一口气，眼含期待道：“若是有人能进入阿旁学宫，前途必将一片光明，未来肯定也能成为公子扶苏、项羽、霍去病那样的顶尖天骄。要知道，我们不是不能修炼，而是仙道传承断了，蓝星的灵气枯竭，否则大夏又岂会有充满血与泪的近代史？从今天开始。” 大夏不会再受任何一个国家压迫。说到激动时，他眼神无比坚定，克制不住的颤抖着身子。在场的众人听闻这一番话，纷纷肃然点头。哪怕只是一段很短暂的过程，如今的大夏已经今非昔比。若是能有更好的资源，大夏复兴的脚步必然会迈得更快。就在众人满怀壮志，轰！一道令人头皮发麻，乃至是整栋大楼都剧烈摇晃起来的巨响传来，将他们打断。季青山猛然一惊，瞳孔收缩。这。 这么大的动静，他呼吸急促，失声道：“难不成又有红色战区的一族要发起大规模的入侵了？”其他人也同样紧张了起来，因为这时他们看到了国际直播间，各国的观众都听到了这也是动静，弹幕纷飞。很快，是盐城那边，我们与大秦建立起来的通道。在场的一名高层在接听到技术部门打电话之后，连忙进行了汇报。瞬间，众人的心中松了一口气，不过却露出了疑惑之色：这么大的动静。 到底怎么回事？难道大秦帝国正在派遣军队前来，要在蓝星进行驻军，正式接管蓝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毕竟大秦陛下说过了要对蓝星驻军。这样的决定，我觉得不错，起码这样一来，只要那些异族敢出现，就会被诛杀。他们嘴上议论着，目光却不约而同的看向了直播画面，属于盐城的画面放大。几乎在此刻，整个蓝星各国的无数人都在关注着属于盐城裂缝通道那边的画面。全球瞩目下，轰！ 又是一道巨大的轰鸣落入了无数人的耳中，整个蓝星都为之震动。也正是此时，裂缝通道轰鸣声不断，且在剧烈的震动着，仿佛裂缝的那一头正有什么恐怖的存在要降临。轰！在一道轰鸣传出，这次让所有人惊骇欲绝的一幕出现了：一座堪比一座城市、遮天蔽日的浩瀚山峦从裂缝中骤然冲出，灵气冲天，整片天幕都在摇晃，空间似乎都被撞得坍塌。可诡异的是，没有看到人。 却在此时，奉陛下旨意，宋大秦阴魂种重归故里，落叶归根，落至咸阳。且阴魂种亦是陛下对大夏的恩赐，尔等后人务必好生对待。而这也是你们的一场机缘造化，尔等后人可从中获得修炼资源，有缘者可得造化。若想了解大秦帝国，阴魂种之中记载了诸多关于大秦帝国的历程信息，宫而等认知。裂缝通道中，如同天音一般的声音缓缓传出，无视距离。 无视一切的落入了全蓝星人类的耳中，大秦阴魂种，一句句话轰炸着无数人的耳膜，整个蓝星似乎都在此刻随之震颤，发出了悲鸣。世界轰鸣，像是在迎接。盐城之外的海域，与阴魂种出现的刹那变得躁动，海面翻涌，巨浪滔天，连带着全世界的海域也在这一刻显得暴躁，掀起惊天海浪不断的拍打。不仅如此，L 大夏境内，整片天穹覆盖了浓郁的紫光。 如同祥瑞，而被送进大夏的阴魂种，像是有着意识一般，浩浩荡荡的从盐城飞往咸阳方向，一路走过，浓郁的灵气弥漫天地，所过之处，无数的大夏国人就像是被神光笼罩，身上闪烁着光辉。而卫星捕捉到的画面，整个大夏犹如神境，放眼看去，辉煌遍地，神圣的光辉笼盖着大夏的每一座城市，每一寸土地。看到这样浩瀚磅,磅礴、无比惊人的画面，重归故里，落叶归根。 这，这是埋葬着咱们老祖宗的阴魂种，不仅是老祖宗的阴魂种，还可以当作大夏的机缘造化。什么情况？也就是说，这一整座山，有着咱们无数的老祖宗为大秦帝国征战沙场战死的阴魂，有老祖宗回家了。好惊人的异象！这是阴魂种，大夏战死在星空宇宙之外的老祖宗重归故里，要落叶归根。好可怕的一座大山！我只是看着，都感受到了强大的压迫迎面来。在那里面到底有着什么？这么说来。 大秦帝国是认可了大夏，所以才会让这座阴魂种类的大秦阴魂回家。里面存在着机缘造化，又是大秦陛下赐给大夏的又一次恩赐。大夏如果又得到传承或者功法，他们就真的要成为修仙国度，整体实力将会超越蓝星的任何一个国家。法克，有大秦帝国这么恐怖的存在扶持，大夏用不了多久就能碾压我们所有国家。自由猪急了，何止是自由猪啊！死泡菜、死樱花还有日不落，恐怕都在瑟瑟发抖了。 哈哈哈！<laughs> 直播间无数观众彻底傻眼，头皮炸裂，惊呼不断。阴魂种，他们没想到大秦帝国的阴魂要重归故里，落叶归根，堪比一座城市的阴魂种，当下正在朝着大夏的咸阳掠去，所过之处紫气升腾，隐约间有龙吟从直播间传出，整个蓝星在此刻陷入了轰动，除了人类，整个星球都变得动荡了起来。各国的观众早已傻眼，震惊骇然，而大夏在震惊过后。 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沸腾当中。老祖宗要落叶归根，对于大夏人而已，自然清楚这其中的含义。大夏被全球瞩目之下，自由国约翰不得已再次把准备离开的各国统领叫了回来，满脸骇然的看着直播给出的画面。大夏的老祖宗回归了，那个阴魂种会是大夏的机缘造化？他大口喘着粗气，眼睛发红，又来了。之前的起源秘境就已经让大夏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修仙者，而阴魂种的出现。 让他再一次感受到了大夏要真正崛起的危机。既然大秦陛下说赐给大夏，供大夏认知大秦帝国，那么巨大的阴魂种当中一定存在着非同寻常的宝物，甚至重要信息。其他国家的统领闻言，一个个脸色阴沉了下来。该死的！再这么下去，大夏真的就要腾飞了。他们将会蜕变，甚至不久后的将来要跟大秦帝国一样飞升离开。如果大夏有能力飞升，那么蓝星怎么办？我们这些国家，大秦帝国明显不会管我们的死活。 阴魂种，像这样的地方，肯定存在着那些阴魂生前的贴身物品、功法、意或者其他。大秦陛下说赐给大夏的机缘造化一点没错，要是让大夏得到，他们必然会变得更加可怕。他们咬牙切齿，身体却止不住的颤抖着。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只是看着直播画面，却能够从阴魂种上感受到强烈的压迫，内心滋生恐惧，就好像这是来自灵魂上的压制。在场的所有人没有再去怀疑之前秦政的话，那就是。 其他各国的老祖宗，在大秦时期是奴隶的身份。现场陷入了死寂当中，而片刻后，这一次，自由国必须要得到些什么？约翰身体颤抖，眼中透露着疯狂之色，赶忙吩咐道：“快，快让大夏附近的部队进入大夏，同时向京城发去通话。这次的阴魂种秘境，这如果要与之前一样，共同和大夏探索。”他的话刚说完，景田赤石满脸苍白的说道：“徐福，徐福是我们的老祖宗。” 他是替大秦帝国的陛下做事的，那我们就算不上蛮夷，这也足以证明，樱花国其实也算得上大夏人，只不过是分支而已。总的来说，这次的秘境，樱花国也具备资格进入。他心里害怕，害怕大夏的人彻底了踏上了修仙之路后，会因为仇恨要覆灭樱花国。毕竟修仙的存在，樱花国没有办法抵抗。瞬间，在场的各国也都炸开了锅，着急想要寻找出跟大夏有关联的证据。仙统局。 如今直播画面中，随着阴魂种降临大夏所引发的天地异象，世界震动。这是大秦帝国的阴魂种，在那里面的阴魂，则是大夏的先辈。季青山眼眸欲裂，立马安排道：“马上调遣修仙者军队前往咸阳进行封锁，以咸阳为中心，管控一切人员，不得随意进出。同时，陕省调动一切兵力，余省、各市乃至是县城全部封锁起来，绝不允许出现半点意外。我们老祖宗的阴魂回家了，务必要以最高的规格迎接他们。” 让他们落叶归根，明白？情报部的高层郑重点头，随后说道：“局长，自由国、樱花国、日不落国、泡菜国等国家的部队要进入大夏，需要放他们进来吗？”闻言，季青山深吸一口气，眼眸闪烁，随后认真道：“他们想进来，让他们进来就是。不过阴魂种，他们没有资格染指。大秦陛下的目的是什么？我无法猜测，但按照之前起源秘境的情况来看，再加上先前去了一趟大秦帝国。” 我总觉得奇怪，可大秦陛下想来是不希望大夏被其他国家看不起。一次次这么大的动静，这么大的阵仗，想来他是想要让其他国家知道大秦帝国的存在，让那些国家的人观摩，或许正合他意。于老，我们去一趟。说完了这番话，他叫上了旁边的于立群，火急火燎地冲出了会议室。哎 <L> 只不过若是秦政在此，对于季青山的这一番话，必定会夸赞一番。这也正是他的意思。如若不然。 又怎么去刷声望值？与此同时，在各方的密切关注、震撼瞩目之下，陕省早已沸腾。无数人民无论身在何处，在做些什么，无不是将一切都抛在脑后。如今的他们，整齐齐地看着同一个方向。咸阳城，巨大的阴魂种已然进入了陕省，且靠近了咸阳城。当下的咸阳城，四面八方人头攒动，人山人海，络绎不绝的有人到来。轰隆隆，伴随着阴魂种的抵达。 整个天幕开始剧烈的摇晃起来，像是随时都会塌下来。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之下，虚空荡漾着阵阵波纹，紫色的光芒洒落，覆盖了一切。而咸阳宫竟在此刻不断的轰鸣，像是在回应。炸响之中，阴魂种爆发出璀璨之芒，像是得到了回应，亦或者找到了方向，直接消失在虚空当中。等再次出现，咸阳宫上方的虚空被撕开一道巨大的裂缝，阴魂种再次缓缓呈现，降临。 如同仙山一般的阴魂种，当下像是无比激动，不停的震动轰鸣，在无数目光中，陛下不朽，大秦不朽，像是人海齐声高呼。一道震耳欲聋的声音落入了每个人的耳中，顷刻间，无论是直播间还是汇聚在咸阳城之人，眼神皆是出现了短暂的茫然，呆滞的看着坐落在咸阳宫上方虚空的阴魂种。他们像是看到了无数道身影，正在上面振臂高呼。而下一秒，我们回家了，回家了。 又有阵阵的男声传出，紧接着，一道道灵魂模样的人相拥而泣。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我好像看到了阴魂种，有我们的那些祖宗，他们，他们还说回家了。我也看到了，他们早已战死，可可却还有着那么强烈的执念，他们要回家，要落叶归根。天哪，我看到了人山人海，无数的老祖宗都埋葬在阴魂种之中吗？阴魂种里面到底有什么机缘造化？正哥这么做，是希望我们不要忘记这些老祖宗的付出吗？ 不管怎么样，这属于大夏，我们必须要从中了解到更多关于大秦帝国的信息。Oh my god，上帝啊！我刚刚看到了什么？那些人好可怕，他们的灵魂居然还存留至今，怎么会这样？阴魂种，大秦帝国的阴魂种，上面埋葬的都是大夏人的老祖宗。我，我感觉呼吸困难，身体不受控制了。阿、啊、西，阴魂种散发出来的气息，除了大夏人之外，好像对其他国家的人都很不友好。那不是废话吗？ 你们这些蠢货本就是蛮夷，那上面都是大夏的祖宗阴魂，你们该不会以为有蛮夷的阴魂吧？别想了，蛮夷战死顶多就是炮灰魂，也被叫做阴魂。直播间无数观众与现场之人皆是在毛骨悚然中回过神来，震惊的看着巨大阴魂中，惊呼不断。别的国家的人除了震惊，还是震惊，头皮发麻，心神狂震。至于大夏之人，震惊过后显得无比激动，振奋不已，内心充满了好奇。 议论当中都带着尊敬，尤其面对其他国家的议论，一些脾气火爆的观众直接怼了起来。一个小时后，整个咸阳城早已被军方的人戒备了起来，人群疏散到外围。此时，季青山跟于立群已经抵达咸阳宫下，正抬头看着上方的阴魂种，在他们身后，上万人浩浩荡荡的严阵以待，皆是成功领悟了功法，踏上了修仙之路的修仙者。整个阴魂种近乎遮天蔽日，悬浮于虚空当中，惊人的灵气波动蔓延开了。 让人为之动容，尤其是紫色的光辉不断的洒落，将周围的天地映照的鸿蒙一片，看起来像是有祥瑞降临了大夏。阴魂种，季青山喃喃开口，不知为何，脸上的表情变得有些复杂，不由得叹息了一声。在那上面，埋葬着无数大秦帝国的阴魂。尽管说这是大秦陛下赐给大夏的又一次机缘造化，可无论是他还是绝大部分的国人都清楚，最主要的，还是让这些阴魂重归故里，落叶归根。所以。 他们没有因为阴魂种当中存在着机缘造化，而太急着冲上去展开探索。但是在一旁，其余国家的专家与教授再一次聚集。如果没有那么多事情，这样的景象，无疑就是奇迹。话说回来，我们可以进去了吗？季局长，带我们进去吧，早点了解更多关于大秦帝国的信息，对我们来说都有好处，可不容缓啊！他们一脸震撼的盯着阴魂种，嘴上不停的催促着。这一次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从中得到。 让自己国家修炼的功法，像大夏一样开辟修仙之路。听着催促，都给我闭嘴！季青山脸沉了下来，眉头紧皱，冷喝了一声，冷冷的扫视了一眼身后的众人。瞬间，这些国家的专家与教授猛地一惊，被吓得连连后退。当下的季青山已经不再是普通人，仅仅只是修炼了一小段时间，整个人看起来就如同一头可怕的猛兽，仅是一道目光就足以让人心惊。平复了一下内心的情绪之后，走吧。季青山朝着阴魂种躬身一拜。 随后召唤出之前蒙恬送的飞船走了上去。眼下他还没有掌握可以踏空而行的能力，只能如此。于立群跟了上去。可就在其他国家的专家与教授想要接近时，砰砰砰！他们的身体像断了线的风筝，直接倒飞了出去，就如同被强有劲的无形之力狠狠拍飞。看到倒在地上痛苦呻吟的众人，季青山跟于立群相视一眼，旋即脸上露出了明悟之色：蛮夷不可入内。他们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这些人在大秦帝国那里的身份。 毕竟，这可是大秦帝国的阴魂种，像这样的地方，又怎么能让区区蛮夷踏足、然指？两人相视一笑，感到颇为满意。对其他国家的人，他们本就没有与之一同进入阴魂种探索的想法。季局长，你这是什么意思？不是说好的可以一同前往吗？你居然偷袭我们！难道大家要跟我们撕破脸皮了吗？先前倒地的各国专家与教授艰难地爬起身来，一脸愤恨地怒吼着。对此，季青山摇了摇头，淡然道。 我可没有对你们出手，只不过，你们身为蛮夷，大秦帝国的阴魂种想来并不认可你们的身份。不信的话，你们再过来试试。哼，胡说八道！一名樱花国的教授冷哼一声，推了推老花眼镜，接着又在这走了过去。樱花国的祖宗是一个叫徐福的人，那他们当然也算半个大夏人，又怎么能算是蛮夷？可是，在其他人的目光中，这位樱花国的教授刚刚靠近飞船，下一秒身体弓了起来，再一次飞出，重重砸在地面上。 看到这一幕，其他想要靠近的人纷纷停下了脚步，脸色变得难看起来。这，他们咬牙，不由得相信季青山所说的话。因为樱花国的教授再次被拍飞，季青山没有出手，甚至动都没有动。见此情况，看，这不是我的缘故。季青山心中暗笑，表面上满是无奈的耸了耸肩，继续道：“这可跟大夏没有半点关系，乃是大秦帝国的英魂们不认可你们这些蛮夷，所以接下来，你们看着直播就够了。” 里面的东西就别想了，属于大夏的东西，你们还没有资格染指。说完之后，他让一批大夏的修仙者登上了飞船，紧接着飞船缓缓腾空。看到这一幕，可恶，八嘎，不应该这样！西巴，每一次我们都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大夏得到好东西，只能看着他们不断变强吗？各国的专家与教授咬牙切齿，气得一阵跺脚，却又无可奈何。尽管心中愤怒，可他们没有办法。不过既然还能够留在此地观看。 那也不是不能接受，这总比大夏将他们拒之门外，一切都秘密探索要好太多。说不定他们可以在观看的过程中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几乎在整个蓝星人类的关注下，飞船缓缓的抵达了阴魂冢之外。尽管埋葬着大量大秦帝国的阴魂，可却并没有出现渗人的死气与阴森的景象，反而在真正抵达阴魂冢之后，所有人都倍感震惊，因为此时映入眼帘的，则是一个山清水秀、灵气无比浓郁的洞天福地，周围仙雾缭绕，犹如进入了仙境。 季青山感受了一番这方天地所蕴含的灵气，眼眸中满是吃惊之色。好精纯，好浓郁的灵气！他轻叹一声，随着深吸一口气，体内的修为都有攀升的迹象。旁边的余立群点头，眼中满是神采。随着众人踏足地面，这我我突破了！两人的后方，一个个大夏的年轻修仙者一脸震惊，身上的气息正在不断的攀升着。仅仅只是片刻，就有人陆续突破。这下子，直播间顿时炸开了锅。 无数来自其他国家的观众眼红的议论层出不穷，而季青山看到这一幕，神色动容。相比于起源秘境，阴魂种所蕴含的灵气要浓郁的太多，甚至无需修炼也能让一些修为较低的人进行突破。他的眼眸不停闪烁，旋即看向了前方。这里就像是一片单独存在的新天地，准确来说是一处仙境。甚至踏足这里，他没有感受到任何恶意，乃至感到陌生，反而觉得颇为亲切。隐约，四面八方仿佛有着无数双眼睛正在看着他们。 可即便如此，却没有让人感到毛骨悚然，反而是有种正在被老祖宗慈祥注视的感觉。季青山和于立群相视一眼之后，看了一眼前方，还没有决定朝哪个方向进行探索。嗯，可突然，他们脸色一变，察觉到了一股惊人的气息波动。莫等两人反应过来，刺了！就在百米之外，最高、最大的山峰前方，忽然被撕开了一道近乎与天地齐高的惊人裂缝，瞬间，狂风席卷而出。 呼啸不止，那股气息波动愈发惊人，幽光绽放，如同一个巨大的通道。看到这一幕，在场的季青山等人为之一愣。不等他们说话，冥冥中，裂缝的另一头，仿佛有什么正在对他们进行着呼唤。那是一种亲切，而且让人克制不住迈出脚靠近的感觉。季青山极力平复着内心的情绪，走在最前方，肃然道：“我们走，切记要抱着敬畏之心，不可不敬。既然这是大秦帝国送回大夏的阴魂种。” 要让那些阴魂重归故土，落叶归根，就不可能对他们造成伤害。而且，那里面有着大夏的机缘造化，同时，大夏也可以借此机会去认知到关于大秦帝国更多的事情。在万众瞩目下，季青山一行人的身影陆续消失在了巨大的裂缝当中，而直播画面也随着白茫茫一片。等所有人再次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则是一个浩瀚无边、足以令人惊悚的景象——死寂，让人毛骨悚然的死寂。放眼看去。 这就是一个满是坟墓的世界，四面八方屹立着一座座墓碑，同时还有着密密麻麻的棺椁堆积着，死气缭绕，气氛压抑，看起来犹如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冥界。如今的一幕，这才是真正的阴魂种。季青山等人无法再保持先前的平静，没有想到里面会是这样的一番惊心景象。不仅如此，随着他们的到来，一股肃杀之意自四面八方升腾，浩浩荡荡，整个阴魂种都在剧烈轰鸣起来。嗡、嗯。除此之外。 周围地面插着各种刀枪剑戟，当下皆是不停颤动，弥漫出惊人的杀意。天雷不断在头顶之上划过，巨响不绝于耳。瞬间，所有人只觉得身陷尸山血海当中，情绪都变得狂躁起来。季青山几乎被周围的杀气所影响，眼眸当中闪过猩红之芒。不要被影响，把心静下来。他连忙开口，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额头早已布满了汗珠。阴魂种内的所有人，当下连忙调整着情绪，让内心平静下来。 好可怕，这里好浓郁的杀气，光是凭借气息就足以对我们进行镇压，真不敢想象这些阴魂活着的时候得有多恐怖。他们口干舌燥的喘着粗气，好在没有遭遇其他的情况，否则他们或许将会面临巨大危机。这里面所蕴含的杀气一旦爆发，恐怕他们全部都得葬身于此。眼看着其他人的情绪平复下来，呼，季青山长出了一口气，眼中露出了凝重之色，再次环顾周围，阴魂种着实可怕。 如果不是他们体内的血脉以及大秦帝国后人的身份，恐怕之前就已经死在了这里。而观看着直播的外国观众，一个个心惊肉跳，还好没能进去，不然的话，我们都得死啊！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太可怕了，光是看着就让我头皮发麻。就算有奇珍异宝，我都不敢进去看上一眼。大秦帝国的阴魂种，仅仅只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却拥有着那么巨大的威力，不可思议。要是埋葬在里面的那些大秦帝国的阴魂还活着，不敢想啊！ 那里面都是大夏人的老祖宗，我们毛熊国要是有这样的老祖宗就好了。如果异族入侵，大夏的人完全可以躲到里面。那些异族想要进去，肯定只有死路一条。这不仅是所谓的机缘造化，更是一个绝佳的避险之地啊！他们看到了阴魂种的模样，皆是心惊肉跳，止不住的惊呼。没有人想到，一个全部是棺椁、墓碑的地方，居然存在那么可怕的威力。大秦帝国的一切都太过吓人。至于大夏的观众看到纪青山等人没事之后，这才重重的松了一口气。 但他们很快又紧张了起来，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准确来说，他们能从阴魂种当中得到什么，了解到什么，而这是目前所有人想要看到、了解到的情况。而随着之前的插曲，阴魂种中，季青山警惕的看了一眼周围，深吸一口气，尽管知道这里不会对我们造成危险。可一切还是要小心为妙，不可乱动，不可思议接触这里的物品，听到没有？他看向身后的一众修仙者，认真的叮嘱着。 当看到众人认真的点头，他才重新将目光看向前方。于立群脸上的震撼之色依旧，说道：“没想到，没想到！”他一阵感慨，只觉得太过于梦幻。自己半截身子已经入土，却不曾想还能够踏上修仙之路，成为一名修仙者。除此之外，当下又能够看到来自大秦帝国的阴魂冢，这里面埋葬的不仅仅是大秦帝国的阴魂，还是大夏人的先辈们。季青山点了点头，目光落在了前方数十米外的一块巨大石头。 上面似乎还雕刻着文字，这里感觉就像个宫殿一样。他嘀咕了一句，随后说道：“于老，我们过去看看。”阴魂冢的布局就如同一个巨大无比的宫殿，恢宏却透露着惊人的气息。伴随着两人的靠近，于老，看来这一趟，还是得麻烦你来当翻译了。季青山看不懂巨石上的文字，紧紧盯着，颇为好奇地说了一句：“闻言，交给我就好。”于立群点了点头，凑近观望起来，嘴上翻译道：“秦皇四十年，大秦举国飞升。” 却不曾想，星空之外异族无数，本于蓝星无敌的大秦显得尤为渺小，强敌太多太多。祖星之外的宇宙，有异族发现了蓝星的存在，欲要对蓝星进行入侵，大秦被迫与之交战，无法探索其他宇宙。这一战，那是大秦飞升之后的第一战，亦是大秦有史以来最为惨烈的一战。翻译出来，他整个人呆呆的愣在了原地，就连旁边的纪青山，也都瞳孔一缩。早在两千多年前，蓝星就已经出现了异族入侵的情况。 而且，就是大秦帝国飞升之后的第三年，轰！就在纪青山等人难以置信之时，一道巨大的轰鸣声回荡在阴魂中，瞬间地面震动，耳边有阵阵喊杀声传来。突如其来的动静，让纪青山、于立群以及众多的大夏修仙者愣在了原地。那是，众人当中，有人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并且哆哆嗦嗦地指着众人前方。所有人将目光看去，皆是不约而同地瞪大了眼睛。在他们倒吸凉气之时， 空间开始扭曲起来，不断朝着周围扩张，就像是波纹荡漾，迅速蔓延。仅是眨眼的时间，一个巨大无比的画面呈现在所有人的面前。杀！杀！杀！陛下，不如我们跟他们拼了！你们这些该死的家伙，想要踏足祖星，就必须从我们的尸体上踏过去。众人顿时恍惚，下一秒就身临其境，抵达了浩瀚的星空当中。耳边传来了一句句充满了坚决与愤怒的呐喊。听到声音，他们猛地回过神来，浑身颤抖。 只见四面八方，一尊尊恐怖狰狞的怪物踩踏在星空当中，嘴里发出阵阵咆哮。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个长着人面兽身的诡异存在，脸上带着冷笑，正在死死的盯着前方。放眼看去，周围至少存在了三个不同种族的异族，密密麻麻，数之不尽。而他们看着的，则是一个个满脸怒意、身着战甲、脸上却没有丝毫惧怕之色的大秦疆土。当下的局势，两千多年前的大秦，被异族所包围，岌岌可危。 低劣的人类也能行走于宇宙当中，真是不可思议呢！不要试图抵抗，否则你们只有死路一条。放下你们的武器归降，或许大人还能饶了你们的命，给你们一个奴隶的身份。哈哈哈！诸多异族当中，各种各样的话语层出不穷。面对大秦，他们丝毫没有放在眼里，甚至大秦在他们看来，只不过是弱小的蝼蚁，根本就不值一提。朕在，祖星就在。在纪青山等人头皮发麻之时。 大秦的疆土当中，眼眸深邃、俊朗的秦政缓缓走出，神色睥睨的环顾了一眼四周，腰间秦皇剑嗡鸣作响，朗声道：“异族欲然指祖星，该如何？杀！”面对数量远远多于大秦的异族，听到秦政的询问，不约而同的进行了答复，没人畏惧，没人怯战。这一刻的大秦疆土，皆是视死如归，面对强敌丝毫不惧。听闻身后疆土的答复，甚好。秦正龙袍无风自动。 眼眸闪烁间，霸气拔剑，剑锋指向前方异族，喝道：“且让他们见识朕的铁血大秦！”身后祖星，不容异族践踏，此乃逆鳞，触则死。他的声音犹如天雷，疯狂炸响。一瞬间，哪怕数量不如三方一族的大秦将土，土气在这一刻猛然暴涨。陛下有令，杀异族！将土们，随吾杀敌！杀！一个个大将在这一刻杀意沸腾，眼睛赤红的看着周围的异族。 没有任何的犹豫，冲杀了出去。尽管数量要少太多，可却无人退缩。伴随着大臣与将土们的冲杀，尔等此举找死！秦政手中长剑嗡鸣，目光落在了其中一名异族强者身上，冷冷开口。下一瞬，他的身影消失不见。等再次出现时，一道剑光璀璨至极，仿佛要将星空都给斩成两半。恐怖的剑气纵横开来，扑哧一声惨叫传出，那名异族的强者头颅高高抛起。 鲜血如注，瞬间毙命。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其余异族强者瞳孔收缩，神色凝重。先杀了他！几乎是在眨眼之间，他们就达成了共识。剩下的两方异族统帅没有任何犹豫，出手间幽光绽放，直奔秦政而去。可即便以一敌二，尔等既想取死，朕自当成全。秦政神色不变，冷声开口，语气的冰冷像是要把周围的一切都给冰封。只是身形一动，他像是游龙一般。 身后出现了一道道残影，下一秒，他再次出剑，剑鸣刺耳，他似剑仙降临，一剑光寒十万里，剑气蔓延之下撕裂星空战场上的一个个异族，顷刻间，整个星空战场血液抛洒，生命不断消逝。秦正以一己之力与两方异族的至强者站到了一起，砰，砰，砰，寒光凛冽，一招一式皆是让空间为之崩溃。而在周围的大秦将土，面对诸多异族，他们没有退后半步。 而是视死如归的，不断朝着前方冲杀，大战一触即发，血腥残酷的画面不断浮现，甚至随着画面的闪烁，大秦的疆土越来越少。反观，伴随着星空大战的动静，引来了又一批异族的降临。轰隆隆，整个星空摇摇欲坠，像是随时都会化作虚无。但传朕旨意，刘修仙传承于祖星，供后人继承。当下，秦正身上的龙袍早已被异族的鲜血浸湿，决绝道：“祖星所有战力。” 皆奔赴星空战场，死战。这句话像是下了某种决定，他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复杂，随后再次与几名异族至强者展开了激烈厮杀。一瞬间，画面给到蓝星，一个个大秦疆土得到了命令，皆是视死如归的奔赴了星空战场，加入了与异族的厮杀当中。任何一名大秦的将土，眼中都充满了决绝，仿佛他们踏出蓝星的那一刻，就再也没有想着要活着回去。整个星空战场早已经被鲜血染红，多出空间崩塌。 无数的尸体漂浮在浩瀚无边的星空当中，惨烈的大战让大秦死伤惨重。可即便绝世无比艰难，却从没有人想过要放弃，因为在他们身后，乃是祖星，是逆鳞，异族若处死。大战不知道持续了多久，大秦的疆土早已经杀红了眼，陷入了麻木当中，可却奋不顾身地斩杀着要入侵祖星的异族，直至最后，多方异族露出了恐惧之色，看着哪怕失去了一条手臂依旧单手厮杀，看着早已经红了一眼。 煞气滔天的大秦疆土开始撤退，这些哪里是什么人类，分明就是不怕死的怪物，一群疯子。一个又一个异族大军开始撤离，口中止不住的谩骂，却无法掩饰内心的恐惧。而此时，秦正一剑斩杀想要逃跑的一个异族当中的至强者，犹如一个血人，眼神摄人心魄，哪怕只是一眼，就足以令人陷入万丈深渊。震起，他浑身散发着滔天的煞气，冷喝一声，一刹那，属于异族的血液从四面八方不断汇聚。 开始沸腾了起来，于星空当中勾勒出了一个惊天大阵的框架。至于大秦疆土的魂魄，则是一个个呈现了出来，进入了大阵。秦正握住手中长剑，随着剑光闪光，鲜血滴落在大阵之上。朕以此阵护祖星安宁。他缓缓开口，像是言出法随。整个大阵绽放出滔天血光，随着他一掌拍出，大阵将蓝星笼盖了起来，散发着惊天威能。做完这一切，随朕踏星空，开疆拓土。 秦政眼眸寒光凛冽，长剑指向了异族撤退的方向，声音冰冷无比。这一战，不只是守护了蓝星，同时还是大秦帝国开辟疆土的一战。画面的最后，秦政踏足星空，霸道无匹，煞气滔天。在他的身后，即便经历了惨烈的大战，一个个大秦将土眼中闪烁着极致的神采，吐气高昂，气势汹汹的朝宇宙深处进发，直至画面逐渐消散。咕噜，季青山。 于立群等人依旧呆滞在原地，眼神尽是茫然。先前的一幕幕画面，在他们的脑海当中不断浮现。大秦帝国飞升之后，遭遇了异族，面对想要入侵蓝星的异族，秦政寸步不让，反而率领着大秦拼死厮杀。那恐怖的执念与意志，杀到让异族为之胆寒，为之忌惮。开始了撤退。这一次，他们承受了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无法想到大秦能有那么恐怖的今天，一开始竟会是那么艰难，甚至…… 秦政都已经做好了灭亡的准备，特地给蓝星留下了仙道传承。大秦飞升之时，蓝星之外的星空竟然已经出现了异族。那一场大战，大秦损失惨重，甚至调遣了所有兵力，只为守护蓝星。大秦的将土们哪怕以少敌多，可却没有人退缩。尤其是秦政，面对诸多强敌，却依旧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好强！昔日的大秦奔赴了星空，在宇宙当中开疆拓土。看完了画面之后，季青山、于立群等人回过神来。 忍不住的惊呼开口，先前的一幕还在他们的脑海当中浮现。惨烈大战之下，大秦损失惨重，可却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哪怕敌众我寡，秦政与无数的大秦将土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蓝星异族不可染指。此时此刻，众人再次陷入震撼之中。大秦到底是怎么坚持到现在的？他们的鼎盛绝不是偶然。这个阴魂种，肯定还有更多的信息等着我们去发现。大秦帝国，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了解清楚。 季青山与余立群相视一眼，看到了彼此眼中的震撼。先前画面当中的星空大战，哪怕到了现在，他们还是会头皮发麻。哪怕岌岌可危，哪怕有极大的可能被覆灭，但秦政与大秦疆土没有退后半步，死死的把蓝星护在了身后。而直播间，无数的观众为之动容，难以置信的看着直播画面。两千多年前，蓝星就已经被异族盯上。我们之所以能够存活至今，都是大秦把异族抵御在了蓝星之外。秦政最后是在布置大阵。 让大阵守护着蓝星，不让那些异族践踏蓝星的土地。他们，他们居然为蓝星做了这么多。正哥，我的正哥啊，你当年居然守护了蓝星，选择奔走宇宙开疆拓土，难道就是为了寻找新的生活土地吗？那这么说，我们岂不是很快就能够被接过去？面对那么可怕的异族，大秦没有退缩，视死如归的选择跟那些异族死战。尤其是正哥，他当年就已经那么强，面对几个异族的至强者，却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以一己之力率领着大军化解危机，甚至让那些胆寒。天呐，咱们之所以还能安然无恙地生活在蓝星，都是因为秦政布下的阵法。如果不是那个惊人的大阵，说不定蓝星早就已经被那些异族占据，人类已经灭亡。一两千年前究竟都发生了什么？大秦帝国又在宇宙中经历了什么？他们刚飞升就遇到了那么多的异族，秦政想要开疆拓土，遭遇的敌人、经历的大战又有多少啊？无论哪一国的观众，当下彻底炸开了锅。 没有人想到，大秦帝国昔日居然经历了那么惨烈的大战，死伤惨重。可即便如此，秦政依旧没有停止脚步，率领着大秦前往了宇宙深处。他们没有想着返回蓝星休养生息，反而布下大阵，把蓝星保护了起来，只身前往了更为浩瀚的宇宙，以开疆拓土的方式，去消灭蓝星之外宇宙当中的异族。光是想到这里，无数人头皮发麻，口干舌燥，尤其是大夏的观众，心中掀起惊涛骇浪。 难以相信之前所看到的画面与事实，大秦付出了那么多，只为守护蓝星，哪怕已经修仙飞升，可还是没有抛弃蓝星，哪怕要面对诸多强敌，却没有打算退后一步。而在无数观众为之震撼，阴魂种当中，在场所有人才总算是从之前的震惊中回过神来，呼，他们长出一口气，神色为之复杂。毕竟，没有人想到大秦在两千多年前为蓝星付出了那么多，面对异族没有后退，反而是主动出击。 这也不免让众人越发的好奇，大秦之后究竟又经历了什么？而蓝星，又或者说大夏之后变成了怎样？真正的历史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诸多的疑问在纪青山等人的心中升起，忍不住想要尽快的了解到真相。除了大秦之外，大汉、大唐这些朝代又是怎么一回事？毕竟之前，整个蓝星都亲眼见到了霍去病跟刘彻，而大汉却只是大秦的一个诸侯国，这样的信息让他们无法解释。 眼下只希望阴魂种能够有关于这方面的信息，让大夏掌握，去认知到真正且完整的大夏历史。季青山深吸了一口气，目光望向前方道：“于老，我们继续到前面看看，这里的东西只要不乱碰，想来就不会有危险。l 反正阴魂种在大夏境内，又是大秦帝国赐给我们大夏的机缘造化，别的国家别说抢，就连进入的资格都没有，根本就不需要着急。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的搞清楚大秦帝国昔日的历程。” 以及大夏历史上的诸多朝代到底是怎么回事？大汉为何会是大秦帝国的诸侯国？这些，都是他想要了解清楚的。于立群闻言，认真的点了点头。局长，我赞成你的提议，他没有反对，眼中同样带着迫切。达成了共识之后，两人也不再犹豫，朝着前方走去。每走出一步，他们感觉周围的虚空当中，仿佛有着阴魂苏醒，似乎一双双看不见的眼睛，正盯着他们。可是。 季青山等人没有停下脚步，反而每迈出一步，步伐就越发坚定。而没走出多久，右侧的壁画引起了众人的注意，目光齐齐看去，随后就看到了雕刻着一群人类踏空而行，奔赴宇宙的场景。而在壁画当中，一面旗帜顿时引起了于立群的注意。汉，大汉！他猛然一惊，深吸了一口气。壁画上雕刻着的乃是大汉时期。一瞬间，季青山猛地凑了过来，看着壁画，瞪大了眼睛。大秦飞升之后。 大汉也飞升了，他失声喊了一句，显得极不平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得清楚为什么之前大汉国自称是大秦的诸侯国，而历史上的汉武帝在大秦帝国被称之为汉武公，不是记载中的一位帝王。秦皇四十年，大秦倾举国之力与异族展开了激烈大战，陛下布置大阵守护蓝星，防止异族侵略，率领大军远赴宇宙深空开疆拓土。秦皇五十年，后人崛起，称汉，刘彻应运而生。 借助陛下昔日留下的仙道传承，带领后人修炼，踏入仙途，不断崛起。秦皇五十五年，十五年时间，大汉彻底达到巅峰。同年，大汉收到了来自陛下的召唤，于是毅然而然选择飞升，留下仙道传承后，奔赴星空与大秦汇合。在纪青山的震撼中，于立群翻译着壁画之上的文字，当翻译出来，他脸上露出了震惊之色。大秦帝国飞升之后，秦政留下了仙道传承，之后大汉得到传承，走向了巅峰。 可之后，秦政召唤是怎么回事？大汉在被召唤之后，也全部飞升，奔赴了星空。正在众人不明所以，面前巨大的壁画开始绽放璀璨之芒，轰隆隆，整个阴魂冢再一次震动起来，轰鸣声不断在周边炸响。突如其来的动静，让在场的众人以及直播间的无数观众屏住了呼吸，他们死死盯着前方的壁画，呼吸急促。在万众瞩目下，壁画开始荡漾了起来，一幅画随之呈现，栩栩如生。 陛下威武，大汉威武，先汉再无敌手。只见画面当中，四面八方，数之不尽的大汉将土阵比高呼，不停地呐喊。而在皇宫的大殿外，刘彻负手而立，不怒自威，透露着摄人心魄的威严与压迫。若能像始皇秦政一样，那该多好！他喃喃着，时不时抬头看天，眼眸当中浮现难以掩饰的向往。如今的大汉早已无敌，走到了巅峰。准确来说，刘彻的修为。 已经无法再继续精进，而在他旁边，稚气未脱的霍去病抬头看着天幕，满眼崇拜的说道：“我也想成为像始皇那样的人，能够在星空中征战，能够踏上更广阔的仙途，会有机会的。”刘彻看向旁边的霍去病，满脸宠溺的说了一句。可突然，天地炸响，整片天幕开始剧烈的颤抖起来，一瞬间，暗无天日。突如其来的异象，让刘彻等人脸色为之一变，怎么回事？他们神色紧张。 就像是有危险要降临，可下一秒，大汉已至巅峰，无法再进一步。尔等还不速速飞升，与正之大秦汇合！一道霸道无匹的声音从天穹之上传出。刘彻跟霍去病猛然一颤，大秦，他们呼吸急促，眼眸迸发强烈神采。紧接着，砰砰，整个世界像是要被颠覆。天幕上的虚空不断崩裂，在无数大汉子民的瞩目下，熠熠生辉的接引之光在这一刻洒落而下，覆盖了整个大汉的土地。 甚至有一条七彩大道，开始倾泻下,下。没等刘彻等人做出反应，宇宙中异族无数，大秦难以抵御。朕察觉祖星有修为波动，尔等自称大汉，朕概不追究。然战事迫在眉睫，大秦不可退。刘彻，朕命你率大汉飞升，踏仙路，顺着指引前来。朕在宇宙中等你。一句句属于秦政的话语不断传来。听到这一番话，刘彻呼吸急促，胸口一阵起伏。 刘彻领命，他躬身一拜，旋即在霍取并满是激动的目光中，朝着下方的一众大臣与铁血将土朗声道：“大秦需要我们，大汉今日飞升。”说完，他浑身绽放着神圣光芒，猛地一踏下，他一步踏出，登上了七彩大道，朝着天穹不断走去。霍去病没有丝毫犹豫，紧随其后。接引之光的降临，让无数的大汉将土身体腾空而起，飘向了七彩大道，脚下如有无形之力托起。 不断的出现了更高的虚空之上，大汉在这一刻，无数修仙者举国飞升，浩浩荡荡，气势恢宏。在纪青山等人与直播间无数观众再次陷入震撼时，画面开始发生变化。刘彻率领着大汉，顺着秦政的指引飞升，踏入了浩瀚宇宙当中。大秦负重前行那么多年，才有今日大汉之崛起。尔等随我，与大秦会合。他朗声开口，施展各种修仙手段，以极致的速度奔赴宇宙深处。随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大汉已经不知道在宇宙当中驰骋了多远的距离，反正已经彻底的远离了蓝星。然而就在此时，砰砰砰，画面中传出了震耳欲聋的声响，以及各种璀璨之光出现在大汉之人前方数百里外。在那里，像是有什么存在展开了大战。刘彻不敢怠慢，率领大汉大军再次提升了速度。这等他们赶到了战场，皆是神色动容。前方是一个浩瀚惨烈的战场，如今。 大秦的疆土正在拼人命的与多个异族疯狂厮杀，一往无前，从不退缩。周围的星空当中，已经遍布了诸多大秦疆土的尸体，当然，异族的尸体也不在少数。放眼看去，数之不尽。整个星空已经被鲜血染红，刺鼻的血腥蔓延开来。特别是在敌群当中，一道身影已然沾满了鲜血，每一次挥剑，血珠如同雨点般不断抛洒。秦正浑身煞气滔天，覆盖了这方星空。死，他只说了简单的一个字。 滔天的杀意在这一刻几乎化作了实质，刺破无尽虚空的剑芒映照在这星空当中。他大手一挥，势如破竹的剑气携带着毁灭之力，摧枯拉朽的横扫一方。顷刻之间，无数异族身体被斩成两截，生机消散，当场陨落。即便是联手合击的几个异族的至强者，也在这一剑之下死了两个，重伤三个。可即便秦政已经杀得麻木，已经杀得不愿再开口说话，却依旧能够看到。 大秦的疆土正在战场上艰难的抵抗，不断有人陨落，战损的比例更是大的惊人。看到如此惨烈的一幕，随我杀！刘彻的眼中弥漫着无法掩饰的惊天杀机，颤抖着厉喝一声，他以极致的速度冲向了战场。霍去病紧随其后，一个个大汉的疆土没有任何犹豫，红着眼睛，前赴后继的冲进了战场。该死的异族，想要踏过这里，先问问我们，给我死杀！我们来了，此战！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无数的大汉将土赤红着眼睛，哪怕战场的局势不容乐观，却义无反顾的奔赴，开启了惨烈的厮杀。看到大汉的大军支援而来，且加入了战场，大秦的将土眼中迸发神采，土气大涨。杀！杀！杀！他们有的失去了手臂，有的失去了双腿，有的失去了眼睛，但斗志与勇气却没有失去，再一次带着受伤的身躯冲杀。一瞬间，原本就要溃败的局势。 在这一刻稳了下来，而此时，霍去病也展现了无与伦比的战力，眉宇间满是自信，手中长枪不断横扫，尔等异族也妄谈入侵，且看我加儿等覆灭。他嘴中冷喝，长枪如龙，枪光凌冽，所过之处惨叫连连，尸体横飞。不远处的刘彻同样展现出了霸道之意，一次次出手，皆是镇压。刘彻率大军前来，听您的差遣。他将数百名异族抹杀之后，神色肃然。 看向秦政的方向，郑重开口：“如今的他把姿态放低，心甘情愿。毕竟这么多年来，秦政率领着大秦独自奔赴了宇宙，抵御着万族，可谓是孤军奋战。这一场大战，大秦方面更是损失惨重，落入下风。可即便这样，却没有退后一步，如此血性，如此顽强。不仅是秦政，一个个大秦的疆土都值得敬佩。”闻言，秦政目光看向刘彻，嘴角露出一抹渗人的笑意：“既然他们想要处逆鳞。” 那，他略微停顿了一下，手中长剑横扫一片异族大军，冷笑道：“随朕覆灭他们。”话音落下，他的身影消失在了原地。等再次出现，他一头长发飞舞，一双深邃的眼睛透露着猩红之芒，看着漫无边际的异族大军，哪怕战至最后一人，朕也不许尔等后退一步。秦政看着后方战场的大秦、大汉疆土，肃然开口。随后，他手中的秦皇剑爆发中极致的剑芒，映照了星空。 恐怖的剑气将星空寸寸撕裂，一剑落下，啊！惨绝人寰的凄厉惨叫响彻整个星空，摧枯拉朽的剑气横扫万里，大片大片的异族将土根本来不及反应，被剑气穿透，惨叫中化作了飞灰，荡然无存。而秦政没有停下杀戮，横推而出。刘彻见状，同样没有怠慢，大手不停镇压。霍去病则是一人足以匹敌千军万马，势如破竹，不断冲杀，杀到了异族的后方，翻天覆地。 可即便如此，战场的局势还是没有能够被轻易改变。大秦、大汉的疆土面对数量多出数倍的异族，随着厮杀的进行，又再一次的落入了下风。好在，面对秦政的霸道与坚决不让步，异族为了避免更多伤亡，选择了暂时的撤退。不多时，血腥的战场寂静下来。刘彻、霍去病等大汉之人看向秦政，神色复杂，没有说话，因为这一战，他们损失惨重，且没有增援。 只能孤军奋战到底。秦政沉默了片刻之后，最终轻叹一声：“既然祖星已留下仙道传承，朕决定斩断与祖星的联系。”他眼眸深沉地做出了决定，继续说道：“如今，即便等大汉飞升与大秦汇合，可宇宙中的万族不容小觑。即便撤退，他们还是会卷土重来。若我等战败，祖星必遭灭亡。只有斩断与祖星的关系，哪怕这样是把吾等后路也可以斩断，但只能如此。” 祖星的后人若能踏上仙途，朕无法再接引，只能依靠他们进行飞升了。话音落下，所有人陷入了沉默当中。可最后，无论是谁，皆是赞成的，点起头来。眼下，这是最好的办法。不然，他们若是战败，陨落在这苍茫的宇宙当中，那么蓝星将会遭受灭顶之灾。剑没有意义，以朕之剑，斩去一切与祖星的联系。秦正喃喃开口，身上弥漫恐怖剑意，头顶之上出现了一道白色细丝。 而周围的刘彻等人，头上同样如此，密密麻麻的白色细丝，冥冥之中似乎都在连接着蓝星。可下一秒，秦正头顶之上的白丝断去，手中的秦皇剑猛地横扫外出，能斩断一切的剑气蔓延八方。嗤嗤，在这一剑之下，所有人头上的细丝全部被斩断，且在他们的眼中露出了短暂的茫然之色。做完这一切，只能如此了。秦正喃喃，眼眸突然变得锐利且坚定，冷声道：“万族欲想与吾等为敌。” 那么无需去等他们卷土重来，随朕，踏平他们！一声令下，他手中长剑再次斩出，面前的虚空瞬间被斩出了一道巨大的裂缝。秦正一步踏出，其余人见状，脸上满是无畏，坚定的紧随其后。待到所有的身影都消失，画面到此结束。阴魂种内，季青山、于立群等人一脸茫然，脸色苍白，颤抖的看着面前消散的画面。大汉，大汉乃是大秦之后第二个举国飞升的。 他们的飞升，是秦政为之接引，依靠着仙道传承，大汉踏上了修仙之路，达到了巅峰，奔赴了星空与大秦汇合。这宇宙中的一族居然有那么多，甚至还把大秦逼到那么危险的地步，这才是真正的历史。而大汉，也的确是大秦帝国的诸侯国。原来是这样，在场之人嘴里止不住的喃喃，身体的颤抖也越发剧烈。哪怕之前通过壁画猜测到大汉也飞升前往了星空宇宙。 可他们却没想到，大秦与大汉经历了那么恐怖的大战。蓝星外面存在着万族，而大秦作为第一个飞升的先驱者，在星空宇宙当中不停征战，抵御着想要入侵蓝星一切异族。甚至在画面的最后，哪怕大汉也飞升前去汇合，可万族还是逼得秦正做出了斩断与蓝星联系的决定。这是何其惨烈！